温言看了一本书，书中和他同名的炮灰女配是豪门沈家的假千金，真千金归位后，她为了留在豪门，不惜给豪门大哥下药生米变熟饭，最后被沈家狠狠厌恶,恶打回原形，最后绝望自杀。看到这个结局，温言气半死，咋的？离了豪门就活不下去了？那豪门不是给了他一套豪宅和无数奢侈品吗？随便卖卖就有上千万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要是书中那个温言的话，早就退位让咸咸鱼躺了。结果一觉醒来，温言真的穿书了，而且。 穿在了给豪门大哥沈景修下药的那个节点。exm 盯着手里那杯下了药的橙汁，温言选择改变剧情。不料他刚转身，背后就响起了一道低沉冷漠的男声：“有事？”呃，温言认命转头，眼神飘忽，一眼都不敢看眼前的男人。晚上好啊，大哥，我散步呢，刚好从你房门口经过，你要出去吗？不好意思挡你路了。说着，温言就往一旁让了让。沈景修看了他一眼，皱起了眉头。大半夜散步，散到他房门口。 不过他和温言这个养女向来没什么交流，抬脚下楼，他没再多说一句话。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温言立刻松了口气，并忍不住在心中想：还好沈景修是个冰坨子。沈景修，他还没走远呢，他就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沈景修冷着脸回头，看到的却是温言的一张讨好的笑脸。与此同时，他却又听到了温言的声音：“哎呀呀，他怎么突然回头了？吓死我了！”但是这一回，沈景修却清楚的看见温言的嘴皮子压根就没有动。 他仍然保持着那副笑模样，他刚才听到的更像是他的心里话。沈锦修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难道是最近加班太久，精神恍惚了？温言却不敢看他，拿着橙汁就往另一个方向跑，心里装着事。温言完全没有看路，走着走着就和一个身穿旗袍、气质绝佳的优雅女人撞了个正着。苏漾被撞后微微皱起了好看的眉头，妍妍在想什么呢？怎么走路都不看路的？温言这才回过神来。 反应过来后，才发现此时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他的养母苏漾。温言是十一岁的时候被沈家收养的，一直到十八岁那年，她都是沈家唯一的女儿，深得苏漾的喜爱。直到生日那天，这种独宠的局面被打破，沈家真正的女儿流落在外十年后回来了。沈远和苏漾夫妇为了弥补亲生女儿，就给了她很多的爱。这些其实都是人之常情，苏漾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原身。只可惜原身贪得无厌，想要更多，一直在和真千金争宠。 最后把自己给作死了，但是现在既然温言接手了原身的所有，自然就不会再这么做了。他立刻向苏漾道歉：“对不起，妈，我刚才在宴会上多喝了两杯，有点迷糊，就下去拿了杯果汁。”温言嘴上虽然叫着妈，但心里却还是下不去这个口。毕竟他自己有妈，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而已。但这并不妨碍他心里对苏漾产生了由衷的赞美。苏女士今天可真美，说是三十多也不为过，真好看。苏漾皱了皱眉，他以为是自己幻听，因为他听见温言的声音夸她美。 说他看起来才三十多岁，可实际上他已经五十了，怎么回事？难道他醉了吗？苏漾甩了甩头，在看向温言的时候，发现已经听不到那奇怪的声音了。这一下他可以确定了，刚才是自己在幻听。今天是他的生日宴会上，他一时贪杯多喝了点。再说了，温言怎么会叫他苏女士？他一直都叫自己妈的。想到这里，苏漾便点点头道：“喝多了就早点回房间去休息吧，明天早点起，别忘了和你爸他们一起去公司报道。”呃。 公司上班什么的，温言其实并不感兴趣，倒是原主看到真千金被安排进了沈氏集团，自己也吵着闹着想去上班。不过此刻的苏漾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温言就不打算讨人嫌，拉着他不放了。等明天早上大家都休息好了再说，这事也不迟。回到原身的房间后，温言立刻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他现在已经二十二岁，大学已经毕业，完全有理由搬出沈家的别墅，没必要留在这里碍别人的眼，阻挡沈家父母和他们的亲生女儿团聚。 正忙着整理原身的电子产品，床上的手机忽然响了两声。他拿过来一看，发现是一个被原身备注为“乔可欣”的发来的微信。根据原身的记忆，乔可欣是他在豪门圈子里唯一的朋友，也是他的闺蜜。用指纹解锁打开手机后，温言看到了乔可欣发来的内容：“怎么样，妍妍，你得手了吗？睡到沈井修了没？你别忘了多拍几张照片，视频最好，记得要暧昧一点的角度。”这几条微信很快就触发了原主脑海中的某段记忆。 原来给沈景修下药的馊主意是这个叫乔可欣的提出来的。顺着这段记忆往前追溯，温言发现了这些年来原身的各种作死都离不开这个乔可欣的陷阱。这个乔可欣根本就不是什么好闺蜜，她就是个搅屎棍，就是嫉妒原身。因为这个乔可欣的身世和原身差不多，她是豪门妓女，可她的日子却不好过，所以她就嫉妒上了在沈家被优待的原身，处处给原身出馊主意，想看原身被沈家厌弃。偏偏原身又是一个拎不清的，身边又没有别的朋友提醒他。 一直都在被这个乔可心害，最后把自己作死。但是现在，温言冷笑，他也不收拾了，靠在床头就给乔可心发起了消息。没玩笑话你也当真？那是我大哥，我怎么可能给他下药？这件事情以后就别提了，被我家里人知道了对你不好，明白吗？温言之所以没有臭骂乔可心一顿，把他拉黑，是因为在搜索原身记忆的时候，发现乔可心找原身借了很多钱，不仅仅是钱，他还借走过原身的包包和首饰，有一部分到现在都还没有归还。这些。 温言都是要找机会拿回来的，所以现在他才暂时保留着这份塑料友谊。手机那头的乔可心正等着看好戏呢，没想到温言忽然来了这么一出，他一着急立刻就打了电话过来。喂，妍言，你这是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都计划好了吗？怎么突然就改主意了？好不容易你妈生日办宴会，你大哥也在家过夜，以后你再想碰到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哼，他急了。温言轻笑，可心，我说真的，你继父的生日也快到了吧？ 到时候你继兄肯定也会回来团聚，要不然你给他下个药呗。我可是为了你好。你你在说什么？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妍妍，你怎么突然不说了我妈过来找我了。温言懒得再和乔可欣多说，直接找了个借口挂断了电话。那头的乔可欣听说是苏漾过来找温言了，也不敢再打电话或发消息来，因为温言有句话没说的没错，如果让沈家人知道是他乔可欣撺掇着温言去给沈景修下药的话，那他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结束通话后。 温言立马翻阅起原身和乔可欣的聊天记录，紧跟着又查了一下两人之间的转账记录，默默给乔可欣记了个账。然后温言的目光就被银行 APP 中资产那一栏的一串数字狠狠吸引了目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他的银行卡里居然有九百多万的余额，将近一千万的巨资。原身是个千万富翁啊！这些全都是他养父母给他的零花钱，都有这么多钱了，还跟真千金争个毛啊！搞得温言都不想搬出沈家了。 感觉养父养母随便从手指缝里露一点出来，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一闪而逝。他不要啃养父母的老，他还有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穿书前温言就很喜欢演戏，只是吃了没钱没资源的苦。科班出身的他在校期间就签了经纪公司，只是他有自己的原则，不肯接受潜规则，因此还没正式出道就因为得罪资方老总被公司雪藏。五年后他终于熬到解约，但却只能低价参演一些无脑短剧。火了一部后，他成了一个小网红。 但为了过生活，依然没有挑选剧本的资格。可是如今他有钱了，一旦有了钱，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再也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了。退出银行 app，温言立刻上网搜索起这个世界的娱乐圈，他要看看现在这个圈子里都有些什么大佬，有哪些比较好的娱乐公司，有没有哪些剧组在公开招演员。这一搜就是一整晚。不过二十二岁正是年轻的年纪，第二天七点钟起床，温言依旧是精神抖擞。他甚至还在床上做了半个小时的拉伸瑜伽。 八点是沈家的早餐时间，这是规矩。沈家一共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外加一个养女。原生和真千金沈芷柔虽然都有自己的房产，但大学毕业后，他们俩基本都住在这里。四位少爷各自有自己的事业要忙，很少回来住。昨天夜里，更是只有大少沈景修留了下来。温言下楼的时候，沈远、苏漾以及沈景修三人已经坐在餐桌旁了。可直到温言落座，真千金沈芷柔都还没有出现。多年以前，苏漾身旁的位置一般都是原生的。 但自从沈芷柔回来以后，那个位置就变成她的了。今天沈芷柔显然是迟到了，要是搁原身，估计她就要去坐在苏漾旁边了。温言却没有争宠的意思，他只是在和每个人打过招呼后，默默拉开了沈景修身边的椅子。昨晚他心虚没敢好好看沈景修，现在近距离看了一眼，温言不得不承认，他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睡的样子。颜值不用说，就冲沈远和苏漾那万里挑一的模样，他们孩子的颜值都差不到哪里去。沈景修更是汇集了父母身上的所有优点，身材又好。 宽肩窄腰大长腿，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是个大冰坨子，明火都融化不了的那种。也不知道原身是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想给他下药。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名义上的哥哥，温言对他并没有非分之想。而他刚坐下，养父沈远就发话了：“开动吧，吃了饭，妍妍坐我的车去公司。”这就开饭了。温言有些惊讶，可是爸，我们不等芷柔了吗？不用等她了。说话的是苏漾。昨天晚上，芷柔的养母突然病发住院，他连夜赶去了医院。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哦，原来是这样，芷柔真是辛苦了。温言说完，忍不住又在心里感慨：苏女士连说话都这么温柔，她真的是一个好母亲。不过一会儿，我要是反悔说我不想去公司上班了，她会不会觉得我太儿戏呢？毕竟之前吵着闹着要进公司的也是我本人。但是眼看着神元已经开动，就连身边的沈景修也默默喝起了粥，温言就不敢说话了，因为父子俩身上散发的气息太冷了，仿佛两台制冷机。温言决定等吃完了再说。他低头喝牛奶。 完全没发现坐他斜对面的苏漾一脸的不可思议，因为苏漾又听到温言说话的声音了。可他明明看见温言连嘴皮子都没有动一下，怎么会这样呢？苏漾没忍住问温言：“你刚说什么？妍言，我没听清楚。”苏漾这一开口，饭桌上的其他三人全都停下了吃饭的动作。温言眨了眨眼，有些懵：“我后来没说话了呀，妈，你听错了吧？”温言也有些纳闷，说他听错了也不对，因为刚才一桌子的人压根就没有任何人讲话。沈远则是有些担忧的看向了苏漾。 是没有休息好吗？要不今天就不要去工作室了吧。温言暗自点头，心里又想苏女士肯定是昨晚喝多了，也是生日嘛，换我,我也开心。苏漾再次瞪大了眼睛，但是很显然，现场除了他，所有人都没有听见温言的话。看样子，就连温言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这是什么？他的心声吗？为什么他的心声一直叫自己苏女士？还有他刚才说不去公司了是什么意思？一顿早饭，苏漾吃得心不在焉，温言也是，终于熬到沈远放下碗筷。 温言这才深呼吸了一口气，爸妈有件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什么事？沈远放下擦手的湿毛巾，将目光投向了温言。温言讪讪笑了下，语气认真的说道：“爸妈，之前是我不懂事，总想着和芷柔争，所以听说她要去公司上班以后，我就也闹着要去公司。但其实我专业都不对口，她学的是管理，我学的是设计，我并不合适。所以冷静过后，我决定不去公司了。希望爸妈能够原谅我的任性妄为。”温言言辞恳切，一番话下来，沈远和苏漾都对他刮目相看。 就连平时和他没什么交流的沈景修都特意看了他一眼。过去几年，他总和沈芷柔明争暗斗的，因为并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犯下什么大错，所以沈远和苏漾夫妻两人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们夫妻两人私下里也交流过，如果有一天温言真的做出了对芷柔过分的事情，那么他们也不会偏袒温言。只是没想到他今天会忽然这么坦白，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但他能想通最好。如果他一直抱着和芷柔打擂台的心态去公司，那么对公司也不会有什么贡献。 所以沈远很快就点头应下了，可以，那你就不用去公司了，去做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只要不是太离谱，我和你妈都没有意见。嗯，谢谢爸，谢谢妈，哈哈，看来沈先生也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冷酷，他其实是个好父亲，不管是对亲生孩子还是对我这个养女。沈远微微睁大了眼，他听到了什么？刚才是温言在说话吗？没有吧？可是他明明听到了温言说话的声音，他下意识看向了苏漾，因为刚才温言明明什么都没说，苏漾却怪异的问他说了什么。 可是这一次，苏漾脸上完全没有异样的表情。很显然，苏漾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刚好这个时候，管家来请说司机已经准备好，沈远便就起身离开了餐桌，没再纠结刚才的声音。苏漾立刻也带着温言，将父子两人送到了别墅门口。苏漾跟沈远话别的时候，沈景修就在一旁扣袖口。他手指修长，半低着头垂眸时，长长的睫毛像小刷子一样遮盖住眼睑，这绝美的侧颜，美颜暴击一万点。大哥也太帅了吧！他有钱又有颜。 帅成这样还让不让其他男人活了？沈景修扣袖扣的手顿住了，又来了，这种声音又来了。他微眯着眼看向了温言，目光锋利如刀。温言下意识咽了下喉咙，我怎么了吗，大哥？听到他们这边的动静，苏漾不由朝他们投来了目光。他看了沈景修一眼，话却是对温言说的：“妍妍，你大哥的领带有点歪了，你帮他正一正。”温言心脏宕机半秒，从被收养至今，原身都没和沈景修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吧？记忆中沈家几个兄弟很早就去国外留学了。 倒是家里两个女儿一直留在国内上学，沈景修学成回来后就直接进入了沈氏集团，年纪轻轻就成了霸总，很难靠近。可现在苏漾发话了，他距离沈景修又那么近，举手之劳的事情，他要是还推脱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大不了就当这是一次锻炼演技的机会嘛。假如以后演戏的对手是个高冷男神，难不成就因为他很难接触，他就不演了？做完心理建设后，温言立刻就朝沈景修走了过去，他向沈景修的领带伸手，沈景修也没有阻止的意思。 这令他松了一口气，同时心理活动也活跃了起来。嗯，侯杰也很性感，系着领带的样子真是帅爆了。沈景修，这又是他的心里话吧？他在想什么？这是他能想的。沈景修忽然按住了自己的领带，放手，我自己来。哦，手被碰到了一下，温言触电般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手。大少爷果然很难相处呢，还好不用经常和他相处。沈景修一会儿骂他冰坨子，一会儿夸他帅，一会儿又庆幸不用和他相处。女人都这么善变的吗？ 目送父子两人的车开走后，苏漾转身拉住了温言的手：“妍妍，走，陪妈去花园散散步。”好。说话间，温言愣了一下，有些话不能说出来，也就只能在心里想想了。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苏女士应该很久很久都没有拉过这只手了吧？一时之间还真有些不习惯。苏漾也是一愣，他又听到温言的心声了。是的，自从芷柔回来以后，他确实和妍妍疏远了很多，所以妍妍才会处处和芷柔争抢，想要引起父母注意的吧？现在妍妍想通了。 也不打算去公司和芷柔争了，她好像也该对两个孩子公平一些了。妍妍这孩子心里甚至都不再叫她妈妈，而是叫她苏女士了。想到这里，苏漾不禁感到自责，就连说话的语调都变得更加温柔了。妍妍，既然你决定不去公司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打算做什么？你大学学的是设计，要不然你就来妈妈的工作室吧，妈妈手把手教你。苏漾的工作室知名度很高，不少设计师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但温言听了这话后却是摇头拒绝了，他选择实话实说，妈。 其实我并不喜欢设计，我喜欢的是表演。说来让你笑，当初选设计其实是为了讨好你。那个时候刚好芷柔回来了，我怕你以后不要我。结果我学的也不好，毕业作品也是班级最低分。那时候是我钻牛角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再去打扰芷柔，不让你和爸为难。妍妍，你这孩子懂事了。毕竟十一岁就养在了身边，十八岁沈芷柔回来之前的那七年，苏漾给了温言所有的爱，温言也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治愈了因为失去女儿而患上了抑郁症的苏漾，只是只要回来以后，这孩子就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了。但是今天他又想通了，真好。苏漾现在甚至觉得是老天爷特意让他听见温言的心声，好修补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苏漾真心感到高兴，他也继续起刚才的话题：“你说你喜欢表演，那要不要我给你报一个表演班，然后再给你找一个经纪公司，或者我们自己开一个工作室也行，可以让你二哥带着你。”苏漾本身就是享誉国际的大设计师，专门设计各种珠宝，和娱乐圈的很多经纪人都有合作。如果他肯出面的话， 帮温言找个好的经纪人绝对不在话下，不过反正现在不缺钱用，温言还是想自己试一试。谢谢妈，但是不用了妈，我想先凭自己的努力去闯一闯。如果后面实在是找不到门路的话，我再来回家找妈也不迟。怎么，听你这意思好像是已经有计划了？可以跟妈说一说吗？温言点头。我在网上查了查，有一个新晋导演的剧组正在招新演员，我打算过去试一试。这次他们主要招新人，我这样没什么经验的刚好合适，是吗？是哪一位导演啊？你说出来。 我看看我和他之间有没有交情，妈，我知道你是想为我铺路，但是呢，那个导演这次之所以招新，就是想要避免关系户，因为他更加看重的是作品的质量。如果手下都是关系户或者是大牌，表演的时候都拿乔不听他的，那整个作品的质量就会下降。所以，我如果让你替我出面的话，搞不好会适得其反。那好吧，苏漾爱怜的摸了摸温言的头。那这次你就放手去做，遇到困难就跟爸妈说。好，我一定会的。报名明天就要结束了，我今天就得把事情资料交上去。我的相机放在了公寓那边。 我打算过去一趟，可能今天晚上就住在那边了。你是打算自己拍视频吗？要不你还是跟我去工作室吧，让我工作室的摄影师给你拍。不用了，妈，就是个基础资料而已。让你工作室的摄影师出面，那就太大材小用了。啊，苏女士可真好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养母？我要怎样才能报答苏女士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呢？听到温言这样的心声，苏漾不禁一愣，对温言的心疼又多了几分。失去亲生女儿的那几年，如果不是这个孩子，她可能早就疯掉了，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傻孩子，你这么贴心。 妈妈愿意为你做一切事，谢谢妈。不过现在芷柔回来了，你们失去了芷柔十几年，应该要好好补偿她。还有四个哥哥也是，妈，你可以要一视同仁啊。会的，你们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嗯，时间也不早了，妈，你该去工作室了吧？是该过去了。要不一会儿，苏漾话还没说完，手机就响了起来。他拿出来一看，笑着对温言说：“是芷柔打来的，我接个电话。”温言点了点头。那我先回房间去收拾一下。等温言收拾好一个小行李箱下楼的时候，苏漾还在和沈芷柔通话。 温言不想打扰他，压低声音和苏漾道了个别，就出了门。苏漾看了眼他手中的行李箱，有心想问几句话，奈何电话里的沈芷柔压根就没给他机会。温言拉着行李箱来到了车库，看着眼前那辆骚包的保时捷跑车，他挠了挠头：第一，这么招摇实在不是他的风格；第二，他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这车用来代步好像也不怎么舒服。回头还是卖了换辆低调的大奔吧。捣鼓好半天，温言才顺利把车子开走，一路上还吸引了不少目光。等到了市中心的公寓。 他也顾不上熟悉这个家了，换了身修身塑形的瑜伽服，他就架起了摄像机。关于地交的海选资料，那个导演要求演员素颜，要清晰的露出五官，不可以戴美瞳，不能穿高跟鞋，正面、侧面、背面都要展示。这对穿书前的温言来说很简单，对现在的温言来说也不是事。这具身体的体态很好，身高体重也都符合当下女演员的标准，长相也属于上乘。浓颜系，扎起马尾，穿上白 T 恤，又不乏纯欲风的感觉。温言很快就拍好了视频。 然后他又打开笔记本电脑，做好了电子简历和视频一起打包发到了剧组的邮箱。邮件刚发出去，就收到对方的自动回复，说是如果通过海选，会在十天之内给出回复。做完这一切后，时间也来到了中午。温言松了一口气，瘫在沙发上开始给自己点外卖，还没选定到底点哪家，乔可欣的电话就又进来了。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温言才不理会他，直接按了静音，一直到他吃完饭，这才给乔可欣发了个消息过去。怎么了？刚在忙，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还是打字说吧，我现在也不方便接电话。对方立刻就回了消息过来：“妍妍，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听说沈芷柔今天已经进了沈氏集团，但是你没去，这是真的吗？你不是说你爸妈已经同意让你进公司了吗？”哼，看到乔可心发来的消息，温言不禁冷笑出声：“这个乔可心还真是无时无刻不想撺掇他和真千金内斗啊！可惜他不是原身，不会再这么作死了。”动了动手指，温言懒洋,洋洋地回了乔可心一句：“不想去了。”一长段话。 就换回不冷不热的四个字，这可急坏了乔可心，他立刻就打了电话过来。喂，妍妍，你这两天到底是怎么了呀？要不我们还是见一面吧，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说。好啊，反正海选结果要到十天后才出来，温言暂时也没有别的安排，他打算干脆趁这个机会好好会会这个乔可心，把这臭不要脸的欠原身的钱财全部都要回来。那就约在我们常去的那家美容院见面吧，我记得我的会员卡还在你那里，你把卡带上。这个乔可心平时总白嫖原身。 上次更是直接把原生的会员卡给借了走，现在听温言这么提议，乔可欣也没有任何怀疑。好的，妍妍，那我们就约在两点钟吧，先一起去做个全身 spa，然后在一起吃个晚饭，逛逛商场。这个时间安排你没意见吧？当然没有。温言不仅没有意见，甚至还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美容院。原生是这里的 V V I P 客户，因此温言一过来就受到了美容院的款待。温言一边感受着金钱的超能力，一边也没忘交代客户经理他一会儿要做的事情。两点钟的时候，乔可欣准时来到了美容院。 他很快就被带到了温言所在的包间。妍妍，你什么时候来的？到了怎么也不给我发个消息？温言正在翻杂志，听到乔可心的声音，立刻看向了他。哎呀，我也是刚来。可心，你快过来看看，今天要做哪些个项目？乔可心见温言还是和从前一样热情，立刻走到他旁边坐了下来。他主动接过了招待经理手中的平板，十分熟稔的滑到了某一页。就还是以前那个贵妇套餐吧。不过我听说最近那个蜗牛原液挺火的，要不今天我们试试？好的呀。温言冲乔可心笑了笑。 还是你的眼光好，一眼就挑中了最贵的。乔可欣老白嫖怪了，听了温言这话，根本就不觉得尴尬。一分钱一分货嘛，贵的好，那便宜的你敢往脸上敷啊？那倒也是、啊。那一会儿这个蜗牛原液精华，要不要带两瓶回去？毕竟咱们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过来。好呀，乔可欣满口就应了下来。反正花的是温言的钱，她一点也不心疼。那你打算带几瓶回去啊，妍妍，两瓶吧，先拿一点回去试试。你呢？那我也两瓶，和你一样。好啊。 会员卡你拿来了吧？还给我吧。现在，乔可欣看了眼一旁负责接待的经理，感觉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他忙打发那经理说：“你先先去给我们准备吧，这里不需要你了。”经理知道谁才是真的金主，光乔可欣发话可不行，他还得征询一下正主的意见。那沈小姐呢？还有没有别的需求？暂时不用了。那好，美容师马上就到，请二位稍后。招待经理一走，乔可欣就提起了会员卡的事。妍妍，你最近要用会员卡吗？是啊。 温言似笑非笑的看着乔可心，本来就是我的卡不是吗？借给你的时候也没说不用还吧？这回温言的话说的有够直白，乔可心听后脸色都变了。妍妍，你这两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是因为沈芷柔吗？还是沈家的其他人？你跟我说说吧，我也好给你出出主意。他还要想出主意呢，温言可无福消受。一会儿吧，今天来这里就是享受来了，我可不想提家里的烦心事。温言说着，朝乔可心伸出了一只手，卡。这都是温言第三次要卡了。 乔可欣脸皮再厚也没办法再继续装死白嫖下去了，她很不情愿，但还是把 V V I P 会员卡找出来还给了温言。没一会儿，美容师就推着小车进来了。乔可欣还想再问些什么，但温言干脆闭上了眼睛，不再开口。整个 SPA 一共做了两个小时。温言后来是被招待经理温柔的嗓音给叫醒的。他起来的时候，乔可欣已经去更衣室里换衣服了。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温言笑着把会员卡交给了招待经理。对了，这次只买我一个人的单哦，不要弄错了。招待经理露出一个专业的微笑。 请沈小姐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弄错的。温言很快也换好了衣服，并热情的和乔可欣交流着这次 s p y 效果，一路上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经过接待大厅的时候，先前的招待经理早就等在那里了，他手里提着两个精致的小纸袋。沈小姐，这是您要的两瓶精华液，还有您的卡，您看卡是帮您放在袋子里还是？放袋子里就好，麻烦你了。不麻烦，您请拿好。谢谢您的光临，欢迎您下次再来。温言点点头，微笑着伸手接过了纸袋。 经理随后又将另外一个纸袋递给了乔可欣，乔小姐，这是您的。乔可欣嗯了一声，接过纸袋后，拔腿就走。他丝毫没有觉得这其中有任何不妥，直到他走到门口，就在他马上要出去的时候，招待经理忽然追了上来。乔小姐，您的这次消费还没有付账呢。什么？乔可欣一脸被雷劈了的表情，她看着身旁的温言，满脸的震惊。他竟然没有帮自己买单吗？温言则是表现的比他还要惊讶，怎么了，可欣？ 你上次找我借卡的时候，不是说马上续费吗？怎么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没有交钱？大庭广众之下，还是这种高档场所，乔可心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精彩极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哦，是啊，过了太久，所以我忘记了。温言也跟着哦了一声，笑盈盈的说：“那你现在快去续费吧，我在沙发上坐着等你一会儿。”对了，周经理，我们都是你们老顾客了，你可要给可心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套餐。这是温言一早就和周经理商量好的。 周经理心领神会，立刻伸手对乔可欣做了个请的姿势。乔小姐，您请这边来，我仔细给您介绍一下。这家美容院的服务确实是好，但是价格也贵得离谱。但碍于颜面，乔可欣不得不跟着周经理去到了前台。乔小姐，我这边是建议您一次充值二十万元，这样所有项目和服务就可以享受三折的优惠了。对您现在这个消费频率来说是非常划算的。二十万还划算？他怎么不去抢？乔可欣的脸都要绿了，她很想转身走人，但她又怕被这些人看不起。 只好硬着头皮说：“其实我最近可能不常待在国内，所以应该不会来的太频繁。你还有其他档位推荐给我吗？”“有的。”周经理立刻介绍说：“还有十五万档和十万档的。您如果今天一次充值十五万的话，那么就可以享受五折的优惠；一次充值十万的话，享受的就是七折的优惠。您看您选择哪一种？”乔可欣咽了咽喉咙，哪一种她都不想选。他看了眼温言，却发现温言正在低头喝茶，丝毫没有发现他投过去的目光。 而那个周经理和前台的其他几个人一直盯着他看，乔可欣没辙，最后权衡了一下，只好咬着牙充值了十五万元。刷卡的时候，周经理又特别解释道：“对了，乔小姐，这个优惠只针对项目和服务，您拿的这两瓶精华是不参与折扣的，所以除了项目服务之外，还得再花掉您一万八千元。这里是小票，麻烦您签个字。”乔可欣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退了个干净，签字的时候连手都在颤抖。见他这副模样，温言忍不住勾起了嘴角。 花园生前的时候就不见他犹豫，花自己钱的时候他倒是知道咬牙切齿了。可这还只是个开始呢。温言起身笑着上前去挽住了乔可欣的胳膊，故意往他伤口上撒盐。怎么样，可欣，他们家会员划算吧？我觉得可合适了，下次我们还来。乔可欣心在滴血，暗暗咬着腮帮子道：“嗯，挺好的，下次我肯定来。”一下充值了十好几万，他不来才怪。好，那下回再约。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去逛商场去。前几天我才接到 C 家的电话，说是到了几款新包。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乔可欣在她继父家没什么地位，平时逛这些高奢店也都是蹭原生的会员，没少找原生借积分和钱。所以今天看包的时候，温言干脆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试包的时候，他就对乔可欣说：“我记得我还有两个经典包和一个今年的新款包在你那里吧？还有一条钻石项链，是你之前参加家族宴会的时候找我借的。一会儿我跟你去拿吧。”啊！乔可欣的脸一下就垮了。你这么着急的吗？妍妍，还要跟我回家拿？是啊，不是你叫我要跟沈芷柔打擂台吗？ 乔可心噎了一下，对你一定要比过他才行。可是这和你这么着急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温言张大了眼睛，一本正经的说：“你不知道，我借给你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妈送给我的。我妈为了一视同仁，送给我的东西一般都有沈芷柔一份，所以这些东西她也有。偏偏她这个人啊，特别不喜欢别人和她用一样的东西。那我就偏要和她用一样的，不仅用一样的，我还要把她给比下去。撞单品不可怕，谁丑谁尴尬，你说是不是啊？可心，是是吧？” 可是你不是都不打算去公司了吗？还怎么跟他装？你傻呀、啊！我只是不去公司上班，谁说我就不能去公司看我爸和我大哥了？他给公司打工赚的钱进了我爸的口袋，我爸又每个月给我零花钱，四舍五入他就是在给我打工。他每天苦哈哈上班，我却每天穿的花枝招展去他眼前晃悠，你说他气不气？乔可欣一时无言，这话好像还挺有道理。那你一定要今天去我家吗？怎么啦？你不方便吗？那我不进你家门就是了，我就在外面等你。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和沈芷柔打擂台了，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支持我吧？乔可心勉强笑了笑，支持我，当然支持你了，我永远都支持你。嗯，可心，你果然是我最好的姐妹。温言重重点头，又拿起一款包包给乔可心看，你觉得这款怎么样？这不是男款吗？其实是男女通用的啦。我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容量，可以装很多东西，而且才五万块钱也不贵。喜欢那你就买吧。好，不过今天我得找你借点钱。借钱？买包可以，借钱可不行。 乔可欣脑袋瓜子嗡嗡的，怎么了，妍妍？你这是遇上什么经济危机了吗？当然没有了，温言仍然是一副笑盈盈的模样，只是我没带卡而已。现在哪里还有人刷卡？都是电子支付。那你怎么不电子支付呢？因为我今天出门太匆忙，拿错手机了。这个是我的备用机，我连那些 app 都没有下载，就算有我也记不得登录密码了。你以前不也经常找我借钱吗？我偶尔找你借一次，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怎么会呢？乔可欣笑得比哭还难看。那我们赶紧去买单吧。啊，这么快啊？ 你自己今天不买了，不买了，我的包够用了，占不到便宜他才不买。可我还想再看看呢，要不还是改天吧。我订的那家餐厅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我们去晚了，他们可就过时不候了。哦，这样啊，那好吧，咱们现在就去刷卡。温言挽着乔可欣的手，面上别提有多高兴了。没办法，谁叫他穿书前是学表演的呢？而乔可欣只有一边掏钱，一边在心里默默哭的份儿。他不明白事情怎么突然就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从美容院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不在他的算计之内了。偏偏他还挑不出来刺，一直到走进他事先预定好的那家高档西餐厅，乔可欣才发现令他懊悔的事情又多了一件。温言今天压根就没带钱，本来他以为这顿会是温言请客，所以他才选了家最高档的。现在好了，今晚他得出钱了。而温言，他只假装没有发现乔可欣的不自在，一边走还一边说：“好饿呀，可欣，今天我可要敞开了肚皮吃。”乔可欣已经连笑容都挤不出来了。两人各自怀揣着自己的心思落座。 谁也没有注意到隔壁那桌座位上的人，沈景修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温言。温言被沈远带回家收养的时候，沈景修早已经出国留学。两人虽然是名义上的兄妹，但沈景修对原身几乎没有任何感情，也从未对他产生过任何好奇。直至昨晚开始，他竟然听到了他的心声。如今隔着两张椅子背靠背坐着，沈景修倒是想看看还能不能再听到些什么。温言完全不知道此刻坐在他后面的竟是沈家大少。他很快点好了菜，好不好吃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定要狠狠宰乔可心一顿。眼睁睁看着服务员下了单，乔可心的心都在滴血。为了省钱，他只好自己吃的差一点。偏偏这个时候，温言还半开玩笑的说：“可心啊，好不容易你请我吃一顿饭，我可不和你客气。”乔可心脸都黑了，不用跟我客气的，言言，想吃你什么，你尽管点。重要的是你吃的开心，那你就放心吧，我今天可开心了，做了 spa，买了包，还吃了大餐。乔可心要气死了，做 spa 害他充了十五万，买包找他借了五万。 就连这顿饭都得他付钱。今天出门，温言是一毛钱都没花，他当然开心了。乔可心怨恨的想着，似乎压根就没意识到，温言不过是照葫芦画瓢做了和他一样的事情而已。而这些都还只是钱财。趁着等餐的时间，温言忽然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支笔。他先是夸张的叹了口气，然后才说：“可心，其实刚才我骗了你。在 C 家买包的时候，你不是问我有没有遇到经济危机吗？我当时没承认，因为我不想被他们家店员听到，那样我会很没面子。”乔可心皱眉。 什么意思啊，妍妍？你发生了什么事了吗？嗯，是发生了一些事。可心，我的零花钱被家里停掉了，因为我处处挤兑沈芷柔。前天晚上我妈的生日宴会上，我们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我的零花钱就被停掉了。隔壁桌的沈景修，生日宴会那晚他在家过夜的，他怎么不知道温言和家里人闹了不愉快？至于零花钱，叮的一声，他的手机响了一下，他点开屏幕一看，刚刚好是银行卡余额变动的通知。虽然他早已经成年开始工作。 但家里给零花钱的这个传统却一直没变，父母一视同仁，家里四个子女加一个养女全部都有。而且，继他手机叮的一声响后，他几乎是同时听到了身后那桌温言的手机也响了一下，那八成是银行卡余额变动发来的短信提醒。温言当然也看见了，一下到账二十万，他都快要抑制不住嘴角上扬的弧度了。但戏才演到一半，他还没有过足瘾，还得继续下去才行。所以，可心，我现在是个既没工作也没有零花钱的穷光蛋了，还不知道我养父母什么时候才能够消气呢。 你帮帮我吧，可心。乔可心的嘴角抽了抽，呃，妍妍，你也知道的，我在我继父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我要怎么样才能帮到你呢？你放心吧，可心，我们是最好的姐妹，我肯定不会为难你的。只是之前你找我借的那些钱，恐怕今天就得还给我了。你看，我都已经把转账记录打印在这张纸上了。今天买包找你借的五万块钱，就从你的欠款里面扣除吧。这两年前前后后，你一共从我这里借走六十万，除去买包的五万，你还需要还我五十五万。我现在可就等着你雪中送炭了。很快中秋节就到了。 我还打算借机买点礼物送给我爸妈，讨好讨好他们呢。乔可心整个懵掉了，他还没想好要怎么说，温言就把那张打印好的账单塞进了他手中。可心，要不你现在就转给我吧，一会儿我就打算去给我妈买个钻石手链，要花不少钱呢。快点快点，就等你了。温言一脸无害的催促着乔可心，乔可心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一年前找他借的钱，他居然还打算要回去？过了那么久，他以为他早就忘了的。每次也只是找他借一两万而已，居然已经累积到六十万这么多了吗？ 乔可心不可思议看着 A4 纸上的一笔笔记录，默默打开了银行 APP。而乔可心之所以打开银行 APP，其实是为了核对账目。温言见机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可心，你真是我的好姐妹，说赚就赚，你等着，等我重获我爸妈的宠爱后，我肯定会对你更好的。好期待啊！有了你的这笔钱，我就去可以给我爸妈买礼物了。”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乔可心还打算以后继续利用白嫖温言。这笔钱现在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了。转完账之后，乔可心整个人都没劲了。 仿佛灵魂都被掏空。妍妍，我去趟洗手间。嗯，你去吧。等你回来前菜也该上来了。乔可欣勉强笑了笑，随后推开椅子转身离去。等他走远了，温言这才收起手机，冷哼了起来：“小样，吃了我的都得给我吐出来，真当我好欺负呢？”沈景修正在喝水，听到这话差点喷出来。温言有个不怎么样的朋友，沈家人都知道。苏漾也敲打过温言两次，但每次提到这个朋友，温言都很激动，说什么沈芷柔交的朋友就是好的，我交的朋友就不行之类的话。 那之后，苏漾就不再敲打了，只是偶尔会跟沈远抱怨两句。刚好沈景修就听到过两回，但从刚才的情况来看，温言似乎也没傻到家。戏精上身假哭穷，这就哄得他那个朋友乖乖还钱了，倒也没得罪人。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是个戏精呢？不过沈景修仔细回想了一下，以前他跟温言的接触就不多，只有在家里才有见面的机会，而且也只是点头之交的程度。像这样在除了沈家别墅以外的公共场合碰到还是第一次。想到这些，沈景修不经意间勾起了嘴角。 这个浅笑他自己并未察觉，但坐他对面的长卷发女人却晃了晃神。亲爱的，你知道吗？沈景修他对我笑了，谁说他是尊大冰山的？我看传言有误。你赶紧过来，我现在正在卫生间里补妆呢。你赶紧来给我出出主意。大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温言去了趟卫生间，结果刚关上格子间的门，他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大冰山沈景修，该不会是他认识的那个沈景修吧？真巧，他也在这家餐厅，而且还是在和一个女人约会。可是，在原身的记忆中，沈景修身边好像一直没什么女人。 否则，袁生和乔可欣也不会把主意打到他身上去，这就有点意思了。在八卦之心的驱使下，温言立刻竖起了耳朵。外面很快多了一个人的加入，他们大概是以为这卫生间里没有其他人了，肆无忌惮就聊了起来。先前那道女生说：“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会答应今晚的相亲，直到刚才见到他本人。亲爱的，我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今天晚上就把他拿下的？今晚啊，你这么着急的吗？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看上眼了就深入交流一下，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赶紧帮我想办法，平时就你主意最多了。刚好今天晚上也在这里，好,好，好，你让我想想啊。有了，一会儿我会拿着一杯红酒，假装碰见熟人从他身边经过，然后再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把红酒泼到他的裆部，你懂的。那个位置很尴尬，他肯定不愿意在餐厅里多待，然后你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这大晚上的，你就说你没开车，让他送你一程，然后到你家楼下，你就邀请他上去坐坐，帮他清理一下裤子什么的。后面该怎么干就不用我说了吧？这还用你说？但你这能泼那么准吗？ 小瞧我呢你？你保证正中红心。行，那就按你说的办。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他给拿下。他可是沈家长子。好，那我先去准备一下，你也赶紧回座位上去。嗯，你先走，我再补个口红。说完，两人便一前一后离开了卫生间。温言跟上去的时候，刚好看见那个长卷发女人坐在了自己身后的那张餐桌旁。不是吧？温言睁大了眼，原来那个和自己背靠背坐的男人竟然是沈景修。那他刚才说的被沈家停了零花钱之类的瞎话，该不会恰巧被他听到了吧？ 这四舍五入约等于造谣，造到本人头上去了呀！如果他去沈父沈母那里告状的话，那他会不会真的就痛失了这份零花钱？那可是二十万啊！正常人谁会跟二十万过不去？看来他得出手帮帮沈景修了。一个想用下三滥方法睡了他的相亲对象，不是好的相亲对象，这种烂桃花不要也罢。温言快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刚一坐下，沈景修就听到了一句话。但如果他也愿意被相亲对象勾引呢？我如果阻止了他相亲对象的计划，那岂不是坏了他的好事？沈景修。 相亲对象的勾引和计划，刚才他们两个都去了卫生间，难道是温言在卫生间里听到了些什么？他之所以答应出来吃这顿饭，不过是敌不过亲妈的唠叨，走走过场而已。对面这位女士该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看来她应该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才行。姚小姐，感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吃这顿饭，但你我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家中长辈的安排，我其实无异于此，希望你能够谅解。结束之后，你可以对家里人说，是我不符合你的择偶要求。嗯，原来他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呀。 也对，他都已经二十七了，马上要奔三的人，再不找个对象安定下来，苏女士该着急了。沈景修，二十七很老了吗？他的脑袋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沈景修对面的姚小姐，可是沈先生，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挺聊得来的，或许我们可以试一试的。我不想浪费姚小姐的时间，而且从见面到现在，我们也不过才说了三句话而已，算不上聊得来。我吃好了，沈小姐呢？等一下，甜点还没上来，来都来了，沈先生陪我吃完甜点好吗？这家甜点很有名的。 说不定回去之后，我妈还会问我甜甜怎么样的做戏做全套吗？我去，这个沈景修有够无情的。不过这姚小姐也有两把刷子，都被这么冷冰冰的拒绝了，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看八成是为了拖延时间。接下来该他的同伙上场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帮沈景修呢？来赚个勺子好了，如果勺柄对准我，我就出手帮他。哎，算了算了，不赚了，没时间了。那个姚小姐的同伙已经过来了。沈景修啊，沈景修，你可是要欠我一个人情了。温言想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端着红酒的女人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赶在那个女人之前，温言立刻起身走到了沈景修旁边，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大哥，怎么这要巧出来吃个饭都能碰见你？你也跟朋友出来吃饭呀？说话间，端着红酒的女人也来到了这边，但因为半路杀出了个温言，他的计划不得不搁浅。沈景修看了眼温言，似笑非笑，嗯，真巧。停顿了一下，他又问：“你喝酒了？”其实没有，因为温言一会儿还得开车。不过既然沈景修这么说了，那一定有他的目的。 所以温言配合的点了点头，湿漉漉的一双大眼睛里甚至还染上了几分醉色。嗯，不过我就只喝了几杯而已，真的没有多喝。沈景修好笑，他还真是个戏精，没想到演微醺演的也挺像。这么晚了，你喝醉不安全，我送你回去。说完，沈景修又向对面的女人致歉：“不好意思了，姚小姐，我得送我妹妹回家。”沈家两个女儿，这是圈子里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不过姚小姐也不知道眼前这个到底是沈家的真千金，还是收养的那个便宜货。但不管是哪个，她只恨这女人出现的不是时候。 偏偏他也没什么立场，让沈景修留下来。沈景修转身替温言拿了座位上的包，在乔可欣一脸懵逼的注视中，带着温言离开了餐厅。温言赶紧给乔可欣发消息：“可惜你等等我，一会儿我们一起走。”沈景修瞥了他的手机屏幕一眼，语气不咸不淡：“这种朋友不是应该划清界限吗？我以为你刚才已经处理好了。”靠！沈景修他果然什么都听见了，零花钱的瞎话他肯定也听见了，可怜他都还不知道我救了他。沈景修啊，沈景修！ 你知不知道，刚才要不是我那个女人，就已经把红酒全泼你裤裆上了呀？沈景修，刚才他确实是看见了一个端着红酒从他桌前经过的女人，所以那就是他相亲对象勾引计划的一环。呵，未免也太低级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那样的朋友还不打算绝交吗？绝，既然他都已经听见了，那么就没必要在他面前装了。这种所谓的朋友绝交是肯定要绝交的，这不是时候还没到吗？哦，那你认为合适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我还要去他家，把他以前从我这里借走的珠宝首饰和包包拿回来呢。起码要等到财务上的问题都理清楚吧。沈景修挑眉：“你今天这样耍了他，你还要去他家？去？为什么不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打铁当然要趁热了。况且我的时间那么宝贵，可不能浪费在他这种人身上。时间宝贵？据我所知，你应该很闲吧？”温言，这个沈景修什么人啊？我帮了他，他竟然还内涵我。沈景修，我的意思是，公司你也不去了。 你这么着急把钱财要回来，是打算干什么？温言上下打量了沈景修一眼，大哥什么时候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了？以前你不这样的。沈景修，这算什么感兴趣？他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算了，还是少说话。电梯来了，你要下去吗？要，我开车了，我去车上等我朋友。两人先后进了电梯，电梯门刚要关上，外面忽然跑来了一群人。这群人中有老有小，看着像是一大家子。温言赶紧按了按开门键，把那群人给让了进来。沈景修把他的这些小动作都看在了眼里。 忽然想到了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年暑假他回国，一家人外出吃饭。那个时候温言还很排斥和人挤电梯，搭乘电梯的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很不耐烦。现在他竟然还会主动让位置了。由于一下进来了许多人，最先进入电梯的沈景修和温言难免就被挤入了角落。再加上两个熊孩子的推搡玩闹，温言好几次都撞在了沈景修身上。第一次的时候，温言只觉得这是个意外，发生就发生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不想紧接着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就在温言准备开口说两句的时候。 一道高大的身影忽然挡在了他前面，那宽阔而又修长的背影瞬间就将他与吵闹的熊孩子隔绝。虽然温言抬头只看见了一个后脑勺，但那的的确确是沈景修的后脑勺。谢谢大哥，得了别人的好，温言丝毫不吝啬感谢的话语。不过回应他的却是沈景修的沉默，冷冰冰的。不过他人还怪好的，长得还这么帅，就是不知道他这结实的胸膛和这宽阔的后背以后要为哪个女人遮风挡雨了。沈景修又来了，除了长得帅，难道他就一无是处了吗？电梯很快到达一楼。 等那一大家子都下去了之后，沈景修才从温言面前挪开。一直到走出大厦，两人都没再说话。最后，还是温言指了指左边的方向，说：“我车停在那边了。”沈景修只是朝他点了点头，随即就朝和他相反的方向而去。上了车之后，温言立刻给乔可欣打了电话。刚好乔可欣今天没开车，温言打算送她回家的时候，顺便去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回来。坐在车里等乔可欣下来的时候，他刚好看见沈景修的宾利车从眼前开过。看到这人温，温言才忽然想起来，刚才忘记跟他解释。 今天当着乔可欣的面说的都是瞎话了。不过温言转念一想，他那么一个大忙人，平时都没空回家的，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跑到沈父沈母面前去告状吧。这样想着，温言又放下心来了。乔可欣很快就上了温言的车。想到之前在餐厅里发生的事情，他暗生疑心：“妍言,言，你不是说你和你大哥关系不是很好吗？怎么刚才他还主动要送你回家、啊？”温言演戏上瘾，啪的一巴掌拍在了方向盘上，还说呢：“你不觉得他那个人冷冰冰的，像一台制冷机吗？我去跟他打招呼。” 他都不理我的，直接问我是不是喝酒了。我喝酒没喝酒，你还不知道啊？我都不敢忤逆他，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了。这不你也看见了，最后还不是我自己开车回去。他看起来是不好相处，可是沈家四兄妹里，如今进公司的就只有他和沈芷柔两个。沈芷柔将来反正是要出嫁的，其他三个对沈家公司的事情并不上心，将来沈氏多半还是会由沈景修接手。你还是得多上上心呀、啊。他虽然性格冷漠，但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在他面前多刷刷存在感。刚才和他一起吃饭的。 应该是他的相亲对象吧，你真得抓点紧。乔可欣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个真心为朋友打算的好闺蜜呢。温言也没急着否定她，而是上下打量着她。乔可欣被温言看得有些不自在了，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温言一脸傻白甜的模样。你刚才提到相亲对象，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我看做我大哥对面的那个女人还不如你呢，要不我把你介绍给我大哥吧？等到时候你成了我大嫂，那你就是沈家掌权人的夫人。那个时候我还怕在沈家立不住脚吗？对了。 上次你给我的药还有吗？你再给我一点，改天我帮你约我大哥，然后我悄悄给他下药，你替我完成上次没有完成的事情。事成之后让我大哥娶你，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可心，当然不行了。沈家要是知道我用了下药那样下三滥的手段，只会想法子弄死我。怎么可能？话说到一半，乔可心忽然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找补。但是你就不一样了，妍妍，你毕竟是被沈家养大的。哦，那好吧，那这件事就不提了。我们先去你家。嗯。 车子发动后，两人都没再说话。温言只专心的开着车，乔可欣则是时不时的抬眼偷偷打量他。静下心来，乔可欣这才有机会整理自己混乱的思绪，而这些混乱无一不与温言有关。他也终于发现，温言似乎有些不一样了。半路上，乔可欣好几次都想找温言说话，不过都被温言笑盈盈一句“开车不能分心”给堵了回去。等到了乔可欣继父家的别墅门口，乔可欣更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温言见他那副模样，不禁暗暗摇头。既然在这个家里待着不自在， 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反而整天给原生出馊主意，试图从原生那里获得优越感，靠算计打压别人获得来的优越感有什么意思？最适合自己走的路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温言也不想进去和他家里人打交道，主动开口：“可心，我就在这里等你，不和你一起进去了，你直接把东西拿来给我就好。”乔可心如释重负：“好，那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温言点了点头，很快对面那栋别墅三楼的某个房间就亮起了灯。 但等乔可欣回来，却花了不少时间，久等了吧？妍妍，下来的时候，我继父看到我手里的包了，他问我这是什么，我就和他说了几句话，耽搁了点时间。包你拿着，嗯，那我看看东西对不对？温言从乔可欣手中接过了包，说完又从车里把今天才买的那个空包给拿了出来。乔可欣见他一边清点，一边往他自己包里转移，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妍妍，你清点的还真仔细，买包的时候你就说看中了这个包能装，该不会就是特意为了装这些东西的吧？没关系的。 我装东西的这个包可以送给你，你不用这么费劲。温言终于清点好最后一样，他飞快地拉好包包的拉链，转身正视乔可欣，哪里还有之前傻白甜的样子？乔可欣，你刚才该不是在阴阳我吧？你什么意思？温言，是你先不信任我的，信任？你有脸提这两个字呢？乔可欣，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人曾经好骗，就一直是个傻子，我也有开窍的时候。你接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今天刚好把话和你说明白，我不想和你这样居心不良、一心盼着我倒霉的人做朋友。 现在你借我的东西我已经拿回来了，别的我也懒得和你计较。我们两个人从此绝交，你的电话和微信我会全部删除拉黑，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也请你不要再联系我。说完，温言便将空包丢给了乔可欣。乔可欣知道温言今天有些不对劲，但没想到他竟然是来和自己绝交的。不行！乔可欣一把抓住了温言的手。刚才我和我继父说了，是你在外面等我。你再怎么样也是沈家的养女，对外姓的是沈。他让我请你进去喝杯茶说说话。你要跟我绝交可以，但你得先进去跟我继父打声招呼。 你不能让我颜面无存，你有毛病吧？乔可心，温言一脸不可思议。我都和你绝交了，我管你有没有面子。放手，我不放，不放是吧？好。温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侧拿着，梆梆梆，用力砍在了乔可心的手背上。说不疼那是假的。第一下的时候，乔可心还能忍，可到了第二下和第三下，乔可心实在是受不住了，下意识就放开了温言。他捂着手背，咬牙切齿瞪着温言：“你会后悔的。”温言皱眉看了他一眼：“吃点药吧，你。”别墅内。 一对父子心怀不轨的父子正在对话。爸，那个沈文言不过就是沈家的养女，你让她进来干什么？我就算要接触，也是去接触沈家的真千金。沈家的真千金还能轮得到你？一会儿人来了，你好好表现表现。得，不用表现了。你看外头，人已经开车走了。这个乔可欣也是个没用的东西，叫个人都叫不进来，养她有什么用？还不如养条狗。回到公寓后，温言立刻拉黑了乔可欣的所有联系方式，收回来的东西他暂时也懒得归整。 他现在只想赶紧去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的躺在床上。结果刚贴上面膜，他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拿起手机一看，原来是苏漾打来的。喂，妈，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你还没洗漱吗？还没呢，你在干什么呀，妍妍？为什么我之前打你的电话一直没人接？我都打了好几通了。哦，我洗澡吹头发呢，前前后后花了快一个多小时，吹风机声音太大了，听不见。妈，你找我有事吗？我就是问问你今晚回来不回来，天都黑了也不见你人影，也没有电话和消息回来。 温言失笑，他本来想说早上出门前他就已经说过晚上应该不回来的，不过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这么回。养母这是在关心他，他不能寒了人家的心，而且他现在还花着人家沈家的钱呢，白眼狼的事儿不能干。是我的不好，我知道错了吗？下次我要是不回家，一定提前跟你说。我今晚在公寓住着呢，安全的很。那就好，女孩子晚上一个人不要到处乱跑，知道吗？知道。对了，妈，温言顿了顿，问道：“今晚大哥回家了没有啊？”“没有。”“怎么了？” 找你大哥有事？温言知道说没有会显得很奇怪，干脆就编了一个说法，算是吧。今天和以前一个同学聊了聊，他有点事想找大哥。哦，那你直接联系你大哥好了，你们是兄妹，不用那么生疏。其实你大哥是个外冷心热的好孩子，你多跟他相处相处就知道了。只是平时你们交流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你们都是年轻人，有空的话其实可以多组组局。听着电话里苏漾的声音，温言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变得沮丧了起来，因为他几个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这一大家子，要不是有他这个当妈的维系着，就单单靠沈远父子几个，那早就散一百八十回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温言不想让苏漾本就不高涨的情绪雪上加霜，便就应下了他的话。好的，妈，我会找机会的。嗯，那你早点休息吧，时间不早了，我也得去洗漱了。好的，妈妈，晚安，妈妈。温言忽然甜甜的叫了两声妈妈，电话那头的苏漾瞬间热泪盈眶。虽然妈和妈妈是一个意思，但是几个孩子大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叫过苏漾妈妈了。妈妈。 这个叠词似乎只属于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那也是一个母亲和自己孩子最亲密的几年。时隔十多年，再次听到这样的称呼，苏漾既心酸又感动，搞得他身旁的沈远顿时手足无措。你，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鼻子了？老公，苏漾吸着鼻子靠在沈远肩头，妍妍这个孩子是真的懂事了。当初你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是对的。唉，沈远却叹了口气，说起孩子，芷柔真是让我头疼。怎么了？是工作上的事吗？没错。 我的意思是让他从基层做起，但是这孩子似乎心有不甘，沉不住气，上班才第一天就给直属领导甩脸子啊！去公司前我不是跟他说过了吗？哎，慢慢教吧，也许过段时间就能适应了。与此同时，温言总算是躺上了床。对于剧组的回应，他并不抱希望，毕竟时间还没到。但他还是随手点开了邮箱，结果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居然收到了剧组海选通过的通知。温言之所以选择失声这个剧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导演要招新演员。 而是作为穿书者，温言很清楚，这部电影在上映后会拿奖拿到手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部作品作为一匹黑马，在当年的电影节上一次性收获了八大奖项，独独没有拿下最佳女主角，因为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被原书中的女主摘走了。而师生这部电影里，严格来说并没有女主角。至于其他几个奖项是什么，温言就不太清楚了，毕竟原书也没有详细列出来。但不管是什么奖，反正这部电影是爆了。温言早就已经想好了，这次他会努力争取，只要能够参演。 不管什么角色都行。再一次看向邮件里发来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温言兴奋的睡意全消。一整晚他都在搜索和师生有关的消息，虽然最后收集到的有用信息并不多，但大致的方向温言已经了解了。这个电影主要讲述的一名热血的青年律师不顾艰难险阻和自身安全，为聋哑人打官司、伸张正义的故事。但具体电影里会展现哪些案件，温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温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定是社会底层人的故事。有了这个方向后，温言立刻开始做功课。 力求在五天后的面试中过关。他观看了大量的关于聋哑人的纪录片，甚至还去上了好几节手语课。手语课上，他也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同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来学手语也是为了更方便的和家中聋哑亲人们交流。下课过后，温言一般会去甜品店买些甜点，因为这几天他一直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并没有回沈家别墅。苏漾倒是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但他又不想打扰他们一家三口，干脆就送些点心去苏漾的工作室。 苏漾对温言也很关心呵护，碰上合作方送来的好看的衣服首饰，她都让温言挑些喜欢的拿走。温言要是不收她，还会生气。要不是温言极力反对，剧组的面试苏漾都要陪着他一起去。时间很快就来到了面试的这一天。考虑到电影的题材，温言选择了风格比较简约的服装，白色半袖衬衫搭配浅蓝色牛仔裤。妆容上，他仗着自己年轻皮肤好，比较大胆，就只涂了一点裸色的唇膏。发型他选择了低马尾，既百搭，又将他的五官清晰的展现了出来。 剧组通知的面试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为了避免耽误事儿，温言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就赶了过去。现场比他料想的要火爆很多。《师生》的导演周俊业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导演，处女作被好几个奖项提了名，不过都是陪跑，最终并没有获奖。温言以为参加面试的人并不多，没想到现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导演选人的速度也很快，八个人一组，平均每组进房间去不到十分钟，基本就全出来了。出来的人大都有些沮丧，但也有些人表现得很兴奋。 其中两个女孩子和温言身边还在等的女生是朋友，几个人就聚在一起聊天。怎么样？怎么样？静静，你是被选中了吗？没有，我念台词的时候就被刷下去了。那你还那么开心？是啊，因为我见到了沈景和，那可是沈景和爱。要不是他现在是评委，我真想找他签个名去。本人真的是太帅了，比电视和照片帅一百倍。沈景和，你没看错吗？他怎么会来当评委啊？这个问题也是温言想问的。沈景和就是沈家的二少爷。 原作之所以会在书中写到沈家，就是因为沈家二少沈景和，娱乐圈的当红顶流，和书中的女主角有过一段感情纠葛。可是他怎么会来《师生》剧组当评委呢？难道说他要出演《师生》的男主角？但是在温言的印象中，原书女主角获得最佳女主角时，和她同台领奖的最佳男主角并不是沈景和呀，是谁？温言想不起来了，但肯定不是沈景和。难道说他的穿书已经致使某些剧情发生改变了？正疑惑着，忽然有人喊了他的名字。 以及其他七个女孩的名字，温言没有耽搁，立刻和其他几个女孩排队进入了房间。这个房间很空，除了靠墙的位置摆了四张桌椅，坐了四个人之外，就剩下一台摄像机了。温言快速扫视了一圈，一眼就发现了坐在最右边的那个年轻男人。因为现场的桌椅过于逼仄，他那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显得极为打眼。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虽然低着头看不清脸，但温言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沈景和。好消息，他连一个看不清容貌的剪影都那么帅，必然会很养眼。 进了这个剧组，每天能看到他都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但坏消息是，温言发现原身最近的记忆里有他，就他穿来的那个晚上，苏漾的生日晚宴上。更要命的是，那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那天晚上两人之间的对话声声在耳。温言，我警告你，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别为了争夺那些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而去惹我妈生气。你妈？那也是我妈，你别忘了，你是我名义上的二哥，我也姓沈。啊，那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吧。只是我说的话。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我妈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伤心难过了，那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就凭你，一个戏子吗？我是戏子，那你呢？没有沈家，你算什么？你不过就是一个啊！够了，我不听，我不听，不许你提我的身世，不许你提。来，从这边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尽量简短一点。给你们的时间不多啊。现场导演助理的声音将温言从纷乱的回忆中拉回了神。温言看了一下，还好最后一个才到他。 现在他还有时间调整心绪，可是从原身的那段记忆来看，沈景和明显很不喜欢原身。不仅如此，原身字里行间还非常看不起他的职业，而自己现在正在想办法进入这一行，评委还刚刚好是被原身瞧不起的他，那他能给自己过吗？他该不会公报私仇吧？呼，沈景和呀，沈景和，你可一定要专业点，不能因为我的身份是你们家的养女就把我给刷下去了。沈景和正在看几个面试者的资料，听到温言的心声后，他忽然抬起了头，他的动作有点大。 以至于坐他旁边的导演都朝他看了过来。怎么？了？沈景和疑惑地看了导演一眼。你没听到？听到什么？他们的自我介绍吗？因为这个小插曲，面试演员的自我介绍都暂停了下来。温言也有些奇怪，什么情况？沈景和干什么呢？他刚才是看了我一眼吗？我可是连自我介绍都没有开始啊！他打算直接把我扼杀在摇篮里了。这回呢？沈景和眼角余光瞥了眼嘴唇一直紧闭着的温言，又问导演：“这回听到了吗？”导演有些茫然的摇头：“没有。” 景和，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不，我不累，继续吧。这一回，沈景和直接就将目光盯在了温言脸上。温言和他对视了零零一秒后，立刻挪开了目光，假装完全不认识他。干什么呀？这个沈景和精神状态有问题吧？莫名其妙问有没有听到，然后还盯着我看，怪吓人的。沈景和到底谁比较吓人？他还敢骂他精神有问题？他精神才没有问题呢。上个月演完一个变态杀人狂后，他才去做的心理咨询。他明明就健康的很。 沈景和捏了捏眉心，告诉自己要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不能分心。自我介绍很快就轮到了温言，他是最后一个。他话音才刚落下，导演就叫出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位出去，剩下的留下。虽然导演没说为什么，但温言也猜出来了。刚才那两个女演员的共同点是整了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很自然。可就在温言以为要进行下一关考验的时候，沈景和忽然开口了：“温言，我觉得他也可以走了。为什么？”温言脱口就问。 导演也感到疑惑，理由呢？因为这位温小姐十分瞧不起干我们这行的人，一个对演戏嗤之以鼻的人，她是安了什么心才来到这里的呢？温言竟无言以对。导演看了看沈景和，又看了看温言，你们两个认识？不认识？温言嘴快，看沈景和这个样子，就算说了认识，他也不会让自己走后门，何必多此一举？沈老师，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虽然您红遍娱乐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对您的作品也是如数家珍。 可今天绝对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啊！您，您怎么能这样说呢？<laughs> 这个沈景和他是要害死我啊！这种场合我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快显灵救救我啊！沈景和挑眉，现在知道错了，一口一个“您”呢？晚了。不过他演技是真不错，心里明明都已经慌成那个样子了，面上却还是脸不红心不跳的。太上老君是吧？沈景和轻轻勾起嘴角，你说你对我的作品如数家珍，那就数出来听听，少一步都不行。 温言，他看起来好像是认真的，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他肯定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把他的作品都记下来了。哈哈哈！好，那我就来细数一下说错的地方，还请沈老师指教。温言从沈景和刚出道时拍摄的一个牙膏广告开始，一直背到他刚刚才杀青的那部犯罪题材的电影。他背的那是一部不漏，分外流畅。一路听下来，沈景和当场就黑了脸。导演倒是有种这女演员台词功底一定不会差的感觉。他笑着对沈景和说：“你都不认识人家。” 怎么知道他瞧不起咱们这行？我看他好像还是你的粉丝，你出道以来的这些作品，他是记得一步不差。你这是把他当成了谁啊？怨气这么大？沈景和，谁说我不认识他了？不过温言都已经矢口否认了，沈景和自然不会上赶着去认领他这个养妹，他只好淡漠的说：“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昨天晚上休息的不太好，记错了。导演也没太把这小插曲当一回事，点点头道：“那行，那我们就继续吧。”接下来，导演又考了他们台词和表演。 其中两个在台词环节就被刷了下去，这样一来，他们这组就只剩下四个人了。最后，导演给他们出的表演题目是农村女孩第一次进入现代化大城市，四个人各自自由发挥，其中不乏五官乱飞和表情僵硬的表演，只有温言表现的最好，就连沈景和也挑不出错来。导演更是个形式很干脆的人，四个人的表演结束后，他直接点了其中三个人的名字：“你们被淘汰了，可以去别的剧组试试看。”温言，你回去等通知。听到这个结果，温言很高兴，谢谢导演。 谢谢几位评委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毕竟这只是初试，而且导演也没有给他确切的答案，更何况还有沈景和这个定时炸弹在，万一他在导演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那就歇菜了。沈景和，你最最最帅了，世界第一帅，求求你千万别搞我，找机会我一定会向你道歉的。评委席上的沈景和默默翻了个白眼，他当然知道自己很帅，但世界第一帅未免也太夸张了吧？这女人嘴上一套，心里一套的，真是有病。面试结束后，温言并没有离开，他是觉得。 择日不如撞日，还是早点和沈景和冰释前嫌比较好。所以他一直留在现场等。结果他从下午两点四十一直等到了晚上八点，现场的人才全部走光。最先出来的是两个评委，然后才是导演和他的助理。从头到尾，温言都没有看到沈景和的身影，这就令温言感到奇怪了。他不禁在想，难道是他出去买晚饭吃的时候，沈景和就提前离开了？但仔细回忆一下，应该不会，因为买完晚饭后，温言还听到其他女孩谈论沈景和今天的穿搭来着。 而且房间里的灯似乎也没有关，所以沈景和应该还在里面。温言又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也没有人进去找沈景和，这才快速溜了到了房间门口。房间门没有关严实，留了一条缝。温言透过这条缝隙，看见沈景和正趴在桌子上，帽子都掉地上了。我去！看见这一幕，温言脑子里忽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他该不会是嘎了吧？温言立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沈景和，沈景和，见叫了他两声没反应，温言便伸手轻轻推了推他。 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关键是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像是单纯的睡着了。你再不行，我可要掐你的人中了。先跟你说好，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别你醒来还反咬我一口，怪我对你动手动脚。算了，拍个视频自证吧，万一你小心眼。温言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正准备找个稳当的地方把手机架起来呢。刚才还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沈景和，忽然缓缓抬起了头。沈景和，你要干什么？正在对脸拍的温言，我可以解释的，你有耐心听吗？ 沈景和白了他一眼，随后缓缓靠上了椅背。他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没有糖？糖？你要什么糖？或者是饮料？不要矿泉水。温言一下反应了过来，你有低血糖啊！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难怪他趴着一动不动，感情是晕倒了。温言说完，立刻跑了出去。之前怕耽误时间，所以他把晚饭买了带上来，是些面包、蛋糕之类的点心，都被他放在外面的纸袋了。见他一溜烟跑了出去。 沈景和这才拿起了他放在一边忘记带走的手机。沈景和的面色很难看，不过在看到摄像功能还没打开的时候，脸色稍微好转了一丢丢。本来按掉录像，他就准备把手机丢回去的，可是一想到温言的为人，沈景和还是皱着眉头打开了温言的手机相册。谁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偷拍他？结果倒还行，没她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她自己的自拍，以及她截图的一些关于师生的资料。看起来好像他这次是有备而来，并且还挺认真。可他不是瞧不起演戏的吗？正疑惑着。 沈景和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那是温言回来的动静。沈景和赶紧把手机放在了桌面上，虽然他的动作挺快的，但温言进来的时候还是看见了。温言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你竟然偷看我的手机！按照你的人设，你应该十分不屑做这种事情吧？”沈景和泛白的脸颊上闪过一丝可疑的红晕：“你偷拍我？”温言气了一声，提着手中的纸袋，快速向他靠近：“你看了就应该知道我没有拍你啊！我刚才叫你不醒，准备掐你人中来着。” 这我倒是听见了，是吧？我其实是怕你碰瓷，说的好像你身上有什么事值得我碰瓷的一样。温言，有没有搞错？这个沈景和嘴巴这么毒，我看他还是别叫沈景和，改叫神经病算了。好心救他，还要被他内涵，哼！啊，这里有一块半熟嫩芝士，还挺甜的，还有橙汁，你低血糖的话吃这些正好。说着，温言就把手中的纸袋给沈景和递了过去，然后又在心里吐槽：那可是我最爱吃的，我自己都没舍得，先吃了第二喜欢的。沈景和呀沈景和。 你要是敢挑嘴，或者再说些什么难听的话，我立刻就拿这些去喂狗。沈景和顿了顿，关键时刻这人也没那么讨厌嘛。谢了，千载难逢。沈景和真心实意对温言道了一句谢。温言嘻,嘻嘻一笑，都是实在人，咱就不要那么浮于表面了。沈景和不明白什么意思。温言善解人意的替他拧开了橙汁盖子，光说不练假把式。你可是沈景和啊，谢我没有实际行动怎么行呢？低血糖晕倒这件事情吧，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 严格说起来，也算是我救了你，所以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沈景和挑眉，苍白的脸黑了一层。你这在勒索我？哼，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讨厌。刚才他是脑子罢工了才会对他改观，没有。你这话说的未免也太严重了吧？我还没提要求呢，怎么就成勒索了？沈景和冷笑：“说吧，想要多少钱？”温言，我看起来像是很缺钱的样子吗？好吧，确实钱这个东西有多少都不嫌多，可是这点吃的东西才值几个钱。 真勒索他也是不好意思狮子大张口的，那你想要什么？沈景和忽然抬头看了温言一眼，你该不会是想要我站在你这边，帮你一起对付我那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妹妹吧？啊！温言，他在想什么啊？思维怎么这么跳脱？谁要对付沈芷柔了？吃饱了撑的。沈景和眯了眯眼，他居然不打算和沈芷柔斗了？那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想强迫你和我站一边，只是师生剧组这边不可能，你休想！一听到剧组这两个字，沈景和立刻就打断了温言的话。 话只说了一半的温言，只好张着个嘴巴，哑口无言。他是不是有毛病？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话都没说完，又骂他。沈景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虽然和周导是朋友，但我不可能假公济私给你这部戏的资源。我不要你给，我只要你摒弃前嫌，不要在导演面前再说我坏话，给我使绊子就行了。我真想要资源，直接去找爸妈好了。妈不知道认识多少娱乐圈大佬，这话倒是不假，他妈手上确实是有很多人脉。可这贪得无厌的女人所求真就这么一点点。 沈景和眯了眯眼，温言被他审视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知道你帅，但帅也不能一直这样一动不动的盯着一位女士看吧？你倒是表个态啊，沈大顶流，沈大帅哥，沈景和吐槽就吐槽，为什么还要夸他帅？这样他还怎么好意思黑脸？沈景和有些尴尬的收回了目光，点了点头：行，反正对外我们两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我也不屑于说你的坏话。温言，我靠，沈景和你这是驰名双标啊！ 面试的时候是谁在导演面前说他瞧不起这行的？温言这心声一想，倒是提醒了沈景和。他瞥了温言一眼，对了，忘了问你，你发什么疯，忽然要来演戏？温言无语，说他毒舌是真没冤枉他，不是发疯，就是想通了，想找点喜欢的事情来做做，最好是能做出点名堂来。所以你喜欢的是演戏，可你不是看不上我这行，看不起戏子吗？干嘛？你就算现实中没吵过架，也该演过吧？谁吵架放狠话的时候还对对方卑躬屈膝、和和气气的？ 那肯定是互相往对方心口戳刀子了。你说的那些不过是我的一时气话而已，不能当真的。沈景和气了一声，又问：“学过没有？”温言撒了个小谎，自己悟的。怎么样，我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吧？差强人意。温言，行吧，就不指望毒舌的人嘴巴里能说出什么好话来了。说话间，沈景和也吃得差不多了，他将垃圾收好，装进纸袋，也不看温言。行了，你给我吃的，我也答应了你一件事，我们两不相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确定？ 废话，你助理呢？大明星出来工作，身边竟然不带助理吗？你是一个人开车过来的？你管的可真宽。我助理回老家结婚去了。说完，沈景和就后悔了，跟他解释什么？真是嘴快，赶紧找不一下，让你走你就走，怎么想跟我一起出去被拍好蹭热度吗？温言，这个人该不会是在用激将法吧？好幼稚啊！那行，我走了。话虽如此，出了门之后，温言却没有真的离开，因为他忽然在原身的记忆里搜索到了一些记忆。 一些关于沈景和的记忆。沈景和小时候有被饿晕过的经历，因为他曾经被歹徒绑架过。年幼的他曾被锁在一口铁皮箱子里，两天一夜没有进过食。那次可怕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被解救后，他经常做噩梦，一做噩梦他就会产生心理问题，并开始绝食。久而久之，他的胃就出了毛病，饮食一出问题，血糖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病痛，而是心理上的煎熬。所以，温言并没有立刻离开，他有点担心沈景和会出事。 他躲在安全通道的门后边，透过门上的玻璃，刚好可以看到沈景河的一举一动。此时的沈景河已经从房间里出来了，他先是找到垃圾桶丢了垃圾，然后才慢慢朝电梯的方向走去。眼见着电梯门已经开了，他却忽然倒了下去，上半身在电梯内，下半身在电梯外，这也太危险了。温言赶紧打开安全门，迅速冲到了沈景河身边，他把沈景河扶了起来，一脸的无语：“你说你逞什么能呢？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见温言搂着自己，沈景河挣扎着坐了起来。 与他拉开了距离，他有些不自在地皱起了眉头。不是叫你走了吗？温言扶了他了，我又回来了，不行吗？走去医院，不用回家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了。回沈家别墅吗？当然不，回我的公寓。行吧，车钥匙拿来，我送你。上了车之后，沈景和立刻就报出了一个地址。温言把那个小区名字输入导航后，才发现原来沈景和住的地方和他的公寓相距并不远。出于好奇，他随口就问了一句：“你这房子是不是也是爸送的？” 我住的地方离你不远，也是爸送的。虽然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丢丢八卦，但温言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不能问的事。没想到沈景和却脸色骤变，声音也冷了一个度。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没人当你是哑巴。温言整个人愣住，忍不住回头看了眼后座的沈景和，心想这也不至于吧，不过就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罢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生气。结果这一对视，他又冷不防被沈景和给瞪了一眼。温言大无语，张了张嘴，最后却还是闭上了。骂不还口，其实并不是他的风格。 但他想想还是忍了下来，哼，看在你是病人的份上，我就不和你斗了。否则比瞪眼，我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小气鬼，问个问题都不行，我再主动开口，我就是猪。温言有些生气，一路上果然没再说话。沈景和倒是从后视镜里看了温言一眼，他见温言板着一张脸，又联想到他刚才的心声，忽然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些过分了。毕竟有些事情他不知道，刚才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迁怒了。可是要叫他现在开口道歉，他也实在是说不出口那样肉麻的话。 想到这里，沈景和忽然就烦躁了起来。温言倒是不知道沈景和此刻的心理活动，但是脑海里却慢慢浮现出一些关于沈景和的记忆，那些都是原身脑海中的记忆，因为刚才的不愉快被触发。这些关于沈景和的事情，原身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都是他小时候断断续续从养父母的对话中听来的。事情的起因还是沈景和小时候经历过的那次绑架，当时绑匪绑走的孩子其实并不止他一个，还有他的哥哥沈景修。 那个绑匪之所以绑架沈景修和沈景和两兄弟，不仅仅是为了求财，更多的其实是想报复他们的父亲沈远。两个孩子被绑匪囚禁了整整七天，最后绑匪居然还给沈远出了一道选择题：沈景修和沈景和兄弟两个，他只能救一个。据记忆中的沈远和苏漾所说，当年沈景修的情况更加危急，如果不在第一时间把他救出来的话，他就会立刻死掉。而沈景和的情况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因此权衡利弊过后，沈远选择了先救沈景修。这个选择。 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沈景和就恨上了沈远，这件事也成为了他心中的一根刺。这么多年来，沈远和苏漾夫妇两人做过了很多努力，但沈景和就是无法和这件事情和解。搞清楚了这些来龙去脉，温言总算是明白了沈景和刚才为什么要发火。原来是他在无意中踩到了沈景和的雷区。他这样一直被心病困着，其实也挺可怜的。想到这里，温言忍不住从后视镜里看了眼沈景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把脸上的口罩给取了下来。 沈景和苍白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血色，一缕黑发散落在额间，给他整个人增添了几分破碎感。温言虽然只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但这短暂的一面还是深深烙进了他心里。一个字帅，两个字好看，三个字挺惨的，四个字我见犹怜。哎，温言无声的叹了口气，看了一眼导航上越来越近的小红点，终究还是先开了口：“你家里有什么食材吗？”说完，他就在心里吐槽起自己：“好吧，沈景和，我承认我就是猪。”听到这句心声，沈景和微微睁圆了眼。 他感到有些诧异，觉得温言这话莫名其妙。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因为之前温言就说了，说在先找他说话就是猪，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么一句。他还真是沈景和，不自觉的浅浅勾起了唇角，摇头答道：“没有，没有，好吧，猜到了。那你家附近应该有超市吧？有。好，那你看着点，快到超市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我下去买点食材。嗯，前面右拐，那边有停车位。然后你话说到一半，沈景和忽然就闭上了嘴。” 他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他跟这女人关系很好吗？为什么他问什么自己就答什么？他说要去买食材，明显就是要为自己准备的啊！他和他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这么亲密吧？真是见了鬼了！他干脆靠在椅背上，别过了头，再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但也没有阻止温言的意思。温言忙着看窗外找超市，对于沈景和的忽然闭麦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不一会儿，他就找一个位置把车停好了，你就在车里等我吧，我很快就回来。这个点做别的东西也来不及了，面条你吃吗？ 沈景和拿棒球帽扣住了脸，闷声道：“不吃，那你要吃什么？米饭吗？也不吃。”温言皱眉，由衷的产生了疑问：“米饭也不吃，面条也不吃，那你平时吃什么？”“吸收日月精华，打坐修仙。”沈景和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我只是这一顿不想吃而已。”温言更加无语了。可是你偏偏是这一顿低血糖饭了。你要这样的话，那我直接开车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你没必要这样做。车钥匙还我，我自己开车回去。”沈景和说着。 打开了后座的车门，温言白了他一眼，砰一声就把车门给关上了。他不会以为他这样很酷吧？一个对自己生命健康都不负责任的人，还指望别人对他的生命负责吗？沈景和，他还生气了，好心被人当了驴肝肺。温言确实不怎么开心。你以为我就这么上赶着要贴你吗？你要是不省人事了，让妈妈知道我当时就在你身边，却对你不管不问，那妈妈该有多寒心？老实在这待着，哪也别去。到时候给你做什么就吃什么，少挑三拣四。温言骂孙子一样输出了一通。 拿着手机就进了超市，头也没回一下。沈景和盯着他的背影，虽然被骂了，但是莫名的他好像一点也不生气。善善摸了摸鼻子，他默默拿出了手机，并打开监控画面，查看起客厅里的情况。这监控是为家里的宠物猫装的，不过现在他不是为了看猫，而是为了看家里的卫生。负责清洁的阿姨两天才来一趟，还好客厅里并不是很乱，不然以温言的吐槽能力，自己肯定会被他在心里骂死。然后沈景和顺便又看了一会儿猫，因此。 当温言提着购物袋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沈景和对着手机屏幕做做做的画面。说不好奇是假的。温言发动车子后，忍不住问：“你刚才是女朋友？”沈景和没顾上形象，大大冲温言翻了个白眼：“你对你家女朋友做做做，所以你养了小狗？”沈景和懒得再理会他，进小区左转开，到底进地下车库。温言哦了声，他嘴上没再说话，心里却在想：还以为他在和女朋友亲亲。沈景和真是够够的了，别说他现在没找女朋友。 就算有了，他也绝对不会像个痴汉一样抱着手机和对方玩亲亲。一路无言，沈景和很快就把温言带回了家。刚开门，猫就闻声而来。沈景和养的是一只长毛缅因猫，颜值超高，一看到他，温言的眼睛立马就亮了。哇，耳朵上的两撮小炸毛好可爱啊！我可以摸摸它吗？说着，温言就放下了手中的购物袋。沈景和见了，立刻出言阻止：“不行，你别碰，它脾气不好会认。”最后一个生字还没说出口。 他那脾气不好、会认生的大猫咪就主动上前去用脑袋蹭起了温言的腿，温言受宠若惊。他喜欢我爱，一定是因为我很善良。小动物们对身上散发着善良气味的人毫无抵抗力。说话间，猫咪已经跳进了温言怀里，看着自家猫谄媚的样子，沈景和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这也不能说是判若两猫，只能说这猫是叛变了。见猫没有排斥温言的意思，沈景和径直走向了沙发。温言一边撸猫一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啊？”沈霹雳，沈霹雳，好吧。 这名字确实符合这猫霸气的外表，而且炸毛这一点也很形象，确实像是被噼里啪啦炸过一样。那他一定是个男孩子吧？不，他是个妹妹。温言猫，听我说，谢谢你，温暖了四季。虽然很想继续撸猫，但温言没忘记这里还有一个低血糖病人。他转身走到门边，提起了食材，指着一扇门问：“厨房应该是在那边吧？你不挑食的吧？”托那次绑架的福，沈景和现在一看到某道菜就想吐。我不吃西红柿炒蛋，其他都可以。哦。 温言默默收起了手里的西红柿，心想还好没多买。一会儿，他就把这俩西红柿当水果吃掉，坚决不能浪费。十分钟后，一碗香喷喷的葱油面出锅，温言还特意给沈景和多煎了一个鸡蛋。这葱油面看似简单，但炸葱油却是需要一点技巧的，炸的不好，葱油就会泛苦。沈景和虽然自诩不挑食，但嘴巴却刁得很。可即便是刁嘴如他，在吃到这碗葱油面的时候，他还是没忍住对温言刮目相看。不过夸赞是不可能夸赞的，要让他对温言说这些，那他开不了口。 所以手里的碗见底之后，沈景和忽然对温言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温言正拿猫条勾引沈霹雳，忽然听到这么一句没头脑的话，不免感到讶异。“你是说这顿饭？”嗯，沈景和微微皱眉，颇不自在的吱了个声。儿。温言有些好笑的看了沈景和一眼，心说不至于，明明就是一句谢谢就能搞定的事情，真是个死傲娇啊！温言忍不住又在心里活动开了。沈景和，老天让他听见这女人的心声，就是为了吐槽他的吧？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你可以走了。 温言，好一个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沈景和一直吐槽他不累吗？就不能歇一会儿？其实温言也没打算多留，要不是有沈霹雳这么一只漂亮乖巧的猫在，刚做完饭那会儿他就已经转身走人了。等我把这个猫条喂完，没多少了，很快的。沈景和这回学乖了，没再出声，转身就把空碗拿到了厨房。紧接着，温言就听见了洗碗的声音。沈霹雳很快也干完了一整条猫条。等沈景和再过来的时候，温言刚好打开微信，他把好友列表上下划拉了一遍，问沈景和。 我俩没加好友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沈景和点了下头，应该没有。那咱们加个好友吧。沈景和挑眉，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这个必要吗？哦哟，这回温言也不在心里暗暗吐槽了，直接面对面开怼。刚才是谁说自己欠我一个人情呢？凭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平时也没什么机会见面，再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的话，那你还怎么还我人情？还是说你刚才只是在敷衍我，跟我说客套话？沈景和哑口无言，默默向温言展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顺利加上微信后，温言忍不住轻轻勾起了嘴角，说：“沈景和这个人死傲娇毒舌难搞吧？他的微信头像居然是只猫，爱小动物的人又能差到哪里去呢？”走了，温言说着朝猫咪摆了摆手：“再见了呀，沈霹雳，跟你的主人好好过日子。”温言打车回自己的公寓，出租车上他接到了苏漾的电话：“喂，妈，对，结束了，我感觉还不错，让我回去等通知呢。应该不是客套话，因为其他几个人是直接宣布淘汰的。今晚啊，今晚就不回去了。” 太晚了，明天，原来明天是周末啊，我都没怎么关注。可是，可是明天我还想话还没说完，温言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电关机了。不是吧？话还没说完就没电了？看着黑了屏的手机，温言忍不住抱怨了一句。他其实是自言自语，但热心的司机大叔听到他的话后，主动开了口：“我有充电宝，你要用吗？刚才是在跟你妈打电话吧？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手机突然关机，你妈肯定会担心的。”说着，司机就递了个充电宝和数据线过来。 温言感激司机大叔的好心，不过他还是拒绝了。谢谢你啊，叔叔。不过不用了，我马上就要到家了。回去我再给我妈回个电话。哦，也对。司机大叔收回了手，再有个几分钟就到了。你看起来像是刚毕业的样子。对，叔叔好眼力，我确实是今年才毕业的。司机大叔很善谈，毕业季找工作呢吧？是啊。听你打那个电话，好像没和父母住在一起。嗯，已经不是小孩子，是时候该独立了。独立好。我女儿和你差不多大，也是搬出去自己住了。 他去年毕业的，不过姑娘，你别怪我多嘴。你们再怎么独立，也是父母的掌心宝，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上高中就住校，上大学又离开了父母身边，工作以后更是。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那和父母相处的机会就更少了。趁着周末有时间，你其实应该回家看看父母的。什么事情不能工作日再处理呢？你说是不是？周末应该也不会有公司面试吧？要真周末还喊你去面试的，那那样的公司不能去，肯定是要经常加班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把工作挣钱看得比命还重要。 逢年过节都在加班，家里打电话催我回去吃团圆饭我，我基本都没空。后来父母不在了，才开始后悔。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千万别像我这样，到了中年才知道后悔。父母年纪比你大，他们的时间比你少。司机句句肺腑，温言能听出来，他的话语里确实是充满了遗憾。这也触动了他，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从这本书里穿回去。如果可以，他回去之后一定会好好孝顺父母。而现在，他应该对自己的养父母好一些。 回去之后，温言立刻就给手机充上电，第一时间给苏漾回了电话。妈，刚才话说到一半，我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现在我已经回到家里了。电话那头的苏漾语气里满是担忧：“还好你打电话来了，要不然我就要去你公寓找你了。我看你还是回来住吧，你一个人住在公寓，我不放心。”妈，今天就是个小小的意外，下次我会注意给手机充电的。明天我就回去看你，真的。苏漾明显高兴了起来：“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吗？什么事都比不上回家和妈妈团聚大。往后推。” 这才对嘛，周末就该休息的。明天你大哥和芷柔也都休息，刚好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晚上就在家里住。工作上的事情等到周一再说。知道了。可惜你其他三哥哥都忙得很，你三哥出差去了外省，四哥还也在国外。苏漾把每个人的都点了一遍，唯独没有提二儿子沈景和。温言便问：“那二哥呢？他呀，电话打不通，没人接。不过这是常事，估计是在拍戏接触不到手机。”刚从沈景和那里回来的温言说：“起来，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二哥了。” 这当妈的想见儿子，就只能看他演的电视，哎，还不如他身边一个工作人员。苏漾叹息着，语气里满是思念和遗憾。想到苏漾对自己的好，温言实在是不忍心见他这么难过，他决定要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妈，你别不高兴了，明天我回去给你带好吃的。妍妍真是越来越贴心了，妈没不高兴。你早点休息，不能仗着年轻总熬夜，知道吗？对皮肤也不好的。知道了，妈，你也早点休息。挂断电话后，温言立刻翻出了沈景和的微信。 看着那空白的聊天对话框，温言特意投其所好，搜了一套小猫咪的表情包，并丢过去一个打招呼的表情。可爱猫咪伸找找，你好 JPG。打完招呼，温言就放下了手机。他并不觉得沈景和会立刻回复他，结果没想到他刚一起身，沈景和的消息就来了。不过这家伙惜字如金，就只发了一个字过来。说温言挑了下眉，还挺高冷。秉着不浪费彼此时间的原则，温言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明天有空不？你不是欠我一个人情吗？我想让你还了。 手机那头的沈景和愣了一下，这么快的吗？不过既然答应了他，那迟早都是要还的，早还完早了事。你说？温言再次挑眉，可以啊，比刚才多了一个字。温言直接在他发来的这条消息的基础上回复，为了避免误会，我得先跟你确认清楚。所以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你明天有空了、啊？我理解的没错吧？嗯，那太好了，我需要你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你有吗？可以有，温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可以有，神他妈可以有，行。 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一趟，陪爸妈吃一顿晚饭，在家里过一夜。不去？为什么？我一没触犯法律，二没违背道德，这个人情你怎么就不能还了？不去，行，不去也行。那我换个条件，你跟师生的导演不是朋友吗？那你跟他说一下，让我演这个电影的女主角。这部电影没有女主角，那就让我演里面戏份最重的女性角色。温言，天黑了，我劝你关个灯睡个觉。我可以祝你美梦成真。温言，狗东西！他想了想，飞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戳了起来。呵，就这。 就这，你就这格局，难怪别人都那样说你。一跟我回家吃饭过夜，二给我搞个大制作女主当当，二选一，你看着办吧。别当个言而无信的小人。这一次，温言没有立刻得到回复，聊天界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过了好一会儿，沈景和的消息才发过来。你赢了一分，这才差不多吗？战斗结束，以获胜告终的温言心情不错，他赶紧趁热打铁，猫猫机长成交 JPG，明天下午三点你在家里等着我。 我过去接你，不必，这你说了可不算，万一你放我鸽子怎么办？我必须得亲自把你带过去。随便你，那你好好休息吧，今天辛苦你了。猫猫比心 J P G 发完这个表情后，温言立刻给苏漾去了个消息：妈妈，明天有惊喜给你哦，你一定会高兴的。比心 J P G 苏漾其实并不在乎孩子们会不会给自己置惊喜，只要他们回家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叫自己一声妈，给他一个拥抱，他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对于温言所说的惊喜，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他看看见自己好久不见的二儿子从温言的跑车里下来，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女儿替他准备的惊喜。他可真是太爱这个惊喜了，喜欢到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幕后，立刻就亲自迎了出去。跟苏漾一起出来的还有沈芷柔，这还是温言穿书以来第一次见沈芷柔。沈芷柔人如其名，长相有七分像苏漾，看上去就很端庄温婉。苏漾和沈景和说话的时候，他甚至主动上前来和温言打招呼。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去公司，没想到妈生日宴会那晚是最后一次见你。 和温言说话的时候，沈芷柔表现得落落大方，完全没有要和温言打擂台的意思。温言魂穿到原身的身体里之后，原身的记忆也并不会主动浮现，每次只能靠温言主动去探索。如今经过一通大致的探索，温言发现沈芷柔对原身一直都挺大度的。回归到沈家后，他并没有对原身这个假千金主动使过坏，反而是原身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沈芷柔，总是把沈芷柔当做是他最大的敌人，处处使绊子。现在温言决定把这些错误都给修正过来。 他对沈芷柔友好的笑了笑，想通了，打算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就没去公司了。对了，芷柔，你喜欢吃甜点吗？我带了些回来，一会儿一起尝尝。沈芷柔打量着温言，眼底迅速闪过一丝不明的情绪。好啊。苏漾和沈景和说完话，转身看见两个女儿友好相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就连说话的语气里都透着平时没有的欢乐。走吧，快别在外面站着了，进去说话。四人走进大厅的时候，原本正在书房忙碌的沈远和沈景修父子两人也从楼上书房下来了。 两人见到沈景和，明显都愣了一下，因为谁也没想到他今天竟然也会回来。不过短暂的错愕后，沈远很快就发话了：“既然都回来了，那就开饭吧。”沈远是一家之主，一般他说开饭后，就算是有人迟到或者是缺席，他都不会再等，也不会因为任何人而耽搁。但今天苏漾却没立刻吩咐厨房上菜，还是等一下吧。我事先不知道景和今天会回来，我这就叫厨房再做两道景和喜欢的菜，我们等等再开饭。苏漾说这句话的时候，沈景和立刻给了温言一个眼神。 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你什么意思？你叫我回来却不跟家里人说。温言嘻嘻一笑，眼睛弯成两弯月牙，无声的用口型说道：“惊喜。”虽然从头到尾两人之间的交流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还是被旁观者发现了。沈景修看了温言一眼，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么熟了？不仅是沈景修，沈芷柔也看到了温言和沈景和之间的小动作。他脸上虽然不动声色，但垂在身侧的手指却捏紧了裙摆。倒是两个当事人。 完全没发现自己被围观了，沈景河更是立刻拒绝了苏漾的好意。不用了吗？我不挑食的，吃什么都可以。没事的景和，景河就加两道菜而已，很快的。老公，你说是吧？苏漾后面这句话是对沈远说的，可沈远还没来得及开口，沈景河就冷声说道：“家里不是有吃饭的规矩吗？不必为我破例。”这样夹枪带棒的语气，这话明显是说给沈远听的。一屋子的人都听出来了，室内的氛围瞬间降至冰点。尤其是沈远，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只有沈景河一个。 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到了餐桌前坐了下来。苏漾早料到父子俩见面不会有好氛围，也就没再坚持让厨房加菜。一家人很快在长餐桌前落座。沈远坐在主位上，他的左手边是沈景修和沈景和兄弟两人，右手边坐着苏漾，苏漾旁边是沈芷柔。要是按照以前原生的习惯，原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坐在沈芷柔身边的。但是温言却拉开了沈芷柔身边的椅子，这也算是他对沈芷柔示好的一个表现吧。甚至坐下的时候，他还对沈芷柔笑了笑。 不过笑过之后，温言立刻就发现他此刻的笑好像有些不合时宜。这饭桌上的一家人，除了他以外，一个个的都像上坟一样。他敢说，这绝对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一顿饭了。更可怕的是，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是能搞气氛的。都怪沈景和，这家伙身上的气压比沈景修那个冰坨子还要低。早知道不叫他回来了。算了算了，真要怪也要怪我自己。他本来不想来的，是我非要他来。沈冰坨子，景修，他要沈景和回来，沈景和就回来了。 为什么？沈景和，哼，自作自受。既然把我叫回来，那就自己承受后果。哎，最难受的应该还是苏女士了。本来看到儿子回来还高高兴兴准备夹菜，现在估计吃什么都不香了。确实是吃什么都没胃口的苏样，也是难为了妍妍这孩子。亲生的几个孩子都比不上她，竟然是她最心疼我。想到这里，苏样就更加没有胃口了。原本应该好好的一家人，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难受，这个氛围实在是绝了。温言快要受不了了，他打算射牛一把，把场子热起来。 来来来，大家吃菜啊！妈，你爱吃的鲍鱼，闻着就香。张嫂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只有你夹不到这条鱼吧？我帮你，这鱼清蒸着最好吃了。爸，你前段时间胃不舒服，现在好点没？喝点小米粥养胃，我给你盛一碗。大哥，你要不要喝汤？汤放我这边了，你盛不到吧？我来帮你盛。说要把厂子热起来，温言是认真的。他就像是个勤劳的小蜜蜂，手上一刻也没停。沈景修看出了他的意图，拒绝了他，不用，我可以自己来。温言也没和沈景修拉扯。 转而看向沈景和，那二哥呢？你喝汤不？沈景和看了温言一眼，他没有说话，就只勾唇笑了下。他这一笑并没有什么善意，大家都看出来了。别人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苏漾却心疼死温言这姑娘了。他赶紧收起了失落的情绪，给温言也夹了好几筷子菜。你也吃。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今天怎么和你二哥一起回来了？我看他坐的还是你的车。胡文言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有人接他的班，没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尬演了。说来真是巧，我事先都没想到。 爸妈，大哥，之前我说我找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吧？为了搞活气氛，温言势必要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 cue 到。本来我不是打算和芷柔一起去公司吗？后来我改主意想去演戏，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一个招新人的剧组。本来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发了我的资料过去，没想到我竟然过了海选，接到了剧组的面试通知，让我昨天去参加他们的面试。结果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面试的评委之一就是二哥。二哥居然是那个电影的男主角。见到二哥的那一刹那，我真是开心极了。 沈景和，呵呵，开心极了，他可真能演。那然后呢？这回主动开口询问的，竟然是沈芷柔。二哥，给你面试过了吗？过了。不过当时的评委一共有四个，二哥一个人说了不算，是导演给我过的，对吧，二哥？沈景和哼笑了声，只能说明你运气不错。那是。面对沈景和嘲讽，温言也不气，他笑眯眯的，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我运气要是不好，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爸妈呢？妈，你说是不是？苏漾轻笑，心情比刚才好了许多。 光靠运气肯定也不行，一定是你现场表现得很好。等以后你拍了戏，我一定天天看。说到这里，沈远也开口了：“是哪个剧组？”嘿嘿，暂时先保密，毕竟我现在只是过了初次筛选而已，导演还没有通知我去试镜呢、啊。要试镜通过了以后，我才能拿到角色。等到时候一切尘埃落定了，我再回来报喜。沈远点点头，也好。妍妍越来越沉稳了，不错。沈远很少当众夸自己的子女，他这一生不错引来在座不少人的关注。沈景修听了这话后，迅速看了温妍一眼。 沈芷柔则是干脆停下了进食的动作，不过就是过了一个面试而已，竟然就夸他不错。他去公司都快半个月了，得到的却只是隐晦的敲打。沈芷柔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了，苏漾却是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不过他并没有厚此薄彼，马上接话道：“我们家里的孩子都优秀，景城最近又发表了两篇论文，虽然是学术性的，但是我看了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沈远也道：“我也看了，他研究的很深入，以他这个年纪来说很难得。”捧场王文言自然不会让这个话题掉地上去。 三哥真厉害，有空我要听三哥讲课去。听说三哥的课一直都是人山人海，我好想去见识一下三哥的魅力。芷柔，要不下次我叫上你一起吧？可是我要上班，就只有周末有时间。周末三哥会开课吗？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回头可以问问三哥。一家人一来一回，你一言我一语的，原本氛围稀烂的场子总算是正常了起来。温言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就是嘴巴有点渴。饭后苏漾亲自沏了茶，温言也拿出了先前买的甜点。 大有要延续刚才饭桌上的热闹，开个茶话会的意思。这次是苏漾掀起的头，说起了娱乐圈的事。毕竟他平时没少和娱乐圈的人打交道，而且他也想趁此机会提点一下温言这个新人。沈远作为家长也表了态：，言言，这个圈子的水很深，多的是看菜下碟的人。你如果公开身份的话，对你是有好处的。爸妈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没必要一开始就特意去告诉所有人，我爸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我妈是知名大设计师。万一我工作做得不好，那岂不是给你们招黑吗？ 还要被别人嘲讽，做人还是低调一点好。而且二哥不是也没有公开吗？其实不公开也好，不然肯定早就被扒的连裤衩都不剩了，一点隐私都没有。而且我不是想做明星，我是想当一个好演员。沈远点点头，那就让你二哥多照顾照顾你。你现在接下的剧组不刚好是景和所在的剧组吗？景和，一顿饭下来，沈远也想通了，二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他这个当父亲的应该主动些才是。他准备用温言所接下的这个剧组做引子，看能不能深入和他聊一下。 不管是投资他要拍的影视剧作品，还是其他方面都行。可是沈景和对沈远的恨实在是太深了。沈远才刚刚叫了他的名字，他就冷着脸站了起来。我没有义务照顾任何人，谁想照顾谁自己照顾去。妈，我有点累，先回房间去休息了。温言白瞎一句话又回到了解放前。这还不算完，沈景和一走，沈景修就接了个电话上书房了。紧接着苏漾就又接了一个电话说，说要去工作室处理紧急事件。外面天已经黑了，沈远不放心苏漾一个人出去。 干脆去给他当司机了。最后只剩下温言和沈芷柔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温言主动给沈芷柔拿了一小块甜点，你要不要试试这个？是最近的网红款，味道还不错。沈芷柔深深看了温言一眼，淡淡勾起唇角，谢了。不过我最近在保持体重，这个热量高我就不吃了。你不是要混娱乐圈吗？最好也好做好身材管理。说完，沈芷柔就起身离去。温言看着她的背影，心知沈芷柔这些话说的没毛病，听起来也是善意的提醒，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他刚才看自己的那个眼神，温言总觉得不太善良。等到沈芷柔也离开后，偌大的大厅瞬间变得空荡荡。看着眼前五颜六色的甜点，温言感到好可惜。尤其是这些甜点都还不便宜，小小一块都要三位数。这么贵又好吃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动，实在是太太太浪费了。秉持着坚决不能浪费粮食的原则，温言拿起一块，迅速跑上了二楼。时隔半个月，他再一次站在了沈锦秀的房门口。上一次，也就是他刚穿书的时候。 正拿着一杯下了药的橙汁准备迷晕沈景修，但是这一次他只是单纯来投喂的。和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沈景修的房门半开着，并没有关严实。从温言站着的这个角度，可以清楚的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只见他一边拿着手机和人通话，一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动作随性却又引人注目。哇，大哥单手的打电话的样子也很好看哎，他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他也进军娱乐圈，只凭一张脸，大概就要成为顶流了吧？正在找文件的沈景修忽然顿了一下。 就连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他也没听清楚。哎，怎么有人连停顿一下的动作都像是定格的画报剪影？公司肯定很多员工暗恋他，说不定还男女通杀。沈景修，他的脑袋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难道对每一个人他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的吗？对沈景和也是如此。找到了想要的文件，沈景修挂断了电话。他刚一转身，温言就敲了敲他的房门：“嗨，大哥，你还要加班吗？”“嗯，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我是来给你送甜点的，我特意让少放了糖。” 你加班的话，刚好可以吃一小块。沈景修本来是想拒绝的，但是想到他耐心在门外站了那么久，一声不响的等他打完电话，如果心声不算讲话的话，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谢谢你。书房，沈景修将手中的小蛋糕和资料放下后，立刻转身回去，关上了房门。他有个越长大越不为人知的小喜好，那就是他其实钟爱各种小蛋糕。从小他就喜欢，但因为当年爷爷皱着眉头的一句“怎么一个男孩子那么喜欢吃甜食？你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他就把这个小小的爱好给隐藏了起来。每次妈妈和年幼的妹妹吃小蛋糕的时候，他就只能默默的在一旁看着，并且还要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久而久之，大家就相信了他不爱吃这些，也从不会主动和他分享。曾经各类甜点是妹妹沈芷柔的最爱，但是妹妹后来生病出走，即便苏漾本身也喜欢甜食，从那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食物了。回归之后的沈芷柔似乎也没了这个爱好。今天还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在家里看到饭后甜点，而此刻这看起来就很美味诱人的甜点正静静躺在他手边。 乖乖等着他去品尝，挖起一勺放进嘴里，那入口即化的香甜感瞬间就征服了他的味蕾。吃的时候他在想，还好温言并不怎么了解他，不然的话他肯定不会送他甜点。不过他特意把小蛋糕送过来，倒是挺叫人感到意外。但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意外。他一直在心里夸自己帅，这应该是他喜欢自己这个大哥的表现吧？喜欢大哥送块吃的，合情合理。很快，沈景修就解决掉了这块小蛋糕。吃完之后，他有些口渴，打算下楼去倒一杯水。 结果刚出书房门，他就看见温言端着另外一块小蛋糕敲开了沈景和的门。那一块看起来似乎更好吃的样子，他还拿着蛋糕进去了。看来他更喜欢这个家里的二哥。可是自己难道真的就是个冰坨子、制冷机，难以接近？沈景和打开房门，挑眉看向温言：“有事？”温言双手捧着小蛋糕递到沈景和面前，笑盈盈的：“看你晚饭都没怎么吃，好像一个人在生闷气一样。你肯定没吃饱吧？我拿这个来给你填填肚子。”哼！沈景和冷笑一声。 后悔了吧？温言眨巴眨巴眼，什么后悔？后悔什么？明知故问。那你不请我进去吗？还是我们两个就站在这里聊？进来关门。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室内。等温言关好了门，沈景河这才勾唇重复了一遍：“怎么样？是不是后悔求我回来了？”嗯，二哥你，你是不是该注意一下你的措辞？我明明是请你回来的，怎么能说是求呢？这个家伙还笑呢，看来他心情并不坏。沈景河，他心情当然不坏了，把老头子怼了个哑口无言，他怎么会不痛快？ 他看了眼温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但是下次别这么做了。温言瞪大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吗？难道是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我这么做很显然是为了让妈高兴高兴，她看到你的时候有多开心你，你难道就没察觉到？那沈芷柔呢？沈景和冷吃了一声，你平时不是很讨厌她吗？为什么还主动向她示好？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太阳当然没打西边出来，但是家和万事兴，我想让妈高兴，自然就要停止和她内斗了，是吗？ 那你可真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啊！没想到你身上居然也有这种品质。温言，我想了想，这个蛋糕味道是真的不错，诚心建议你尝一尝。至于我，告辞。沈景和冷哼，出去记得把门关好。知道，我又没长尾巴。温言轻轻带上门出去，心情还不错。本来以为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结果人沈景和情绪根本就没受到影响，毒蛇功夫还是一流。至于沈远那边，相信美丽的苏女士一定能安抚好他。这么一合计，温言脸上不禁露出一个笑容来。 正准备上楼回自己的房间的，不料却在楼梯口看见了沈芷柔。温言主动打招呼：“下去呀、啊。”沈芷柔淡淡笑了下：“嗯，准备去喝点果汁，你要吗？谢谢，但是我就不要了。我准备回房去。刚才多吃了几块小蛋糕。”温言决定回房间去找双运动鞋，然后下楼去花园里跑几圈，消耗消耗能量。但沈芷柔似乎没有放他走的意思。“你刚刚是从二哥的房间里出来的吗？聊什么呢？看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温言沉默了一瞬，因为觉得进展太快了。 目前他和沈芷柔的关系似乎还停留在他示好，沈芷柔淡然应对的局面。但是现在沈芷柔忽然问得这么细致，温言感到有些不习惯。不过也不排除沈芷柔也想家和万事兴，所以温言还是很配合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对，也没聊什么，就是我给二哥送了一块小蛋糕过去，我看他今天晚上都没怎么吃饭。沈芷柔淡淡笑了笑，那二哥收了吗？收了一小块蛋糕而已，他也没说不吃。沈芷柔点点头，知道了，那我先下去了。嗯，拜拜。分开后。 温言很快回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他本来是想找一套运动衣换上的，结果翻箱倒柜找半天才找出一件卫衣来。重新穿戴好后，他也不着急，带着蓝牙耳机一边刷视频一边下楼。结果走到二楼的时候，一只耳机意外脱落，他赶紧追了几步把耳机给捡了起来。刚好这个时候他又刷到一个搞笑视频，那个视频实在是太搞笑了，看第一遍的时候他就忍不住笑出了声，甚至他没忍住站在原地又刷了第二遍。然而就在他再次笑出声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暂停视频，朝前面一看，温言发现沈芷柔正面无表情朝他走来。看到那样面无表情的一张脸，温言顿时没有笑的欲望了。不过他还是打了个招呼：“嗨，芷柔。”沈芷柔的步子迈得很大，不一会儿人就走到了温言身边。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我们谈谈吧。”温言。“好啊，去哪儿聊？”“我正准备下去跑两圈，你要不要一起？”“不了。”沈芷柔朝温言抬了抬手，“我手里还拿着果汁呢，你跟我来。”说起这杯果汁，温言觉得有点奇怪。 主要是大晚上拿着一杯果汁站别人房门口的这个桥段，他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如果刚才他没有看错的话，沈芷柔应该是从沈景和房门口那边走过来的。可他和沈芷柔的房间在三楼，二楼是沈景修和沈景和兄弟俩的地盘，所以沈芷柔绝对不可能是从这里路过。难道说他这是特意去给沈景和送果汁了？不过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沈芷柔虽然是沈景和他们的亲妹妹，但她毕竟离家多年，回归后兄妹几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厚。 他主动想要拉近和亲哥哥之间的关系，也无可厚非。心里想着这些，温言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沈芷柔走到了三楼。沈芷柔在她自己房间门口停了下来，温言自然而然也跟着停下了脚步。温言刚准备开口，沈芷柔就冷笑了一声：“温言，好笑吗？”温言一脸懵逼：“你在说什么？什么事情好笑不好笑？我现在很迷茫啊！演技不错嘛，难怪能被导演选中。你是不是觉得你送出去的蛋糕有人要就很了不起？我的果汁没人要就要。” 被你踩在脚底下了。温言虽然还是一脸懵逼，但他好像能猜到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原来他这杯果汁真的是打算送给沈景和的，但是沈景和却拒绝了他。三分钟前，沈芷柔拿着果汁敲响了沈景和的房门，她乖巧的笑着向沈景和说明了来意，她希望沈景和能接下自己递过去的果汁。可是沈景和却以晚上不喝含糖量高的饮料拒绝了他。但是透过半开的房门，沈芷柔真真切切看见了那块快要被吃完的蛋糕，那块温言送过来的蛋糕。 然而，跟他手里的这杯果汁比起来，明明是那块蛋糕的热量更高，但他又不能逼迫沈景和收下自己亲手打的果汁，只好笑着后退了两步。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温言出现在楼梯口，他弯了一下腰，似乎是从地上捡起了什么东西，然后他朝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忽然就笑了起来。除了嘲笑，沈芷柔想不到任何其他任何温言发笑的缘由。此时此刻，温言已经大致猜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带着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愿望，他开始向沈芷柔解释。 你应该是误会我了，芷柔。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情，因为我正戴着耳机刷视频呢。至于你说我笑了，那是因为我正在看搞笑视频。不信的话，你可以看我的手机，我还没退出界面，那个视频被我给暂停了。沈芷柔却还是冷笑：“别演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来今天这出，包括放弃去公司上班，应该都只是为了讨好爸妈吧？爸妈似乎很吃你那一套，但是温言我不吃。你要时刻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在这个家里，我才是真正和爸妈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你只不过是他们捡回来的一个孤儿而已，所以就别妄想着要取代我的位置了。我听说你那天离开的时候还收拾了行李箱，你刚才不也说了想凭自己的实力在娱乐圈混出一片天吗？真要独立，那你就滚远一点，别再回来，否则我不会让你好过。温言，沈芷柔这脸变得未免也太彻底了吧，简直是判若两人。但说是判若两人吧，看他那样子又不像是第一次放这样的狠话。可关键，原身的脑海里并没有这样的记忆啊。温言一时之间有点乱，沉默着没有说话。 沈芷柔却又在这个时候靠近了他，我带给你的那种感觉，你应该还没有忘记吧？要滚就滚远一点，懂？沈芷柔一边说，一边还抬手轻蔑的在温言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两下。这下温言的脑子更乱了。直到沈芷柔开门进屋，然后又砰一声重重关上了门，温言这才回过神来，什么玩意儿？他捶了捶脑袋，怎么感觉越想脑子里的某一块地方就越趋近于空白啊？但是不还是要跑的？说不定运动过后脑袋瓜子就能开窍了。两圈过后，温言失望的回到了房间。 他干脆洗了个澡，在床上躺尸，并努力整理原身的记忆。整着整着，温言忽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费老大劲儿把床垫掀起来。他很快就在床垫下面发现了一个本子。原身的记忆告诉他，这是一本日记本。拿到手后，温言迫不及待就翻到了最后一页。这一页看得温言颇为触目惊心，因为那一页上写满了沈芷柔的名字。关键那不是普通的写法，而是用红笔写着并画了框的。懂的人都知道，人名字包的这个框叫做是王浩。 表示这个人死了，而满夜的死名上又被刀片一类的利器划了无数道划痕，这是得有多大的深仇大恨啊！可原身留给他的记忆里根本就没什么血海深仇。想到这里，温言赶紧把日记翻到了第一页。这本日记最开始的日期是在四年前。沈家真正的女儿回来了，我替我的养父母感到高兴。他们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和优渥的生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们的。我要好好和芷柔相处，和她做一对好姐妹。这些年她辛苦了，我享受的本是属于她的东西，也该还给她了。我跟芷柔相处的很好呢。 今天天气晴朗，真是一个好日子。现在是深夜，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芷柔她竟然梦游，她差点掐死我。那一刻我快要不能呼吸了，还好她最后清醒了过来。但是她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爸妈，她说以后她睡觉会锁好门。她说梦游是因为做了噩梦。这么多年来，她流落在外很可怜。我答应帮她保守这个小秘密，这是属于我们姐妹俩之间的小秘密。距离上一篇日记已经三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和芷柔相处的很愉快，一家人其乐融融，所以我就没有再写日记。 可是我说不清楚，我很矛盾。难道是我太过小气，或者是我太敏感了？为什么我总觉得芷柔对我并不是真心的？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其中也有我介绍给她认识的。可是渐渐的，他们都开始疏远我了，反而和芷柔越走越近。和我要好的好像就只剩下乔可心了，但我总觉得乔可心接近我的目的不纯。算了，先不说乔可心了。我觉得在爸妈面前，芷柔表现的也有点奇怪。明明说好了要一起做的事情，因为爸爸反对，她就不再坚持了。只有我还在据理力争。 这样显得他很懂事，我倒成了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的那一个。可我们早就知道，爸爸是肯定不会同意的、啊。事后他又来和我分析利弊，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乔可欣说这些都是他装出来的，我很迷惑。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证实了我和乔可欣的猜想：沈芷柔她果然是装的，她恨我，可我真的没想过要抢她沈家大小姐的位子。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沈家收养的，我在外也从来不会刻意掩饰这个事实。打从他回来，我就在尽全力和他好好相处。 没想到他对我的好只是在父母面前演戏而已。这个贱人明知道我今天要去参加学校的演讲决赛，却拿走了我的手机，把我关在了偏僻教学楼的厕所里。他向我宣战了，他说要拿回本就属于他的一切。我准备了几个月的演讲就这么被他毁了。可是那栋旧教学楼的走廊并没有监控，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件事，就连爸妈也不相信，因为他实在是太能演，像个楚楚可怜的小白花，无辜的很。真的是太恶心了，沈芷柔这个贱女人实在是太贱了。她总有办法逼我发火，逼我歇斯底里。 搞得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人有毛病。我其实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做，每次都是正中他的下怀，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我忍不住自证，忍不住拔高嗓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看在别人眼里，我的大嗓门都是我心虚和无能的表现。他差点杀了我，在三十二楼的天台，差一点我就被他推下去了。他把我推到栏杆旁边，我的上半身悬空。曾经我以为我不会恐高，可是那一刻我真的害怕极了，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哪怕是现在，我都心有余悸，我不敢再去回想那一幕。他说的对。 没有人会相信我，忘了吧，忘了我就不会再恐惧了。好久没写日记了，那件事情已经被我尘封在心底了。我不学管理了，不要再和他做同学，我转去学设计，和我妈一样的专业，将来我也干这一行。乔可欣说的对，我应该恶心他，专挑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恶心他，反正也无伤大雅。如果他跟我计较，那反而显得他小气了。这都是他逼我的，他逼的。翻到这里，原身的日记暂停了，温言的震撼也无法用语言形容。难怪脑海里没有关于沈芷柔不好的记忆。 原来是被原身封存了。现在看到日记，那些痛苦的、令人抓狂和窒息的记忆全部都涌了出来。也许因为身体是原身的缘故吧，记忆爆发的那一刻，温言的心脏忽然针扎一般疼了好一会儿。等那阵疼痛过去，温言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来处处作死的原身竟然是被沈芷柔逼的。曾经的他是那样的善良，却生生被沈芷柔逼成了这个样子。这四年来，他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啊？沈芷柔他，他又何至于此？ 温言忽然好心疼原身，他抚摸着日记本上那些文字，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温言，我们两个有着相同的名字，你的肉身和我的灵魂相遇，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虽然我本意也不想去抢去争，但是我想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过去种种没有证据不要紧，他一定会再露出马脚的。温言合上日记本，他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好一会儿之后，内心才恢复平静。回到床上之后，温言又重新打开了那本日记本，从日记暂停到最后一页死名，中间还有好多页。 温言打算翻翻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这一翻，还真叫温言发现了一点异样。这日记本中有一张纸被撕掉了，但由于原身下笔重，大部分字迹都被印到了下一页纸上。刚好原身以前学设计的，上次温言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抽屉里有不少铅笔。他立刻找出了一支削好的铅笔，在那页空白的纸上儿轻的图画了起来。很快，纸上白色的字迹便显现了出来。这些字迹略显潦草，和原身以往的笔记不太一样，但可以确定是他本人写的没错。 纸上面的每一个字，温言都认识，但是这所有的字组合在一起，他只能说看了之后，他大为震惊，瞳孔简直都要地震了。哈，我发现了什么？他真是个疯子，他死定了！这就是温言复原出来的全部内容，这对温言来说实在是太炸裂了。他闭上眼睛，开始搜索脑海里的记忆，他想看看当初元身到底是看见了什么才得出这个结论。他努力的回想，终于让他找到了这段记忆，但是很可惜，那段记忆非常模糊，因为当时元身喝醉了。 这篇没有日期的字迹潦草的日记，也是原身在醉酒之后写下来的。写完没多久，原身就抱着日记本趴在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什么都想不起来，烦躁的干脆把这一页纸给撕掉了。但是温言相信，空穴来风必有因，或许原身的猜测并没有错。比方说，刚才沈芷柔特意去给沈景和送了果汁，送之前他还向自己打听沈景和有没有收下小蛋糕。同样是同父同母、有着血缘关系的哥哥，他可一下都没提到大哥沈景修。 他忽然翻脸暴露本性，也是因为沈景和拒收了他的果汁。这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值得推敲。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沈芷柔就是在乱伦啊！他疯了吗？温言忽然对沈芷柔流落在外的那十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难道说那十年他过得极其不幸？糟糕的环境使得他这个人逐渐变态了起来。只可惜原身对这些所知也是甚少，他只知道沈芷柔在八岁的时候离开了沈家，三年后沈家收养了自己。 然后十八岁的时候，沈芷柔才被他的养父母送回来。至于当年他是怎么离开的沈家，这十年间又发生了什么，完全没有人告诉过原身。不过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沈芷柔和他养父母的关系挺好的。流落在外的这些年，他的养父母并没有亏待他，至少表面上是这么个说辞，而且也仅此而已。多的信息就没了。温言也还记得，他穿来的第二天早上，发现沈芷柔没有和大家一起吃饭。苏漾解释说是他的养母生病，所以他才连夜赶去医院看望他的养母。可如果日记里记载的都是真的。 如果沈芷柔在养父母家里过得很和谐，他又怎么会养出这样变态的性格来呢？偏偏在这本叫做《陆夫人又又又掉马甲了》这本原著中，沈家只是一个炮灰家庭，所以关于沈家的真假千金，原书作者压根就没有花费任何笔墨。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有用信息，就只能靠自己去查。正想着这些，外头忽然传来一阵汽车行驶的声音，温言猜测应该是苏漾和沈远回来了。趴到窗户上一看，果然是他们的车子。而他想知道的一切，除了沈芷柔本人。 应该就属苏漾最清楚了。温言赶紧跑下了楼。他到别墅门口的时候，苏漾和沈远刚好走过来。看到温言的时候，苏漾有些惊讶：“妍妍，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睡？”温言立刻走上前去，亲昵地挽住了苏漾的胳膊：“还早着呢妈，现在年轻人哪有那么早睡的？怎么样，你工作室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没？一切都还顺利吗？”“嗯，很顺利，全都处理好了。那爸妈你们快进去坐，我给你倒杯水来喝。”苏女士和沈先生嘴唇都起皮了，这是渴了多久啊？ 工作室的人居然都不给老板提供水的吗？真是该打屁股！苏漾本来想说不用的，但听到温言这个心声，他还真觉得口渴了。回头再看看身后的沈远，他果然嘴巴很干的样子。沈远也下意识抿了抿唇，对于能够听到温言心声这件事，他已经坦然接受了。而温言在说完这句话后，立刻跑去了厨房。他走开之后，苏漾的目光就四处找寻了起来。今天四个子女都在家，他临时接到电话出去这件事，孩子们也都知道。老实说，看到温言下来迎接自己的时候。 他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他期待其他儿女听见他回来的声音，也能下楼来和他说说话。但客厅里并没有其他三个子女的身影。唉，苏漾在心里暗叹了一口气。不过他也不强求，毕竟已经这么晚了，孩子们休息的休息，加班的加班，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但是妍妍这个孩子，真的是让他心头一暖，好像刚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是个暖心的小棉袄。只是后来芷柔回家以后，这孩子就变了。好在现在那个暖心的小棉袄又回来了。想到这里。 苏漾看温言的眼神更加慈爱了。温言很快也拿了两杯温水过来。苏漾在喝水的时候，温言就在想，也不知道苏女士累不累，大周末的晚上还要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也太糟心了。如果我现在找她的话，应该会影响她休息吧？算了，还是等明天她睡饱了再说。心声落下的同时，苏漾也喝完了水。她其实有一点疲倦，但是妍妍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他又怎么会不满足她呢？而且他也很好奇温言到底想找她做什么。苏漾放下水杯，主动说道。 大晚上的出去跑了一趟，反而精神了。妍妍，你要是不困的话，就跟妈妈去书房坐坐，刚好有个东西要给你看。好，我一点也不困。妈，你要给我看什么东西？苏漾轻笑，去了你就知道了。温言很快就被带到了苏漾的书房。这个家里，沈远、苏漾和沈景修各自都有一间书房，需要处理公事或者是搞设计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互不干扰。苏漾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服装、包包和珠宝，因为这些东西都比较贵重。 所以他的书房平时都是上锁的，从小到大原身也没有进去过几回，对温言来说更是第一次进来。不得不说，才一眼他就眼花缭乱了，仿佛进入了一个精致的奢侈品展厅。不过他有尽力克制，让自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惊讶的样子。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是沈家的女儿，不能太土包子，也不能给原身丢脸。苏漾更是主动引导着温言说话：“我要先整理一下，才能把东西给你看。”温言嗯了声，乖巧的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 刚好可以趁这个时候和苏漾聊聊沈芷柔的事情，他的书房轻易不会有人进来，也不怕被其他人听到。对了，妈，我能问问你关于芷柔的问题吗？芷柔的问题吗？苏漾倒是不觉得奇怪，不管是从温言的心声，还是从他的表现来看，苏漾都能看出来他正在努力的向芷柔示好，因此他现在来向自己打听芷柔的事情也无可厚非。苏漾干脆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拉着温言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说吧，你想知道什么，妈妈都告诉你。嗯。 我就是想问问芷柔当年是怎么离开家的，流落在外的十年过得又是怎样的生活？唉，一听到这个问题，苏漾就深深的叹息了一口气。不过既然已经准备告诉温言，他也就不打算藏着掖着了。当年芷柔离开是因为她生了很严重的血液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那时候她基本上每天都住在医院里，学习也中断了，医院也三天两头给我们下病危通知书。唯一的办法就是骨髓移植，可即便是我们这样的家境，也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骨髓。 我曾经也想过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能够救他。但是在生芷柔的时候，我的子宫就受创，医生说不适合再怀孕，而且家里你四个哥哥的骨髓都配不上，所以我就打消了怀孕的念头。那时候天天化疗，芷柔那么爱漂亮的一个孩子，头发却都掉光了。我们也知道他每天都很痛苦，饱受病痛的折磨。可是为人父母的总不想就这么放弃他。最后他自己受不了，趁着看护不在病房的时候离开了医院。当时我和你爸，我们都快要疯了，到处调监控找他。 隔天，我们就在江边找到了他离开医院那天穿的鞋子和一封压在石头下面的信。那孩子说不想再看爸爸妈妈这么痛苦，不想再看妈妈整天以泪洗面，所以就选择了投江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当时一下就崩溃了，疯了一样没日没夜的沿江寻找，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尸体。那三年，我活的真的像是一个行尸走肉。因为没有找到尸体，所以我坚信他还活着。可是活着却找不到，我承受不住这种折磨。我那时候都已经抑郁了，然后你爸爸。 你就把你带回来了，你就像是个温暖的小太阳，治愈了我。那些年要是没有你的陪伴，妈妈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这样又过了七年，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寻找芷柔。直到你生日那天，芷柔的养父母忽然找上了门。原来芷柔真的没有死，她投江后被捞上了一艘船，被她的养父母带回了家。但那个时候她已经丧失了求生意识，所以并没有选择回家。她的养父母对她很好，知道了他的病，就带着他去医院做了骨髓配对，结果竟然配上了，手术也很成功。 她很坚强，术后熬过了各种并发症，直至恢复了健康，她这才找了回来，回到了我和你爸身边。这些过去是我心里永远的痛，也是芷柔心里的痛。那些年来她过得并不好，所以我很少提及那段过去。但是今天妈妈把这些都告诉你，也是希望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好好相处。可能过去有些事情你觉得我和你爸偏心了，但那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弥补芷柔。你能明白吗，妍妍？我能，我明白，这是人之常情。沈芷柔的这段过去听起来确实是很可怜。 令人同情，但是后半段结合沈芷柔那表里不一的阴暗性格，温言现在觉得非常不合理，因为太过巧合，太过离奇，简直就跟小说一样。等等，这好像就是一本小说，所以似乎这种存在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他都穿过来了。可是妈，我先说好我，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我还是想问问，那芷柔回来以后，你们做了亲子鉴定没有？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当然有亲子鉴定，当初还是芷柔自己先提出来的，我还收着那份报告，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看。 好啊，苏女士果然很相信沈芷柔。那如果有一天我跟苏女士说沈芷柔曾经害过我，甚至差点杀死我，苏女士会信吗？算了算了，还是先找证据吧。正拉抽屉的苏漾忽然停住了手。妍妍在说什么？芷柔曾经差点杀死她。如果这话是从妍妍嘴巴里说出来的她，她确实可能不太相信。可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心声，难道也会骗人吗？苏漾愣在原地，好一会儿过后才回过神，似乎以前妍妍是告过芷柔的状。 但那个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在明争暗斗了。妍妍也经常会搞一些小动作，那些小动作他和沈远都是看在眼里的。妈妈，妈你怎么了？是报告有什么问题吗？没。苏漾被温言现实中的声音拉了回来，我正在找呢，一时想不起来压在哪些文件下面了，我再找找看。说着，苏漾就翻找了起来。很快，他就从一个档案袋中拿出了一份文件，给你看看。当时我和你爸还有芷柔，我们三个都采样了，确认我们的确是亲子关系。 过分专业的数据，温言其实也看不太明白。但看着最后那个基因相似度高达九十九百分之九的数据，就是文盲都能懂。不过妈，你不是说只有他接受过骨髓移植吗？那他血液里的 DNA 应该和你们不一样才对啊？这个结果是不是反而有问题？没问题的，人体的 DNA 是先天遗传确定的，骨髓移植只是改变了血细胞而已，比如血型发生改变。我们的鉴定是通过毛发来做对比的。哦，温言点头，略显文盲了。不过他还是想问。 那当年给你们做亲子鉴定的机构靠谱不？当然靠谱了，那是本市最权威的一家机构，跟公安和法院都有合作。温言点点头。那芷柔养父母的家你们去看过没有？芷柔那十年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的呀？他们能给芷柔做手术，还能悉心照顾芷柔那么多年，家境应该也挺不错的吧？是不错，他们有自己的生意，为了芷柔这个病也花了不少钱，一般人家还真负担不起。我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这就好像是天注定一样，我们收养了你，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 他们收养了芷柔，也把芷柔当做是亲女儿，所以人还是要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一定会有福报的。温言本来还在质疑沈芷柔的养父母怎么会这么好心，但苏漾的话直接把他给毒死了。因为苏漾说的也没错，他和沈远收养了原身，把一个孤儿养成了千金大小姐，那不也是出于好心吗？世界上从来不乏善意，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可是这么善良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怎么就生养出沈芷柔那样的性格呢？难道是被病痛给折磨的？妈，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我相信芷柔回来以后，你和爸一定调查过他养父母的家庭背景，对吗？是的，我们确实调查过。那能给我看看吗？能是能。苏漾皱眉，但是妈也想问问你，为什么忽然想知道这些？啊，苏女士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以前发生的事情早就没有证据了。他们对沈芷柔肯定比我对沈芷柔上心一百倍、一千倍。亲子鉴定都没问题我，我却在没有丝毫佐证的前提下提出质疑，那会显得我很傻悲哀。而且我也不想让苏女士伤心，毕竟这是我的猜测，我不需要对一个猜测负责任。 可那是她怀胎十月亲生的女儿啊！如果因为我的质疑令她寝食难安，甚至再度抑郁的话，那我就是个大大的白眼狼了啊！苏女士，请原谅我对你撒一次谎吧。温言立刻讨好的笑着说：“因为我想好好和芷柔相处嘛。那在好好相处之前，我想多多了解她。好，那我拿给你看看。”苏漾这边去柜子里翻找文件，转身的那一刹他面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以前妍妍就告过芷柔的状，但是芷柔全都矢口否认，说没有欺负过妍妍。后来妍妍变本加厉。 凡事总是先挑起战争，分明是狼来了的表现。可是现在苏漾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了，正纠结着，苏漾忽然听到了温言的声音：“呜呜，好想拍照怎么办？可是不好意思，当着苏女士的面拍。我们超级无敌可爱、美丽、优雅又高贵苏女士，如果这个时候你能转过身去，该多好啊！”上一秒苏漾还在烦心，下一秒就被温言的彩虹屁给逗笑了。他暗叹了一口气，默默转过了身，假装在柜子里找东西。温言眼睛立马就亮了，趁此机会赶紧咔咔拍照。 尴尬的是，因为太急，他还一不小心打开了闪光灯，咔嚓声响起和闪光灯亮的那一瞬间，温言一整个社死。苏漾明明什么都知道，却还要装作一副没有察觉的样子。倒是温言先松了一口气，呼，还好苏女士认真专注，没发现我这边搞出来的动静，真是够够的了。要是谁派我去做间谍，还没抓到对手的小辫子，估计对手就先笑死了。妈，我看好了，放桌上了啊。好，放那里就行，一会儿我来收拾。终于可以转过身了，苏漾给温言递过去几张设计稿。 刚才不是说有东西要给你看吗？就是这个，好看。那是一套珠宝设计稿，包含项链和耳环。但是妈，虽然我学的是设计，可是确实是给你丢脸了。我学的并不好。你给我看这个是？苏漾轻笑，怎么？难道我还指望着你来指点我吗？是让你选的，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生日还早着呢吧？可是珠宝的制作需要时间，当然要提前准备。你看看你喜欢哪一套？嗯，说不高兴那是假的。那我来好好选一选。哎呀呀！ 每一套都好好看啊！苏女士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师，太美了，好难选，怎么办？要不还是点兵点将吧。苏漾轻笑，这丫头的嘴巴可真甜。不对，不是嘴甜，是心甜。妈，我觉得我更喜欢森林和海洋系列。以你大师的目光来看，你觉得哪一套更适合我？以你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觉得森林会更加适合你，更加灵动。书房内，母女两个聊着珠宝。书房外，三楼，沈芷柔一直紧盯着那扇紧闭的房门，直到看见温言开门从里面出来。 他这才闪过了身。温言回到卧室后，立刻翻出了刚才在苏漾书房里拍的照片。资料显示，沈芷柔的养父母开了一间服装厂，经济条件不错。温言上网搜了一下，这间工厂确实已经创办了十好几年，工厂法人和沈芷柔养父的身份也能对得上，完全没有任何漏洞。而且这对夫妻是真的很善良。资料显示，他们经常救助孤儿。沈芷柔并不是他们帮助过的第一个孩子。难道是我想多了？白纸黑字看在眼里，温言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不过他本来也没有怀疑沈芷柔的身份，只不过是听到苏漾所说后感到过于离奇而已。一开始他也只是想揭穿他的真面目，替原身讨回公道罢了。但是沈芷柔的黄鼠狼尾巴藏得太深，得刺激刺激他才行。如果原身日记里写的是真的，他真的对沈景和有不伦的想法，那么他倒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一楼主卧，苏漾坐在梳妆台前心不在焉，就连沈远已经靠近他都没有察觉，在想什么呢？老婆，苏漾转身看向沈远，你还记得芷柔回来的第一年吗？ 一开始，妍妍和芷柔俩姐妹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妍妍就开始告状了。记得怎么了？那不是妍妍想要博得我们的关注吗？因为芷柔回来给她的关爱不像从前那么多了，所以她耍点小脾气，这也是很正常的。他们两个明争暗斗归明争暗斗，总归是没惹出大事来。可是，可是如果芷柔真的对妍妍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呢？什么事？沈远皱眉，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苏漾摇头，不，我是说如果，那我们就讲道理。 如果芷柔真的做了过分的事情，就算她是我们的亲生骨肉，那也不能过于偏袒。那你说用毛发做亲子鉴定会不会不准？当然不会了。如果毛发有问题，当时检验机构就会告知我们了。你这是怎么了？是刚才妍妍跟你说了什么吗？他又跟你告状了？没有。妍妍打算和芷柔好好相处，所以过来向我打听芷柔的过去。所以你就想起往事了？但当时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的。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而且芷柔的长相一看就随你。 怎么可能不是你我的孩子？嗯，那我不想了。当年芷柔回来，她的身份不论是自己娘家还是婆家的人都质疑过，但最终都被一纸亲子鉴定说服。没理由她现在就要因为温言的几句话就怀疑起来。第二天一早，所有人都在早餐时间准时坐在了餐桌前，除了沈景和。一看见那张空座位，沈远就皱起了眉头。苏漾赶在他发话之前先开了口：“张嫂，你去把景和叫下来。”温言看了眼规规矩,矩矩坐在椅子上的沈芷柔，忽然主动请缨：“妈。” 还是我去叫二哥吧，二哥有起床气，我跟他关系好一些，他不气我。温言一边说，一边打量沈芷柔的表情。果然，在他说出自己和沈景和关系好的时候，沈芷柔的脸色变了变。但也许是碍于大家都在场的缘故，他面部表情的变化并不明显，和昨晚的突然翻脸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说完之后，温言也没有再耽搁，立刻就上了二楼。他先是礼貌的敲了敲门，但一连敲了三个回合都没有人回应，敲得他手都疼了。沈景和，你是猪吗？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 一门之隔，正在擦头发的沈景和偏不开门，敲吧，使劲敲，把门敲个洞出来，开门就算我输。结果下一秒，他的手机就疯狂地响了起来，他挂断了温言就在打，他在挂温言就在打，三遍过后，温言终于停止了拨号，但是紧接着他的微信就开始往外弹消息，温言起床了，大明星，全家都在等你吃饭，温言妈还替你说话呢，温言，你如果继续赖床，妈多难堪，温言，你也不想让妈难堪吧？手机滴滴滴响个不停。 沈景和无语，放下手里的毛巾，就朝门口走了过去。房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打开，正在编辑消息的温言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赤裸着上半身、下半身只围了一条浴巾的出浴美男。他眨巴眨巴眼，手指也忘记动弹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能穿好衣服再来开门吗？卧槽！沈景和这个身材绝绝子啊！他好像还没有在镜头前脱过吧？那我岂不是前排观众，坐沙发的那种？沈景和俊脸一沉，你敲完门打电话，打完电话发消息，给我时间穿衣服了。嗯。 温言嘻嘻一笑，我以为你在睡懒觉呢，你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吃早饭呢，可以不用等。哎呀，等都等了，总不能白等吧？你快点穿衣服，我和你一起下去。怎么，你自己一个人是不会走路吗？脚是摆设。温言，猪头沈景和，要不是为了刺激沈芷柔，神揉我稀得跟你一起走。沈景和皱眉，这算什么理由？温言，好吧，我其实是担心你磨磨蹭蹭，大家都等你，去晚了真的很不礼貌。知道了，马上。砰的一声。 房门被关上了，两分钟后门又开了。这一回的沈景和已经穿戴整齐，走吧。不过这一次，两人并肩走到餐厅的时候，沈芷柔并没有什么反应，又或者说他是背对着餐厅入口的，除非回过头，否则他看不见两人并排走过来的样子。倒是沈景修多看了他们两眼。餐桌上，苏漾问沈景和今天有没有工作安排，沈景和说没有。温言的脑袋瓜子立刻就活泛了起来，既然二哥今天没工作不走的话，那我们不如来个花园烧烤吧，怎么样？ 妈，你说呢？其他人肯定都不太想组局，但是苏漾却很乐意把大家都聚起来，所以温言特意 Q 到了苏漾。苏漾果然表示赞成。好啊，正好今天天气也好，不冷不热，一会儿我就让厨房去准备食材，到时候尝尝你爸的手艺。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爸爸烧烤很在行。以前在外留学的时候，我和你爸一群人周末经常会出去 barbecue，barbecue。沈景和，虽然我今天没工作，但是谁说我不走了？好啊,好啊，好啊。温言第一个捧场，那我们可要好好尝尝爸的手艺，老八万岁。 沈芷柔、沈景和、沈景修、沈远，死一般的沉寂。但是没关系，只要温言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而且他还会主动 Q 人。沈芷柔不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吗？那就先拉他出来遛一个。芷柔你，你今天应该没有其他安排吧？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呢。好，我同意。今天我并没有其他安排。沈芷柔看起来依旧是温温和和的，笑起来没有一点杀伤力。接下来就是沈景修了。大哥应该也没其他事情吧？好不容易周末你在家。 偶尔烧烤一次也是不错的选择。温言堪堪才说完话，沈景修都还没有回答，一旁沈景和就冷哼了一声，紧接着他更是出言嘲讽了起来：“大少爷会跟你吃烧烤，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温言，所以连带着沈景修一起恨了，也是沈景和那次绑架的后遗症吗？当年绑架是绑匪策划的，决定是当爸的做的，沈景和这家伙是不是恨错人了？沈景修也是受害者呀、啊。同时被温言心声 Q 到的兄弟俩，沈景和想对温言翻白眼，但是他忍住了。这个温言。 他跟沈景修的关系很好吗？还向着他呢？从小到大，沈景修可是出了名的没朋友，好吗？而沈景修也是一愣，他惊讶温言竟然知道小时候他们被绑架的那件事，同时这也勾起了他的回忆。是的，当年他也是个受害者，只是回来之后他表现如常，从未闹过怕过，家人好像就忘了他曾经也被关在黑箱子里几天几夜的事情了。因为他是被爸爸选择的那一个，所以弟弟再哭再闹的时候，他不能哭。 父母在对弟弟嘘寒问暖的时候，他不能说自己夜里也会做噩梦，他要表现得很坚强，像他从来都不是受害者一样。可是温言说的没错，他也是受害者。所以不过就是一顿烧烤，昨天晚上他还送了小蛋糕来。就算是真的不喜欢吃那些东西，但是答应他的提议又能怎样呢？沈景修点了点头，嗯，我今天没有其他安排。听到这个回答，沈景和迅速看了沈景修一眼，然后冷哼了一声。温言赶紧笑眯眯地问他，大家都参加，不会就二哥你一个人不来吧？ 沈景和瞥了眼温言，冷冷勾起嘴角：“我可什么都不会做。”“没关系，我会啊，二哥，你只要带一张嘴就好了。”“这可是你说的。”“当然了，大家都可以作证。”“那行，我吃好了上楼去补个觉，到时候叫我。”“妈，你慢用。”沈景和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说给苏漾听的。苏漾心中也很受用，虽然老二对他爸和老大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但是一家人好歹是聚在了一起，这样的机会也是比较难得的。他对沈景和点了点头：“你工作经常日夜颠倒。” 好不容易放个假，就好好休息吧。等弄得差不多，就叫你。苏漾说这话的时候，温言一直在观察沈芷柔，但沈芷柔只是专心地吃着饭，似乎对沈景和的去留丝毫不感兴趣。难道之前看到的那一幕是自己的错觉？不过沈景和派不上用场没关系，换一个人就是了。对了，妈，这几天这几天剧组通知不是还没下来吗？我也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那我就回家里住了。好啊，苏漾很开心，回家住好多一个人多一份热闹。你不在家的那几天，家里都冷清了许多。刚开始。 我还真不习惯，嘿嘿，那是因为妈妈想我了。其实那几天我也想妈妈。虽然公开说这话很肉麻，但是温言不怕肉麻。演员嘛，当着大几十号人拍船戏都镇定自若的，说两句肉麻话怎么了？倒是沈芷柔嘴角似乎抽了抽。不过温言扫了一眼，在场的好像不止沈芷柔，沈锦绣的眉心好像也紧皱了一下。无所调谓，沈芷柔不是让他滚出这个家吗？他偏不，他就要在他眼皮子底下晃，就是要和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搞好关系。 看他的黄鼠狼尾巴还能藏多久？苏漾显然很吃温言这一套，脸上的笑容就没退下去过。很快，一家人的早饭都吃得差不多了。苏漾把张嫂叫了过来，吩咐他去准备烧烤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张嫂说家里有烤架和无烟炭，但是部分食材需要另外购买。说到这里，温言立刻提议：“妈，要不食材我们自己去买吧？印象中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和你一起逛超市了。”芷柔也一起啊？也好，确实是很久没有去过超市了。既然如此的话。 苏漾看向沈景修，景修就给我们娘仨当一回司机好了。沈景修为人虽然冷漠，但父母的合理要求他基本还是不会拒绝的。好，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十分钟后，沈景修把他的车开到了别墅门口。沈芷柔不动声色，抢在温言前面打开了后座的车门。妈，你先上车。温言也没和他争，自动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车后，沈芷柔主动和苏漾聊起了公司的事。温言没去沈氏集团的公司上过班，也就插不上嘴，因此。 他的小心思就又蠢蠢欲动了起来。到底是谁说的“认真工作和开车的男人最帅”？说的也太对了吧！沈景修开车的样子也太正经了。这下颌线、这喉结、这修长的手指，他看起来好禁欲。他一定很禁欲吧？沈景和那种毒舌男都有绯闻女友，但是他好像都没有什么花边新闻爱。沈景修抓着方向盘的手指紧了紧，禁不禁欲的？他就这么感兴趣？他皱眉，忽然加快了车速。不过很快他就没再听到温言的心声,声了，因为温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好像忘记问二哥喜欢吃什么了，妈，你知道二哥的喜好吗？他喜欢吃甜食，小时候尤其喜欢，长大了倒是吃的少了。听到苏漾的话，沈景修不自觉的微微皱了下眉。温言确实有点小得意，看来昨晚的小蛋糕送对了。紧接着他又问，那除了甜点呢？二哥还有什么喜欢吃的肉类和蔬菜？牛肉，肉类当中，锦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蔬菜他喜欢吃菇类，和你三哥一样，但其他的多多少少也吃一些，并不怎么挑食，唯独有一样他不喜欢，西红柿炒蛋。 这最后一句话，苏漾和温言是同时说出口的。苏漾有些惊讶：“妍言，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二哥告诉我的呢。”温言一边说，一边笑着回过头去。前几天我去二哥公寓的时候，二哥跟我说的。说完，他还不忘看了沈芷柔一眼。这一对视，温言明显感觉到了沈芷柔眼神中的恨意。虽然自己刚才的表现挺绿茶的，但是沈芷柔这朵黑心莲好像已经快要按捺不住了。哼，黑心莲并不比绿茶高贵呢。温言继续趁热打铁：“我再给二哥发个消息，问问他喜欢吃什么海鲜好了。” 说话间，温言就从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拿出了自己的手机，他干脆绿茶到底，说话的时候甚至还加了一下：“二哥，我们正在去超市购买食材的路上，你有没有想吃的海鲜啊？”这甜腻的声音一出，苏漾都惊了一下。不过他只认为这是兄妹两人之间的关系好的表现，不然妍妍也没那个能力把锦盒带回家来给他当做惊喜。只是苏漾万万没想到，妍妍这出去面试一趟，竟然还和老二搞好了关系。沈芷柔则是暗暗握紧了拳头，觉得温言无比恶心。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温言自己倒还好，毕竟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他的专业。不过沈景修眉间的那几道深深的褶皱，让他产生了一丝挫败感，以及对沈景修本人浓烈的同情。不好意思啊，大哥，打扰你的耳朵了。但其实我是语音转文字，这种夹子音你们今天碰巧听听也就算了，我是不会把它发出去的。沈景修十分不解，所以为什么不直接打字呢？他这么卖力是在演给谁看？沈景和倒是很快回复了温言，他的回复还是一如既往的简短，就俩字，随便。 温言笑着回头，妈，二哥说让我们看着办，他都可以，那就行。沈景修很快将车子开进了一家大型综合超市的停车场。今天他来不仅是充当司机的，还要充当搬运工。几人一进超市，立刻就吸引了不少明里暗里的目光，因为他们出众的外貌，也因为他们穿着打扮上显现出来的贵气。正准备前往鲜肉区，一个操着方言的男人忽然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准确的说的是犹犹豫豫的奔着沈芷柔而去。小姑娘，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 你是不是赵老板家的姑娘？这口音温言是一点也不熟悉，但这人一提赵老板，温言立刻就想到了沈芷柔的养母赵青，刚好也是姓赵。而沈芷柔，她原本毫无破绽的表情，在这个男人出现后，立刻出现了些微裂痕。只见他迅速往后退了两步，紧皱着眉头说：“你应该是认错人了吧？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而且我爸也不姓赵。”这一点倒是没错，温言记得很清楚，沈芷柔的养父确实是不姓赵。不过温言总觉得这是有点蹊跷。 正常人如果走在路上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拦住了，要不就是觉得莫名其妙，要不就是觉得害怕。可沈芷柔怎么看上去好像很嫌恶，唯恐避之不及，想要撇清关系的样子了。温言想了想，立马先找了一个借口和沈芷柔等人分开了。找了好一会儿，温言终于找到了那个男人，他赶紧小跑着追了上去。先生，先生，你好，你好，你找我呀？见温言这么漂亮，一个年轻女人主动搭讪，中年男人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对，刚才我们见过的，你说。 你见到了赵老板的女儿，就在前面卖肉的地方，你不记得了吗？哦哦，记得记得，就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你找我有什么事？是有点事情，不过今天我没时间和你细谈。你看，要不这样行吗？我们两个先加一个联系方式，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找你。好啊，那你存一个我的电话号码吧。说着，男人就报出了一串数字，又说我姓汪，三点水的汪，叫汪。话还没说完，一个中年女人就抱着一个小孩找了过来。中年女人的语气很不好，你在跟哪一个说话？孩子到处找爷爷。 拎东西去，好好，这就走。来，宝贝孙子，爷爷抱。男人没再和温言说话，抱着孩子就和女人一起走了。但是走了几步后，他忽然回头，贼兮兮的对温言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温言石化在原地，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了笑。好家伙，看着也才四十出头，没想到都当人爷爷了，而且都当爷爷的人了，他还笑得那么猥琐。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找他要电话号码是单纯的搭讪吧？温言无语转身，没想到却一头扎进一堵温热结实的肉墙里。啊，我的鼻子！ 温言穿鞋一米七，被他撞上的这个人至少一米九，不然他的鼻子不会正好撞到对方的胸骨。呼吸间伴随着淡淡的雪松香，温言抬头一看，被他撞上的人竟然是沈景修，大哥，不好意思，我刚没看到，你怎么来了？说完，温言也顾不上疼，目光越过沈景修的肩头，就四处张望了起来，在找什么？沈景修垂眸看温言，哦，我看妈和芷柔，他们也过来了吗？如果让沈芷柔看见他和刚才那男人接触，就不太好了。没有，妈说这里太大了。 怕走散，所以叫我过来找你。哦，这里是挺大的，找到你要买的东西了吗？啊，不是说返回来买口香糖，找到了吗？还没呢，应该在更前面一点。那一起？嗯，我记得就在前面左边的货架那边。温言带着沈景修去了左前方，结果那边是卖厨房调料的。他尴尬的笑笑，记错了，应该是在更前面一点，搞不好是在右边。两人又朝右前方走了过去，可那边居然是卖寄生用品的。温言感觉自己现在就是个没有头的苍蝇。 这超市也太他妈大了！第一次来的人根本就走不出去。一旁的沈景修见他这样，默默地叹了口气：“跟着我吧。”温言眨巴眨巴眼：“你知道口香糖在哪儿？”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口香糖这玩意儿是他临时想到的借口。其实来的路上，他压根就没有看见口香糖，搞不好这东西根本就不在这一层。沈景修却道：“试试看好了，反正你也不知道在哪儿。”温言感觉受到了侮辱，但是却无法反驳。在沈景修的带领下，他们先直走，然后右拐，再左拐。 最后，两人在某一排货架前停了下来。拿吧，今天我买单。还有其他想要的，可以一起都买了。温言，哇，沈大公子买单耶！那我是不是应该贪婪一点，把整面墙都买回去？沈景修挑眉，你今天就算把整面墙的都买下来，回去开个小卖部也行。温言受宠若惊，大哥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好？沈景修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开了口。作为昨晚小蛋糕的谢礼，嗨，那个啊，那个不值那么多钱，其实我拿两瓶就够了。温言也没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 他的目标很明确，拿了两盒西瓜口味的就撤了。去和苏漾他们会合的路上，沈景修问温言：“对了，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就是我找到你的时候。”“哦，路人。”温言连草稿都没打，脱口便出：“我问他知不知道口香糖摆哪儿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沈景修嗯了一声，知道温言不想说真话，他也就没再多问。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苏漾和沈芷柔。一个小时后，他们推了满满三车食物和零食来到了停车场。回到家后，炭火已经烧了起来。 苏漾把食材交给了厨房准备，让几个子女去休息。但是温言一点也不累，干脆跑到院子里和张嫂一起串串。张嫂很爱和人聊天，温言也不赖。两人虽然年龄上有代沟，但是却聊得很投机。很快，苏漾就被他们的说笑声吸引，他忍不住对身边的沈远说：“年轻真好啊，你看妍妍这丫头一点都不知道累。去超市逛了一个多小时，我都要累瘫了。这孩子终于变得和从前一样开朗爱笑了。”沈远点点头，又说：“同样是年轻人，你再看看其他几个。” 回来就躲房间里去了，这不怪他们，是我让他们去休息的。再说平时哪里让他们干过厨房的活儿？不过我看妍妍在那里串土豆，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我记得以前我们约会的时候，就是你负责腌制我，我负责串食材，要不我们也去？你再给我露一手怎么样？两人相视一笑，沈远说道：“遵命，我的老婆大人。”沈远和苏漾很快也加入了劳动。温言嘴甜，对着他们彩虹屁不断。夫妻两人，尤其是苏漾一直笑得合不拢嘴。花园里欢声笑语不断。 很快吸引了其他人。刚处理完几封邮件的沈景修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看着楼下的几人，特别是小蜜蜂一样转个不停的温言，不知不觉站了好几分钟。另外一个房间，沈景和在游戏角色死亡后摘掉耳机，迅速朝窗外看了一眼。这个温言串个串儿有那么开心吗？笑得跟朵花似的，也不知道他们买了什么海鲜，有没有他喜欢的黑金豹。三楼，沈芷柔用力关上了窗户。贱人，搞个烧烤都那么卷，家里又不是没佣人，用得着他去主动干活？自己想吃苦受累也就算了。 还把父母都弄去，如果现在自己不下去的话，倒是显得自己很懒了，恶心。明明警告他，让他滚远一点了，却故意和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套近乎，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沈芷柔满心怨恨地下了楼。苏漾第一个看见他，芷柔怎么也下来了？不是让你休息吗？沈芷柔笑得分外温柔，我不累。家庭烧烤吗？肯定是要自己动手才有意义。我来切菜好了。已经转战切菜的温言，芷柔，要不你还是洗菜吧？洗菜轻松。沈芷柔笑得更温柔了。 没事，我更擅长切菜。苏漾看向沈远，这好不容易妍妍不主动，和芷柔暗暗斗气了，怎么芷柔又和妍妍叫起劲来了？温言，那好吧，刚好我切菜切的手有点疼了，这里没有多余的刀，这把给你好了，我去洗菜。沈芷柔脸上的笑开始没那么温柔了，他的心思本来就不在切菜上，没两下就切到了手指，竟然把左手食指小半块指甲盖都切掉了。张嫂赶紧去拿了医药箱过来，苏漾立即帮着沈芷柔消毒贴创可贴。芷柔，下次不擅长的事情就不做了呀、啊，这样可以规避风险。 还好切到的只是指甲盖，而温言只能幸灾乐祸的在心里默念一句：“哦豁，瞧这该死的胜负欲，真是长了眼呢。”没一会儿，处理完工作的沈景修就下来了。正式开考的时候，苏漾又去把沈景和叫了下来。所有人都挺有烧烤的天分，烤出来的东西基本没有糊的。吃的最开心的是温言，看他一串接一串的，一旁的沈景和冷笑：“就你这食量，还想混娱乐圈？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温言慢条斯理吃完嘴里的食物，又擦了擦嘴，然后才说。 我这不是还没有进入娱乐圈吗？所以才要抓紧吃。但是二哥，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全场除了我就数你吃的最多了。你可是顶流哥哥，你才更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哼，你懂什么？平时要能吃得到，我用得着像今天这样吃？那你就别说我。苏漾听他俩说话感到乐呵，还拌上嘴了。沈景和试图挽回自己的尊严，主要是因为今天的烧烤味道不错。苏漾唇边笑意更深。这次烧烤的腌料可是你爸的独家秘方。苏漾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一点点拉近父子两人之间的关系。 但在这方面，沈景和就是一头倔驴。一听这话，他立刻就皱起了眉头。我吃饱了，给鲍鱼。就在他话音将将落下的时候，温言用夹子给他夹了个鲍鱼过来。别说你不喜欢哦，二哥，我有注意到你很喜欢吃这个。小样，你走啊，走了我还真是看不起你了。沈景和瞪了温言一眼，给气消了。哼，他还真就不走了，被区区一个他鄙视太丢人了。见沈景和总算没做出令人尴尬的事情来，温言这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的，的一低头。 居然看见自己的餐盘里多了一串烤土豆，而他旁边坐着的正是沈景修。呜、哦、呜、哦，好感动，大哥一定是发现我爱吃烤土豆了吧？要不改天我再给大哥准备一个小蛋糕吧，礼尚往来嘛。只烤却不怎么吃的沈景修本来已经决定不烤了，可是烤土豆片似乎能换来小蛋糕，很划算，那就不动声色的再烤一些吧。沈远也往苏漾餐盘里放了几串牛肉，妍妍喜欢吃就多吃一点。看到温言和沈景和你一句我一句，看到其他人给温言递烧烤。 沈芷柔放在腿上的手用力握成了拳头，这个时候苏漾给她递了一串烤香菇，芷柔你尝尝这个，味道也很好。沈远也拿了几串牛肉给她，沈芷柔这才笑了笑，谢谢爸妈，爸妈你们也尝尝我烤的鸡翅，大哥、二哥、妍妍，来、哎、都尝一尝。温言不合食物过不去，尝了一口那鸡中翅的味道，相当不错。其实一家人就这样和睦也挺好的，但是沈芷柔表里不一，想要的太多了，一个人想要很多没毛病。 但是他把这些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就有问题了。下午两点，烧烤终于结束。这一顿下来，最高兴的非沈远和苏漾夫妇莫属，因为这次沈景和没吃到一半就离席，也没有出言嘲讽和挖苦沈远父子俩之间的关系，看似没有拉近，但实则有所缓和。这一点，夫妻两人挺感谢温言的。所以当温言提出要送沈景和回去的时候，他们也乐见其成。原本他们是可以安排家里司机送沈景和走的，车子很快驶出沈家别墅。由于天气风和日丽。 所以温言的跑车敞着篷，沈景和默默掏出一副墨镜戴上，高冷的勾起了嘴角。我发现你在讨好我，这突如其来的一句，温言就差没把问号挂在头顶上了。他抽空看了沈景和一眼：“二少爷何出此言？”沈景和瞥了他一眼：“能别这样叫我吗？”温言笑了笑：“嘻嘻，那二哥哥何出此言？”沈景和：“难道是因为我主动提出要送你回去吗？难道不是吗？可是二哥，你难道忘了我之前说的吗？我的公寓距离你的公寓不远。” 我刚好也要回去一趟，沈景鹤，你不是很会拍马屁吗？为什么不拍了？嘿嘿，真诚才是必杀技嘛。看在我这么真诚的份上，二哥，你能和我聊聊吗？你想聊什么？聊聊我们的姐妹沈芷柔小姐，她怎么了？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你不是说家和万事兴吗？怎么才讨好她两天就放弃了，不想继续了？二哥，知道你反应迅速，但是你的脑子不要转这么快好不好？本来是我问你问题，现在却变成你拷问我了，说说看嘛。 在你眼中，只有是个什么样的人？小时候挺可爱的，但是现在很中规中矩的一个人，或者说，是很有分寸的一个人吧。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他自己好像有一个度量，虽然上下有浮动，但是不会超过那个度，也不会低于那个度。不像你，情绪外露，疯的时候就真的像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一样。温言，沈景和，我谢谢你温暖了四季。沈景和勾唇，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温言，你觉得他有分寸？那他在你面前就从来没有越过那个度吗？没有。 那你觉得他喜欢你吗？喜欢，谈不上吧。小的时候他就更喜欢沈景修和沈景川，但是我好像没看出来他有多喜欢大哥呀、啊。都说了是小时候，又没有一直朝夕相处，你能保证你小时候形影不离玩的好的伙伴分开十年不联系后还是最好的朋友吗？好吧。温言皱眉，今天烧烤的时候，沈芷柔偷看沈景和的眼神绝对算不上清白。他竟然从未私下里接触过沈景和吗？看来沈景和什么都不知道。沈景和，不是他在想什么，他有病吧？ 他和沈芷柔可是亲兄妹，倒是他一个半路从孤儿院捡回来的野妹妹。沈景和瞪了温言一眼，你问了半天，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喜欢我吗？喜欢，当然喜欢了。此时不拍马屁更待何时？我都能把哥哥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如数家珍，难道哥哥忘了吗？这种喜欢已经超越了男女和兄妹以及任何语言可以描述出来的关系的界限，是无私的，没有边界的，是即便失忆了，可只要一看到你，哪怕是一张图片，都可以瞬间被唤醒的。闭嘴吧，我懂了。 你不懂，你知道恐龙为什么灭绝吗？因为他们的前肢太短，无法为我的完美鼓掌，所以全部都难过的死掉了。我去，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开了五 G 网。温言甘拜下风，把沈景和送回他的住处后，温言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门一关，沙发上一躺，他就打开某购物软件，搜索起针孔摄像头来。结果弹跳出来的却是一行加粗的大字：法律规定，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社会危害严重。一看这个界面，温言就明白了。行。 正常渠道是买不到迷你摄像头了，非正常渠道他一个正经人又没有，违法的事情不能干，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搜了一个同城的网店，多加了钱，选择了同城达服务，买了几只迷你的录音设备。收到录音设备后，他立刻回了沈家别墅。这天晚上，温言故意制造机会和沈芷柔单独相处。经过这两天，温言明显能感觉到沈芷柔的恨意，他已经把录音设备放在衣服口袋里藏好了，就等着沈芷柔再次变脸口出恶言。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即便是独处。 沈芷柔也没再和他放过那样的狠话，这不禁令温言产生了怀疑：沈芷柔是否已经识破了他的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不过识破了也正常，沈芷柔并不是一个笨蛋，毕竟几年前他就把元身耍得团团转。不仅如此，他还能在全家人面前把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沈芷柔这边无法下手，温言又想到了白天在超市里要到的那个男人的电话。他看了眼时间，才九点出头，不算太晚，于是就拨通了那个号码。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号码已暂停服务，请查询后再拨。暂停服务，温言火速上网查了一下，造成暂停服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手机欠费停机；第二，机主挂失停机；第三，手机号码是黑卡，非本人实名，或者涉嫌诈骗、骚扰等，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通信运营商直接暂停服务。温言比较希望是第一种，也希望对方赶紧把费给缴了。所以洗完澡、护完肤后，他又打了一遍，结果对方还是暂停服务中。不过温言也没太纠结。 看了部电影后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就吃饭的时候和沈芷柔碰了个面，依然是无事发生。早餐过后，所有人都去上班了，只剩下温言一个人在家，在花园走了几圈消了消食后，他回到了三楼，沈芷柔的房间也在三楼，跟他的房间隔了一间客卧和客卫。犹豫了几秒钟，温言走到沈芷柔房间门口，他打算偷偷潜入沈芷柔的房间去看看，结果没想到沈芷柔人离开了别墅以后，居然把房门给上锁了。可是谁在自己家里还反锁房间门啊？这绝对有猫腻。 温言又找张嫂打听了下，这才发现原来沈芷柔从来没让家里的保洁打扫过她房间的卫生，她都是自己收拾的。张嫂说，还夫人也知道这件事，这大概是大小姐过去十年在养父母家里养成的习惯。又是过去，又是养父母家庭。想到这里，温言再一次拨打了那个汪姓男人的电话，结果还是那个鬼样子，那个电话号码一直都是暂停服务中。温言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那个男人给骗了，随便编了一个没用的号码给他，心里正默默吐槽，忽然有人给他打了个语音电话过来。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对方居然是沈景和，这实在是出人意料。温言立刻就按下了接听键。Hello 啊，大明星，请问找我有何贵干？对方显然没料到温言会这么快接通，他更加没料到的是，接电话的居然是温言。怎么是你？怎么不是我？温言的语气比沈景和的还要惊讶。不料沈景和哦了一声，我知道了，是我打错了，挂了。等一等，赶在他挂电话之前，温言立马叫住了他。既然错了，那不如将错就错呗。你要干什么？ 莫名的，沈景和警惕了起来。嘿嘿，温言笑道：“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打听一下，好，二哥，请问你知不知道，师生剧组初次面试的进度咋样了？这第一轮面试结束了没有呀？”“快了，应该没剩多少人了，估计明天一天就能结束。”正说着，温言忽然听到沈景和那边响起了一道女声：“说是这次出门大概需要四五天的时间，如果不送去寄养的话，那猫就只能交给保洁阿姨来投喂了。”温言一听这话，立刻就猜出来了：“你助理休完婚假回来了。” 你如果出差没人养沈霹雳的话，我愿意代劳。而且我觉得沈霹雳他也挺喜欢我的，我们这是双向奔赴，交给我你绝对可以放心。主要是这几天他也没什么事干，外面也没什么朋友，就还挺无聊的。如果能有一只帅猫给他撸一撸，那将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最后沈景和还真被他给说服了。行，那今天上午你就过来把猫接走，下午我要赶飞机。好嘞。约定好时间后，温言准备给自己画一个漂亮的淡妆。 可是画到嘴唇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今日最喜欢的一支口红不见了。他明明记得他把那支口红放在了包里，可却怎么都找不到了。与此同时，沈氏集团，沈景修正全神贯注浏览着一份策划案。他的特助文一名忽然敲门进来了。沈总，什么事？沈景修盯着电脑屏幕，头都没抬一下。文一名立刻回话道：“司机今天把车开去保养的时候，在副驾驶车座底下捡到您的一个私人物品，托我交还给您。”沈景修嗯了一声，并没有当一回事，放下吧。 还有其他事情吗？没了，那我就先出去了。嗯，话音才落，一根小小的管状物就被放在了沈景修的办公桌上。沈景修压根也没在意，继续浏览电脑上的文件。而此刻，他的秘书室内已经炸开了锅。嘘，快点向我靠拢！你们猜我刚才听见了什么？什么什么？看你表情就知道肯定是大瓜！快点快点，我瓜子都摆好了。就在刚才，沈总的司机拿着一支口红来找了文特柱，说是在沈总车上找到的，洗车的时候发现的。啧啧啧。 谁说沈总不吃荤的？谁说沈总是和尚的？谁说沈总车上没坐过女人的？那可是一支用过的口红啊！你怎么知道是用过的？废话，没有包装啊！呜、嗯，我的总裁夫人梦破碎了！大家正说笑着，背后忽然响起两声轻咳。你们干什么？不知道这是上班时间吗？再被我发现你们上班时间讨论上司的私生活，就扣奖金。还有，管好你们自己的嘴，不要乱传。是。几个秘书没想到会被文一名当场抓包。 一时间，秘书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再开口。文一明这才开门走了出去。他刚在前台坐下，就有人上来了：“你们沈总在办公室吗？我找他签个字。”“在的，副总您稍等。”说完文，文一明就拨通了桌上的内线电话。沈景修刚挂掉一个外线电话，内线电话就又响了起来：“什么事？”“好，让他进来吧。”话音刚落，人就进来了。沈景修放好电话：“唐叔来了，X C 区那个项目进展一直很顺利，董事会很满意，签字让手下的人过来就好了。” 怎么还亲自过来了？来人哈哈一笑，上了年纪不愿意一直坐在办公室里，腰疼，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哪哪都好。沈景修点了下头，迅速签好字，把文件还给了他这个堂叔。结果一个没注意，原本被他助理放在桌上的那只口红就被文件扫了下去，啪嗒一下被摔开了。刚好他堂叔要上前来接文件，吧唧一脚就踩了上去。什么东西？堂叔惊了一下，抬脚一看，我居然才扁了一只口红，在你办公室？看来你小子有情况啊。 沈景修短暂的猛了一下，微皱眉头。唐叔，我没有。唐叔笑眯眯的，哈哈，都是男人，我懂，我懂的。沈景修，唐叔，我真不是。你小子，要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么就把人带来办公室。啧啧，真是够刺激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腰好，肾应该也好吧？不是唐叔，你听我解释。好了好了，唐叔连忙摆手，我得回去把我这鞋底擦一擦了。这口红你可不能怪我，是你自己弄下来的，你自己想办法赔罪吧。 我看着唐叔离去的背影，沈景修无奈的摇了摇头。有时候一个人在办公室上班也挺无助的。不过这支口红，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昨天去超市购物时温言不小心落在他车上的。毕竟他的副驾驶目前除了温言就没坐过其他女性。他记得当时温言从包里拿出手机联系沈景和，问他要吃什么海鲜。口红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不小心掉出来的。结果到他手里就变成了这样。他闭上眼睛捏了捏鼻梁，随即起身去将那只残缺不堪的口红捡了起来。 随后，他又拨通了那线电话，很快文志明就进来了。沈总，您找我？文志明一进来就看到了浅灰色地毯上那坨显眼的红，他反应很快，立刻拿起了那线电话。我马上叫保洁上来。沈景修却抬手阻止了他，先帮我办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沈景修将口红擦干净，盖好，递给了文志明。你照着这个牌子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回来。好，注意颜色也要一模一样。文志明点头，明白。不过沈总，既然是不小心损坏了。 只买一支会不会不太够？我是听说口红有很多不同的色号，是吗？沈景修眯了眯眸子，这种化妆品应该都有成套的礼盒吧？那就去买颜色最齐全的套盒。好，那我现在就去办。文之明领了任务出去，但其实他也是个大直男，根本就不懂这些。不过他手下好几个女下属，不愁找不到军师。只是这支口红的主人，他实在是好奇死了。不只是他，被他找来参谋的女秘书也很好奇。他很小声的打听：“文特助，我们总裁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 不该问的别问，别瞎打听。哦，对了，礼盒一样的你买两个，啊，一模一样的买两个。是的，这难道我们总裁要么不谈，要么就是同时谈两个，脚踩两条船？你再多说一句就要扣奖金了。其实文之明也不明白，刚才就在他快要出去的时候，总裁忽然叫住了他，补充了一下说要买两套。女秘书的效率很高，下班之前就把两箱口红拎到了公司。文特助，东西放哪儿？还是说需要咱们送出去？这个文之明没法自己做主。 因此，他去请示了沈景修。沈景修依然很忙，头也没抬，放我车上。文之明立刻问他：“今天临时有个酒会，早上我跟您提过的，本来您是说如果不加班就去的，那现在推了，反正也是临时的。我六点准时下班，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亲自处理的事情，下班之前就解决掉。”好的，我明白了。文之明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更加好奇了。总裁这个工作狂魔，这是连班都不打算加了。跟了他好几年，除了他家里有重要饭局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见他准点下班，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真是了不得呀、啊！刚把猫接回沈家别墅的温言狠狠打了两个喷嚏，一旁的张嫂见状连忙上前给温言递了张纸巾。该不会是猫猫过敏吧？那这猫接回来可是要受罪了。不会，温言笃定，上次我和它玩了好久都没有打喷嚏，肯定是谁在念叨着我呢。张嫂，你喜欢猫吗？喜欢啊，只要是小动物我都喜欢。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前后两个大院子，又养猫又养狗的，可开心了。 正聊着，苏漾回来了。他的时间比较自由，回来的比较早。听说猫是温言从沈景和那里抱回来，瞬间就来了兴致。母女俩一起逗猫，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约七点钟，沈远和沈芷柔父女两个一起回来了。苏漾主动把猫抱去给沈远看。在听说这是沈景和养的猫，又因为出差而临时交给温言照顾后，沈芷柔脸上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温言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正想着今晚要不要趁机刺激他一下的时候，外面又停了一辆车，居然是沈景修回来了。 苏漾非常高兴，锦修，你今天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因为可以在饭点前赶回来，所以就没说。快进来吧，手里提的什么？看起来挺沉的两个箱子，赔罪用的。苏漾不解，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没听明白。沈锦修却径直朝温言走了过去，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昨天去超市的时候，你的一支口红落在了我车上，不小心被我给弄坏了，这个赔给你。温言睁大了眼睛，这一大箱全部都是给我的？嗯。 拿不准你的口红是什么颜色，干脆都买回来让你自己选。呜，呜，这大哥也太给力了吧，太神仙了！我爱大哥，大哥万岁，两辈子了。温言从来就只在网上看见女明星们晒口红箱和口红墙，没想到他也有收到这礼物的一天。谢谢你，大哥。其实只是区区一支口红而已，你用不着给我买这么多的，而且你不买也行。那我现在可以打开来看看吗？当然，这口口红箱子一共上下三层，每一层都铺满了三十多支口红。温言感觉自己这辈子的口红都要被承包了，他好喜欢啊！ 谢谢大哥，没有女生可以拒绝口红的诱惑。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对方送的口红不够多。大哥，快请坐，想喝什么口味的饮品？我现在就去准备。沈景修面上不动声色，漆黑而又深沉的双眸里却流露出一抹笑意。原来女孩子这么好哄，你喜欢就好。我不渴，不需要你为我准备什么。沈景修的声线虽然是一如既往的冷，但温言觉得他在送自己礼物的那一刻，自动就变得有人情味了。苏漾也笑着对温言说：“有张嫂呢，不用你。”温言嘻嘻一笑：“好的。”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就你会说，苏漾发现温言收到礼物的那个高兴劲儿，他是怎么都看不腻。先前他给这孩子衣服首饰的时候，也是他不仅把高兴写在了脸上，心里也是兴奋到不行。作为送礼物的人，看到对方这么喜欢自己的心意，那简直是比收礼物的人还要幸福。不过，苏漾很快就担心起另外一个女儿。虽然这箱口红是老大给妍妍赔罪用的，可自从芷柔回来以后，家里给两个女儿准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且小时候芷柔和老大的关系特别好。 也不知道那孩子心里会不会难过，而作为一个称职的大哥，沈景修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亲妹妹。他并没有忘记小时候那个经常跟在自己屁股后面满屋子跑的小女孩，芷柔。这是送你的。苏漾这才反应过来，老大这是提了两个箱子回来。他早就准备好了，自己这是白担心了一场。沈芷柔有些惊讶，但很快就高兴地笑了。我也有，谢谢大哥，我很喜欢。嗯，喜欢就好。看到兄有妹功的这一幕，苏漾和沈远都感到十分欣慰。 温言也在心里默默念着，不愧是大哥，有担当。虽然外表看起来冷漠，但是却有一颗会照顾人的心。可是沈芷柔，她真的配吗？沈景修看向了温言，因为他心声的最后一句。刚好这个时候，温言也在看沈景修，四目相对，温言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为什么突然看我，而且还格外严肃的样子？沈景修微微皱眉，他承认他可能长得就有些严肃，但是已经到了格外这种地步吗？他还皱眉了，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说啊！啊哈哈。 温言决定率先打破这种状态，我先把东西送回房间，一会儿下来吃饭。说着，他就提起了口红箱子。紧接着，沈芷柔也开了口：“妈，我也去。”苏漾点了点头：“去吧，去吧，我让厨房加两个菜。好了，叫你们。”两人一前一后上了电梯。电梯开始运行后，温言故意开口挑衅：“芷柔，你看见妈抱的那只猫了没？那是二哥的猫，他出差了，所以我就抱来养了几天。你喜欢吗？”说这些话的时候，温言一直盯着沈芷柔看，试图激怒他。而沈芷柔。 也朝温言逼近了两步，温言，沈芷柔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可就在这个时候，电梯叮的一声响了，三楼到了。沈芷柔也把想要说的话也咽进了肚子里，率先走出了电梯。温言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决定再等下次机会。回到房间后，温言忍不住给口红拍了一组美美的照片。拍完之后，他忽然产生了发朋友圈的冲动。其实刚穿来的时候，他就查过原身的朋友圈，原身原本就是一个喜欢发状态的人，尤其是收到各种礼物的时候。 他来了之后，虽然也收到不少苏样送的东西，但因为那些东西过于贵重，他反而不好意思发。但是口红的话，好像不算奢侈品，发丢了一支口红不要紧，坐在家里等，第二天就会收获一整箱，直接实现口红自由了。而同一层楼的另外一个房间里，沈芷柔却一脚踹翻了地上的箱子，破烂玩意儿，她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礼物。沈景修作为这个家里的大哥，对待两个妹妹想要一碗水端平，可这落在沈芷柔的眼中，不过只是个顺便而已。 这不过是赔偿温言时顺手给他带的一件，根本不是诚心想要送他礼物。所以这箱全新的口红对他来说就像是二手货一样隔应，不连二手货都不如，根本就是垃圾。一楼客厅，正翻看着朋友圈的苏漾忽然刷到了温言的最新动态，看着那几句俏皮的文字，苏漾眼前仿佛浮现出温言那张笑意盈盈的脸。他忍不住对大儿子说：“锦修，你看到妍妍最新发的那条朋友圈了吗？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你送的这个礼物。”沈锦修的声音冷冷淡淡的：“没有。” 那你可以看看的，我没有他的微信。你们这，苏漾叹了口气，也怪我和你爸平时工作太忙，都没有教你们兄弟姊妹几个该怎么相处。你看下你的手机，我把妍妍的号推给你，芷柔的你有吗？有的，那芷柔的我就不推给你了。苏漾话音才落，沈景修的手机就响了一下。他点开温言的名片，在申请好友的备注里写下了沈景修三个字。刚按下发送，苏漾干咳,咳了两声，随后笑着问他：“景修啊，我看你平时也不擅长送礼之类的。” 今天怎么忽然想到给两个妹妹送口红了？沈景修觉得苏漾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奇怪。我不小心弄坏了温言的口红，自然要赔偿给她了。苏漾点头，是这个理。但是真没有人给你出主意。苏漾看沈景修的目光里隐隐带着些兴奋。这令沈景修微微蹙起了眉头。妈，你到底想说什么？不如直接说，不必拐弯抹角。好吧。苏漾笑开了。我听说你今天带异性去你办公室了，好像玩的还很愉快。沈景修玩的很愉快？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 他很快就有了论断，该不会是听唐叔说的吧？苏漾更加兴奋了，这么说是真的了？假的？是唐叔误会了，我向他解释，他又不肯听。温言的口红是被我不小心弄到地上，然后被他踩坏，他看到那支口红就误会了。原来是这样，苏漾说不出来的失望。哎，妈，还以为你终于交女朋友了。一提到这个，沈景修就头疼。妈，我暂时还不想这方面的事，所以相亲也不用再安排。可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沈景修干脆低头。 刚好发现好友申请已经通过，温言通过他后还发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包过来。沈景修也迅速打出了一行字：“我是沈景修。”温言秒回：“我知道，谢谢大哥，不用谢。”简短的聊天过后，沈景修不由自主地点开了温言的朋友圈。按他一贯的风格，一旦结束了和某个人的聊天后，他就会退出和这个人的聊天界面。但是此刻，他正在浏览温言的朋友圈。他的拍照技术不错，把那些口红拍得很高档。又随意翻了翻他以前发的动态，沈景修忽然发现。 原来温言是个极其简单的人，他的快乐似乎也很简单，这很难得，叫人羡慕。隔天，温言收到了师生剧组的试镜通知，和通知一同发来的还有一小段剧本，意思就是让他去试这一段戏，时间就定在次日。因此这天温言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因为那里有一间房被他改造过，放了几面巨大的镜子，方便他练习表演。这天晚上他没有回沈家别墅，第二天下午他提前了半个小时过去。这次他要试的片段是一名被拐卖到山区的聋哑女人。 尝试向来山村支教的一名大学生哭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剧本上要求人物的情绪饱满，需要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喜悦到激动再到万分失望的转化，并且还要对手语有一定的了解。试镜的时候，跟温言搭戏的是饰演支教大学生的演员。前面一组结束后，很快就轮到了两人上场。上场之前，对手演员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他主动和温言搭话：“你好，我叫王彻，一会儿就是我们两个一组。”说着，他还把手在身上擦了擦，然后朝温言伸了过去。 我这还是第一次试戏，比较紧张，希望一会儿不会影响到你。温言笑着和他握了握手。温言，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你放轻松，一会儿不要看机器，也不要看别人，看我就好了。演这场的时候，你只要看你的对手演员就行，其他都不用管。好。温言长得很漂亮，不笑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有些冷艳，高不可攀。可偏偏他一笑，又令人觉得他很好相处。他的笑容鼓舞了对方，两人很快调整好呼吸，开始演戏。温言前世就有经验，所以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他把这个人物把握的很好，表演的时候又不乏真情流露，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情绪的转换上，仿佛他就是剧本里写的那个人物。他的对手演员一开始还很紧张，放不开，但是他听从了温言的建议，忽略了周遭的一切，眼中就只有温言所饰演的剧中人。渐渐的，他也带入了自己的角色，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场出色的表演，甚至表演结束以后，导演还鼓掌叫好。前面几组表演的时候，导演可没有这么高的评价，不过导演并没有当场定下角色，而是让大家回去等通知。 出门的时候，王彻叫住了温言：“你刚才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快要被你感动了。一开始我还是在演我的那个角色，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竟然被你拉入了剧情，然后我也成为了剧中人。你很棒，谢谢你。被人如此真诚的夸奖，温言自然是高兴的。谢谢你的赞赏，我觉得你表演的也很好。抛开紧张之后，你整个人都自在了很多。”王彻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真的吗？谢谢你的鼓励。那我就先走了，今天真的谢谢你。不用谢，拜拜。” 告别之后，温言也准备离开，但没想到，失声的编剧却追上了他。温言有两句话要和你说，方便吗？两人找了个人少的地方，编剧笑着对温言说：“刚才的表现很精彩，导演和副导演都对你赞不绝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角色就定你了。”这就定下了，反正你是拿到我这一票了，我在选角上还是有一定的决策权的。穿书前温言在资源上吃过不少苦头，要不是编剧是个女人，他都要怀疑对方是不是想潜规则他了。 可是编剧为什么单独来和他说呢？难道是沈家有人帮了他？苏漾或者是沈景和？温言礼貌的笑了笑，对编剧说：“那我能问一问，您为什么选中了我吗？后面还有好几组没有表演呢。”因为你的态度，编辑看温言的眼神里带着几丝欣赏。刚才你不止表演的出色，手语也很熟练，这一点是其他很多演员欠缺的。温言点点头，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是有特意去上过几节课，想着既然奔着师生这个作品来了，那么就要做好准备。 毕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知道我在手语班上看到过你两次，你很认真。现在这么认真对待自己每一个角色的演员不多了。编剧说着，又伸手在温言的肩头上拍了拍：“加油！我相信你未来可期。”一直到回到沈家别墅，温言都很开心，因为师生编剧对他的肯定，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光明正大拿到角色，他也很骄傲。不过自豪之余，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一旦参演这个电影，那他起码三四个月要待在剧组里。 沈芷柔这边，他可能就没什么心思了。可是表演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因为一个沈芷柔就放弃了自己争取来的这个机会。而事实上，也根本用不着他取舍。这天晚上，沈芷柔压根就没回来。温言问了苏漾才知道，原来沈芷柔下午就回来了一趟，收拾好行李出差去了。这次沈芷柔主动申请去跟一个国外的项目，少说也要好几个月。两天后，温言也收到了剧组的正式通知，让他进组。他现在没有经纪人，自己把合同签好了才告诉苏漾他们。 苏漾想替他安排助理，但是被温言给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以目前自己的工作量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再带一个助理。这事一定下来，温言就主动联系了沈景和。温言给沈景和发了消息，问他出差有没有回来，因为进组的时间已经确定了，他得把审批例给还回去。他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语音转文字的。苏漾就在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撸猫。消息发出去之后，沈景和并没有立刻回复他的消息。其实温言也不着急，倒是苏漾先开口了：“你二哥还没回复你吗？”“没。” 说话间，温言又看了一眼手机，可能再忙，又或者再休息也不一定。苏漾点了点头，又低头逗弄怀里的帅猫，语气还挺幽怨：“小霹雳啊，你想不想你的主人啊？想不想他来接你啊？”沈霹雳好像真听懂了一样，喵呜叫了两声。温言也算是听明白了，合着苏女士这是想儿子了。相比较我把猫送回去，她一定更加期待沈霹雳他爸亲自来接他。谁说不是呢？苏漾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听着温言的心声，苏漾不得不感叹一句，还真是知母莫若女啊。 苏漾眼睛发亮，盯着温言问：“妍妍，你说如果让你二哥来家里接猫行不行？虽然不能确保沈景和答应不答应，可是苏女士看自己的目光在发亮，哎，有那么一瞬间，她就像是一个期待礼物的大孩子一样。一个当妈的想要见自己的儿子，又有什么错呢？”温言笑了笑：“那我问问看好了。嗯，如果时间早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晚饭。今天的晚饭估计够呛了，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我呢。”正在鱼缸前喂鱼的沈远，他假装自己并没有竖着耳朵在听，看似无意的说。 今天我不是很饿、呃，其实晚点开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温言，沈先生，你这话当我们面说没用，得当沈景和面说呢。你不说他是不会知道的。沈远愣了一下，他又何尝不想呢？可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开口关心似乎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最后一直到吃完饭，沈景和都没有消息。见苏漾一脸失望的样子，温言忍不住又给沈景和发了一条消息：大明星，大明星，出差还没有回来吗？坐等回复。发完这条消息，温言又现拍了两张审批立美照给沈景和发了过。 本以为消息又要石沉大海，可没想到这次的沈景和居然秒回了。刚在车上睡着了，今天回来，温言眼前一亮，飞快的打字：“那你现在在哪里？顺路回家里一趟吗？”沈霹雳想你了，他想让你接他回家呢。沈景和，沈霹雳亲口和你说的。温言，嘿嘿，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想念沈霹雳吗？行，我还有一个小时到，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在家里等你哦二个，二哥。这最后一句回复，温言特意选择了语音转文字。 因为这样，苏漾就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果然，苏漾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个笑容，就连一直素着脸的沈远面上的神色也缓和了许多。苏漾问：“你二哥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还有一个小时到。”好。苏漾现在看温言是越看越喜欢了。原本不太喜欢小猫小狗的沈远，也觉得沈霹雳顺眼了许多。一个小时后，沈景和的车果然停在了别墅门口，但他似乎没有下来的意思，只发了个消息让温言把猫抱出去。温言当然没有听他的，他人是出去了。 但是并没有带猫，二哥，快下车啊！都到家门口了，怎么还不进来？沈景和面露疲倦之色。我只是来接猫的，你应该收到师生剧组培训的通知了吧？对，这个培训也去参加吗？废话，嘿嘿，没想到二哥你这么敬业嘛！身为一个顶流，真是太难得了。少拍马屁，猫还给我！不行，沈霹雳现在还不想走呢，他在跳舞，你快下来去看他跳舞。沈景和看白痴一样看温言，我看你像是在我的底线上跳舞。 温言是真的，你如果不信的话，就跟我下去看看啊！沈景和还真不信，他冷笑了一声。如果一会儿沈霹雳没有在跳舞的话，那你就得跳了，信了他的邪了。结果，当沈景和跟着温言一起进入别墅的时候，发现他那巨帅无比的缅因猫沈霹雳竟然真的在跳舞，神他妈的在跳舞！这猫成精了！只见他瞪着两个铜铃般的眼睛，死死盯着面前一个上了发条的小玩具，他一边盯着，还一边前前后后交差，四只走着猫步，走着走着还转个圈。 最后还对着他扭了扭屁股，跟跳恰恰似的。沈景和很无语，他看了眼温言，又看了眼沈霹雳面前的小玩具，那眼神绝对算不上不嫌弃。这癞蛤蟆你买的？温言瞪大了眼睛，这是青蛙？你色弱吗？沈景和白了他一眼，又指着猫问：“你教他的？”沈霹雳那是媚骨天成，我可没那本事。他教我还差不多。苏漾，他都快要笑死了。其实这玩具是温言半个小时前翻出来的。至于舞，也不能说是他教的。 但他是指导过的，沈景和无言以对。行，高冷变沙雕，真有你的。猫包拿来。还不等温言回应，苏漾就开口了：“都这么晚了你，你还要走吗？就在家里歇着吧。知道你要回来，我和你爸都等着呢。”沈景和随意扫了一眼，还真看到了沈远。哼，还真是难得，他居然没有窝在他那宝贝书房里。沈景和不屑的气了声：“谁稀罕？怎么不稀罕？家里有人等着自己多好啊！”二哥，你快坐，趁你在家，我还有事情想向你请教呢，求求了。 沈景和傲娇地哼了声：“什么事你就要求人？你没有尊严的吗？我当然有尊严了。可是这个家除了你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了、啊。哼，竟然连尊严都不要了？好吧，你说说看。”沈景和懒懒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顺手又把猫捞进了怀里。苏漾和沈远也都没走，温言干脆向他问起剧组培训的事情。温言在穿书前虽然也拍过一些剧，但都是小成本制作，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那些导演根本就不会在开拍之前花费人力。 物力和财力去给演员们做培训，师生剧组算是他的第一次。如今两人又是在同一个剧组，虽然沈景和表面上看着不情不愿，但是基本上算是有问必答。而在听说他们要去一个偏远山区取景培训后，苏漾立刻就担忧起来：“我还以为你们这个电影是在城市里拍，这去偏远山区那不是要什么没什么，住宿条件肯定也不好。景和，你是哥哥，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妍妍，知道吗？她是新人，你可千万不能让她在剧组被人给欺负了。”沈景和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舌。 他不用，他公开跟人说不认识我，我要是偏袒他的话不合适。妈，你放心吧，导演是个好导演，我相信他的剧组里肯定没有不规矩的人。至于住宿环境什么的，大家肯定都差不多。而且我觉得这肯定比在城市里拍有意思多了，我很期待。那好吧，明天我让我助理给你把东西准备好。见一旁的沈景和打了个哈欠，而且话聊的也差不多了，苏漾便催促大家休息。可是苏漾躺上了床却没有睡意。沈远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不禁开口问他，怎么了？ 不是说晚睡对皮肤不好，还翻来覆去的，我在为妍妍发愁呢。这孩子，我说给他找经纪公司他不要，找助理也不要。之前我都没问他要去哪里，原来是要去山沟沟里。老婆，孩子已经成年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够独立完成几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我知道，可他越懂事，我就越心疼。那你觉得，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锦和真的会袖手旁观吗？我看未必，是未必，但是也说不准。既然你这么担心的话。 那这样吧，明天你和景和聊一聊。我记得妍妍说过，这个电影的导演是个新人，目前没什么知名度。刚好和景和又是朋友，你去找景和打听打听这个导演叫什么。我找人去联系他，给他一点投资，让他对我们妍妍好一些。不行，苏漾立刻反对。妍妍说这个导演很讨厌关系户，如果你拿钱找他办事，老婆，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沈源打断了苏漾的话。我们家妍妍是导演通过层层筛选自己选出来的，他和剧组签合同在前，我就算是投资，那也是排在他后面。 对哦，我把这事给忘了。那行，明早我就去问景和。第二天一早，苏漾就找到了沈景和，并向他说明了来意。沈景和稍一思索就明白了，所以妈你这么做是为了温言。苏漾点头，妍妍毕竟是女孩子，吃得住的当然要好一些才行。妈倒是也想为你做这些，但你对外不是一直隐藏着自己的家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吗？怎么了？你该不会是吃妍妍的醋了吧？沈景和轻嗤，我会吃她的醋？反正这部电影我也投资了，你们再多投一点，到时候赚了钱我也有分红。 好，那妈单独给你一笔零花钱。不用了，我自己有钱，还是给家里最穷的那个吧。苏漾轻笑：“你是说妍妍？”沈景和冷哼：“除了他还有谁？连个工作都没有的人。”所以当温言收到三十万块转账，并看着手机上的消息美滋滋的时候，一旁的沈景和忽然来了这么一句：“给沈霹雳买猫条，买罐头，买玩具。”温莫名其妙，妍为什么？沈景和皮笑肉不笑，缓缓勾起嘴角：“你欠我的。”温言：“我欠他什么了？” 难道他知道沈霹雳的恰恰舞是我指导的了？不可能啊！苏女士答应了，不会告诉他的。沈景和承包一年，凭什么？你不是说你喜欢沈霹雳吗？不是说你们是双向奔赴吗？怎么他和你奔赴了一场，你连这点钱都不舍得花？我可是看到了你的转账。难道苏女士没给他转账？他这是在嫉妒我？行吧，那就答应他好了。好吧，我会对沈霹雳好的。温言是跟着剧组大家庭一起出发的。集合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熟人。 那天，世竟和他一组的男演员王彻，他也成功拿到了他试的那个角色，有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这一路上温言过得也不算太无趣。他们先乘坐飞机去到了 H 省，下了飞机后又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才到达了剧组的目的地。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导演并只给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休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住的居然是这座城市最好的酒店，完全没有温言想象中的那样条件艰苦。放好行李后，王彻邀请了温言一起去吃饭。王彻是温言在剧组里交的第一个朋友，两人也挺聊得来。 所以他就答应了。别看这个王彻留着个板寸头，长着一副阳光大男孩的脸孔，其实他很爱八卦。当然温言也爱，有瓜可以吃的时候，谁还不是瓜田里的茶了？来的路上，王彻就在给温言扒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也就是沈景和，说沈景和其实是个豪门富二代，不好好演戏就要回家继承亿万家业的那种。还说他家的势力超牛逼，他出道以来狗仔们各种扒都没能扒出他的原生家庭，谁也不知道他背后到底靠着哪个家族。现在王彻不说沈景和了。 改说住宿酒店的事儿，你知道我们原来订的酒店在哪儿吗？温言摇头，不知道在哪儿，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跟这完全不能比。那为什么现在换了呢？这一点温言确实也挺好奇，因为有人带资进组了啊？谁啊？导演不是不喜欢这种资源咖吗？不知道，听说砸了几千万，连带着我们整个剧组都跟着享福了，剧组整个后勤档次直线上升。那这其实也算是件好事，好事是好事，但就是希望别叫我俩碰上。 万一是那种演技超级烂还喜欢耍大牌的，就恶心了。温言点点头，也对，你说的挺有道理。后来温言才知道，原来王彻口中那个带资进组的资源咖竟然是他自己。但此时此刻的温言还完全不知情，正在愉快的和王彻吃着自己的瓜，甚至他吃的比王彻还欢，以至于隔壁桌的人都受不了了，忍不住哼笑了一声。这一声很快就吸引了温言和王彻的目光，两人同时回头，在看清楚棒球帽下的那张脸后，王彻惊讶的瞪大了眼睛，神。 沈老师，他迅速的回想了一下，还好自己刚才没有说他的八卦，于是便放心的笑了。这要巧，沈老师也来吃饭，不好意思，我们说话声音太大，吵到你了吧？沈景和似笑非笑的看了温言一眼，淡淡说道：“没有。”原本他也不想发出声音的，可是温言实在是把他给蠢哭了。王彻不知道温言和沈景和的关系，并且这两人也没有在外人面前公开兄妹关系的意思，王彻便在桌子下面轻轻扯了扯温言的衣袖，示意他给沈景和打招呼。 开玩笑，人家可是大明星，而且还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作为新人，肯定要对人家客客气气的。温言也不想辜负王彻的一片好心，假装自己和沈景和不熟。你好，沈老师，很高兴见到你。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帅呢。就是突然出声吓死人，还好刚才没有说他的坏话。也不知道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来的，这一路上可都没有看到他。沈景和轻轻挑了一下眉，他当然不会在路上看见自己了，因为他是提前一天到这里的。因为在来之前，苏女士就给他下达了一个任务。 叫他这个投资人兼当人哥哥的，要早点来考察住宿环境。毕竟前前后后至少要在这里住一个月。只是他没想到，他竟然会在餐厅里听到温言和别人一起吃他自己的瓜。听起来这两人好像还很熟的样子。只是这男的，沈景和下意识眯了眯眼，圈子里好像查无此人，想必是个新人。一会儿还是去找周俊业导演问问看吧，人是他挑选出来的，他那里应该有资料。沈景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还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他才不是自愿这么做的，纯粹是受苏女士所托。是她说温言涉世未深，让他帮照顾写的。沈景和拿着餐盘站了起来，谢谢你的夸奖，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那沈老师再见。王彻热情的说着，甚至还站了起来，以示对沈景和的尊重。温言也有样学样，不在新人里搞特殊。沈老师再见。嗯，待会儿见，记得培训别迟到。直到沈景和走远了，王彻这才坐下来。他兴奋的看着身边早就已经就坐的温言，说道：好激动。 传言沈景和为人十分高冷，除了工作，其他时间基本上不怎么主动和人说话的。温言，刚才是你主动和他说话的，嗯，也对。但最后那句话你听到没？他主动提醒我们培训不要迟到。温言，那应该就是传言有误了，好吧？怎么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激动？我们第一次演戏就能和沈景和这样的顶流同框，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想起你八卦他的那个劲儿，还真看不出来你是他粉丝。再说这有啥好激动的？他还吃过神顶流。 不对，是他还烤过串儿给这位神顶流吃呢。顶流的猫为了口吃的也还得讨好他。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在培训开始前十分钟到达了指定地点。这是酒店的会议室，被剧组租来用作培训的场所。他们进去的时候，导演还没到，但是导演助理已经在清点人数了。他让人把第一排的位置空了下来，从第二排起依次往后坐。见座位都坐满了，导演助理便拍了拍手：“好了，人已经到齐了，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们这个培训的大致内容，一共分为三大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演员都要学习的当地方言，因为我们的拍摄背景就在这一块，这个是必须要搞明白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手语，我们的部分演员是需要学习手语的，因为你们饰演的是聋哑人，或者是需要与聋哑人打交道的律师，别到时候让你们演的时候都在那里瞎比划。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法律和律师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培训的时间，早八晚六，所有人不得迟到，不得早退，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上课的时候手机开震动或者是静音，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这还是温言第一次遇到这么正规的剧组，一时间他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期待的。等到他们话音落下，导演和沈景和以及编剧和授课老师们也都到了，剧组的培训正式开始。结果方言老师一开口就把温言给干懵了，因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方言，第一次是那次和苏漾、沈芷柔他们一起去超市采购食材时听到的，当时他还在想这是哪里的方言，没想到今天就有答案了。等到课程结束后，温言立刻就离开了培训室。导演说剧组请喝奶茶，他也没去拿。 回到房间之后，他再一次拨通了那个汪姓男人的电话，但这破号码却一直是停机的状态。今天舟车劳顿，晚饭温言也不想出去吃了，干脆叫了一个客房送餐服务。正吃着，门铃忽然响了，是王彻拎着一杯奶茶来了。这个时候，沈景和刚好从走廊上经过，大晚上看见王彻敲温言的门，他微微眯了眯眼。而温言在看到来人是王彻后，就给他开了门。刚才你走得急，奶茶都没拿。导演是按人头点的，我给你拿过来了，是水蜜桃味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但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会喜欢，还真挺喜欢的。谢谢你，不用谢。毕竟当初试戏的时候，要不是你带我进入状态，可能我压根就拿不到这个角色。与此同时，温言收到了沈景和发来的消息：放聪明点，别什么话都和不相干的人说。什么鬼？这条消息来的着实是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温言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立刻探头朝外看了过去。但走廊上空荡荡的，除了两盆景观植物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王彻也跟随着温言的动作，回头四顾看了一圈。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没事，温言笑着把手机放回了上衣口袋。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吃饭培训呢。你也是，那我就不打扰你吃饭了。王彻很快离去，而温言基本也可以确定，沈景和刚才肯定是从这里经过了。他立刻回了一条消息过去：“你住几号房间啊？”六百零九。看到这个数字，温言一合计，那不正好在走廊的尽头吗？他果然也是住在这一层的。刚才他肯定是在回房间的时候看到王彻了。他叫自己别什么话都别和不相干的人说。 那不就是叫他管好自己嘴巴的意思？于是温言立马在他发来的第一条消息上做了回复：“放心吧，我嘴巴很严的，绝对不会曝光任何有关于你的个人隐私。”沈景和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都要无语死了，他飞快的打着字，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却什么都没发出去。他觉得温言很蠢，他那是让他守着隐私的意思吗？他是提醒他大晚上的不要随便给陌生男人开门，好吧？如果温言知道沈景和是这么想的，那他肯定会想把沈景和的脑袋给敲开，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哪一年的水。 就他发的那条消息，哪里有半点这个意思？五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考虑到大家的高强度学习，导演决定给大家放一天的假。刚好天文台预测这几天会有流星雨，附近又刚好有一处不错的观景点，所以导演决定带着大家去山里露营。这次活动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的形式，不想去的可以留在酒店里休息。不过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报名，温言也不例外。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沈景和竟然也参与进来了。相较于他那平平无奇的反应，其他人，尤其是女性工作人员。 一个个的别提多兴奋了，他们都想和沈大帅哥一辆车。导演深知沈景和的脾性，见这么多人里只有温言看沈景和的眼神里没有狂热，他干脆大手一指就把温言安排到沈景和的车上了。温言是无所谓坐哪辆车的，不过沈景和对这个结果显然还挺满意。他非常不喜欢和陌生人单独待在封闭的小空间里。温言看到沈景和自己开车的时候有些奇怪：“你的助理呢？他不去吗？”“嗯，他感冒了，不适合在外面过夜。”“那他们肯定更羡慕我了。” 因为车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对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怎么会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沈景和白了温言一眼，大概因为我是个人，偶尔也喜欢热闹，怎么不正常吗？正常。温言选择闭嘴。原来他正常也有这种需求呢。沈家人就多啊，要是沈家所有人能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关系都和和睦睦的就好了，苏女士一定会很开心。沈景和瞥了温言一眼，哼，谁能想到，最盼着沈家合家团圆、家庭和睦的人，居然是家里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 去山上的一路很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后，男人们主动承担起了搭帐篷的任务，女同志们则是干些轻巧的活儿，递递东西，准备准备午餐或者是拍拍照之类。在大家的镜头里，出现率最高的无疑就是沈景河了。温言也拍了好几张，但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拍沈景河是为了欣赏留恋，又或者说是打卡，可他是为了一解苏漾的相思之苦。果然，沈景河的照片一发过去，苏漾就秒回了。不是说在培训吗？怎么看起来像是在野外？已经开拍了？ 没拍，今天休息一天。导演带我们去看流星雨，那你们要在野外过夜了，你可要注意安全，知道吗？我先前让助理给你准备的驱蚊喷雾什么的都带了吧？带了，妈你就放心吧。嘿嘿，我再去给你偷拍几张照片。二哥亲自动手搭帐篷，以前没见过吧？偷笑 JPG 是没见过，真是难得一见。不过你也别光顾着拍这个臭小子了，妈也想看看你。温言迅速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继续又把镜头对准了沈景和。因素样的要求。 温言特意和沈景和来了一个远距离合拍，他利用远景伸出两根手指，做出了一个拿捏的手势，把沈景和的大帅脸捏在了自己手中。结果重新返回微信，准备把照片发给苏漾的时候，温言发现自己竟然被苏漾给拉进了一个三人群。群名：我们一家人。群主：苏漾。群成员：沈远、温言。苏漾也在群里做了解释：“妍妍，直接把照片发这里吧，免得我再转给你爸。”温言马上就把照片都发到了这个群里。发到最后一张他和沈景和的拍照时，苏漾格外捧场：“我们妍妍就是漂亮。” 神渊秒回大拇指 JPG。温 JP 言，谁能想到身家千亿的沈氏集团董事长，为了看一眼自己儿子的照片，居然也会在上班时间偷偷在家族群里发小黄人表情包。山里空气清新，风景秀丽，是个超大的天然氧吧。搭好帐篷，吃过午饭后，大家便三五成群的活动开来了。导演和沈景和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找了个好地方钓鱼去了。温言和王彻等人选择了爬山，还有的人干脆留在营地生了一堆火煮茶聊天。大家各自找乐子，玩的都很愉快。 温言等人也在天黑之前回到了营地。托导演和沈景和他们的福，晚餐加了一道烤鱼。虽然这原生态的烤鱼味道不咋地，流星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但难得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忙碌，彻底放松与大自然亲近了一回，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只可惜天公不作美，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地面很快湿透，大家只好回到了车上避雨。为了避免混乱，导演发话让大家按照白天来时的安排，各自上各自的车。大家伙儿也都是这个意思。 毕竟有些人的包和私人物品都放在了原来的车上。温言冒雨跑到沈景和那辆车旁的时候，他正关了车门要走。温言见状，赶紧跑到了他身边，大声道：“你要去哪儿？下这么大的雨！”沈景和看了眼他举在头顶上用来挡雨的不知名的巨大叶子，默默把手里的折叠雨伞放了回去。上车，见沈景和自己也要上驾驶座，温言忙问：“你不走了？这个可以借你挡雨。”他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大叶子给沈景和递了过去。真是一张巨大的叶子啊！ 比他们两个的头加起来还要大，扔了。沈景和是真的感到好奇，你哪弄来的这玩意儿？爬山路上捡的。看他硕大无比的，平时没见过，就想着带了回来，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对了，你刚才准备干什么去啊？沈景和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准备打伞去找他的，他只是看雨下的太大，而刚好这辆车的工具箱里放着一把折叠伞而已。你管的好像有点太多了，我没义务回答你。沉默的温言，死傲娇，这个温言。沈景和想想还是算了，赶紧睡吧。 整个后座都是你的，这一点沈景和还真没说错。其他人基本都是四人一车，只有他们一辆车里就只坐了两个人。不过躺下之后，温言忽然就没了睡意。大明星，可以聊会儿天吗？别叫我大明星。好的，二哥。我想问你，闭嘴！你不睡，我还要睡。沈景和说完这句，回应他的便是沉默，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温言的心声，听不到温言的吐槽，沈景和一时竟然还有些不习惯，甚至他还特意回头去看了一下。 结果温言居然啊了声，坐了起来，扮了个鬼脸吓唬他。妈的、啊！沈景和在心里低咒了一声，竟然真被他给吓到了。还好他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只面无表情道：“幼稚。”温言哈哈笑：“被吓到了吧？你肯定被吓到了。”沈景和懒得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不过这么一来，车里的气氛就没那么尴尬了。这么看来，这个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温言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了。他伸着懒腰坐起来，发现外头还在下着毛毛雨。 不少人已经也起来在收帐篷了。悄咪咪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解决了生理问题后，他赶紧回来帮忙。忙碌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所有东西全部装车。返程路上，沈景河的车牌在最末。由于下了一夜的雨，山路早就变得泥泞不堪，加上雨越下越大，车与车之间很快就拉开了距离。途径某处路口的时候，一辆车忽然从岔路口开出来，跑在了沈景河前面。更加倒霉的是，前面这辆车跑到一半忽然熄火，车子挡在马路中间，他们走不成，沈景河和温言也走不成。 好不容易等那辆车子打着开走，导演的电话忽然打来了。景和，你们现在在哪里？是不是掉队了？路上遇到了一点小状况，怎么了？那你们应该还没过桥对吧？没有，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还有好几公里的路程。那你得绕路走了。刚才真险，副导演的车刚开过去，桥就垮了，河里的水实在是太大了。好，我知道了。那行，那我们就不等你们了，我们先回酒店。挂断电话后，沈景河就把需要绕路的事情和温言说了。他立刻重新导航。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然而这条路也不好走，一路上都在颠簸。温言开玩笑说了一句，像是在坐蹦蹦车。沈景和就对了他一句：“知足吧，没陷进泥坑里就不错了。”结果他刚说完，车轮子就陷泥坑里出不来了。温言看了他一眼：“你该不会是个乌鸦嘴吧？”沈景和也很郁闷，赶紧熄火下车找石头往车轮子底下垫。结果两人折腾了半天，车子也出不来。沈景和没办法，只好给导演打电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这里居然没信号。 眼见着雨越下越大，而沈景和为了找信号越走越远，温言赶紧拿着伞追了出去。他俩电话卡虽然不属于同一个运营商，但大山对他们却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俩谁的手机也打不出电话。温言无语死了，这下可怎么办？那坑太深了，我俩也推不动车呀、啊。沈景和皱眉，他和这破烂条件杠上了，只要车子没被埋，我就不信出不去。然而他刚说完，两人背后就传来轰隆隆一声巨响，天空一声巨响，泥石流闪亮登场。 就在刚刚，他们车子熄火的位置，两边的山体居然集体塌方了，车子瞬间被埋了。温言在看向的沈景和的眼神，简直是痛心疾首。六，你该不会真的是个乌鸦嘴吧？沈景和也很无助，我只是随口说。够了，温言赶紧打断了他那还没说出口的话。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从现在开始起你，你不要再讲话了，一切都听我的安排，你同意吗？沈景和想说话，但想到被埋的车，他深吸一口气后选择了点头。温言四过了一圈后，指着来时的某个方向说。 那边有些人家，应该是个村子。有村子的地方，估计会有信号。我建议我们去那里碰碰运气。沈景和继续点头。望山跑死马，看着近在眼前的人家，两人在风里雨里走了快半个小时才到。好消息是，路上有个地方有信号。沈景和拨通了导演的电话，得知导演等人已经成功回到了酒店。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导演那边得到了消息，山区塌方不止一处，进出山的路已经被堵死。就算沈景和的车子没有被埋，他们也出不去了。 需要等政府清理过后，道路才能恢复通行。导演让他们不要慌，先找个人家看能不能暂住下来，这也是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了。如今这个年代，山区农村里多空巢老人，他们借宿的那家就只住了一个寡居的老婆婆。老婆婆说，几十年前家里还很热闹，老伴健在，儿子女儿都在家，可后来子女们成家之后都搬去了城市里打拼，独留她一个人守着大儿子和小儿子的两栋二层小楼，所以今晚温言和沈景和不愁没地方住。 老婆婆虽然是独居，但是却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闲置的房间里，家具都用塑料布盖着，掀开依然是干净整洁的。老婆婆还拿出了她儿子和儿媳妇的外衣给温言和沈景和换洗，美美的洗了一个热水澡后，还有姜汤喝。温言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都舒坦了。不过也不能白吃白喝，老婆婆的温言主动帮老婆婆干起了活儿，扫地、剥花生、剥板栗，她不怕累，什么活都干。沈景和也不好意思干看着什么都不做，但老实说，板栗这玩意儿他吃过。 可他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东西居然是长在一包刺里面的，真是千奇百怪。只是他有些好奇，怎么温言做起这些来就这么熟呢？脚踩着刺包在地上一滚，手上的剪刀麻利的就把果实给夹了出来。不过仔细想想，他十来岁被收养之前就过得就挺苦的，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吧。也不知道他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肯定很穷很苦，然后还进了孤儿院。嗯，没长歪就不错了。跟沈芷柔明争暗斗，好像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别说他和沈芷柔了，就他自己和老大。 老三和老四，谁又比谁关系好呢？就这样，两人在老婆婆家里待了三天两夜。这三天两夜，沈景和收获颇丰，学会了生火煮柴火饭不说，还收获了一大堆蚊子赠送的包。因为他的存在，温言感觉蚊子都不盯他了。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导演亲自开车来把他俩接了回去。至于他们被山石埋掉的那辆车，很可怜，已经报废了。回市区的路上，沈景和特意去药店买了些药。其实他挺喜欢这个小地方的，不戴口罩都不用担心会被人认出来。 车子开回去的时候，正好是晚饭时间，剧组不少人都来到了一楼的餐厅吃饭，好多双眼睛都盯着两人。为了避嫌，温言就没和沈景和乘坐同一辆电梯。沈景和倒是没有注意那么多，从随身提着的塑料袋里拿出一盒药，就给温言丢了过去：“吃吧，别把感冒传染给别人。”温言差点没接住，等他拿稳后，想说声谢谢，沈景和已经关上了电梯门。不是，这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什么叫把感冒传给别人？叫了餐送到房间后，温言终于从里到外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 正准备吃饭，手机滴滴滴响个不停，是王彻发来的消息。滴滴滴，在吗？在吗？快说说这几天在山里都发生了什么？有人看见沈景和对你嘘寒问暖，你们俩是不是有情况？他们说你俩之间非常暧昧，真的假的？温言很无语，一长串省略号丢了过去。瞎说什么子虚乌有的事情，太夸张了。王彻，你这可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快点老实交代，电梯口他给你什么好东西了？温言直接拍了一张感冒药的照片过去。 感冒又不是好事情，这好东西给你要不要？王彻要啊，你给我就要。哈哈，开玩笑的，你记得按时吃药，这样才能早点康复。对了，快要开拍了，你知道吧？这几天你们不在，我们的培训可没落下。不过我特意录了音，而且还做了笔记，你要不要？温言，机智如你，JPG，我太需要这些东西了，请你喝奶茶。不用了，那怎么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白嫖了你的劳动成果，嘿嘿。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吧。 大家都好奇死了，你们这几天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们住哪？一日三餐吃什么？求求了，满足满足我这颗熊熊燃烧的八卦心吧！温言发了个流汗的表情，现在是不是整个剧组都在八卦这件事？那当然了，说起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呢，是羡慕这些吗？图片 J P G 图片 J P G 温言把车子一整个被山石掩埋和山体崩塌，以及脚上磨出血泡的照片给王彻发了过去，王彻立马发出惊呼：“我靠，你俩这是天选之子啊！” 但凡那个时候你们在车里，那你们就嘎了。温言坏笑，JPG 羡慕吧？王彻不羡慕不羡慕。温言干脆把我们的住宿条件也给你发一发吧。王彻好啊好啊，坐等。温言立刻就从相册里挑了张照片发了出去，紧接着就是他编辑的文字消息，看到没有？超级豪华独栋别墅，沈老师一个人住左边那栋，我和房主婆婆住右边这栋。紧接着他又发了几张饭菜的照片，解释道：“都是好心收留我们的阿婆给我们做的家常菜。” 为了招待我们，阿婆还特意杀了一只走地鸡。不过沈老师和我也不好意思白嫖，我们也帮阿婆干了一些活。看见这玉米棒子没？玉米粒儿都得扒下来喂鸡鸭鹅呢。这两天我们可忙了。王彻左等右等，发现温言迟,迟迟没有后续，但手机却震动个不停。他一看，发现温言竟然把原本要发给他消息都发到剧组群里去了。群里其他人看到温言自说自话，也猜到他是发错了地方。王彻怕温言尴尬，赶紧在群里说：“我说你怎么聊着聊着就不见了？感情是走错了地方？这不是我要的照片吗？” 发完，他又赶紧私聊温言：“王彻，你发错地方了，那是咱们培训群啊。”温言，我知道，干脆一起解释一下，免得所有人好奇。说话间，群里也热闹了起来。听说你们的车子都被山石埋住了，是真的吗？沈景和那天开的那辆车是剧组的，导演助理也在群里看到这条消息，他立马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包。是的，已报废，经费在燃烧啊。不过还好人没事，有惊无险，破财消灾。还有人艾特温言，走地鸡的味道怎么样？ 好吃的话，我想找村民买几只。温言，好吃，特别好吃，还有阿婆自己做的腊肉，味道真是绝了。图片 JPG 啊,啊啊！深夜放毒啊！我的嘴巴要流眼泪了。群里的消息一直不停在增加，很快就九九加了。导演周俊业翻看着这些消息，忽然问身旁的沈景和：“真的假的？你为了几顿饭去给人家做苦工扒玉米粒了？”沈景和放下了手中的剧本，微微皱起了他那好看的眉头：“你在看什么？谁发的？群里的消息，温言发的。” 群，沈景和一边往周俊业身边凑，一边瞅了一眼自己安静如鸡的手机。什么群？我怎么不知道？哦，oh, 就培训课上创建的群，是他们一群新人演员拉的。他们没你的号，就算有，估计也不敢贸然拉你。我看看。嗯。周俊业调整了一下手机的位置，一边和沈景和一起翻上面的消息，一边说：“这个温言有点意思，估计是知道大家都在八卦你们，所以赶紧和你撇清关系。这两栋独栋别墅已经说明了一切，还有这个扒玉米粒的，他说你们忙得很。” 那潜台词就是你们私下根本没怎么交流，堵住了大家的嘴。我看他消息发错地方是假，澄清是真，还挺机灵的。沈景和嘴上虽然没说话，心里却认可了周俊业的这个说法。对了，周俊业忽然又问沈景和：“你知道这个温言是什么来头吗？”沈景和违心的摇了摇头，不知道。他是你招进来的，按道理说，你知道的应该比我多才对。真是奇了怪了，竟然有人给我投资五百万，点名道姓让我照顾他，但却绝口不提加息的事情，只是为了把他的生活质量搞上去。 这不是人傻钱多吗？沈景和在心里冷哼了声，说：“老头子人傻钱多也没错。”不过他很快就皱起了眉头：“你不会真打算把这些钱全用在给他提高生活质量上了吧？”“当然不会了，我又不傻，这些钱当然要用在服化道和后期制作上了。人家投资的毕竟是我这部电影，不是他这个人，那就行，还没傻到家。但是很奇怪，你不觉得吗？奇怪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倒也是，就好像你的家世一样，一直都是个谜，就连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你们的豪门圈子里……” 真就没有姓温的吗？没有，温言早在被收养的时候就被加了审姓，但是很显然，他这次出来拍戏用的是温言这个名字。培训很快结束，师生正式开机，第一场群戏就用到了不少本地的群众演员，大家对拍戏这件事情都感到很新奇，积极性非常高，因此片场非常热闹，尤其是放饭的时候。不过温言这一组因为有一条总是 NG，所以迟迟没有收工，眼看着 A 组那边都已经吃饱喝足，他们 B 组这边的群演就有些着急了。 其中有个老人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饿肚子，就跟副导演说想先去吃饭。这个副导演脾气不太好，本来就嫌弃这群老头老太耽误了进度，说话的时候语气就差了一点。老人家毕竟不是吃群演这碗饭的，哪能受得住这鸟气？一大把年纪了，还被人骂得像孙子一样，当即就撂挑子不干了。副导演也是个暴脾气，冲着老人家就让滚蛋，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老人家气不过，临走的时候想去拿个盒饭，偏副导演不让工作人员给饭。 两人就因为这件小事情吵了起来，后来还是剧组其他人把副导演给劝了下来，重新又找了一个群众演员。温言以为这个小插曲就此便算是结束了，可没想到下戏的时候却让他看见了这样的一幕。天色已经有些晚了，独自觅完食准备回酒店的温言忽然撞见巷子里有人在打人，被打的是今天撂挑子不干的群众演员大爷，打人的是那个脾气不好的副导演张成。显然是没想到温言会忽然出现在这里，被发现之后他的拳头立刻就松了下来，大爷也趁机摆脱了张成的控制。 赶紧跑到了温言这一头，救命啊，姑娘，他要杀人了，他疯了，这个人是个疯子。就因为白天一盒饭这么小的事，他就要把我打死，要我偿命，真是心肠歹毒。此时此刻，温言的表情，就算是用万脸懵逼来形容也不为过。这真的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啊，用得着喊打喊杀吗？张成也有自己的说辞，你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是他先挑衅我的，老东西自己臭嘴不干净，我才教训他的。大爷一听这话不干了，你放屁，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就被你揪住了，你欺负我。 梅儿美女是个糟老头，没人管是吧？张成也不甘示弱，我看你是想碰瓷想疯了吧？温言，我们俩是一个剧组的，你不会信这个糟老头的，不信我吧？姑娘，你别信他，看他的样子就不是个好人，而且你刚才也看见了，他正在打我，你看我脸上的伤，这老东西才不是好人，贼眉鼠眼的。温言头大，既然如此，那就交给警察好了，让专业的人来判断，跟他俩在这里打嘴皮子官司没用啊！说完他就报了警。 听到电话里的警察说很快就会出警，大爷指着张成的鼻子就说：“你等着吧，你马上要坐牢了，狗日的东西！”张成却笑了：“狗日的老东西，这里没有监控，是你先打我，我才还手的。”虽然说眼见不一定为实，但从他们对话的语气来看，温言感觉张成好像很无耻。最后警察出动，告诉他们这条巷子里虽然没有装监控，但是斜对面的商家装了。张成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他打人的全部经过都被摄像头一五一十的记录了下来，童叟无欺。 而大爷因为全程被压制，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所以大爷是个百分之一百的受害者，完全不像张成说的那样是互殴、哦。最后，大爷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走出了公安局。张成因态度恶劣，罚款一千元，处十日拘留。罚款一千元和赔偿医药费对张成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剧组不可能等他十天，他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因此，在听到这个处分结果后，他就求一旁刚做完笔录的温言：“麻烦你帮我跟导演请个假好吗？就说我家里有急事，必须要连夜离开，十天后再回来。”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上有老下有小，没了这个工作，我家里人就活不下去了。求求你了，温言，我真的知道错了，下次我再也不这样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不然剧组一定会把我给开了的。这话说的一旁的警察都听不下去了。你如果真的知道错的话，就应该端正你的思想态度。拘留就是拘留，为什么要撒谎骗人？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时下手打人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想你还上有老下有小？温言，温言，我求求你，你不能害了我呀！温言无语。 你这算是道德绑架我吗？害人害己的人明明是你自己，这种人温言才不惯着。一回到酒店，他就把这事和周俊业说了。周俊业马上就将张成给开除，并发消息给当初介绍张成进他组里的熟人控诉了一番。结果熟人说：“哎，我还以为他改了，没想到捅大篓子了。”周俊业脸都绿了：“什么叫改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熟人：“他以前打老婆，不过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周俊业，你这个老六，气得他又在剧组工作群里发了个书面通知。 因违法打人，解除张成在剧组里的一切职务。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在剧组里传开了，不过没人知道温言是整件事情的目睹者和亲历者。少了一个副导演，很快就有第二个副导演顶了上去，完全没有影响到剧组的拍摄进度，反而有人私下里说张成走了之后，B 组里的氛围好了许多。一眨眼，十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拍摄进行的有条不紊，所有的一切都在朝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晚间一条热搜忽然打破了温言安宁稳定的剧组生活，王彻温言。 看热搜，现在立刻马上！温言，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谁的瓜又爆了？还是谁家哥哥又又塌房了？王彻，你快别问了，赶紧去看！你吃瓜要吃到自己头上了，自己头上！温言立即打开社交软件，果然在热搜前排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井号十八线胡咖倒贴顶流沈景和共度三天两夜井号井号沈景和温言车震井号井号十八线胡咖温言井号井号温言滚出娱乐圈井号井号温言井号。警号 景浩，警号沈景和他防了吗？景浩，景浩失声。景浩，好家伙，十条热搜里面“温言”这两个字就占了四条。可这内容他是越看越难受，这都啥玩意儿啊？温言立马点进了第一个话题，只见里面曝光了一些他和沈景和单独坐在车子里的照片，以及雨夜中模糊不清的视频。而爆料者是一个所谓的知情人士，称温言靠陪睡某剧组的导演，获得了和沈景和同车的机会，去山上看流星雨。后来下雨，温言就主动上演失身诱惑。 爬上了沈景和的车，但沈景和压根对他没兴趣。之后温言还不服气，故意绕远路在山里兜圈子，最后成功导致沈景和被困山中，差点害沈景和被山石砸死。两人又被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天两夜，但沈景和从来没给他一个好脸，压根就不正眼看他。这条爆料时间地点十分精确，说的有鼻子有眼，有图有视频，一大批网友都信了，尤其是沈景和的粉丝，简直就是无脑冲。温言瞬间就被骂上了热搜，不是温言是谁啊？不要脸的货！ 勾引我家哥哥，怎么有人那么喜欢倒贴啊？什么不要脸，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为了得到哥哥，差点害哥哥被山石砸死。看看这张照片，整辆车子都被埋石头里了。温言翻看着评论，好家伙，成千上万条，基本上全都是骂他的。活了两辈子他，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火。他想了想，准备联系沈景和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办。毕竟热搜的另外一个主角是他。可就在这个时候，导演的电话忽然打了进来。温言，你赶紧来我房间一趟，热搜的事情我看见了。好的，我马上就来。 导演说话的语气是温言以前从未见过的严肃，这令温言觉得有些反常。果然，他一刷新社交软件，就发现另外两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个是抵制电影师生要求更换掉温言的话题，一个则是爆料师生导演周俊业黑料的。只几个小时的时间，温言和周俊业这两个名字就被打上了贱男贱女的标签。周俊业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温言并不清楚，可他很清楚自己绝对不是网络上所说的那样。网络暴力真是太可怕了，白的都能说成黑的。但更加可怕的是幕后的推手。 本来温言还不太确定爆料的人是谁，可在看到周俊业也被冲了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能肯定了。这个人显然是深谙娱乐圈流量之道，特意选在了周五晚上的黄金时间爆出了消息。此人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借用沈景和强大的粉丝力量围攻他和周俊业。而他和周俊业同时得罪的过的人，除了前不久因为殴打群演老人被开除的张成以外，就没有有其他人了。刚好时间也对得上，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从拘留所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带着这个论断，温言迅速去到了周俊业的房间。 他过去的时候，沈景和和他的助理已经到了，在场的还有剧组其他几个核心工作人员。温言来了，坐吧。周俊业开门见山，丝毫没有废话。这件事情发酵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必须得第一时间澄清，否则影响只会越来越大。虽然目前我还没有证据，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和前段时间被我开除的章程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是对温言报警和我开除他的事情怀恨在心，所以就采取了这种报复手段。一旦我掌握到了切实的证据，就会立刻起诉他。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做好这件事情的公关。 大家可以说说看各自的想法。周俊业说话的时候，房间里很安静。结果他话音才落，一到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是沈景和的电话。不过他只看了一眼，就把电话给挂掉了。周俊业刚准备再开口，没想到温言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温言拿出手机一看，发现是苏漾打来的。但现在显然不是接电话的时候，他也默默把电话给掐了。不过掐完之后，他准备发个消息过去解释一下。他现在怀疑刚才沈景和那个电话也是苏漾打的。苏漾一定是看到了热搜，特意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他得给苏漾解释解释才行，免得他也信以为真了。正编辑着文字消息，他和沈景和的手机同时震动了起来。原来是苏漾把沈景和也拉进了我们一家人这个群，并第一时间艾特了温言和沈景和。景和，妍妍，我看到网上的热搜了，你们怎么都不接电话？你们现在是在一起吗？看到给我回个消息或者是电话，妈妈现在很着急。两人手机同时响第一下的时候还没什么，但接二连三同时响，众人不禁都向他们投去了惊讶的目光。温言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解释道。 我妈，她也看到热搜了，问我情况呢。沈景和，我妈也是。在场谁也没想到，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会拥有同一个妈。导演也发话，那你们稍微解释下吧，别让家里人担心。好的，导演，马上就好。温言很积极，立刻就在群里回复了苏漾。妈妈没有的事，我和二哥是清白的。”沈景和，清白这两个字看着怎么这么奇怪呢？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没错。原因是我之前得罪了剧组里的一个小人，把他送进局子后，他就被剧组给开了。 因此，他就恨上我和导演。现在搞这么一出下三滥的，就是想整我们呢！垃圾人，垃圾堆里都找不出这样的败类，缺德玩意儿！沈景和说好的马上就好呢，这还聊上了。话说他打字是真快，一样的两根大拇指，他的是变异了吗？而且我和二哥现在正在和剧组开会，正在讨论对策。等我这边结束了再给你打电话，现在不太方便。好，你们两个没事就好。刚才电话都打不通，还以为你们怎么了呢？对了，如果你们剧组也搞不定的话。 那就交给家里。好的妈，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情。那我和二哥先去开会了。去吧去吧，温言打字的确是快，不一会儿他就放下了手机。倒是沈景和，全程他就只盯着手机屏幕看，完全没有动手的意思。周俊业看了他一眼，忍不住问他：“你不用跟家里解释一下的吗？”沈景和直接把手机插回了兜里，已经解释过了。周俊业，什么时候我都没看见你手动。沈景和面不改色：“那一定是你看错了，是吗？”周俊业迷惑了。 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说法，对，肯定是他看漏了。温言不愧是演员，演技杠杠的。我要给你打 call。沈景和六百六十六。沈景和看了温言一眼，对他很是无语。这也能叫演技吗？这叫喜怒不形于色，是天生的。小菜鸡羡慕不来的。这个小插曲过后，大家很快商讨起对策来。周俊业道：“露营同车的事情，我可以发文解释。那天晚上男女同车的不止你们两个，要照他们这个说法来讲，两个人是车震，那四个人难道还是群辟不成？” 实在是太可笑了。那天剧组拍了不少视频，我可以放出更加高清的来。至于山体塌方，那是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这种事情也能黑到我们演员头上，只能说是部分粉丝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个舆论方向是不对的。所以景和，虽然在整个舆论事件当中你是受害者的角色，从头到尾没有人骂你，只有人心疼你，看起来这似乎对你来说并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觉得你也应该出来引导一下舆论，你说呢？当然，我会澄清，这一点我责无旁贷。周俊业点头。 随后又看向温言，温言，你目前是个新人，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对你的伤害将是毁灭性的。可能你的演艺生涯还没开始，就已经在这里葬送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求稳。现在对你意见最大的就是景和的粉丝。等我和剧组发了声明之后，你可以评论转发，然后自己写个小作文。但是景和那边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不然别人又要说你蹭热度。温言听完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沈景和就先开口了：“我反对，既然是澄清，既然这些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互动？我不仅要发声明，我发声明的时候还要艾特温言。圈子里很多人炒 CP，最后被迫澄清的时候，基本上双方都已经闹掰了。不仅粉丝互撕，就连当事人双方也都在暗地里各种撕。这种关系的人，他们才不会互动，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合作。但是我和温言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剧组的同事，将来电影上映，我们也都会产生交集。我不认为现在装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那你粉丝那边呢？如果我和他都光明磊落、大大方方，粉丝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周俊业顿了顿，看向温言：“那你是怎么想的？”温言仔细想了想，说：“我赞成沈老师的提议。我想，只要在互动的时候，我能够把握好分寸，沈老师的粉丝就不会反感。不过，你说，我觉得最要紧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得找到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张成一手操作的。只要能把他这个罪魁祸首揪出来，那风向就会反转。我们甚至不需要解释，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说的没错，不过把他揪出来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对哦。 想到要花大量的钱，温言就觉得恶心人了。这个该死的张程，他把假料卖出去再赚钱，现在他们想要把他揪出来，却反倒要花钱。那就先这样。周俊业继续说道：“先各自发声明，然后我再透露一下，我们目前正在调查幕后黑手这件事，引导一下舆论的风向。对了，温言，回头你文案写好后先发给我看一下，我确认没问题了你再发。嗯，那今天就先这样吧。网上已经有人扒出了我们的取景地，接下来说不定就要热闹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拍戏。” 拍摄的进度不能耽误，大家纷纷起身离开了导演的房间。但温言却磨磨蹭蹭到了最后。沈景和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回头看了他一眼。然而温言正在想事情，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沈景和的目光。刚好这个时候，剧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找他：“沈老师，关于明天通告上的调整，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现在有时间吗？”“有的，那我们边走边说吧。”“好。”沈景和这边随着工作人员一起离开。而此时的周俊业也发现了温言：“你还有什么事吗？”温言点点头。 一双眼睛笑成了月牙状，是这样的，导演。刚才我听你说，可能要花大价钱才能把张成揪出来，对吧？是啊，涉及到顶流的八卦，实在是太火了，想要搞定的话，必须要付出些代价。那倒也是，而且整件事情，沈老师也没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反倒是我和导演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按道理说，这份钱沈老师是不用出的。可是导演，我也没钱啊。你没钱？周俊业似笑非笑的挑了下眉，说起来，这其实算是剧组的事情。 因为如果名誉受损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整部电影。但其实只要把你换掉的话，剧组就不会有什么损失了。啊！简直是 W T F！温言整个人都不好了。导演，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咱们不是商量好了要共同进退的吗？怎么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温言脸色的变化更是比翻船还快。周俊业见他这样，都不忍心逗他了。开玩笑的，你是我经过层层筛选才挑到的演员，我当然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被抹黑报复而把你踢出剧组。那我岂不就成了和张成一样的人？ 助纣为虐了，我说嘛，温言松了口气，这才是打开导演的正确方式。周俊业笑了笑，所以这个钱剧组出了，不用你自掏腰包。好了，不早了，回去休息吧。好，谢谢导演。见温言谢得那么真诚，周俊业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就在温言即将要离开之际，他忽然把温言给叫住了。你是真不知道吗？有人给我投资五百万，让我好好照顾你，所以这个钱可以说是早就有人替你出了。温言，他忽然发现自己每天不是在懵逼，就是在懵逼的路上。 好了，看你这个表情，我就明白了，你是真的不知道是谁。既然你不知情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家人朋友，由你们自己沟通比较好。我这边就不好再透露许多了。对了，出去的时候麻烦帮我把门带上，谢谢。好的，不用谢。温言一脸懵逼的退出了周俊业的房间，并掏出了被静音的手机。而几分钟前，沈景和见温言留在了周俊业的房间，迟迟没有出来，犹豫片刻后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温言。 你留在周俊业的房间，该不会是想用潜规则来保住这个角色吧？谁知他这条消息一发出去，苏漾的消息立刻就冒出来了。什么潜规则？这么晚了，妍妍待在导演的房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人呢？景和，你说话。一连好几条消息炸出来，沈景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把消息发错了地方。他竟然该死的把这条消息发到了我们一家人这个群里，立刻撤回。苏漾，撤回也没用，我已经看见并截图保存了。苏漾，截图 JPG。JP 沈景和头都大了，没想到有生之年他还会干出发错消息这种没头脑且令人不高兴的事。苏漾，亏我们还给你们剧组那个导演投资了五百万，他就是这样替我们照顾妍妍的。我去找他要个说法。沈景和，妈，别，我相信周俊烨。沈景和赶紧打断正在和自己说话的剧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给家里打个电话。通告师是你，和我助理对接吧。此时此刻，正在纳闷到底是谁给剧组投了五百万的温言打开了手机。其实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漾。 毕竟这个世界里，除了苏漾这个养母，目前应该没有人会特意为他做这些。结果一打开那静音的手机，他就看见苏漾说：“是他给周俊业投了五百万。”更离谱的是，他们前面的聊天内容，温言一脸地铁老人看手机脸。沈景和这脑洞是大的离谱啊！居然怀疑他是去找周俊业搞潜规则现身了。而且他最后一句什么鬼？他说他相信周俊业，咋的？他温言的人品就不是人品了？他立刻在沈景和的那条消息上回复：“二哥想啥呢？爸爸是沈氏集团董事长。” 妈妈是知名大设计师，二哥是娱乐圈顶流，这顶配我用得着为了这么一个角色去出卖自己搞潜规则吗？哼，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真的好生气，必须发某人的几张丑图压压惊。苏漾建这个群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温言分享他自己和沈景河的照片，所以温言偷拍了不少沈景河，不过都是公开场合拍的，并没有涉及到隐私，而且他所谓的丑照不过也就是一些糊涂而已，真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帅哥是拍不出来丑照的。发完这些温言就回了房间。 然后给苏漾打了个电话，刚好这个时候苏漾结束了和沈景和的通话，并看到了群里温言发的消息。不过他并没有接听温言的电话，而是发了一个群视频，分别是他自己、温言和沈景和。其实，在看到群里温言发的丑图时，苏漾就知道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在生沈景和的气，所以视频的时候他是笑着的。妍妍，你别气了，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教训过你二哥了，是他说话不好听，不过他也是担心你。沈景和没有，我一点也不担心他。苏漾。 那你原本不是打算单独发消息给妍妍，结果发错到群里了吗？沈景和没有，我撤回了。苏漾，我截图了。沈景和，那我也撤回了。苏漾，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来回说，你刚才说的那话可不怎么好听，快给妍妍道歉。道歉？我倒是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偷拍，我还把照片发到群里？这个还真不能怪妍妍，这是我让他发的，建这个群也是为了收你的照片。谁让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天都不着家？你爸也在群里，他其实也。 我明天早上三点钟就要起，我要去洗澡了，挂了。刚说完这句，沈景和那边的画面就黑掉了。温言眨巴眨巴眼，二哥好像生气了，是不是以后不适合再发他的照片了？没有的事，你可千万不要自责，主要是因为我提了你们爸，他才挂的，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但其实这次已经有进步了，以前我不是没有拉过群，但是一看到你们爸爸也在群里，他就退了。这次没退，是个好兆头。对了，热搜的事情我听你二哥说了，他说剧组会处理。你这边真的不需要家里帮忙吗？ 说到这个，温言刚好有话想问苏漾。不用，你们都已经投了五百万给剧组了，哪里还能再让家里出钱？妈，你给剧组投资，让导演照顾我，怎么不和我说啊？你们兄妹俩不是都不想公开家庭情况吗？家里投资也是通过第三人去处理的，而且你拿到角色在前，你的实力是导演认可的，和投资没关系。家里也没插手你演戏的事情，只是说让导演在生活条件上多加上心而已。呜、哦、呜，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你对我太好了，爱你。 比心，看着温言献宝似的，又是表白又是比心的苏漾不禁由衷感慨：这五百万花的是真值啊！顺带和二儿子的交流也变多了。还是买一赠一，不是买一赠二。如果电影大火了，将来还能赚一笔。当天晚上，沈景和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澄清声明。他的声明简单粗暴：没勾引，没车震，没孤男寡女单独过夜，没被人为算计，被困是因自然灾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给无辜的人和剧组造成伤害。我们的初衷是拍好电影。 感谢各位关心，@温言导演周俊业电影师生沈景和的这条澄清动态一发出来，热搜第一马上就变成了“景号沈景和澄清景号”这个词条。他的这条动态评论点赞、转发、浏览数量更是分分钟破百万，并一直在疯狂的持续上涨。就知道哥哥不会塌房。刚才是谁说哥哥不敢澄清的？打脸了吧！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澄清声明简单直接，没做过的事情否认的清清楚楚。对对对，我也觉得某些模棱两可、啥也不说就知道发律师函的声明，真是看得人头大。 哥那和粉丝猜谜呢，不是你们没发现吗？这都一个小时了，我们和和艾特的这几个人怎么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他们什么意思？啊？热搜都挂这么久了，这出了事不会是打算让我们家和和一个人担吧？楼上的，我帮你看了艾特导演周俊业，刚才秒删了一条动态。他删的虽然快，但是显然我截图的动作更快。看他之前那条微博，明显是还没准备好，误发了。他应该是打算放证据来锤那个爆料者的，可能需要时间吧。图片 JPG，真的假的？楼上这个截图不是 P 的吧？ 我看这个导演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是有人想要害他和剧组。劲爆，坐等今天这个瓜我是吃定了。垃圾，害导演和剧组为什么要拉我们和何下水？和何这是招谁惹谁了？就是啊，这个温言到底是什么鬼？他该不会是想炒作吧？我看不像是炒作。如果是炒作的话，沈景和怎么可能还艾特他？他可是沈景和爱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怎么可能会配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炒作？被下降头了还差不多。就是一个查无此人的艾特温言。 凭什么和我们合格炒作？他也配？楼上快别说了，马上就不是查无此人了。哭笑。好家伙，我看了一下，@温言这个号是几个小时前才注册的新号，就这么一个小时的功夫，他就涨了三十万粉，而且还在疯狂上涨。不是，关注他的人什么心态？他什么也不是啊，为什么要给他送热度？我不理解。难道就我一个人想看看他稍后打算怎么办吗？关注他之后就能第一时间刷到他的动态了。反正我是不会关注他的。四十万了。 我的天，这流量要是给我该多好啊！我家专注品质酵素，大家可不可以康康我呀、啊？这哪里是流量，这分明是泼天的富贵啊！温言这下要火了。温言一路把这些评论看下来之后，也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好家伙，这才多长时间啊？他一个连头像都没有的超级新号，居然收获了四十多万粉丝，并且还都是火粉丝。为什么说都是火粉丝呢？因为他的私信已经爆炸了。由于他这个号很新，新到连一条动态都没有，网友们没地方说话，就只好私信轰炸他了。 温言大致看了下，目前他收到的私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骂他的，骂他不要脸，倒贴沈景和，更有甚者，甚至还用最恶毒的话语诅咒他；另外一类则是催他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复沈景和，或者催他赶紧上证据澄清。不过温言现在还不打算做出回应，毕竟之前和剧组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导演那边先做澄清放证据，然后才轮到他。至于疯狂涨粉这件事，温言一开始是有些兴奋的，不过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他很清醒。 这些不断上涨的数字只不过是平台的关注者而已，并不是他的粉丝。他想要的是真正欣赏他演技的观众，而不是只关心八卦和吃瓜的路人。所以，他很快就放下了手机，转而拿起剧本，琢磨起明天上午要拍的戏。终于，一个小时后，温言洗漱完毕，美美的贴了一张面膜，躺上了床。而网友们也终于等到了周俊业连发四条动态：第一，他和剧组新人演员温言之间不存在不正当关系；他的角色是凭实力拿到的，和桃色交易无关。口说无凭。 周俊业还拿出了温言试戏时候的片段。第二，网传温言和同组演员沈景和的不正当暧昧关系不属实。露营那天是全剧组出动，夜里突发暴雨时，所有人都上车避雨，并不是只有他们孤男寡女。因不可抗力因素被困山中，两人借宿山中村民家，也并非单独相处，并且还是一人住一栋楼。此处有大量照片佐证。第三，网络上爆料的他的个人黑料以及剧组的黑料全部不属实。筹拍到目前为止，剧组里就只出现了一桩不良事件。 并且剧组在第一时间就给出了处理办法。此处傅某人因故意伤害当地群演被拘留十天，而被剧组开除的通知截图。第四，这件事有幕后推手，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还剧组演员一个清白，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连四条有文有图有高清视频的动态，看得吃瓜群众们个个兴奋不已。加上今天又是周五，大家颇有种为吃瓜熬个大夜又怎样的豪迈。有一说一，温言的演技还是不错的，我要是导演我也选他。 刚开始和他对戏的这个男演员明显不太行的样子，但是他很快就被温言带入了状态，他的演技被激发，两人这一段配合的相当完美。之前爆料里的糊涂里看不太清楚，原来温言这么漂亮的吗？她真的好漂亮啊，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没有人觉得和温言对戏的这个男演员长得很周正吗？是我的菜，内娱这样的男演员不多哎。三分钟，我要他的全部信息。既然是楼上的菜，那我就帮捞一下吧。捞艾特王彻，温言小姐姐的演技是真的好，人品也没话说。 当初试戏要不是他鼓励我，恐怕我也没有机会进入剧组。剧组的拍摄一直很紧凑，不管是在前期培训还是正式开拍以后，小姐姐和沈老师私下都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看到热搜新闻的时候，我们整个剧组也是惊呆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吃瓜。哇，原来小哥哥叫王彻呀、啊！剧组放出来的录音视频也很有料哎，我发现里面好几个演员都是俊男靓女。纯路人不是任何人的粉丝，但是忽然好期待《师生》这部电影啊！你们都去看帅哥美女吧。 破案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大家不觉得奇怪吗？网上最开始爆出来的物料和剧组自己 P O 出来的都是重合的，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对方也没有新料发出来锤。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方的物料都是从剧组那里搞来的，要么他们剧组有内鬼把物料卖给了营销号，要么就是他们剧组自己人报的。而导演又特意提到了某个因为故意伤害群演被拘留并开除的工作人员，这让人很难不把这个工作人员和整件事的幕后推手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对剧组实施报复，开除他的是导演。 但是他却连温言都一起搞了，只能说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导演人品也不错的，还给这个人的姓名打码了，估计是正在调查。现在我就坐等水落石出了。好无聊啊！以前的热搜大战都是你一锤我一锤，有来有往的，为什么导演发了动态之后，对方就没有动静了？就这么认输了吗？撕逼呢？证据呢？反转呢？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真是唯恐天下不乱！无语。但是我喜欢哈哈。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一直到现在，温言都没有发生吗？会不会他在憋大招？不像，感觉导演这边澄清的已经够清楚了，他那边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散不散？我睡不睡啊？算了，给他设置一个特别提醒吧。你们是吃瓜都吃不明白吗？温言早就已经回复了，只不过他没有单独发动态，而是分别在沈景和和导演的动态下评论了而已。截图 JPG，无语 JPG，人太糊了，发了回复都没人捞。忽然觉得漂亮小姐姐有点可怜，怎么回事？我要去捞漂亮小姐姐，有没有组队的？ 我还有我，算我一个。确实，该说的来龙去脉导演都说了，该表的态度沈景和也表了，温言确实没什么好补充的了。他就只在沈景和的那条动态下发了一句“谢谢沈老师”。在周俊烨说要调查真相的那条动态下发了个支持导演，就没再说别的了。网友们这下明白了，靠，他好佛系啊，感觉遇上的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事儿一样。为什么我有一种导演和沈大顶流都在给他打工的错觉？哼，楼上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沈景和给他打工？ 他也配？野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沈景河的唯粉说话是不是太过了？你这样是在给你的偶像招黑，知道吗？怎么，温言这种连作品都没有的人都有粉丝了？笑死人了！你在酸什么呢？人家就是能够凭借一段试戏片段圈粉，你行吗？你行你上啊！嘴炮 Max，笑死！试戏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我看你就是试戏姐买来的水军吧？睡前扫了一眼这些评论，温言发现自己喜提了一个外号，是细节。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呢。不过，正如导演所说，舆论风向好像已经有所倾斜了。温言在休息的时候，周俊业和沈景和可没闲着。沈景和有个不错的团队，他又是师生剧组的投资人，同时也是周俊业的朋友，因此就把追溯爆料源头这件事情交给了团队去做。周俊业出钱，沈景和的团队出力，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证据，证明这件事情确实是张成所为。而经过一夜的发酵，事件的讨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不少昨天夜里睡得早的网友，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才开始吃瓜的。 趁着这波热度涨起来，周俊业直接连名带姓的把张成的所作所为给曝光了出来。张成自己在社交平台上也有账号，一开始他还试图抵赖，周俊业懒得再和他扯皮，直接发了律师函。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张成这才知道害怕了，主动找周俊业私聊，并公开在全网向所有被他抹黑的人道歉。周俊业也是个有脾气的，为了从营销号哪里搞到证据，他都花了不少钱，现在怎么可能因为张成的一句口头道歉就原谅了他？从前他家暴打老婆，后来在剧组打群演。 最后被拘留了十天，他出来就开始祸害人。这种人，周俊业不惯着他。他找了个律师，将这个案子全权交给了律师处理。至于张成和某些营销号，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件事情一出，周俊业立刻被网友们封为娱乐圈最刚导演。试戏姐温言也因为路见不平打手机报警被张成记恨报复，而被网友们心疼。因祸得福，师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温言也因为那段试戏片段和高颜值收获了一批真正的粉丝。 这些粉丝们天天喊着期待、师生播出，催促他发自己的照片。不过温言最近的戏份比较重，每天忙得要死，压根就没时间再去登录那个社交软件。王彻看了都替他感到心疼。你怎么都不好好营业一下？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一夜之间涨粉有你那么多，我肯定天天发动态让粉丝知道我还活着。温言嘻,嘻嘻一笑：“会的，你以后肯定会有很多粉丝。”说到千载难逢，王彻还不知道他刚刚拒绝了什么呢。如果他知道的话，声音肯定更大了。 就在几分钟前，温言和沈景和聊了几句。温言现在是没有签经纪公司的，因此沈景和便提出让他加入他的工作室，但是他拒绝了。当时沈景和都震惊了：“温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拒绝了什么？到目前为止，沈景和的工作室还没有签约过任何一个新人，这也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向其他新人同行抛出橄榄枝。也就是说，以后不管沈景和拿到什么资源，都有可能优先和他签下的艺人分享，甚至是打包将新人带进剧组。” 其实这话刚问出口的时候，沈景和甚至还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得自己对温言好像太好了。可明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没好到那个地步，结果没想到他难得开次口发次善心，人家竟然还瞧不上，这一下就激起了他的倔强劲儿。理由，给我一个理由。当时的温言仔细想了想后说：“这不是我们还处在风口浪尖中吗？到现在还有很多你的粉丝私信来骂我倒贴不要脸。我要是真的去了你的工作室，搞不好你的粉丝会脱粉，这样对你的形象不好。”嘿嘿，我也知道二哥你是好心想帮我。 所以我更加不能恩将仇报，置你于水火呀！温言长着一张巧嘴，这沈景和是知道的，但沈景和更加清楚的是，温言每次这样说的时候都是在敷衍人。他也没好气，冷笑了一声：“谁想要帮你了？不过是看你是个吸粉体质而已。至于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然后两人就此分开，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了。而温言之所以这么做，真正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和沈家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说不定哪天他和沈家之间的缘分就尽了。 到时候如果和沈景和产生了经济上的纠纷，就不好了。第二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温言在等一个人的出现。如果接下来他坚定要继续在这个圈子里发展的话，那么他最想要合作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很牛掰，在他穿来的这个小说世界里，他是一个连书中女主角都要给他面子的人。要知道，在原书中，女主可是一个拥有众多马甲、无所不能的存在。娱乐圈影后这个身份，只是女主角众多马甲中的小小一个。可即便是这样。 女主对那个人还是礼让三分。最关键的一点是，温言在看小说的时候发现，这个角色他超尊重女性的。做他旗下的艺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演戏。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艺人向资本低头，尤其是女艺人。温言穿书前就是在这一点上吃了个大亏。当时看小说的时候，他就在想，如果他的老板或者是经纪人也像小说里这个一样，那该多好啊！这个人在原著小说里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存在，但是温言穿来之后，在网上却搜不出来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所以温言决定给自己一个时间期限，再等等看。或许需要女主触发到某个剧情，这个人物才会出现，也不一定。不过就算最后这个人不出现，也没有关系。到时候他会再想别的路子。接下来的拍摄需要到山里取景，先前温言一直没有时间，这次刚好趁着这个机会，他打算去看望一下上次收留他和沈景和过夜的那个老婆婆。正好快收工的时候，他在片场遇到了沈景和，于是就主动上前去打了招呼：“嗨，沈老师，明天进山我打算去看望一下周婆婆，你要不要一起去？” 沈景和点头，可以。温言，不愧是沈老师，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啊。沈景和看了他一眼，心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心里阴阳怪气我。可以两个字就可以解决的事儿，他干嘛要说一堆废话？两人互相在心里吐槽着，面上谁也没表现出来。温言更是紧接着又抛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回头我去超市买点东西带过去，完了你跟我 A A 怎么样？还是说你自己单独去买？你买，多买点，买好的。沈老师看起来像是在命令人呢，但我这算是帮忙，不是？ A 的时候我七你三成交，还有这种好事呢？命令的语气就命令的语气吧，毕竟少花了两成的钱呢。沈景和看到温言这样，其实挺不理解的。按理说他并不差钱，去趟超市才能花多少。但是莫名的，沈景和却觉得他这样很生动。不过一直到睡前，沈景和都没有收到温言发来的账单。直到第二天早上剧组出发，一辆装满了粮油米面等货物的三蹦子开了过来，司机径直找到了温言说话。沈景和这才知道，原来温言买了这么多东西。看着那辆三蹦子。 沈景和脸上的表情很是一言难尽。温言，这辆车该不会也是你买来送给周婆婆的吧？怎么可能？没想到沈老师的脑洞还挺大。这车是我租的，你跟剧组商量一样，让剧组的车把东西带过去不就行了？麻烦，而且万一这些东西把剧组的道具磕了碰了，岂不是要坏大事？沈老师该不会是心疼租车的钱吧？那你租别的车不行吗？怎么选择了这个车型？我问过了呀，人家送货的师傅说了，进周婆婆那村子就得三蹦子，大一点的车就进不去那小路了。沈景和竟无言以对。 事实好像还真是这样。到了地方之后，剧组要先做准备工作。周俊业知道温言和沈景和要去看望老人，就主动给他们行方便。组里有两辆道具电动车，要不你俩骑车过去吧？光靠两只脚还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结果温言和沈景和二连懵逼，两人异口同声道：“我不会骑电动车。”这时候，沈景和的助理默默举起了手：“我会骑。”温言眨巴眨巴眼：“可是，一辆小小的电瓶车也坐不下三个人啊，那就再叫一个会骑电瓶车的帮忙带着你们好了。” 周俊业提议，刚好这个时候，王彻从几人面前经过，就被导演给抓过来当临时司机了。四个人，两辆电瓶车，十来分钟后就来到了周婆婆家。周婆婆见到温言和沈景和，很高兴，连忙张罗着叫众人坐下，又热情好客的要给他们泡茶，让他们一定要留下来吃午饭。大家刚坐下没一会儿，装满了东西的三蹦子也到了。看司机师熟练的操控着三蹦子，温言忽然来了兴致，他也想体验一把开三蹦子的感觉。王彻也想试试看，开的时候他还请沈景和的助理帮他拍了几张照片。 拍完他就给发网上去了。由于一下发出了许多照片，他没注意到其中有一张照片竟然是温言的。直到后台多出了不少评论，他这才发现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他赶紧找到温言向他道歉：“不好意思啊，温言，我不小心把你开三蹦子的照片发网上了。你的粉丝说我蹭你热度呢。什么玩意儿？”温言听后哈哈大笑：“我有什么热度可以给你蹭的？等等，该不会你拍的刚好是我的丑照吧？那不能，你怎么拍都好看。大美女哪怕是开三蹦子都惊为天人啊，嘴巴倒是甜。” 这可不是我嘴甜，这是你粉丝的原话。我说温言，你要不还是发个动态吧？你不知道，你的粉丝都催到我那里了。我说的是今天之前，现在看到你开三蹦子的照片，他们催的就更厉害了。我后台的私信从来没有那么活跃过，托你的福，现在好热闹。不信你看看。王彻说着，直接把自己的手机拿给了温言看。温言快速扫了一眼，还真是。可是我也没什么好发的呀，到现在都没个作品，我也没有作品啊，就全当是记录生活了呗。这么多人喜欢你。 他们都说等电影出来了，冲着你的戏份也要买票去看。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意，你说呢？也好，温言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他们真有意思，居然说你蹭我的热度，哈哈。那我也来蹭蹭你的。我们来拍个合照吧。好啊，站这里，这里的位置好一点。一旁的沈景和，有必要吗？还合照？结果没一会儿，温言就拿着手机朝他这边跑了过来。哼，沈景和在心里嘀咕着，这一下应该是要来找自己合照了，真是有够无聊的。 不过只是简单拍一张合照而已，也不是不可以。结果，温言直接越过他走到了他身后。周婆婆，我可以和你合拍一张照片吗？沈景和拍完温言就发了一个动态，我也来蹭蹭帅哥的热度，哈哈。今天忙里偷闲来看望山里的婆婆，很开心。发完没一会儿，他就收到了许多评论，哈哈哈。刚从王彻那里出来，大家还开玩笑说小哥哥在蹭热度呢，现在你就蹭回来了啊？姐姐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做到骑三蹦子都那么好看的？请问有什么诀窍吗？ 看来王彻小哥哥说帮我们催是真的，不是骗我们的。话说小姐姐和小哥哥合照的背景有点眼熟，他说来看望山里的婆婆，应该就是那天被困山中和沈景和住的那户人家吧。楼上的 bingo，我特意翻了一下导演之前发的澄清照片，确实就是这两栋房子没错。啊啊，漂亮姐姐都来看望婆婆了，那我家和和呢？应该也来了吧？和和肯定会来的，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拍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导演是他的朋友，以他现在的咖位，正常来说这样的导演是请不到他的。之前婆婆收留了他，他肯定也会来探望的。哈哈哈,哈。 小姐姐真的很实在，你们看到那辆三蹦子里面装的东西了吗？满满一车，全是里面粮油，这么多，我感觉应该是温言和沈景和一起买的吧。呜、哦、呜，小姐姐看看我，我家哥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过自拍照片了。如果你们现在在一起的话，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哥哥呀？让哥哥也发个照片呗。好想哥哥，<laughs> 蹭热度的来了，真是无语了。S J H 都说了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开始蹭了，真是想红想疯了吧？我看楼上你才是疯了吧？温言发的是和王彻的合照，说蹭热度也是在和王彻玩梗。 请问从头到尾，温言和王彻哪里提到沈景湖了呢？别挽尊了，是戏解戏就是戏多，恶心，抵制，有毛病，自己跑到别人地盘撒野，还上当上线了，怎么了？他发出来不就是给人评论的吗？不想让评论可以关闭评论区啊？事实就是事实，你堵不住我的嘴。什么事实？请问这是什么事实？你张口就来的事实吗？温言无语，本来好好的，没想到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吵吵起来了。他这条动态是真的一点都没提到沈景河，没想到也能被骂这么惨。 哎，温言忍不住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果然，我拒绝加入沈景和的工作室是正确的抉择，不然我还不要被骂死啊！还没作品就黑红上热搜的演员，我应该是第一个吧？听到温言这样的心声，沈景和默默打开了手机。看来那天他的那个提议是真的挺不成熟的，他也因为自己的粉丝一直饱受争议。想到这里，沈景和主动开口问温言：“等山里的戏拍完，你就要杀青了吧？”“对，没几场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时间过得可真快。”“那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回家呀。” 我是说回家之后的工作安排，没有，又是不是每个剧组都像师生一样面向全社会招新人演员的？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你还想继续工作吗？还是说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当然愿意了。不过我暂时也不着急。嗯，我知道了。几人在周婆婆这里吃完午饭，就回到了剧组。下午第一场戏就是温言的，他要在玉米地里拍一场逃跑的戏。拍的时候来了不少村民围观，周婆婆恰巧也在其中。等拍完之后。 暂时就没有温言的事了。见周婆婆也还没走，温言就主动找了上去。婆婆，你也来看我们拍戏啊？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是，看得津津有味，都舍不得走了。主要是村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你拍的是什么？我看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拍城里的故事，你们怎么会来我们这里拍？婆婆，每部作品的题材不一样，也不是所有电影都要在城里拍的。温言简要的给周婆婆介绍了一下师生的故事，又说，不过具体拍摄的细节我就不能透露了，因为我和剧组签了保密协议。 有些东西能说，有些东西不能说。周婆婆点点头，城里人的规矩真多。不过你放心，你跟我讲的这些我不会乱说的。但是你演的这个东西还是挺真实的，在我们这里真的发生过，而且还不在少数。不在少数？不会吧？温言有些震惊。刚才他跟周婆婆说的可是他正在演一个被人贩子拐进深山的哑女，正在逃跑但却被人给抓了回去的戏。是啊，周婆婆语气十分肯定。早些年山里男人娶老婆难，因为家里穷。 没人愿意嫁进穷山沟里，所以他们就买老婆。但是你想啊，好的人家是不可能把自己家姑娘卖给别人的，所以大部分肯定都是被拐来的。反正就跟你演的差不多。被卖到山里的女人，大部分都是残疾人，不会说话或者是听不见的，要不然就是腿跛了，或者干脆是脑子不清不楚的傻子。山里的老光棍也没什么好讲究的，他们只要有个老婆就行，只要老婆能生，可以替他们家传宗接代就可以。我记得十几年前，山里很多人买老婆的，也有人会像你演的这样逃跑。 但是被抓住了的下场都很惨，听说会被脱光衣服拴在家里，或者是打断腿。等时间一久，或者是生下了孩子，渐渐的他们也就断了逃跑的念头。温言听得心寒，果然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桥段都不是瞎写的。那这种事情难道就没有人报警吗？报什么警？那时候连个电话都没有，而且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在这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见过有警察过来的。你要真报了警，把别人老婆弄走了，人家还不打死你啊？不过也有人在买老婆这件事情上吃亏的。 有段时间听说抓人贩子抓得严，他们就通过介绍人去买越南的老婆，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骗彩礼的。他们表现得很听话，拿到家里的钱之后就说自己想去赶集，结果一到人多的地方就溜没了，还把人家家里的钱也卷跑了。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现在除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谁还住在山里？年轻点的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外面挣到钱可以自己谈对象，但是出去打工不一定就能遇见好人。这外面的世界虽然大吧，人却都是鬼精鬼精的，骗子特别多。 五六年前，我记得有老板开车来我们这附近的村子里招工，说是要招几十个工人去服装厂干活。那个老板不要男人，只要女的。当时很多人都想去，我们村里就去了三个，结果他们一个都没回来。有人说他们是在外面跟别的男人跑了，有人说是死在外面了，反正怎么也找不到。要我说啊，这哪里是什么服装厂老板，这分明就是骗子，是人贩子。不然他怎么只要女的不要男的呢？就是想把这些妇女都拉到外面去卖了。这个、话听着细思极恐，温言忍不住问周婆婆。 那当时难道就没人发现这个招工的老板是个骗子吗？周婆婆摇头，当时也不能说是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没见过世面，镇上就是我们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那招工的老板一过来，很多人也说他们是骗子，不敢跟着去的。跟着去的都是胆子大的，想去外面赚大钱的。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老板他是拖家带口来的，那时候他带了个女儿来，好像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你说说吧，这哪有骗子出门行骗还拖家带口的？他就是这样。 把我们这些山里人骗得团团转，大家都是女人，你说骗子怎么就这么狠的心呢？专门骗我们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女人，婆婆，你说的这个服装厂老板是个女人，那她是不是姓赵啊？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几个关键词，温言脑海里立刻就冒出了沈芷柔养父母的信息，因为他们刚好也是开服装厂的。上次在超市遇到那个说方言的男人，也在沈芷柔面前提到了赵老板，他问沈芷柔是不是赵老板的女儿，只不过当时他没提到这个赵老板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 而沈芷柔的养母刚刚好就叫赵晶，不过时隔那么久，并且彼此之间也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这个问题周婆婆压根就答不上来。她姓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以前我还知道，但现在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怎么了？难道你认识这个人吗？不应该啊，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应该还在上学。对，六七年前我还在上高中，但是六七年前沈芷柔在哪里，他就不得而知了。晚上温言还有夜戏要拍，但后场的时候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他一方面是在共情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和那些被现实生活中真的被拐进深山的女人，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拨打那个电话号码。再一次被机械的电脑女声提示该号码已停止服务后，他不禁皱紧了眉头。正烦心，沈景和的声音忽然自他身旁响了起来：“给谁打电话呢？”温言睁大眼睛看了他一眼：“沈老师，你吓我一跳。”“演再演。”沈景和嗤笑：“你要真被吓一跳，下意识喊出来的就不是沈老师这个称呼了。”温言。 这人不仅嘴巴毒，眼睛也毒，这也被他给看出来了。所以呢，在给谁打电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打电话的时候露出这种表情了。但似乎对方从未接过你的电话。哎，温言在心里重重叹了口气。有时候一个人查这些也挺无助的，要是有沈景和帮我多好。可惜这事就连我自己都没理清楚，简直是一团乱麻。听完温言的心声后，沈景和安静地等待起他的下文。结果温言却在这个时候被副导演给叫走了。沈景和的心却被勾得直痒痒，他特别想知道。 温言一直在给谁打电话？到底又在查什么？而他自己又能帮上什么忙？不过，如果他不主动提起的话，他是绝对不会主动去问的。哼，温言没再回来，他被叫去听导演讲戏了。听完戏之后，他就开始了今天晚上的拍摄。今明两天，他的戏份依然比较重，需要连轴转。结束夜戏后，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和剧组赶往了另外一个取景点。这个拍摄点在大山更深处，剧组在这里找了一个破房子，当做是温言在电影中饰演的这个哑女的家。 这个井里，她要拍的第一场戏是洗澡被老公公偷看，被发现后，她又被丈夫和恶婆婆暴打一顿，关进了柴房。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顺利，但是谁也没想到，拍到她被殴打的那一场戏时，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意外。因为要拍暴力戏，温言的对手演员掌握不好度，殴打哑女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总也拍不好，所以那条总是 N G。这种 N G 最痛苦的还是温言，因为她饰演的是被打的那一个，一次打不好还得再来第二次，而越是这样，他的对手演员就越紧张。 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得不暂停手里的工作，开导、教导他。温言这个时候就去了一旁喝水，为了不影响拍摄，他脚上绑着的绳子并没有解开，走路都是一蹦一跳的。结果他喝水正喝得好好的，忽然一道黑影就朝他冲了过来，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黑影扛在肩膀上掳走了。当时温言整个人都懵逼了，大脑瞬间宕机。剧组的人也是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我操，我们女演员被人给抢走了，快追啊！” 温言被人扛在肩膀上，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狂奔着，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得上下倒了个。不管对方是谁，想干什么，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和对方好好谈一谈。毕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睡。再晃的话，他觉得不只是五脏六腑，他连脑干都得给晃出来。结果他刚想张口告诉对方“我有钱，我有很多钱，我可以给你钱”的时候，一张嘴他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好巧不巧，全部吐在了这男人的屁股上。然后他就听见这男人。 哇哇大叫了起来，亏得剧组给他们培训了方言，所以温言毫无压力就听明白了他的话。他正在嚎叫，拉裤子了，我拉裤子了，爸要打我了，要打我屁股了。然后温言的瞳孔就开始八级地震了。这个看起来已经三四十岁、浑身脏兮兮、邋里邋遢的成年男子，居然当着他的面脱了裤子，直接就在山路旁边蹲了下来，上起了大号。好在剧组的人已经追了上来，被扔在一旁的温言赶紧解开脚上的绳子，跑向了剧组的人。你没事吧？ 跑在最前面的人是周俊业，开玩笑，温言可是别人投了五百万让他好好照顾的人，要是今天让他出了什么差错，那这五百万他就别想要了。关键他作为导演，有义务保证剧组演员的人身安全。温言见追上来的人都很担心他，便摇头表示自己身体上没事，但是他心灵上却大为震撼。他忍不住扭头看向前面正制造一坨坨答辩的男人，我觉得这个人精神上有点问题。结果他才回过头，一只修长的手掌就挡在了他眼前。别看，是沈景和的声音。 温言也不想看的，只是这个动作是下意识的。而他们说话间，几个高大的巨物已经把那个男人给按在了地上。那个那人顿时大哭了起来，嘴里嚎叫着爸：“爸爸，他们不让我拉屎！”温言听的那叫一个一头黑线，这抓马的剧情简直比他看过的最离谱的电影拍的还要离谱。而男人这一嚎叫，前面一座破房子里忽然就冲出了一个拿着铁锹的人，众人才发现原来前面还有一座小破屋，而拿着铁锹冲出来的是一个卸了顶的，看起来已经超过七十岁的老头。很显然。 他和精神不正常的那个男人是父子俩，这老头很凶，见自己儿子被剧组的人控制，就要和人干架。周俊业试图上前讲道理，但是对方根本就说不通。就在此时，温言忽然听到一阵断断续续哼唱声，在这个抓马混乱的场景中，这段温馨的哼唱显得格格不入。他循着声音就朝一旁的小屋走了过去。沈景和见状，赶紧拉住了他的胳膊：“你干什么？”温言问他：“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唱歌？”“嗯，那你和我一起过去看看。” 沈景和没有拒绝，你走我后面。嗯，温言重重点头，严肃道：“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沈景和此刻他的母语是无语。两人一前一后，循着那断断续续的哼唱声，很快就摸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不知道是废弃的猪圈还是什么圈门口。往里一看，温言顿时连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昨天晚上，他还在共情他演的这个哑女，还在共情周婆婆说的那些被拐卖进深山的女人。但是。 他怎么都没想到，他会在隔天亲眼所见一个被脱光了衣服、被铁链拴着脖子、像牲口一样被关起来的女人。那一刻，温言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沈景和，你可以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吗？沈景和张了张嘴，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的脱下身上的外套。但是，一件外套根本就包不住那个可怜女人的全身。这时的温言也从震惊和心疼中回过了神。他因为担心山里昼夜温差大，倒是特意在裤子里多穿了一条秋裤。 现在刚好把外裤脱下来给眼前那个可怜的女人穿。由于地区偏远，警察找到地方时已经是两个多小时后的事情了。报警的时候，温言还和剧组某些工作人员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他报警主要是为了猪圈里被锁着的那个赤裸女人，而不是自己拍戏拍的好好的，忽然被一个陌生男人抗走这件事。剧组的某些工作人员认为他是在多管闲事，因为事情发生以后，剧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人也向剧组做出了解释，说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叫倪大头，是个神经病。 打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精神病，众所周知，精神病打人不犯法，报警的后果也不过是口头警告他们几句，让监护人把精神病患者看严一点而已。所以剧组某些工作人员的意思就是息事宁人，抓紧拍摄才是最重要的。周俊业一开始也不愿意插手，只不过对待温言时，他的语气比其他几个工作人员要好很多。是这样的，温言，我知道你是同情那个女人，但是你怀疑她是被拐卖来的这一点你，你完全没有证据。她自己家里人和他们村里人都说了。 他被锁起来是因为有精神疾病，如果不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就会像他那个儿子一样出来乱打人，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发生意外。就算是为了他的生命安全，也不得不把他锁在家里。温言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就算是精神病，那也不是这种照顾法，连衣服都不给穿一件，有这样监管的吗？周导，市场上有那么多的剧本可以供你选择，但你偏偏选择了《师生》这个本子，你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想通过这部电影呼吁社会对聋哑人多一些公平正义的对待吗？ 严格来说，这个女人不也是聋哑人中的一份子吗？她精神失常了，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所受过的苦难了，跟聋子哑巴没有区别，甚至比这些残疾人更惨。这公平吗？正义吗？我现在跟你理论这些，也不是要道德绑架剧组，需要你们去做什么？因为我完全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去报这个警的。如果说我个人请假来处理这件事情，耽误了剧组的进度，那我可以赔偿剧组的损失。我报这个警，或许是会可能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造成剧组时间的浪费。 但是却也有可能解救这个可怜女人的一生，所以我坚持。温言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我同意温言的做法。沈景和也开了口：“我是这部戏的最大投资人，我同意剧组停工半天。”周俊业其实也已经被温言说服。好，那就听你们的。警察过来以后，倪三水和村里的人还是还是一样的说辞，说被锁的女人柴招娣几十年前就患有精神疾病，一次偶然，她自己赖在倪家白吃白喝，赶都赶不走。倪三水看她可怜，这才和她结婚，给了她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说着，倪三水还从家里翻出两本结婚证，证明他和柴招娣是光明正大、政府盖过戳的。可倪三水的手续越是齐全，温言就越是怀疑。他听周婆婆说过，她在五十岁以前是没有身份证的，后来上面管得严了，开始搞人口普查，她这才去办理。几十年前，在这样的小山村，一个正常的公民连办理身份证的意识都没有，怎么可能就想到要去打结婚证了？而且对方还是一个犯了病跑到他家的外乡人，相关部门竟然都不审查的吗？他有身份证明吗？身份证明是真的吗？ 温言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请求警方进行调查。警方答应了，也劝说了倪三水改善柴招娣的生活环境。就这样吗，警官？改善生活环境？然而，温言并不认为倪三水这样的坏老头真的会改善柴招娣的生活环境。但凡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思，他就不会这样对待这个女人。可以借一步说话吗，二位警官？可以。温言把警察带到了一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难道就不能由你们介入进行伤情鉴定吗？我认为他现在需要就医。 或许你们还应该查一查他身上有没有殴打伤，他身上有不少淤青。警察也很为难。温女士，目前来看他们是合法夫妻，除了劝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至于你说的淤伤，他一个精神病人磕磕碰碰是很正常的。很显然，在没有证据证明倪三水犯罪的情况下，这件事表面上来看属于家庭事务，甚至连家庭纠纷都算不上，因为对方是精神病患者。但是温言现在担心的是，剧组和警察一走，倪三水不仅不会改善柴招娣的生活环境，甚至还很有可能殴打他出气。 那这样吧，我觉得还是送医院比较稳妥。他现在这个状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我觉得都应该就医。但如果由我提出，倪三水可能不会同意，甚至还会狮子大开口对我进行敲诈，也说不定。所以，我希望二位警官帮个忙，这事由你们来提，费用我来负责。你确定吗？你是个外地人，和柴招娣无亲无故，你确定要为他出医药费？确定，我不差这个钱。如果有一天我身上也发生了这种事，有人愿意对我伸出援手。 我和我的家人一定会感激那个人一辈子，能力范围内我愿意帮助他。行，柴招娣最终坐上警车被送去了市里的医院。临走时，倪三水看温言的眼神仿佛都淬了毒，但是人家柴招娣上的是警车，他没辙。柴招娣需要留院治疗，温言和沈景和以及周俊业三人干脆回到了酒店过夜。忙了一下午，几人都没时间吃饭，周俊业就叫了外卖送到房间。三个人聚集在他的房间里吃宵夜。周俊业说：“今天拍摄耽误了半天，不过最迟后天也要杀青了。” 要是柴招娣的事情得不到妥善解决，你怎么办？那正好，温言愉快地撸了两把串，本来还发愁分身乏术，杀青后我就有大把的时间了。不管怎么样吧，遇到他也算是我和他之间的缘分。嗯，对了，给你听个东西。什么？听了你就知道了。温言拿出手机，点开了一段录音。这是一段哼唱，整段曲子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嗯的发音。这略微熟悉的哼唱声一响，沈景和马上就听出来了。他立刻抬眼看向了温言，这是……嘘。 温言赶在沈景和说出答案之前截断了他的话。咱们让周导好好听听。这段录音不算太长，只有五十多秒，可那干净的声音和温馨又悲哀的曲调一下就打动了周俊业。好听，很令人触动。这是什么曲子？谁哼的？如果能弄到版权的话，我觉得作为师生的插曲完全没问题。你也觉得感动对吧？温言忽然没什么心情吃串儿了。是什么曲子？能不能弄到版权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柴招娣哼出来的。一开始在山里，我和沈老师。 就是因为听到这段哼唱才发现的他，所以我说他和我有缘。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听到了这段瞬间就打动了我的曲子，我肯定不会找过去。后来在医院休息的时候，他又哼了一遍，我再听一遍还是会被触动，所以就拿手机录了下来。一个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能那么稳定的哼出这样一首动人的曲子，我觉得这曲子对他来说一定意义非凡。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故事。温言说着，忽然莫名产生了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这是怎么了？周俊业见状，赶紧给温言递过了一张纸。 平时看你大大咧咧的，今天又这么正义，处理起事情来不失理智。没想到你还这么感性，也许吧。温言有些哽咽，就是觉得女人好难，因为天生是女人，因为天生被赋予了生育的功能，就要被人算计，被人觊觎。从幼童到中年妇女，成长的每一段过程中，都有可能会被……哎，你说他一个精神病，干嘛要欺负他，让他生孩子？他想要性生活吗？他想要孩子吗？有人尊重过他的意愿吗？我觉得很难过，很可悲。算了，不说了，赶紧吃，吃完好休息，明后天杀青，完了。 我就去公安局问一问他们调查进展。好，杀青以后有什么事情，你还是可以来剧组找我。周俊业和温言碰杯，沈景和不禁多看了温言两眼，他是不是在被沈家收养以前过得特别苦啊？奇了怪了，他干嘛对他的过去感兴趣？不过温言离开之后，沈景和还是跟周俊业打了招呼，他以后真要为这事找你，不管什么你都答应，你搞不定的我来。嗯？周俊业惊讶，干嘛？你这是看上他了？胡说什么？沈景和一脸严肃。 我是就事论事，那个可怜的女人能帮还是帮一把。第三天拍完喝农药自杀的镜头后，温言结束了影片中哑女的一生，顺利杀青。剧组给他送上了一捧鲜花，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动态和他的照片。但因为妆造需要保密，所以照片中温言的服装被马赛克处理了，就连他的脸部都被披上了一个口罩，没能看到他的美照。他的粉丝们都不太满意，纷纷私信让他多多发动态。温言近期的相册里没有不带妆造的自拍，她干脆把那段五十多秒的哼唱录音给发了上去。 没什么好发的，分享一段旋律吧，触动很深。很快他就收到了评论，哇，好好听，是小姐姐自己哼唱的吗？真的有触动到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感觉很温馨，可是听着听着突然就想流泪了。这旋律是有魔力吗？我也是，为什么我好想哭啊？我好像看到一个女人哼着哼着，忽然走进了看不见路的迷雾之中。小姐姐这么有才华的吗？这个旋律好像不是市面上的任何一首歌，是自己创作的吗？温言的这条动态收到了不少评论，他挑了几条做澄清回复。 不是我唱的，是别人唱的。没有，我对歌曲创作一窍不通。是，我也看到了一个女人，她被铁链锁住了。曾经有过温馨美好的过去，可是未来却看不到出路。回复了这几条后，温言放下了手机，因为出租车已经停在公安局门口了。温言进去找到了上次出警的两位警官，向他们询问进展。结果他们说，经过初步调查已经核实，倪三水确实是与柴招娣在三十多年前登记结婚。柴招娣的身份信息也属实，系本地人，青年时就患有精神疾病，从未出过远门。 二十多岁的时候走失并流浪到了倪三水家后，倪三水托人打听到了柴招娣的原生家庭，征得其哥嫂的同意与其结婚，其中并不存在拐卖的行为。他们让温言不要再疑神疑鬼，可是温言问他们打听柴家人的住址，他们却说柴家人几十年前就已经举家搬迁，早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消失了的娘家，这在温言看来全部都是疑点。失望地走出公安局，温言再次搭乘上了出租车，心烦意乱地打开社交软件，温言忽然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好耳熟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那老一辈哄睡的摇篮曲。小时候我听我太奶奶哼唱过，不过太奶奶现在已经走了，好想我的太奶奶。她对我真的很好，所以一听到这段曲子，我就忍不住想哭。这条评论令温言眼前一亮，而这位网友的 IP 地址是 A 省，距离这 H 省千里之遥。温言赶紧和出租车司机搭话：“师傅，我跟你打听一下，你是本地人吗？在这里开出租车多久了？”“我是本地人啊，我开车几十年了。二十岁我就开始开车，不过一开始我是开拖拉机，到处拉货送货。” 那时候哪有小汽车啊，后来我才开上出租车的。我对这一片特别熟，你想打听什么？我肯定知道。那太好了，我想让你帮我听一首曲子，看看是不是你们本地的摇篮曲。好像每个地方哄睡的曲子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哦，那个呀、啊，本地的我可以唱给你听啊。好啊，谢谢了。司机大叔很热情，立马就哼唱了出来。但那曲调和温言录下来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那师傅，你帮我听听这个是你们这里的吗？录音还没播放完，司机就笃定道：“不是。” 我们这一片就这一种哄睡歌，你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可温言得到的调查结果却是，柴招娣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如果他是本地人，从未离开过 H 省，那他是怎么学会 A 省的摇篮曲呢？想到这里，温言立刻私信了 IP 地址在 A 省的那个网友，询问了他更多有关于这个摇篮曲的细节。他对网友很客气。那个网友又是温言的颜粉，虽然他不知道温言为什么会对这个摇篮曲这么感兴趣，但听说温言想听完整版，立刻就答应了，回家去问问他妈妈。温言谢过网友后，就放下了手机。 他靠在车座上想着事情，不知不觉中就回到了市区。虽然已经杀青了，但周俊业个人还是替他保留着酒店房间。他把自己收拾了一通之后，又打车去了医院。他这是去探望柴招娣了。医生说，柴招娣这两天的精神状态正在肉眼可见的变好，比刚送来医院那会儿不知道要好了多少。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温言还从护士那里得知，上次离开医院的时候，周俊业竟然偷偷给柴招娣续了一笔费用。因此，一回到酒店房间，温言立刻就拨通了周俊业的电话：“魏州道，我是温言。” 不知道你收工了没有？方便接电话吗？方便，你电话来的正好，我刚收工。那太好了，我想跟你说，柴招娣恢复的很好。本来我想着也不必为了这件事情特意打扰你，但我听说你给他续了一笔医药费，所以觉得还是和你说一下比较好。这么说，你已经回到市区了？对，那就这样吧，不打扰你休息了。导演周俊业此时正跟沈景和在一起，两人隔得很近，虽然没有开免提，但是沈景和也能听到电话里温言的声音。听温言有要挂电话的意思。 沈景和立刻给周俊业打了一个手势，又迅速拿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打出了几个关键词。周俊业看到之后，会议立刻放下手机，打开了免提，并问温言：“对了，你去公安局了没有？柴招娣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算是有吧，但我觉得也不算是。”温言简要的把警察给的回复以及摇篮曲的事情说给了周俊业听，接着又说：“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回到市区后，我又给那个警官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但是他不认可我的观点。”周俊业其实已经想好了。 大不了就让柴招娣住一辈子精神病院，这点费用他和温言两个还是能够负担起的，甚至他也打算这么劝温言。但沈景和忽然又在手机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你问问他有什么打算。”周俊业有些惊讶，无声问道：“你要插手？”沈景和迅速打出另外一行字：“反正已经插手了，好吧。”周俊业把声音压到了最低：“那就陪你们轴一回。”沈景和轻笑，也不知道上次是谁非要告那个搞事情的副导演和营销号的。两人对视了一眼，周俊业紧接着又问温言：“那你还打算自己查吗？” 温言没那么自负，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查的。那你的意思是，社会舆论？两人几乎同时开口。对，温言继续说道：“只能请热心网友帮忙扩散一下了。对了，那天发现柴招娣的时候，剧组是不是有工作人员拍视频了？有的。那能不能麻烦周导，你帮我要一下这个视频，我拿回来处理一下再发出去。有些地方可能要打马赛克，我来弄吧。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们干脆一起来做这件事。可是。” 你能忙得过来吗？你忘了，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剧组。温言还是有些担心，这不是上次我报警的时候，剧组有些同事就不同意吗？如果因为我的坚持让他们付出额外的精力，不仅他们不高兴，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温言，听导演的好吗？这件事情你就真的不用担心了。剧组现在是很忙，但是还有沈景和的团队啊。目前来说，沈景和工作室的工作安排相对清闲。温言也选择了相信周俊业。好，我还拍了一些他在医院的照片，我发给你吧。好。 还有他哼唱的摇篮曲片段，你也一起发给我好了。对了，既然要曝光的话，事情的来龙去脉肯定都是要说清楚的。我们剧组和你肯定是要被提及的，你介意吗？模糊化处理一下吧。曝光的话，这也是社会新闻，我不排斥。甚至如果以后需要单独采访我，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没有必要刻意聚焦。好，我也是这个意思。刚结束电话，温言就收到了粉丝发来的一段录音，那是粉丝特意请他妈妈哼唱的当地摇篮曲。温言一连听了 n 遍。 认为这确实是拆招弟哼唱的那首没错，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所有发现编辑成文字和录音、照片一起打包发给了周俊业。周俊业转手又把这些信息全发给了沈景和。沈景和工作室的效率超高，当天晚上黄金时间段，温言就收到了周俊业的消息。看热搜，温言立刻就登录了社交平台，一眼就看到了这样几个话题：景号师生剧组深山发现铁链女疑似拐卖；景号报警号女子被锁深山破烂小屋；景号报警号铁链女景号。 景号师生剧组，景号景号沈景和外套，景号一看到“师生剧组”这几个字，温言下意识便皱起了眉头。明明之前在电话里商量过了，不可以聚焦。周俊业导演也表示了赞成，怎么现在师生剧组还是上了热搜？如果连这个热度也要蹭的话，那就有点不道德了。不过点进去了，温言才发现，原来是他误会了。这个料他们是找的一个专做社会新闻的记者爆料的。他的爆料中虽然用到了不少剧组和温言提供的物料，但是并没有点名师生剧组以及组内任何一个演员的名字，从头到尾。 该记者就只提到了某剧组和剧组演员等模糊性的词眼，可即便如此，师生剧组还是被福尔摩斯网友们给扒了出来，甚至还有眼尖的粉丝扒出柴招娣被救时身上穿的那件外套是沈景和的私服。不得不说，看到“景昊沈景和外套景昊”号这条热搜的时候，温言是真的心有感慨，这届网友真的是太溜了，全都是火眼金睛。而正是这届心细如发的网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柴招娣事件推到了风口浪尖。据周俊业所说。 一开始他们只买了一个热搜，后面其他热搜全部都是被网友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讨论给干上去的。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 IP 地址为 A 省的网友都出来认领了柴招娣哼唱的那首摇篮曲，甚至有人直接爆出了 A 省某县三十多年前的一则寻人启事，称柴招娣和那张寻人启事中走失的女子高度相似。这个爆料一出，网友们纷纷一人血书，要求当地相关部分成立调查组，对柴招娣一案进行调查。 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可小觑，有关部门的电话早就被打爆的不能再爆了。就这样，在舆论的高压之下，当地成立了调查组，事情也真的有所反转。原来柴招娣并不是真的叫柴招娣，她的身份是假的，结婚证也是假的。她是从 A 省被人拐卖到 H 省，卖给了倪三水，甚至期间她还给倪三水生了五个孩子。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中，除了那天发病突然把温言抗走的倪大头之外，其他都不知所踪。网友要求严查倪三水是否虎毒四子，可经查证。 其他几个孩子不是幼年病死，就是意外身亡。最后，倪三水被刑拘，亦因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撤职的撤职、调岗的调岗。柴招娣则是顺利回到了他的原生家庭。回归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健康，这也是网友们最为欣慰的地方。而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师生、剧组和沈景和以及温言的讨论度再次登顶。那件外套就是和和的私服，我觉得当时报警的肯定是和和，和和就是这么有正义感，我真的哭死，粉了他这么多年。 他的人品真的是没得说。你们在说什么？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第一篇报道的时候提到了女演员这三个字。沈景和人品是好，但他是个男演员吧？跟女演员有什么关系？物鱼子对啊，最先发出那首哼唱的是温言啊，难道你们都没发现？哈，好搞笑！世系姐的粉丝又来了，你们真是无时无刻不想蹭热度啊！这种事情的热度，你们家蒸煮也蹭，难道就不怕塌房吗？哦不对，他根本就没房子。零作品，笑死！楼上的我才笑死好吧，自己选择性失明就来攻击别人是吧？ 你自己好好看看热搜榜上，你家哥哥挂了几条，你们这样才是蹭吧？滚！我们需要蹭吗？根本就不需要。你仔细想想看吧。最初报道出来的时候，可是提到了整个剧组。我想请问一下，整个剧组那么多工作人员和演员，当时大家都在现场，怎么其他所有人都不发动态，只有世系姐发了？她是什么居心？你有病吧？这都能黑？她发哼唱音频是几号？新闻出来是几号？睁大你的卡姿兰大眼睛，好好看吧。世系姐就是戏多。 他必然是早就知道事情的走向，所以才会这样做。这时候，一个网名为四月的小确幸发言了：“为什么要怀揣这么多恶意呢？”温言发那段哼唱是因为她是女生，她心细，是她最先发现了那首曲调里的悲伤，所以她才会有感而发。哈哈，还曲调里的悲伤的，你怎么不说你是贝多芬呢？四月的小确幸，我在跟你说事实，你扯什么贝多芬？事实？怎么的？你是剧组工作人员吗？你亲眼看见了吗？傻逼！四月的小确幸，你怎么还骂人呢？ 我说的是真的，你说真的就是真的呀，那你自证啊！就是，那我还说我是沈景和老婆呢，她现在就躺在我身边。我说的是真的，你信吗？果然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粉丝，戏好多。一时间，四月的小确幸被围攻，这还是他在网上冲浪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被人围攻，这令他感到很难过，也很委屈。所以，他给温言发了一条私信。温言发现，之前给他提供摇篮曲的那个叫做四月的小确幸的网友给他发了消息：“你好，妍言，可以这样叫你吗？之前私聊的时候。” 他都是叫温言小姐姐的。你好，当然可以了。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柴招娣的新闻我看见了，所以新闻里说发现她的那个演员是你，发现她的哼唱不对劲的也是你，对不对？快哭了，快哭了！表情。这些天给温言发消息的人很多，但是温言只回复了四月的小确幸一人。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温言还犹豫了一下，不过很快他就做出了回答。小确幸，真的很感谢你当初提供的线索，这非常非常珍贵。你提供的信息直接帮助了一个可怜人。这两天网络上的言论我也都看到了。 但我认为，到底谁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回家了。从始至终，这件事情离不开每一个像你这样的热心网友的帮助。我知道这两天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正义感到底该归属于谁”的讨论，但大家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正义感不仅仅是体现在各某一个人身上的，更是体现在广大热心网友这一整个群体身上的。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何必争个高下呢？你如果觉得那个人是我，那么你也是我。 你如果觉得那个人是沈老师，那么你也是沈老师。这件事情面前，我们没有区别。回复完四月的小确幸后，温言立马给周俊业发了条消息：“导演，我们花点钱撤热搜吧。这件事情不是娱乐性质的，不应该被这样讨论。”周俊业没有立即回复温言，而是拉了一个聊天组，他把温言和沈景和都拉了进去。温言立马私聊周俊业：“这是啥意思？”啊？与此同时，沈景和私聊他的消息也进来了：“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为啥不直接找他？”他还打了两个问号。 温言反手就给沈景和回了三个问号。你应该知道这个聊天组不是我拉的吧？废话，那一开始在决定在网上爆料也是我和导演商量的，这你应该也知道吧？嗯，算是知道吧。所以我肯定找导演，他跟你说了，我想撤热搜吧。如果要撤的话，肯定是连你的一起也撤了。所以我说你应该直接来找我，算了都一样。反正现在他也拉了群，我们群里说吧。算了都一样。沈景和忽然有点不想在幕后当好人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他都参与在其中。 他之所以不出面，全部交给周俊业，是因为不想让温言这家伙有心理负担，也更加不想日后被哪个知情人传出去，又害他被粉丝骂。毕竟一开始决定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坚持。现在看来，还是让他有点心理负担比较好，不然这人说话的语气都要飘了。而下一秒，周俊业也开始在聊天组里说话了。周俊业拉这个组是想讨论一下撤热搜的事情。这两天确实网上讨论度非常高。温言的意思是，这个事情并非娱乐性质的，不应该被这样讨论。但是剧组和你们俩都被推上了热搜。 他建议撤掉，景和你怎么看？沈景和赞成。温言，好的，全票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面临的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周俊业，什么问题？温言，嘿嘿，费用，我们怎么算？均摊还是按人头、关键词或者其他什么标准？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周俊业，放心，这我有经验。沈景和内心，经验？你有个锤子的经验？有经验的是我的工作室。温言，那真是太好了。 那现在就去操作操作，周俊业，放心，温言，好嘞，那我就坐等周导你的好消息了。组里的讨论就此结束，周俊业也在第一时间私聊上了沈景和，来活了，我们尽快吧，这个热搜已经挂了好几天了，早点撤下去也好。沈景和，你不是很有经验，还和人夸下海口吗？周俊业，你是在不高兴吗？沈景和没有，周俊业，那我们什么时候撤热搜？沈景和告诉温言，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做。周俊业懵了。 你对温言的态度很是有些扑朔迷离啊，我完全看不懂了，能具体说说吗？太好奇了，收起你的好奇心，看看温言对周俊业那样讨好的，仿佛他欠了周俊业的债一样。他要是真欠了债，那债主也是他沈景河。于是当天晚上，所有相关热搜全部被降低了曝光，匹配的关键词再也无法被搜索。而这很快就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六百六十六，热搜全部都没了。温言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背后是不是有金主？是的。 只要是和温言以及柴招娣相关的词条都搜不到了，温言蹭热度这个关键词也搜不到了。呵呵，牛批，撤热搜的速度倒是够快的。他可能以为蹭了一个爆火的社会新闻就能立正一人设了，没想到网友根本就不买账。不是，我一个路人都看不下去了。你们这些一直逮着这个女演员骂的人是不是有失偏颇啊？看你们一直在网上冲浪，不可能不知道今晚消失的不止这个女演员一个人的关键词吧？不只是这个女演员，还有大明星沈景和以及他们参演的《师生》这部电影的剧组。 他们关联的热搜也都被撤了、啊、所以大明星和整个剧组背后也都有金主吗？就是本来对 S J H 是路人的，现在他的粉丝一直攻击一个小演员，我都要对他路转黑了。他家粉丝就是难搞，任何女演员只要是女的，跟他哪怕是同个矿都要被骂。呜呜呜，楼上的路人小姐姐不要这样，我们沈家的粉丝大部分素质都是很高的，不信你可以去我们超话里看看，真的，我们是禁止恶意抹黑其他任何演员的。只能说的 S J H 的粉丝群体太过庞大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加入了官方粉丝群。广场上还好。 你们可以去温言的圈子里看看，那里骂的更凶。确实，因为关键词和词条被屏蔽，所以某些极端网友就跑到温言自己的账号底下去骂。也有不少人直接去冲了剧组的社交圈，大有掀起另外一股讨论热潮的趋势。网友四爷的小确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发了一条动态，并将和温言私信聊天的截图发了出来，并配文：“有些人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因为被人渣诬陷倒贴，甚至沈景和都亲自出来辟谣了，你们这些老婆粉却还是不肯放过温言。” 之后不管他做什么，或者是疑似做了什么，你们都不满意，都说他是在蹭热度。大半夜的看到这些异象，真的很气愤。你们自己看截图吧，截图 JPG，散世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我靠，温言的格局原来这么大。如果你觉得那个人是沈老师，那么你就是沈老师。在这件事情面前，我们没有区别。啊啊，家人们谁懂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一卷，我我真的哭死，真的有被感动到，确实挺感动的。但是感动之余，我好像发现了滑点。 小雀信一开始是想问那件事是不是温言爆出来去查的，结果温言说了这些，我觉得就是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他，他可以直接否认啊，但是他没有。楼上加幺零零八六，我也觉得，否认就完了，没必要说这些。哼，不会吧？真还有人信了？要真是他起头的他，他为什么不承认？这样模棱两可，还不是为了热度？一群傻子被他玩的团团转，还在帮他说话。果然混娱乐圈的都有两把刷子，就是。 这个什么小确幸，就是温言花钱雇来的人，图是 P 的，这种截图谁不会 P 啊？给我十分钟，我能 P 一百张出来。这条评论一出，立刻就得到上千条点赞。四月的小确幸气不过，干脆把手机录屏，然后把视频给发了出来，证明自己没有 P 图。结果又被人说是温言请来的托，他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条热评冒了出来：哈哈，真是求锤的锤啊！你们不是说小确幸是托吗？先去看看师生剧组的导演发了什么吧。 哦，对了，如果说小确幸是托的话，那沈景和和师生剧组的导演也是温言花钱请来的托哦。哇哦，那温言小姐姐还真是厉害呢，居然凭借一己之力裹挟了大明星沈景和和一个新晋导演。他家是不是开钻石矿的呀？全星际连锁的那种，这么厉害，干嘛演新晋导演电影里的一个小角色啊？他干嘛不直接花钱投资自己当女主角呢？哈哈，楼上是懂反讽的，笑死我了。加幺零零八六，还星际连锁，我真的笑死。不说了不说了，我要去导演那里围观了。 周俊业之所以会把他拉了个三人组讨论撤热搜的截图给发出去，其实也是沈景和的授意。他这动态一发，网友们全部转移了战地。有一点，沈景和的老婆粉说的没错，这个热搜还真是温言动手撤的，这个是实锤啊！不得不说，格局一下就打开了。看看人家说的什么，人家心里比谁都清楚，柴招娣事件并非娱乐性质，不适合被这样讨论。我来翻译一下，就是人家小姐姐心里其实门清，人家知道这些个话题能给她带来热度，但人家宁愿花钱撤掉，也不愿意消费这波热度。 倒是某些人一直说什么蹭热度，抓着这一点不放，结果他们老公也是举手赞成撤热搜的。人家温言撤热搜就是心虚，就活该被他们嘲。那他们老公也主动要求撤热搜了，是不是也应该一起骂？啊，有一说一，温言真是一个宝藏女孩啊！啊，我们家和和也是宝藏男孩。这个热搜对他其实是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但是他也主动撤了。我觉得两位演员包括导演，他们的三观都很正，只不过是有些网友太偏激了。现在导演既然把截图发出来了，大家也应该散了才对。 这张截图里包含了他们三个人，我相信导演发这条动态一定也是经过其他两个人同意的，这是他们共同商量出来的结果。就是正主们都已经下场，吃瓜群众们还是散了吧。我们不散，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对，这波我们要为正义打 call，复议。我觉得我们应该刷一个正能量的话题，把热度刷起来，让他们看到我们其实也支持他们的做法。不是，你们这样不好吧？他们都花钱撤热搜了，就是不想大家再讨论，何必又刷呢？ 那不一样的，之前到导向性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的导向性是正能量的。筒子们刷起来啊！井号散是满天星，巨是一团火，为正义打 call。井号井号温言正能量。井号井号神井和正能量。井号井号师生剧组铁三角。井号微信三人讨论组。周俊业截图 JPG 截图 JPG。JP G, 看看这热搜话题，网络风云还真是变幻莫测，一会儿的时间风向就变了。温言始料未及。Jeff 周俊业，我看了一下，现在我们都在涨粉。 尤其是我和温言的账号长得很快，因为我们原来的基数比较小；锦和的新粉数量长得就比较慢了，因为他原来的基数就大。温言，我们这算是什么？因祸得福吗？温言，这很难评。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已经在热搜上住了好久了。一个连作品都没有的人，却早早拥有了几十万粉丝，这要是放以前说出来，我都不信。不过周俊业怎么了？温言，这样的关注度和粉丝让我感觉有些虚。亲爱的导演，要不然你再帮我一个忙吧，周俊业，你说。 温言，反正已经操作过一通了，你再帮我联系一下，把刚才冲上去的那几条热搜也给撤了吧。周俊业，这个你也不要了。可是你正在涨粉，而且还是正面的。温言，嗯，不要了，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周俊业没有立即回复，温言也发现了一点异样，为什么沈老师不说话？周俊业，因为他就在我旁边。而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商量撤热搜的事情。周俊业问沈景和：“我应该怎么说？是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当然是答应他了。 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啊？好吧，那我要什么时候跟他坦白这些功劳其实都是你的呢？沈傲娇，锦和，把功劳这两个字收回去，我不是为了邀功，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说明事实而已。周君叶，好的吧？你长得帅，我听你的。于是乎，正搞着数据和吃着瓜的网友们忽然发现，他们正在冲的热搜话题又又又不见了，而下一秒，他们就刷到了温言的最新动态：谢谢大家的关注，但是期待作品见。比心。这条动态暗含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与作品无关的事情，就请大家不要再关注了。姐只想专注搞事业。可就在大家准备评论的时候，却发现温言居然关闭了评论区，这也就等于在他的地盘，所有网友都被禁了言。不过已经有人建立了粉丝群，粉丝们纷纷在群里发言。谁懂啊？我粉的小姐姐又又撤了自己的热搜，这泼天的富贵她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笑死了！她可能以为热搜撤掉了热度就没了，但是没想到粉丝到处在安利她。我看现在的涨粉势头比之前还猛，那是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其实这何尝不是他做人的一个作品呢、啊？说的真好，鼓掌，真挺难得的。感觉他要是一心搞事业，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颜值和演技他已经有了，就冲着这人品以及人缘，他不火简直天理难容。是的，其实经过这次师生已经未播先火了。原来可能要很久才能上映，这次估计会缩短进程，毕竟已经大热了，不愁没有票房。不过他不会打算一直关闭着评论区吧？那咱们这些粉丝岂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连催更都没地方催。 也不能互动，这样是不是不利于他将来的发展啊？真是有够人性的，哈哈！但是我喜欢有个性。四月的小确幸没有啦没有啦，我刚才有悄悄私信妍妍哦，他说等有作品了就会开放评论区，并不是永久性的。真的吗？真的？可以看看截图吗？四月的小确幸可以搭截图 JPG。至此，温言再没登录过社交软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也是时候该回家去了。不过临走之前，他决定跟沈景和打个招呼先。二哥，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那我就先回家喽，祝你拍摄顺利。发完这条消息，温言就丢下了手机，准备去收拾行李。结果没想到，沈景和立即就回复了他：“开门，开门。”虽然有些疑惑，但温言还是拿着手机走到门后边，打从猫眼里一看，沈景和果真是在外面。温言立刻打开了门，惊讶道：“沈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沈景和还是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刚刚。那”那温言探头往走廊两侧观察了一下：“你过来找我，没人看见吧？”沈景和挑眉。 怎么害怕了？没有。温言嘻嘻一笑，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是担心你怕别人说闲话。沈景和冷吃，随后又给温言递了个塑料袋过来。诺，这个是给你的。温言瞬间睁大了眼睛，他竟然对我这么好的吗？听到温言心声的沈景和，周婆婆让我带给你的，说是山里才有的水果，是吗？温言有些好奇，又有些兴奋。那我可要赶紧拿出来尝尝了。你吃不？不用，我已经吃过了。那谢了。温言说完，做事就要去关门。 但沈景和显然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温言也没真打算就这样把他关在门外，所以沈老师还有什么指教吗？沈景和瞥了他一眼，这里没别人，你用不着阴阳怪气。温言，到底谁在阴阳怪气？冤枉啊！这怎么能叫阴阳怪气呢？我是说真的，沈老师还有什么事情吗？沈景和略有些尴尬的轻咳了两声，你刚才说感谢我？温言眨巴眨巴眼，对呀、啊，感谢二哥，谢什么呢？谢谢你帮我带水果来啊，就这，那不然呢？ 我请你进去喝瓶矿泉水，还是一会儿我给你点一杯奶茶，叫个烧烤，小龙虾，要不然还是小甜点吧。打住，没事就洗洗睡吧你。你温言轻笑，心想：沈景和这家伙现在肯定是在想，为什么我不感谢他和他工作室这些天来付出的努力。真是的，做了好事不留名，完了又想让人感谢他，也只有他这样的死傲娇能干出来这种事了。沈景和原来他已经知道了，合着刚才是在逗自己玩呢，但他可没让他感谢自己的意思，他只是想让他搞搞清楚。 他欠自己一个人情，不过他要是不先提的话，自己还真不好意思主动开口。算了，沈景和告诉自己，还是先回房间去吧。不信他能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结果他刚一转身，就被温言给叫住了：“沈老师，你等一等。其实周导已经告诉了我，这段时间你的付出真的非常感谢。你领导的工作室效率也是一流，我欠你一个人情。但是我目前还没想好应该怎么报答你，或者由你来提要求。不过请你吃一顿饭肯定是必须的，要不等你杀青回去了以后再说吧。你觉得呢？” 这还差不多，行了，不用送了。好嘞，沈老师您走好。并没有打算送呢，沈景和就不能给他一个关闭温言心声的按钮吗？躺上床之后，温言终于有时间给苏漾打电话了。这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苏漾也很关心他。这几天上网的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你二哥出道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因为这几天的热搜吗？是啊，现在想想，你二哥出道的时候好像很顺利，网络上基本上都是夸他的。可是轮到你情况就不同了。 一会儿涌出来一大批人骂你，一会儿又有一大批人出来拥护你，我这是看得又气又欣慰。气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诋毁你，可是看到有那么多人维护你、替你说话，我又感到高兴。那些人才是识货的，其他人眼光不行。嘿嘿，黑红也是红，这说明我火了吗？你还笑？不过妈妈还真没想到，这次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情绪居然这么稳定。我还担心你年轻沉不住气呢，才不会呢，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而且这次二哥也帮了我不少，是吗？ 苏漾立马来了兴致，他是怎么帮你了？快说说。温言这边将沈景和默默做的那些说给了苏漾听。说完，他又总结：我觉得二哥其实还是很看重亲情的，只是以前没有好的契机。这次我刚好跟他在一个剧组，虽然二哥很傲娇，那天当着你和爸爸的面说不会照顾我，可是我真遇到了困难他，他还是向我伸出了援手。所以，我相信以后只要制造合适的机会，就一定能够缓和二哥和家里的关系，我们所有人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指日可待。好炎炎，妍妍。 苏漾光是听着这话，心里就暖暖的。你真是我们家里的小福星，妈妈也看出来了，你和你二哥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以后可能还需要你多多制造机会了。放心吧，妈，你们对我那么好，给了我一个家，我一定也会为这个家做贡献的。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先前杀青了，你说要处理那件事，现在那件事也落幕了，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你们出门都快两个月了。温言本来想说明天的飞机回去，但他临时又改了主意，他打算给苏漾一个惊喜，所以他故意找了个借口。 可能还要过几天吧，还有一点小事情没有处理完。等办好了，我马上就回家。第二天下午，温言就回到了沈家别墅。而然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没给家里人惊喜，家里某个人就给了他一个惊吓。当温言推开自己房门的时候，居然看见沈芷柔正似笑非笑的坐在他的床上，而且看他那样子，好像正在等自己一样，真是绝了。那一瞬间，温言无语到了极点。他刚才进门的时候可是十分热情的和张嫂以及家里其他几个家政服务都打了招呼的，就算沈芷柔人在三楼。 肯定也是能听见这些动静的。他倒好，未经他人同意，私自跑到别人房间，坐了别人的床不说，听到别人回来了，竟然还跟尊雕像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温言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沈芷柔，这就是你的教养吗？你让我感到恶心，请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呵，出去。沈芷柔缓,缓缓勾起嘴角，看来到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身份还是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你要搞清楚一点，这里是我家，你住的是我家的房子，我家的房子，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温言一副见到智障的表情，不是，我看你这次出差不是去跟项目，而是去国外精神病院进修了吧？你病得不轻啊，国外的医生给你开药了吗？老外技术要是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中医，真的。你说什么？沈芷柔暗暗咬牙，面部肌肉小小的抽动着。我看你是真的不怕我了是吗？沈芷柔放着狠话，甚至还忽然站了起来。温言看了他一眼，不屑的轻嗤了一声。怎么你是伏地魔吗？我为什么要怕你？还是说你有传染病？精神病如果传染的话，那我确实还挺怕的。 哼，嘴巴挺厉害啊！沈芷柔狠狠瞪了温言一眼，可惜只是嘴巴厉害，并没有用。不如我先来帮你回忆回忆我们之间美好的过去吧。美好！温言翻了沈芷柔一个大白眼，我求你不要玷污这个词了，好不好？而然温言话音还没落下，就见沈芷柔从床上拿起一个本子，温言一下就认出来了，那是原身的笔记本。这可把温言给恶心坏了，你居然偷翻我的东西，你这是盗窃，是吗？沈芷柔却不以为然，我以为我是来找你这个好姐妹联络感情的。 你这本日记里提到最多的人是我呢，只是我没想到，你连写个日记都要藏得那么深。啧啧，真是个小可怜，被欺负的感觉不好受吧？还想不想再体验一遍？温言都快要没有耐心了，就这，你就只会说是吗？有本事你就当着爸妈的面把我从天台推下去。你要真敢那么做了，那我还能敬你是条汉子。这样吧，现在我就给爸妈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你当着他们的面让我再体验一遍差点被杀死的感觉吧。真的，我求求你了。说完，温言就去包里翻手机，沈芷柔却笑了。 别忙活了，在你回来之前，我已经打过你的电话了。你的手机已经关机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留着这本日记是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拿这本日记当证据吗？想用这个破烂玩意儿去爸妈那里告我的状？但是很可惜，这本破烂已经被我发现了。哈哈，沈芷柔得意笑着，并当着温言的面翻开了那本日记。看见没有？你回来的太晚了，里面的内容都被我撕掉，冲进马桶里了。你所谓的证据已经没有了。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一个人的嘴脸。 怎么可以难看成这样？亏得温言曾经还想要好好和他相处，真是比吃了屎还要恶心。对了，我看你最近好像闲得很，听说你搞了一个什么柴招娣的事件，怎么就那么想红吗？要不要我帮你曝光一下沈家养女的身份啊？说不定效果会比这个社会新闻好得多呢。沈芷柔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温言，顺手还点了一根烟。在烟味飘出来的那一瞬间，温言的耐心值彻底告罄，直接触底发出了警报。只见他轻轻把行李箱放到了墙边靠好，然后慢慢走到了沈芷柔背后。 最后重重的拽住沈芷柔的头发，一路把她给拖了出去。我看你也别叫沈芷柔了，改个名字叫珍尼玛话多吧。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我这人很少暴走的，可是他妈的看到你我就画风突变了。温言用力把沈芷柔摔到了门外，看到他像个巨型垃圾一样被丢出去的时候，温言心里有忽然爽到。可是回头一看，沈芷柔掉落的香烟正在燃烧他房间的地毯，温言就又不能忍了。他走过去，抬脚狠狠碾灭了烟头，然后弯腰把吸掉的香烟捡起来，重新把香烟嘴往沈芷柔的嘴里塞。 一边色他还不忘一边骂：“我让你抽烟，我最讨厌别人在我房间里抽烟了。你要抽烟就滚回你自己的房间抽去，没人阻拦你。”有那么一瞬间，你让我觉得自己很失态。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人，真尼玛话多。滚！一开始被温言摔个后脑勺着地的时候，沈芷柔的头是有些猛的。不过现在他已经缓了过来，开始挣扎并反抗。可他意外的发现自己竟然不是温言的对手，温言的力气好像很大。而且就在他准备还手的时候。 温言竟然还大声开口叫起了外援：“张嫂，张嫂，你上来一下，赶紧上来一下！”张嫂也立刻回应起了温言：“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沈芷柔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盯着温言看了好一会儿，却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了楼梯口。温言忍不住又翻了个大白眼：“你在干什么？你该不会是打算自己滚下去，然后在张嫂面前栽赃陷害我吧？我服了。”温言掏出口袋里的手机，之前关机是因为我在飞机上。 刚才多亏了你的提醒，我已经开机了。你滚吧，你就从这楼梯上滚下去，我全给你拍下来，然后我再自费给你颁发一个小金人奖杯，好不好？我真是醉了。还有，你要是真想搞什么小动作的话，那我现在宣布，我和你正式开战。却识动了这个念头的沈芷柔一言不发，默默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张嫂进温言房间的时候，温言正在捣鼓自己的录音笔。就在沈芷柔离开以后，他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自己房间里面安装摄像头了。顺便，他又庆幸了一下自己有随身携带录音笔的习惯。 说起来，这个习惯还是为了沈芷柔特意培养的。不过查录音笔的时候，温言突然发现自己这回是白高兴了，因为他忘了定时清理录音笔里的内容，导致了内存不够。也就是说，今天和沈芷柔发生的这一切全部都没录进去。刚好这个时候张嫂和他说话，他就把录音笔收了起来。张嫂问他有什么事，他指了指张嫂脚边的位置说：“刚才沈芷柔在我房间里抽烟了，烟头把我地毯烫了一个洞，麻烦你帮我换个新地毯吧。”张嫂诧异极了：“大小姐抽烟？”对，温言耸肩。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张嫂点头，是啊。那新地毯要重新选颜色吗？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和原来一样就好。好的，那我就先下去准备了。还有其他什么需要吗？没了，谢谢你啊，张嫂。等张嫂走了以后，温言这才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背。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大力士，只是上次在山里拍戏途中忽然被你大头抗走后，他产生了危机意识，这才有意识的开始健身。刚才摔完沈芷柔后，他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整个右肩因为用力过猛酸软无力。 揉肩时，温言的目光落在了床头的日记本上，这让他觉得自己刚才摔沈芷柔摔的还是不够重。不过还好，他早就给这个日记本拍过视频和照片了。假如以后他真能派上用场的话，拿着这本日记本的残骸和照片出来，应该也是一样的。同一层楼的另外一间房中，沈芷柔正坐在梳妆台前照镜子，看着被撕裂了一点的嘴角，她狠狠的咒骂了温言一句。其实如果不是网上曝光了柴招娣的事情，她现在应该还在国外干项目。以前在国内待着的时候，她就不怎么喜欢刷新闻，到了国外换了个环境。 他刷手机的时候就更少了，但是沈景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例外。他并不关心国内的娱乐圈，但沈景和的社交账号却是他的特别关注。因为关注了沈景和，所以他看到了柴招娣的新闻。在那个爆火一时的社会新闻里，他还看到了倪三水。这两个人，他一看到就恶心，实在令他蒙羞的存在。而偏偏这个社会新闻还是温言捅出来的。沈芷柔不知道这是凑巧还是温言有意为之，所以和养父母商议过后，他提前从国外回来了，处理好嘴角的伤口后。 沈芷柔忍不住打开了手机浏览器，在网上搜索起柴招娣的最新情况。他的事情是有人在跟踪报道的，因此想要知道他的近况并不难。网上说他最近恢复的很好，并且还晒出了一张他低头吃饭的照片。他吃饭的时候很安静，脸上也没有过多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正常人一样。侧颜甚至还挺漂亮。网友们在他照片下面就是这样评论的：“没想到啊，原来他侧颜这么好看！如果不是这几十年的摧残，他现在一定是个大美人。”是啊，你们没看到有大神用。 AI 修复模拟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吗？真的很漂亮，是能进演艺圈的那种程度。在哪？在哪？想看？直通车，@大神，他动态里面有发，看这里，看这里。我得到大神的同意，把照片贴在这里了。图片 JPG，哇，真的耶！这届网友诚不起我。她年轻时候如果真的长这个样子，那也太漂亮了吧！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美女？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时尚界有一个很溜的珠宝设计师，叫苏漾，非常有气质。 不过他在网上留下的照片很少，可是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里，我看过之后觉得柴招娣和她长得很像。别光说啊，照片发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等等，我去找找。找到了，图片 JPG。我 JP 操！卧<槽>看到对比图之前肯定不像，看到对比图之后，这要不是柴招娣和家里人做了亲子鉴定，我都要怀疑这两人是亲生姐妹了。我的妈啊，真的像！这同脸不同命啊。不过 AI 模拟的并不是真实的。 可能 A I 是参考了大设计师的照片也说不定。看到这些评论，沈芷柔连手都在颤抖。随后，她猛然抬头看向了镜子中的自己。是啊，四年前刚来到沈家的时候，他就是凭借着这张和苏漾有五六分相似的脸，打消了沈家和苏家不少人的疑虑。为什么这要巧是温言和沈景和把柴昭娣的事情给捅了出来？而温言也不再惧怕自己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沈芷柔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她赶紧又在网络上搜索起“柴招娣孩子”这个关键词。 在看到这个关键词下面并没几条结果的时候，沈芷柔大大松了一口气。之后，她立刻又打了一个电话出去，然后就有人在柴招娣和苏样对比图下面发出了新的对比图。这 AI 也不怎么样嘛！我自己模拟了一下，原来我也长这个样子，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这么好看耶！我把我祖奶奶的老照片也恢复修复了一下，生成出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怕不是模板吧？不是，你们谁都没有我这个离谱！我把我爷爷的照片弄了一下，居然也是差不多这个模样，这很难评啊！可我爷爷是国字脸。 这让我爷爷情何以堪啊！求你们用的什么 app 模拟的、啊？求名字，我也想试试蹲一个，我也想试试。这个链接进去下载的，你们也去试试吧。然而网友点进那个链接，却发现是个空白页面。但发链接的人却声称自己刚才还可以下载，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现在整个 app 都崩溃了。至此，这个话题也就进行不下去了。而那两张照片的对比似乎也没了可信度。二小姐都弄好了，你看看满意不满意？如果觉得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再换。 没想到库房里没有一模一样的地毯了，不用换了，这个颜色也不错，我很满意。温言房间里的地毯很快就被更换一新，换完之后，他和张嫂一起出了门。这次他学精了，哪怕只是下个楼，他也不忘将房门锁住。听到他和张嫂有说有笑的，两个房间之隔，神芷柔不禁竖起了耳朵。神芷柔对此很是不屑，这个该死的温言，居然连家里的一个保姆都要费心思讨好，他反正是做不来这种事情的。哪家的千金小姐会主动放下身段去和一个保姆说笑？ 真是恶心，偏偏苏漾好像还挺喜欢他这样的性格。这个温言真的是越来越碍事了。温言下楼是为了给苏漾准备一个小惊喜。做饭他不拿手，但是切点水果摆个果盘还是在他能力范围内的。因此，苏漾和沈远一回来就看见温言端着一个精致的果盘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爸妈，surprise！温言笑容明媚，像个小太阳一样窜到了苏漾跟前。嘻嘻，没想到爸爸和妈妈今天是一起回来的，让我来猜一猜。 一定是我们沈先生下班之后特意去接苏女士回家的，对不对？错。苏漾拉着温言的手上下打量。今天是我去公司接你爸的，因为我刚好在外面谈合作，谈完之后就直接去了你爸公司。哎呀，妈妈的宝贝女儿瘦了，你在那深山老林里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饭？我给你们导演投资就是希望他对你好一点，结果你还瘦了。还有，你这个小兔崽子，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说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好，暂时不回来吗？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温言嘻嘻一笑，一边拉着苏漾去沙发上坐。 一边解释说：“因为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虽然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可如果生活太过平淡，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我觉得制造惊喜很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不信你吃一块水果看看。但是这最上面的一块一定要小心，插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太用力。”苏漾一脸的惊讶：“为什么？这水果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不成？”“那倒没有，就是普通水果做的。妈，快点吃嘛，吃了就知道了。”温言迫不及待给苏漾递过一根水果叉，看他这副模样。 苏漾甚至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那如果我弄坏了怎么办？哎呀妈，也没那么容易弄坏的，弄坏了也没关系。你快点试试，好吧？怀着一颗忐忑而期待的心，苏漾小心翼翼插起了果盘最面上的一块红心火龙果。随着这块火龙果的离开，下层的条状果块忽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片一片倒了下去。虽然其中有两片没有成功，但是不难看出，那是一个红色爱心的形状。哎呀，居然是个爱心！苏漾出生在富贵家庭，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缺。 什么好东西他没见过，但此时此刻他却被养女的这颗水果爱心给击中了。老公，你快来看，真的好浪漫！我们妍妍真是个小天使，快帮我拿下包，我拿手机出来拍个照。一旁候着的张嫂听到苏漾的话，立刻就把她的包给递了过来，顺口又说：“二小姐下了飞机回到家里都没休息，就开始准备这个果盘了。跟着手机上的视频一摆摆了好几个小时，我一看视频的时长就已经没耐心了。可二小姐却坚持下来了，说一定要给夫人您一个惊喜。好炎炎，妍妍。” 苏漾很感动，我太喜欢你这个小浪漫了，谢谢女儿，快来给妈抱抱，快两个月没见我，我都想你了，嘿嘿。被苏漾搂进温暖又馨香的怀抱里，苏漾忽然也觉得好幸福，并不忘关心一家之主，爸你也吃啊，我洗了你爱吃的葡萄，我们妍妍真乖，苏漾忍不住又赞了一句。说实话，他都很想把那个爱心果盘的照片发朋友圈，不过仔细想了想她，他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想让芷柔觉得自己厚此薄彼。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些敏感，他不想只夸其中一个。 却把另外一个晾在一边。对了，妍妍，苏漾拉着温言的手，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侄儿回来了，你知道吧？他今天应该一直在家里。你们两个见过面了没有？岂止是见过，还打了一架呢。不过温言并没有把打架的事情说出来，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嗯，回来就见过了。不过他好像挺忙的，忙着翻别人的房间和日记本，所以我就没怎么和他说话。不是说他去国外出差要跟进一个项目，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那是因为苏漾一句话才起了一个头，沈芷柔的声音忽然就自他们身后响起来了：“爸妈，你们回来了，我刚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就下来的晚了。”其实一听到车子开回来的声音，他就从自己房间里出来了，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该死的温言居然背着他偷偷在厨房准备惊喜，搞了一个什么爱心果盘，真是土死了。偏偏苏漾就吃他那一套，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沈芷柔心里阴暗到了极点，面上却笑得格外温婉乖巧。 只见他主动坐在了苏漾的另一边，笑着和苏漾拉起了家常。妈，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待那么长时间。一开始过去的时候，我真的好不习惯。你们都是怎么克服的？外国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是大相径庭。那你这回就跟妈好好说说。之前给你打电话，你总是在忙工作。我想努力一点，把工作做好吗？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家里关系才得到这个职位的。好孩子，有志气，妈妈为你感到骄傲。沈芷柔不停地找苏漾说话，偶尔看温言一眼，那神色中不乏挑衅。 他以为温言会嫉妒，会吃醋，可是温言只会在心里诚挚的感慨啊，苏女士真的好温柔啊，对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真幸运，命运之神给我分配了这么好一个妈妈。听到温言这样的心声，苏漾心都要化了，并且还隐隐有些自责，因为一直在和芷柔说话，她都没空搭理刚刚从大山里飞回来的温言了。可是这孩子心里却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在夸赞她这个当妈妈的好。苏漾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术，不然一定分一个身出来专门慰问慰问温言。不过还好，老公和她心有灵犀。 沈远似乎知道苏漾心里在想些什么，主动问起了温言话：“妍妍，这两个月的拍摄怎么样？面对摄像机还习惯吗？”“一开始是有些不习惯的，不过渐渐的就掌握到了精髓。虽然我的戏份不多，但是导演的要求很严格。通过这次机会，我学到了不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慢慢累积，你一定会成功的。”“嗯，谢谢老爸鼓励。”“哈哈，原来不怒自威的沈先生鼓励起人来是这个样子的，有种严肃的真诚感。”沈远默默的摸了一把自己的下巴。 严肃脸，这个他是真没办法，这是家族遗传，孩子们的爷爷和太爷爷都这样。饭后，沈远去了书房，大厅里就剩下温言、苏漾和沈芷柔三个人了。温言其实已经很疲倦了，急需回房间去休息。但是就在他开口准备离开之前，苏漾忽然问起了沈芷柔养父母的事情。对了，芷柔，你养母现在怎么样了？手术打算什么时候做？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商量一下，给他换一家更好的医院吧？一听苏漾这么说，温言顿时就明白了。 原来沈芷柔这次提前回来是因为她养母的病情，但是不得不说她真的有毛病。养母病了，她不去病床前守着，居然跑回来翻了他的房间，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怀着什么鬼胎，在打什么鬼主意。沈芷柔则是立刻回答苏漾说：“谢谢妈，不过不用麻烦你和爸的。医院这次确实是准备换，不过不打算在国内找了。我听养父的意思是打算到国外去做开颅手术，那边技术更加成熟一些。去国外啊？那不是要提前很久排队？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国外的医疗系统和咱们国内不一样，哦、oh,，我也是才听我养父提起的，说是国外那边有亲戚，手术时间的安排没问题。苏漾点点头，你养父养母这些年来也不容易，那经济方面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不用的，妈。沈芷柔连忙拒绝，他们自己有积蓄，可以负担起的。其实这也是我养父母的意思，他们特意交代过我，不许我从家里拿钱补贴他们，他们怕我为难。但其实这个家里根本就不会有人为难我，因为我的家人都对我很好。 沈芷柔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苏漾的泪点很低，见女儿这样，不禁又想到他在外漂泊的十年，瞬间也有了泪意。他是从来没有怀疑过沈芷柔，但温言不得不质疑，现在他和苏漾所看到的一切是否都是沈芷柔装出来的？他默默抽出了两张纸巾，给苏漾和沈芷柔各自递了一张过去。苏漾正常接了过去，沈芷柔的脸色却变了，她眼泪都还没掉下来，温言这个贱人凑什么热闹，送什么纸巾？这里有她什么事？她为什么还不滚啊？ 温言是无法得知沈芷柔内心所想，他要是知道的话，非得笑眯眯给沈芷柔半个鬼脸，吐个舌头，略略略他一下。不过沈芷柔越是说的天花乱坠，温言就对他的父母越感兴趣。他决定搞点事情。妈，既然如此的话，要不咱们家抽空去看看阿姨吧？上次你生日的时候就听说阿姨生病住院了，但是我们家里人好像一直都没有去探望过。对，苏漾皱眉，本来生日过后我打算去的，但是工作室有个设计出了问题，忙了一段时间我就给忘记了。 没想到现在他的病情又恶化了。芷柔，苏漾转而看向沈芷柔，那你安排一下吧，越早越好，最好就这几天。你跟你养父母打声招呼，我和你爸也好去探望一下你养母。这是于情于理，沈芷柔都没有办法拒绝，因此她便答应了下来。好，那我一会儿给我养父打个电话说一说。但是妈，你时间方便吗？病人为大，我的时间相对自由，很好安排的。沈芷柔点头。那好。紧接着温言就又开口了，那也带上我吧，芷柔。 我也想向阿姨表达一下家里的关心。温言说着，又看向了苏漾，妈：“我也想去。刚才芷柔还说，叔叔阿姨怕她在家里为难吗？芷柔回来这么些年，叔叔阿姨也没来过我们家，都不知道咱们家里是个怎样的氛围。这次我也去，叫他们看看我和芷柔之间的姐妹关系有多好，也免得阿姨去了国外做手术还替芷柔担心。芷柔，你说是不是？”说完，温言就主动拉起了沈芷柔的手。他甚至还在心里想着，下部戏要不接一个死绿茶角色来演一演吧，毕竟自己好像挺有演绿茶的天赋。 只是温言能不能接到死绿茶的角色还未可知，沈芷柔的脸色却是实打实的绿了。偏偏这还是温言的好意，她都找不到理由拒绝。沈芷柔只好咬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是啊，我们两个是好姐妹。嗯。温言笑眯眯，那你现在就去打电话吧，早点落实下来。你说呢？沈芷柔脸上也堆了一个温婉的笑。好啊，那我过去打个电话。两分钟后，沈芷柔回来了。妈，那时间就安排在大后天上午吧，可以吗？可以的。 刚好大后天我没什么要紧的事，不过你爸那边恐怕还要再核实一下行程，毕竟大后天是工作日。妍妍，你呢？那天你有空吗？有，我现在是待业状态，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接下来的两天，沈芷柔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在医院照顾养母，直到第三天早上，她才出现在沈家的餐桌上。沈远因为有重要行程不能更改，所以去不了医院，一会儿就只有他们三个过去。刚上车准备出发，温言的手机就滴滴滴响个不停。妍妍，你的手机好热闹。 是不是谁找你有急事？苏漾提醒温言看手机。温言本来正在和苏漾说话的，现在听他这么说，便就从包里拿出了手机，打开微信一看，原来是剧组群里的消息。之前因为拍戏忙，所以这个群就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之所以又复活过来，是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离开 H 省，回到 A 市了。那边的戏已经拍完，剩下的需要在 A 市完成。一些和温言一样已经杀青的演员，比如王彻，这会儿也在群里说话，问到时候能不能去探班，或者有没有空聚个餐之类的话。 导演说可以，又问最近都有谁在试。王彻积极报名，顺便还艾特温言。温言看见就回了一句。不过他把所有消息都翻看了一遍，都没有看到沈景和的任何发言。正纳闷着，他忽然想起来，原来沈景和压根就不在这个大群里。这个群是当时培训方言和手语时同组的一个演员面对面拉的，大家咖位都很低，压根就没人敢去邀请沈景和。于是温言就私聊了沈景和一句：“好久不见，JPG 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听说那边的所有戏份都已经拍完了，沈景和很快就回复了温言，应该是明天，具体还不清楚。有事？没事啊，就是问问看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起聚一聚嘛。到时候再说吧，我还有事，先忙了。好滴好滴，拜拜啦。温熄手机的时候，温言脸上还带着个淡淡的笑。苏漾见了忍不住问他：“妍言在和谁聊天呢？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是不是这次你在剧组交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嗯，朋友确实是交到了一两个，不过我刚才是在和二哥聊天。” 温言笑盈盈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外省的拍摄戏份已经结束了，二哥大概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吗？这对苏漾来说果然是一个好消息，他听到之后很高兴。那等他回来我问问他，叫他回来吃顿饭，刚好芷柔也回来了，我再问问看你们三哥出差回来了没有？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了。说完苏漾就拿出手机给三儿子发消息，不过很遗憾，只听苏漾叹息了一声，说道：“你们三哥还在外面出差，估计这段时间都没空回来了。” 提到三儿子沈景城，苏样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不知不觉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车子也很快就开到了沈芷柔养母赵金所住的医院。这是温言第一次见沈芷柔的养父母吴鹏和赵金夫妇俩。吴鹏长得高大彪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好相处。不过他的言行举止倒是和他的外表大相径庭，说起话来客客气气的，脸上总是堆着笑。而沈芷柔的养母赵金看起来就随和多了，但也许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她说起话来有些没力气。温言和他们打过招呼后就没怎么再说话。 苏漾和他们倒是有共同话题，结束了一开始的问候后，他们就聊起了沈芷柔。刚开始，温言还认真的在听，想看看能不能从这对夫妇口中听到一些反常的事情。但是几人说来说去，全是围绕着沈芷柔的好脾气和优秀。哦，温言听要吐了。要么沈芷柔自己藏得太深，要么就是他的养父母在帮他隐瞒。就他那样的，根本就算不上好脾气，说他会见歇性发疯还差不多。温言的心思渐渐脱离了病房中众人的谈话，目光也投向了病房外。忽然。 门外路过了一张略熟悉的脸，是他，上次在超市里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给了他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的男人。温言赶紧跟病房里的长辈们打了一声招呼：“妈，叔叔，阿姨，我去一趟洗手间。”出了病房后，温言立马快步跟了上去，一直到拐了个弯走进了另外一条走廊，确定病房里人听不见他的声音后，他这才一路跑上前去拦住了那个中年男人的去路。“你好啊，汪先生。”忽然被拦路的汪健愣了一下，操着一口方言问道：“哎，你是哪个啊？我们认识吗？” 温言面上笑盈盈的，汪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概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城南区的一家超市见过，当时你在超市里把一个年轻女人认错成一个什么赵老板的女儿，我后来还找你要了你的电话号码呢。怎么样，汪先生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你刚把电话号码给我，你妻子就抱着孙子来找你了。哦，汪建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啊！我想起来了，那我们之间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居然今天在医院里又见面了。温言笑了笑。 其实当天晚上回家，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想约你出来坐坐，问你一些事。可是没想到你的电话一直是停止服务的状态，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你给错号码了吗？那不可能！汪建一甩手，你说停止服务，那就绝对不可能弄错，那就是我的号码。温言无语极了。那汪先生，你是因为不想给我联系方式，所以故意给我一个停机的号码吗？没有没有，那倒没有，没有的事情。汪建忙矢口否认。你有所不知，那张电话卡我是放在一个备用机里面的。 结果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的备用机不小心被我孙子给泡水了，结果手机就报废了。我把电话卡拿下来也没再安上去，反正就是一张备用卡，我也没想着再去买一个新的。他没说的是，因为他拿着那个备用机一直刷美女跳舞，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他老婆一气之下就把他备用机给砸了。温言也接受了他的这个解释，反正不接受他号码停机是事实。原来如此，那是我误会你了，汪先生。不知道你现在方便不方便，我想找你聊一聊。这一回，温言说话时用的是和汪建一个地方的方言。 听到这熟悉的腔调，汪建十分惊讶。“啊？你也是 H 省的吗？老乡啊！”温言仍然是一副笑模样。严格说起来并不是，但是我阿婆是 H 省的，在 H 省的方言里，阿婆就是外祖母的意思。汪建一听，笑着说：“那你也算是四分之一的 H 省人了。”这出门在外，见到老乡格外亲热。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我现在有时间，刚看完一个病人，朋友准备回去，没想到就碰到了你。那真是太好了，要不我们找个人少的地方聊吧？行啊。 刚才推我朋友下去散心的时候，发现这家医院环境不错，底下有长椅，还挺安静的。诚如汪建所说，这家医院住院楼的环境不错，绿化环境很好，到处葱葱郁郁的。两人选择了一处安静的长椅坐了下来。温言很快就跟身边的男人套起了近乎：“汪叔，你是 H 省哪个市的呀 z 市。”“真的？这要巧吗？我阿婆也是。我方言讲的不太地道，但是我感觉你说话口音和我阿婆说话的口音简直是一模一样。”“她是第九县人，你呢？”“巧了吗？不是。” 汪健一拍大腿，兴奋道：“我也是第九县的，我老家山里人，我阿婆也是，她是白山那边泗水村的。你呢？泗水村啊，我知道，不过我不是泗水村的。泗水村在我们白山山脚下，我老家在山里面，我是三队的。我们一共六个队，从一到六，数字越大越靠山里头。巧，真是太巧了，还真是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话。”温言心想：“这个世界真不愧是个小说世界啊。”那王叔，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什么事？就是那天在超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突然问一个年轻姑娘，问她是不是赵老板的女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哦，你说那个呀？其实后面我也不太确定了，就是第一眼的时候看着比较像。他说不是，我想那就应该是我认错人了吧？那我能问问那个赵老板是什么人吗？男的还是女的？女的，那他叫什么？你知道吗？该不会是叫赵金吧？赵金？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叫赵老板。 我当时见他还是六七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还在老家靠山吃山，没出来打工。这个赵老板呢，就来我们山里招工。他说他是开服装厂的，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十五六岁的样子，说是寒假带孩子出来体验生活。他又不是我们山里人，对山里的村子并不熟悉，所以他经人介绍就找到了我。他让我帮忙联系人，招到了工人就按人头给我算介绍费。这是一个好差事啊，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也确实是帮他张罗了一二十人吧。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你好像对这个赵老板很感兴趣。听完这些，温言笑不出来了，他的眉头渐渐紧皱，因为汪建和泗水村周婆婆所说全部重合了，也就是说，他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温言看向汪建，面上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那汪叔，我还想再问问，就你帮忙招到的那一二十个女工，应该都是女工吧？他们后来赚到钱了没有？对啊，服装厂嘛，肯定只招女工了。赚没赚到钱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没回来。那这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原因吗？ 我不知道啊，这我哪知道？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里很穷，也有几个是寡妇，可能他们在外面赚到了钱，就不想回那穷山沟沟了吧？现在农村本来就没什么人了，大家都在外面讨生活。那有些人上有老下有小，难道他们连自己的孩子和父母都不要了吗？唉，汪建叹了口气，忽然压低了声音：“当时村里人也是这么议论的，都觉得奇怪，怀疑是进了传销组织什么的。不过这事可不是我干的啊，跟我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汪建立刻撇清关系。 我那个时候也就是帮忙联系人，我一早就和他们说了，完全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一个人我拿五十块钱的介绍费，我统共也没拿到多少好处。那么多人一去不复返，温言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有猫腻。这样，汪叔，虽然你不知道那个赵老板叫什么名字，但如果再让你看见他，你还能认出他来吗？应该能。老实说，我对他印象还挺深的。那天他给我的介绍费足足有两千多块钱，一天啊，一天之内拿到两千多块钱，他亲手递给我的，我肯定忘不了他的样子。那好。 我给汪叔你发个两千块钱的红包，你帮我上楼去认个人好吗？什么人？赵老板啊！两千块钱，汪建虽然心动，但他是个鬼精的人，一下就警惕了起来。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认他？他犯什么事情了？你是在调查他吗？姑娘啊，你们的事情我不掺和的，不掺和，不掺和。温言连忙出言安抚，我就只要说你一句话，是或不是，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你做。我们加个微信，我现在就可以先把钱转给你。汪建最终被温言说服。 两人互相加了微信，温言也遵守约定给他转了两千块钱。加了微信之后，温言立刻将他的微信号找出来截图保存，以防以后被他拉黑删除找不到人。随后两人就起身离开了长椅。这个点周围很安静，基本没什么病人会过来闲逛。但温言和汪建两人谁也没注意到，茂密的绿化带后面藏了一个人。两人很快来到了沈芷柔养母赵晶的病房外面。这个时候的病房门是关着的，但是透过门上的玻璃还是能看清楚里面的人。给汪建时间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 温言把人带到了安全通道。怎么样，汪叔？你看清楚了没有？病床上的那个人是六七年前你打过交道的赵老板吗？在温言急切而又期盼的眼神下，汪健并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说：“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年轻女的也在。那天在超市的时候，你们好像就是一起的。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还以为能听到答案，结果他倒是先问起问题来了。温言微微皱起了眉头：“汪叔，刚才在楼底下的时候，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说并不想掺和这件事情。” 怎么现在反倒打听起我们的关系来了？汪建摸了摸头，你以为我真想掺和呢？你不说也行，那你能告诉我那个年轻女的和病床上躺的那个女的是什么关系吗？温言摇头，这个问题我反倒是希望由你来回答我。我行吧，行吧，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了。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他们两个是母女关系，那我就能肯定六七年前我在老家见过的那个服装厂的老板就是病床上的这个女人。其实你单单叫我认病床上这个女人还是有点不确定的，因为觉得这个女人太瘦了。 脸上全是骨头，都有点脱相了。你要让我给你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我还真不敢百分百确定。但这两女的在一块，那肯定没错。当年我见到的绝对是她们母女俩。你就跟我说吧，她们两个是不是一家人？行，温言点头。汪叔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今天谢谢你了，这件事情暂时就到此为止吧。可以啊，汪健哈哈一笑，并晃了晃手机。以后要还有这种赚钱的好差事，记得找我。温言礼貌的笑了笑，好啊，只要汪叔你别再失联就行了。 两人就此分别，一前一后离开了安全通道。很快，温言就回到了病房。苏漾轻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了？是有哪里不舒服吗？怎么去了这么久？”温言撒了一个小谎：“没，上完洗手间之后有些口渴，所以我就去买了瓶矿泉水喝，然后就回来晚了。”苏漾点点头，又说：“刚才医生来过了，说你赵阿姨需要休息，我们也该走了。”温言哦了声，立刻起身跟病床上的女人打招呼：“赵阿姨，今天多有打扰，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 病床上的赵晶笑了笑，看起来分外温和，亲和力十足。谢谢你，孩子，辛苦你们跑一趟了，让芷柔送送你们吧。不用了，苏漾说道。芷柔这次去国外出差，你们也好久没见了，让这孩子多陪陪你吧。推辞了一番，沈芷柔将苏漾和温言送到了病房门口。而从回到病房再到离开，温言发现沈芷柔的养父吴鹏一直都没再出现。母女两人很快乘坐电梯下了楼。刚走到自家车子前时，苏漾突然惊呼了一声：“看我这破记性，手机放在病房里忘拿了。唉”哎。 真是糊涂了，我这还没老透呢，不老不老，我妈看着就显年轻。这种事情就算是在年轻人身上也是常有发生的。温言一边替苏漾拉开车门，一边说道：“我回去拿，妈你先在车上休息一会，我很快就回来。”温言快再次回到了赵晶的病房门口，因为心中早就埋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所以他并没有直接敲门进去，而是悄悄站在病房门前干起了偷听墙角的勾当。这一回，沈芷柔的养父吴鹏回来了，病房里一共就他们三个人。 病床上的赵金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样子，和之前笑脸相迎的时候判若两人。沈芷柔则是紧皱眉头，板着一张脸，看起来十分严肃。而反应最大的是吴鹏，一开始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隔着一扇门，温言听得并不清楚。但他好像越说越激动，声音也逐渐变大。这么一来，温言也听清楚了。他听见吴鹏说：“他明显是已经开始怀疑了，我们必须得马上离开，出国的事情不能再拖了。”谁在怀疑？为什么必须得马上离开？只可惜后面就没有然后。 几人小声嘀咕了几句以后，吴鹏就彻底没了声音。温言又在门外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他就轻手轻脚离开了病房。然后他又拿出手机拨打起了苏漾的电话，算是给病房里的几个人提个醒他。他马上就要过来拿手机了。病房里的三人听到苏漾的手机铃声，皆是一惊。沈芷柔看了一眼说，说是温言打来的，估计是苏漾把手机落在这里，让他过来取。一会儿你们可不能说错话。于是当温言敲门进去的时候，迎接他的依然是一张张笑脸。把手机拿回去之后。 他们母女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做了一个全身 spa。苏漾心疼温言在山沟沟里待了两个月，所以特意带他来保养一下。按摩的时候，苏漾顺便给沈景修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下了班回家吃饭。沈景修算是苏漾四个儿子里最听父母话的一个了。苏漾特意打电话叫他回家，如果没有应酬的话，他一般是不会拒绝的。回到家以后，温言一头扎进了自己房间，他打开了好久不用的笔记本电脑，在网上搜索起 H 省白山地区的失踪案件，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紧接着，他又在网上搜索起吴鹏和赵晶以及他们所开的服装厂的讯息。服装厂的法人是赵晶，和苏漾之前给他看的资料上一致。但是在搜吴鹏的时候，温言发现了一个叫吴小鹏的人。温言不能确定这个吴小鹏和吴鹏是否为同一个人。但巧合的是，他在赵晶注册服装厂的同一年，注册了一家皮革厂和食品厂，并且又在四年前，也就是沈芷柔回归沈家后，这两家工厂宣布了破产。当然了，这也有可能单纯就是巧合，可温言就是觉得怪怪的。 同时，他心里也有数，只凭他自己一个人在网上无头苍蝇一样搜查是很难取得进展的。可是谁又能帮他呢？沈远和苏漾目前不太合适，在还没有理清楚头绪前，就让他们也掺和进来，那就是添乱。正想着这些，张嫂忽然来敲门：“二小姐，夫人请您下去一趟。”“好的，我这就来。”温言立刻清除了笔记本电脑上的浏览记录，跟着张嫂一起下了楼。“妍妍，快过来！”电梯门一开，苏漾就朝温言招手。温言闻声向苏漾的方向看过去。 这才发现沈景修居然也在，大哥回来了。沈景修冲温言点了下头，算是做出了回应。苏漾觉得大儿子的话实在是太少了，便补充解释道：“你大哥今天有个行程临时取消，他人又刚好在外面，又顺路，所以干脆就回来了。这是 C 家今年的冬装新款，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苏漾说着，随手递给温言一本某家奢侈品品牌的册子。温言接过册子，在苏漾身边坐了下来。他不禁感慨：这秋天才刚刚开始呢，冬装就已经要发售了。而沈景修此刻正坐在他对面。 手里也拿着一本册子在翻，要是搁平时，温言肯定兴致勃勃。不过今天他心里有事，干什么都兴致缺缺。他一边心不在焉的翻着手中那精致奢华的册子，一边想：沈景修一定有很多人脉吧？如果拜托他的话，是不是能事倍功半？沈景修翻册子的手不动了。虽然他不怎么关心娱乐圈的事情，但是这两个月网络上关于温言的腥风血雨，他多多少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全网黑也不为过。但据他所知。 他竟然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向家里求助，那么现在他又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呢？居然让他产生了向自己求助的欲望。沈景修忽然有些好奇，并隐隐开始有些期待了。但是紧接着，温言的心声就变得奇怪了起来。不行不行，我不能找沈景修。沈景和说过了，沈芷柔和他的关系很好，所以我找他肯定不合适。沈景修其实是小时候关系好，后来就变了。他本身不善表达，而芷柔也不像从前那样爱粘人了。可是找不找他帮忙，跟他与芷柔之间的关系。 又有什么关系呢？沈景修上次陪我口红的时候，还顺带送了沈芷柔一箱，可见他对沈芷柔这个妹妹是很好的。我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沈景修，难道他和芷柔又在打擂台了吗？听说他今天才跟着一起去看望了芷柔的养母。哎，大哥不行，要不就找二哥吧。他和沈芷柔的关系好像一般般。沈景修微微皱眉，需要他搞定的事情，沈景和不一定能行。他到底要干什么？不过这之后，温言就不再有心声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已经拿出了手机。 开始联系沈景和，二哥二哥，航班定了吗？你明天什么时候到 A 市啊？沈景和，航站楼照片 JPG 已下飞机。温言，你提前回来了，太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见个面吗？你回来或者我去找你都行。沈景和，什么事？温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微信上不方便说。沈景和，那就家里见吧。保洁阿姨说我家水管不知道哪里漏了，物业正在排查抢修。温言，这还是惜字如金的沈家二少吗？回家就回家嘛。 又没人会笑话他，还要解释这么多。温言在表情包里挑挑拣拣，最后发了一个傲娇的表情过去。沈景和反手就回了他一个翻白眼的表情，那表情很形象。温言仿佛看到了沈景和翻白眼的样子，忍不住轻笑出声。他这一笑，瞬间吸引了家里其他两个人的目光。什么事这么开心？见孩子高兴，苏漾嘴角也展开一抹笑容。温言嘻嘻一笑：“妈，二哥一会儿回来哦，他提前回来了，现在已经下飞机了，是吗？”苏漾笑得更加开心了。那我让张嫂夹菜。 嗯，那我继续看，感觉到很快就会多一个盟友，温言的心情不禁放松了许多。他也开始认真看册子了。别说，还真有两套是他特别喜欢的。等苏漾回来后，母女俩就讨论起了今年的新款。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沈远和沈景和父子俩居然同时踏进了家门。苏漾惊讶：“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门口碰到的沈远虽然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但此时此刻说话的语气和平时相比，明显温和了许多。沈景和难得也没出言相对。 全家人等他稍作休整后，和和气气的吃了一顿晚饭。晚饭后，苏漾又和沈景和聊了一会儿。温言趴在三楼的楼梯栏杆上，看见他们母子俩分开后，才给沈景和发了消息：“二哥，二哥，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现在好嘞，那我马上去找你。”温言走楼梯，沈景和坐电梯。因此，等温言走到沈景和房门口的时候，他人已经在里面了，并且房门也是半开着的。温言知道他这是给自己留的门，象征性的轻敲了两下，就走了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同一层楼的沈景修刚好从书房里出来，看见这一幕，他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果真去找了沈景和，也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坐。见温言进来，沈景和随手指了指房间里的一张单人沙发。你说找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温言眨巴眨巴眼，那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我说了，你不能生气。沈景和微微撇过头，说话就说话，别装可爱。温言笑了笑，我这不是想着伸手不打笑脸人吗？快说，那你答应我了吗？ 你不否定的话，那我就算你是答应了呀。那我就说了，首先我向你坦白这件事情，我目前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妈也没说。以前你不是说不管我和沈芷柔怎么闹，但就是不能惹妈生气吗？所以我没有告诉妈。沈景和挑眉，所以你说的这件事情和沈芷柔有关？温言点头，不错。事情是这样子的，温言把原生日记里发生的事，以及沈芷柔双面人的表现，包括他对沈芷柔养父母的种种怀疑，事无巨细，全部都告诉了沈景和。沈景和是一个合格的听众。 温言说了半个多小时，他除了眉头越皱越紧和偶尔点头之外，竟然没有在中途提出任何质疑来打断温言，搞得温言都紧张了起来。他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面试，而面试官似乎对他并不感兴趣，只是礼貌的在等他说完，然后摆摆手叫他滚蛋而已。所以讲完之后，温言立刻就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没事找事，故意抹黑沈芷柔？沈景和沉默着，眉头皱得更紧了。温言早就猜到结果可能会是这样，但是他觉得或许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他忙翻开自己的手机相册，把里面的照片展示给沈景和看。真的，我没骗你。你看，这里还有我日记的照片。本来我是可以拿原版日记本来给你看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的日记本被沈芷柔给撕了，死无对证了。沈景和伸手接过了温言的手机，温言紧张地盯着他的脸看，力求不错过他面上的任何一个表情。也不知道他看到哪一页日记了，总之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那就是年轻版的地铁老人看手机脸。最终，沈景和终于开口了。 他盯着温言，眉头紧皱的几乎能夹死蚊子。你说沈芷柔她喜欢我，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温言震惊脸，不是大哥，这是重点。合着我说的口干舌燥，讲了半个多小时，你就抓住了这个点。我现在就想问你，你信不信我？沈景和皱着眉头，将手机递还给了温言。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他绝对有问题。那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我指的不是他喜欢你这件事，而是我刚才所说的全部，我对他真实身份的质疑。你怎么看？ 你想听真话吗？当然了，他回来的时候，爸妈就已经跟他做过亲子鉴定了，而且你也看到了，他跟妈长得很像，包括小时候一些重大的记忆也没有错。所以从这些事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的质疑不成立。好吧，温言整个人肉眼可见的蔫巴了下去。打扰了，谢谢你宝贵的时间，晚安，好梦。说完，温言就站起了身，一副准备离开的样子。可沈景和却在这个时候叫住了他：“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咋的，还有假话没说是吧？” 也不能说是假话，但可以说是我的一些直觉。什么直觉？温言忽然觉得事情可能有转机，瞬间被打了鸡血，一屁股又坐了回去。沈景和被他这一秒判若两人的样子给逗笑：“你可真行，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总把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嘿嘿，都是一家人嘛，何必这么见外？又不是外人。”“快说快说，二哥你有什么直觉？和你差不多。他回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她不是我妹妹。”“怎么说？”温言睁大了眼睛，一脸的期待。 结果沈景和兜头就泼了他一盆冷水，没得说，都说了是直觉。温言服了，我的直觉好歹还有具体事件支撑，他的直觉是真直觉。沈景和瞥了他一眼，你那是什么表情？你到底还要不要我帮你？你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应该是想让我帮你一起查吧？温言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对对对，我能力、财力和人脉都有限，很多头绪没有办法深挖。沈景和挑眉，嗯，看来某人又要欠我一个人情了。可是话也不能这么说吧，二哥。 不管家里现在这个人是真是假，可沈芷柔总归是你亲妹妹，也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嗯，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和车，肩膀好酸，是吗？那我来给你捏一捏，行吧？好嘞，这个力道怎么样？舒服吗？还行，再用点力。好的。温言面上笑眯眯，心里却把沈景和给骂开了花。啥玩意儿？我的行动怎么比我脑子快？我干嘛给他按摩？那也不是我亲妹妹啊！呜呜、哦，该死，竟然被沈景和这次给拿捏了。报复，终有一日我要报复回来。 走着瞧吧，沈景和，这个奸总有一天你得给我按回来。沈景和笑，按奸是不可能按奸的，谁让他总在心里吐槽他，该他按这一回。不过沈景和也没过分蹂躏温言，在他内心暴走之前，沈景和主动叫了停。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说说看。一解放双手，温言立刻就坐回了沈景和对面，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如果我的怀疑是真，那么之前那份亲子鉴定肯定是有问题的。沈景和点头，那就去拿他的生物样本。 你最近不是没有工作，每天闲在家里吗？趁他不在的时候，你去他房间找几根脱落的头发。做不到，他的房间随时上锁，但凡他出门就一定会把门锁起来。而且他房间向来是自己打扫，家里保洁阿姨从来没进去过，这有点反常了吧？听张嫂说，是以前在养父母家庭那边养成的习惯，他小时候也这样吗？应该没有吧，我忘了这种小事谁记得？那他吃饭喝水的餐具、水杯呢？温言摇头，碗筷有人收拾。 我们明目张胆去拿，岂不是很奇怪？吃饭的时候，爸妈都看着，并且餐具洗的时候是混在一起的，碗筷都长一样，也分不清啊。他喝水的杯子，据我观察，也是被锁在房间里面的。而且这段时间他都待在他养母那边，除了晚上回来睡之外，并不在家里吃饭。我上次跟他宣战了，他肯定也不会让我再进他房间。所以等下次他回来的时候，你去他房间吧。沈景和，我用什么理由？随便编一个呗。他喜欢你，你去敲门，送个什么吃的喝的。 或者是小礼物，他肯定会让你进去。你这个办法可真是有够烂的。温言笑眯眯。那么请问二哥有何高见？沈景和瞥了温言一眼，再深挖一下他养父母的底细吧。你不是觉得有蹊跷，怀疑他们有问题吗？还有他养母的病也得查查是否属实。如果是假的，搞不好他们是想跑路。说不定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好，我听你的，二哥。温言和沈景和一拍即合，我可以提供他养父母的姓名以及他养母所就诊的医院，其他就看你的了，二哥。嗯，不就是超能力吗？他有。 哦，oh, 对了，还有件事，最近可能需要二哥你常住家里了，没问题吧？当然。温言，他又又又恢复惜字如金模式了。不过没关系，说正事靠谱就行。沈景和，你可以走了，赶紧的。好嘞，遵命。温言离开沈景和的房间，心情大好，就连走路时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书房内，沈景修听着他的动静，抬手看了眼表，从进去到出来，他在老二的房间里待了快一个小时了。他们到底在悄悄商议着些什么呢？好像温言从医院回来，心里。 就在琢磨着这事了。想到这里，沈景修立刻拨通了他特助文之明的电话：“你帮我查个人和事，名字我发给你，尽量查仔细些。”沈景和第二天一大早就动身去了剧组，沈芷柔也没有回来。不过当天下午，温言就收到了沈景和发来的消息。沈景和说：“沈芷柔养母赵金的脑瘤是真不假，他和吴鹏现在正在等出国的就医签证下来，不过这个签证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两人暂时没办法离开。”与此同时，沈景修也收到了这个结果，不过他的人查得更细一些。 他还掌握到了另外一条消息，那就是赵金的这手术并不是非要在国外做不可，A 是好几家医院都可以做，对他们来说去国外反而更加繁琐，不应该是他们的首选，这就有点奇怪了。这样，沈景修对特助说道：“从今天晚上开始起，不重要的应酬全部推掉。”文志明听后有些惊讶，总裁晚上的应酬基本上都是提前三天敲定的，现在说推掉，完全不符合总裁的行事风格呀、啊。是另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嗯，以后下班我得回家。这样啊。 文之明迅速查看了一下沈锦修的行程表，今晚和陆氏总裁的晚餐很重要，不能推。明后天的酒会可以推掉。您看今晚行？那就从明天开始。沈景和晚上要拍夜戏，他本来想发消息和温言说晚上不回家的，但他微信消息太多，一时半会儿划拉不到温言的名字，于是他就搜索了一下。刚好这个时候他又碰上化妆师过来给他补妆，一不小心他就把消息发到了我们一家人那个群里。因为温言也是群人员之一，所以他在搜温言名字的时候，这个群也会跳出来。 而且这个群正好排在温言的名字下面。当初这个群还是苏漾拉的，为了方便温言发沈景和的照片。后来温言杀青不再发照片了，这群也没有解散，沈景和也没有退出。看到他发了这条“我今晚不回家，不出意外明天回”的这条消息时，苏漾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忍不住和身边老公以及温言分享：“你们看，景和有进步，知道回家了还会主动报告行踪。老母亲，我是真心感到欣慰啊。”温言能看得出来，苏漾眼角眉梢的幸福感是真真切切的。他是真的很爱这个家。 很爱自己的子女。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温言忽然有些难过。如果沈芷柔的身份真的有问题，如果沈家的千金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自杀身亡，如果他忽然宣布现在这个在苏漾身边待了四年的女儿是假的，那苏漾该怎么办？他一定很难过。那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这也是他只找了沈景和帮忙而没有和他们夫妻俩商量的主要原因。第二天晚饭过后，沈景和结束了他的拍摄工作，回到了沈家别墅。巧的是，沈芷柔和沈景修也回来了。 虽然没有凑成完整的一家人，但是四个孩子都在，苏漾很高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沈景和居然还带了礼物给他。送礼物的时候，沈景和有些不自在，因为他对妈妈撒谎了。他递给苏漾一个袋子，硬着头皮说：“在 H 省拍戏的时候买的丝巾，那边盛产桑蚕丝，回来的时候忘了带，今天那边酒店才帮我快递过来。其实根本不是特意买的，而是今天临时批发的。因为那个丝巾摊子就在片场附近，他本来说买三条，结果人家说只做批发生意，批发就批发吧，批着批着。” 城管来了，摊主把他手里现金一拿，塞了一堆丝巾给他就跑掉了。紧接着，他又拿出两个纸袋，分别递给了沈芷柔和温言：“你们也有。”沈芷柔眼睛亮了一下，立刻向沈景和表示了感谢。温言也不例外，但他马上就给沈景和去了一条消息：“你在干什么，二哥？我让你给沈芷柔送礼物是让你找个借口进她房间，你为什么在客厅就开始送了？你懂什么？我单独去找他会很奇怪，平时我和她关系又不好。先送你们一人一条，然后再去找她。” 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了。这叫循序渐进，是策略。温言，沈景和一定是猴子请来的逗逼，他就是来搞笑的。那你一会儿打算用什么借口去敲门呢？二哥，居然敢说他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哼！沈景和愤怒的打下了一行字：不用你管。发完这条，他就收起了手机，并起身离开了客厅。温言拿他没办法。不过二十分钟后，温言收到了沈景和的消息：出来一下，后花园玻璃花房。为什么不去你房间？有点闷，出来转转。马上到，三分钟后。 温言在后院玻璃花房旁边找到了沈景和，怎么样，拿到了吗？换个地方说吧。哦，温言跟上了沈景和的脚步，然后沈景和就把温言带到了一个黢黑的地方。坐吧，这里有条凳子，看得见吗？温言看到是能看见，但是我能问下为什么吗？为什么要选这么黑的地方？有灯的地方虫子多，而且可能会被别人看见，那还不如在家里。我说了我很闷，为什么？你哪里不舒服吗？嗯，我在沈芷柔房间里看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啊？温言既好奇又惊讶，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啊？竟然生理和心里都被搞得发闷了。沈景和苦笑，他形容的还怪准确点，他确实是生理和心里都遭受到了地震。只见他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指纹解锁后递给了温言：“你自己看吧。”温言哦了一声，面上很矜持，手却快速而麻利的拿走了沈景和的手机。然后他的瞳孔也地震了，并立马将视线从沈景和的手机屏幕上移开了。“我去，你的裸照，这是我能看的吗？” 沈景和一整个大无语，要不你去挂个眼科吧？这是泳装照，我当时是穿了泳裤的。捐了吧，你的眼角膜留着也没什么用。嗨嗨，眼拙眼拙。温言尴尬的清了清嗓子，那你这裸……哦，我的意思是你的照片。那你这照片上的唇印是沈芷柔的，在这种部位，还这么多张，这张还写了字，我好爱你。虽然夜很黑，但沈景和的脸色更黑。其实你可以不用描述的这么详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出来透气了吧？并且。 他更加不想被别人看见他此时此刻的臭脸。温言点点头，忙把手机还给了沈景和。啊！忽然，温言倒吸了一口气。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之前我就怀疑他喜欢你，但是我没有证据，因为当时我喝醉了。这个结论是我喝醉后写在日记本里的。醒来之后我就断片了。现在看到这些照片，我的记忆就回来了。那天我喝多了，我和沈芷柔的房间不是只隔了两间房吗？迷迷糊糊我就走错了房间，然后我就在她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些照片。这些应该就是。 你刚才去他房间里拍到的吧？所以说他整天把房门上锁，肯定是有原因的。嗯，二十分钟前，沈景和拿着一杯鲜榨果汁敲响了沈芷柔的房门。看到他来，沈芷柔很惊讶：“二哥，你怎么来了？”沈景和淡淡点了点头：“嗯，方便吗？有些话想和你聊聊。”“当然方便了，请进。”沈芷柔很快就把沈景和让了进去。沈景和也没乱看，径直就把手中的果汁放在了沈芷柔的梳妆台上。他此刻找的借口是这次去外地拍了一部电影。 对于兄妹之情，我感触很深。想起上次你给我送果汁，但是我拒绝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了一杯来。之前可能伤了你的心，我向你道歉。我们永远是兄妹。沈芷柔听后，内心活动十分复杂。他很高兴的沈景和拿东西来讨好他，可是他不喜欢兄妹这个关系，这令他感到心烦意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沈景和忽然把装满了果汁的杯子端了起来，试图递给沈芷柔，可还没递到沈芷柔手上的时候，杯子就一不小心从沈景和的手中滑落了。沈景和手快。 甚至还尝试去接了一下，但最终也只是弄了一手的果汁而已，并没能抢救成功。不好意思，我手滑没拿住。沈景和道歉，沈芷柔连忙表示没关系，不要紧，我拿纸给你。沈景和却提出要去他的卫生间，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去洗个手。沈芷柔自然不会拒绝沈景和这个简单而又合理的要求，不介意。架子上的蓝色毛巾是用来擦手的。沈景和点点头，随后大步走进了沈芷柔卧室的卫生间，他打算在卫生间里找找看有没有掉落的头发。 结果别说一根毛了，就连用过的牙刷他都没看到。他的柜子里有很多没有拆封的新牙刷，看样子他似乎是一用一换。卫生间的门没有关，沈景和也没有理由在里面待太久。等他出去的时候，地毯上的一片狼藉已经被沈芷柔收拾的差不多了。因为拿纸吸了果汁，所以沈芷柔的手也被弄脏了。沈景和出来之后，他也去了卫生间，不过他进去的时候把卫生间的门给关上了，这也给了沈景和查看他梳妆台的机会。结果就让沈景和看到了沈芷柔珍藏的那些泳装照片。 那是他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为一家杂志拍的泳装大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再也没有那么露过。那些照片可以说是他最大尺度的作品了。没想到竟然被印上了唇印。当时沈景和的脑袋瓜子就嗡嗡直响，背后一阵恶寒。待在那个房间也令他感到窒息。那时候他脑海里就只有一个念头：那他宁愿这个沈芷柔不是自己的亲妹妹。然后你就离开了。听完沈景和的讲述，温言忍不住问：“所以最后你什么生物样本都没找到？”“是的，太干净了。” 干净的反常，平时他似乎没有洁癖吧？可是卫生间里没有一根头发，梳子上也没有。那他房间的垃圾桶你翻过没有？里面有没有什么擤过鼻涕或者吐过痰的卫生纸？沈景和沉默，并忍不住偏头在黑暗中狠狠盯了温言一眼。应该派你去才对，我是不是该感谢你没让我去他厕所翻垃圾桶？温言眨巴眨巴眼，也不是不可以啊。如果他刚好生理期，立刻马上。你给我闭嘴，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好吧，温言也知道自己的提议有些饿了。 可是这不是白跑一趟吗？一时间，两人陷入了沉默。几十秒过后，温言再次开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还不等他开头，沈景和就打断了他：“我求你靠谱一点，我先替鉴定机构提取样本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了。”“嗯，这个主意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呵，洗耳恭听。”“这次简单，在人前我俩总是一副好姐妹的样子，可是人后我和他那叫一个水火不容，因此我可以故意去挑衅他，激怒他，然后发疯和他打架薅头发。” 这样一来，我不仅能拿到他的毛发，我还能用我的指甲挠他，从而搞到他的皮肤组织。啊，老天爷啊，救命啊！沈景和忽然觉得，有时候单独和温言这个人待在一起也是挺无助的。拜托，沈景和忍不住吐槽，能不那么暴力吗？温言反问他：“那你说怎么办？最近他都不在家里吃饭，房门永远锁着，而且很快还要去国外了。他养父母签证下来了也要走，他们夫妻俩要真是有问题的话，这一出境可就什么都查不了了。”沈景和捏了捏眉心。 哦，对了，说到他的养父母，有一件事情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什么事？之前你不是怀疑他的养父吴鹏和网上另外一个叫吴小鹏的是同一个人吗？嗯，我让人查了，不过呢，我能力也有限，更多的查不出来，但是初步确定吴鹏和吴小鹏是两张不同的身份证。温言张了张嘴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吧？毕竟身份证也是可以造假的。反正现在得先做亲子鉴定，我去找他打架，或者你再用一次美男计，你来选吧，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可以去找他发疯。 沈景和揉了揉突突跳的太阳穴，这都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那你再说个玩意儿出来，那你不得给我时间让我想想吗？行，那你想，我先回去了。干什么你？你这就要去打架了？你别拉我！你以为我想拉你？够了！就在两人你来我往争执之际，他们身后忽然响起了第三个人的声音。黢黑的夜色中，这凭空出现的一道声音令温言和沈景和脊背骨发凉，温言更是屏住呼吸，死死抓住了沈景和的手：“救命！谁在说话？” 要不是为了在温言面前稳住面子，沈景和高低也要喊一句救命。他虽然表现得淡定自若，但心跳其实早就爆表。别怕，站着让我来，我也不敢跑啊。够了，是我。熟悉的男声再次响起。沈景修打开手机手电筒，从他俩身后的那条长凳上站了起来。大哥，温言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要疯了。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沈景修沉默了一瞬，随后说道：“你们两个来我书房一趟。”他是不会告诉温言和沈景和。 这里是他的秘密花园，是他心烦意乱时会经常来坐的地方。今天看见沈景和给家里几个女性送丝巾的时候，他心里忽然有点不自在。明明小时候是很亲密的兄弟，可是那次绑架之后就形同路人了。他再也不会叫自己哥，也不会和自己互动。当初他给沈芷柔送口红的时候，并没有见他有多高兴，但是今天收到沈景和的丝巾时，他满脸都写着开心。这不禁让沈景修陷入了反思：难道他真的就像是别人口中说的那样，是一个冷漠的、严峻的、无法靠近也无法被融化的冰山人吗？ 连最亲近的家人和他之间的关系也这么冷淡疏离，他有点想不通，甚至有些无助，所以就来到了这里。他坐的那条长凳，小时候他用刀在上面刻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漆黑的夜里，他坐在这张刻了自己名字的凳子上，心绪就会慢慢平静。可谁知道这两个人的出现，打破了他的这份宁静。五分钟后，温言走进了沈锦修的书房，他身后跟着的是不情不愿的沈景和，沈景和非常不愿意踏足沈锦修的地盘，来的路上他就和温言说了。 他是不会乖乖跟去的，但是温言是这么劝他的。虽然这么说有点伤你的自尊心，但是我觉得大哥的人脉肯定比你更加广泛。当然了，我不是要拉踩你，毕竟术业有专攻，娱乐圈里你的人脉肯定更广泛。说人话，OK，我的意思是，根据我的推测，大哥应该比我们早出现在那里，所以我们俩刚才说的所有话，他应该是一字不落的全部听进去了。一会儿他肯定会问个水落石出的。反正有些事情我们处理不了，干嘛不干脆找大哥帮忙呢？呵，无耻，偷听我们说话。 他如果有心的话，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立刻站起来。这都是命，谁让你选择了那里？花园明明那么大，我发现你是真的有些点背。你记得山体塌方那次车被埋的事情吗？就因为你的嘴开了光。该忘记的事情，请你忘掉。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忘记？去行，一会儿你说我是不会和他说话的。行，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娇，都是成年人了、啊，咋那么幼稚呢？你只要当个工具人就行了。哼！进入沈景修的书房后，走在最后的沈傲娇。 景和并没有要主动关门的意思，还是沈景修折返过去把门给关上了。见此情形，温言的内心不禁又活跃了起来。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大哥比较大气，傲娇的老二有点耍脾气的意思呢。听到温言的心声的沈景修快速看了沈景和一眼。其实他今天能进他的书房已经很难得了，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沈景和对温言的心声则是有些不满，说好的不拉踩呢，这就一个大气一个小气了。坐吧，作为大哥，沈景和率先开口：“我这里有咖啡和矿泉水，你们要喝什么？” 温言知道沈景和是不会和沈景修说话的，忙笑着说：“不了不了，我们不渴，是吗？”沈景修微微蹙眉，刚才说了那么多话，真的不渴吗？温言，好吧，真的有点渴了，那就矿泉水吧，我俩都要矿泉水。沈景修的书房里有个小冰箱，他走到小冰箱前才问温言：“你要冰的还是常温的？”冰的。温言喜欢喝冰的，尤其是现在口干舌燥。好，很快沈景修就拿了两瓶水过来。 他把冰的那瓶递给了温言，然后拿着另外一瓶水走到了沈景和面前。我记得你从小到大都不喝冰矿泉水。一只大手把常温的矿泉水递了过去。沈景和愣了片刻没接。是的，他可以喝冰可乐、冰奶茶、吃冰淇淋，但就是不喝冰矿泉水。小时候连父母都记不住他的这个习惯，只有大哥他。沈景和咽了咽喉咙，还是皱着眉没接。沈景修也没再坚持，把水放在了他面前的茶几上。随后他坐在了两人对面，目光锋利的看向了温言，说吧。 关于沈芷柔和这些天你们在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我。好的，温言重重点头。虽然今晚是被抓包的，但是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两道并不属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者的兴奋光芒。哎呀呀，大哥终于要出手帮忙了，他一定能帮忙并搞定的，对吧？求求了。沈景修默默在心底叹息了一声，他倒是想帮上忙，但这好像并不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而一旁的沈景和虽然他并没有听到温言心里这句关于沈景修的心声，但是只看温言的表情，他就明白了。哼。 这家伙肯定是觉得沈景修比较能干，谄媚。温言在短时间内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沈景修。沈景修内心其实是很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的，因为如果这个怀疑成真，那么最受伤的就是他们的妈妈。作为一个儿子，他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再遭受一次失去亲生女儿的打击。但如果这个沈芷柔是假，性质就恶劣了。他眉头紧皱，在温言停止发言后，好一会儿都没有出声。温言见状，不得不追问了一句：“大哥。” 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多疑了？沈景修从自己的思绪中脱离出来，没有。既然你和景和都这么怀疑，那他身上肯定是存在问题的。所以现在你们卡在了提取他的生物样本这一环了，对吗？对对对，就为了这一环。刚才在花园里，他差点都要和沈景和打起来了。沈景修点点头，好的，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等我通知。他话音才落，沈景和就迫不及待站起了身，温言紧跟着也站了起来，客客气气道：“那就麻烦你了，大哥。”不麻烦。 沈景修起身离席，亲自替他们两个打开了房门。十分钟后，温言和沈景和忽然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主是沈景修，群名叫一百二十三。好一个一百二十三！看到这个简单粗暴的群名后，分别躺在各自房间的温言和沈景和同时吐槽了起来：“啥名啊，这是，真是够够的了。”而一百二十三群的群主更是人狠话不多，建群拉人之后没有任何寒暄，直接上了一张咖啡杯的照片。沈景修，沈芷柔刚刚在我这里喝了一杯咖啡。沈景修。 谁去拿一下妈的头发？温言震惊脸，JPG 六六六 JPG 大哥，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快就拿到了？温言不禁在想，这还真是应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句话。他和沈景和没辙到，都快要用上美男计和现场发癫了计了，结果人家沈景修几分钟就搞定了。沈景修也针对温言的提问做出了回答，把他叫到我书房聊了一下工作的事情。与此同时，温言也回复了沈景修的问题：“我去拿妈妈的头发，不过现在有些晚了，明天一早吧。”沈景修可以，不早了，晚安，温言。 晚安，拉登 Jeff，谄媚。看着两人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来来往往，沈景和忍不住在自己房间里吐槽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之前是他失误。其实，在沈芷柔房间里的时候，他也可以让他喝了果汁，然后再把沾着他唾液的杯子带走。只不过当时他把宝压在了他的头发上。可是谁能想到他的房间里会干净到连一根毛都没有？沈远有早起晨跑的习惯，第二天一大早，等他一出家门，温言立刻跑到了他和苏漾的房间。巧了。” 温言敲门进去的时候，苏漾正在梳头，这是个好机会啊！妈，我来帮你梳吧。苏女士的秀发真好看，又柔顺又浓密，跟吃了润滑剂似的，而且还好香。苏漾轻笑，拉长了语调，好不过你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嘿嘿，因为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所以起来得也早。说话间，梳子就带下了苏漾的两根头发。温言不动声色继续梳，一直到苏漾起身离开梳妆台去换衣服，他这才用纸把头发包好揣进了口袋里。期间，苏漾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他只是觉得小棉袄果然很贴心，不像家里那几个整天不着家的漏风皮夹克。吃过早饭后，温言找了个机会把苏漾的头发交给了沈景修。沈景修说，虽然他已经托了关系，但最快也要六个小时才能拿到结果。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而令人感到焦虑的，尤其是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所以温言干脆就约了之前一起拍戏的王彻，这也算是他在这个世界进入演艺圈后交到的第一个同乡朋友了。说起来，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居然连一个真朋友都没有。好在王彻这个人。 还是很真诚的。他在收到温言的消息后，立刻就回复了他：“好啊，我也正想着要不要邀请你一起去剧组探班。你住在哪里？要不要我去接你？谢了，不过不用了，我打车过去也不是没有车。但是那辆超跑实在是太骚气了，就这样开到片场的话，肯定会被八卦，而且他也开不惯。”将近两个小时后，温言和王彻在师生剧组碰头了。隔老远，沈景和就看到了温言。原来他今天也来探班了。如果没记错的话。 自己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他已经起来了吧？他居然不和自己一起，还和那个小子有说有笑，该不会是喜欢上了吧？那小子很优秀吗？沈景和忍不住在心里一通吐槽，就连化妆师叫他，他都没听见。刚好这个时候，温言和王彻过来向他打招呼，两人异口同声叫了声“沈老师好”。沈景和象征性的点了下头，无话可说。结果打完招呼，两人就走了，他连一句心声都没听到。沈景和很无语，这什么妹妹，果然不是亲生的。温言和王彻也没闲着。 剧组今天来影视城取景，因为电影里有一段聋哑群众演员的戏要拍。王彻听说温言是第一次来这里，就提出要带他到处去逛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温言就答应了下来。闲逛了一个小时左右，王彻对温言说：“我今天来影视城，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新工作吗？”王彻开朗一笑：“算是吧，但其实也不是板上钉钉的工作。我经纪人不是带了好几个艺人吗？其中有个师姐这段时间都在影视城拍戏，华龙剧组你知道吧？”温言点点头。 上网的时候刷到过，听说原著粉热度很高，男女主又是正当红的演员，大家只是在网上看了定妆照，都觉得这部剧将来一定会爆。不错，爱王彻。我听说原著小说里，但凡是有点戏份的角色都很出彩，你如果能进这个组，随便拿个角色，应该都能吃到红利，还能锻炼演技。王彻叹息一声，话是这么说的，没错，不过我也不一定能行。上次师生剧组选我，还是因为和你搭戏的时候被你带动了，这次我就没信心了。要不你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吧。 经纪人帮我约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后，你不说你一会儿没事吗？可是我去干什么？一手消息，王彻压低了声音。这次我试的这个角色原定的演员因为偷税被查到了，他当初进组的时候还打包带来了其他几个演员，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你知道的，这种事闹大了，搞不好整部剧都要狗带，剧组哪里还敢冒险用他们？所以就打算把他们全都换掉。你跟我一起去，说不定也有机会拿到角色呢。试试吧，万一呢？温言还真被说服了。也好，那我就去碰碰运气。 两人提前十分钟来到了画龙剧组。王彻刚想介绍温言给自己经纪人花姐认识，花姐就打断了他：“我知道温言嘛，早就在网上认识了，你的名字如雷贯耳。”温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你好，花姐，之前网上那点事让你见笑了。”花姐笑了笑：“这也是红的一种。对了，我听说你还没有签经纪公司，你和王彻也是老朋友了，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公司？”除了上次沈景和的邀请以外，这是温言收到的来自娱乐圈的第一根橄榄枝。 不过他还是打算再等等那个人的出现，所以他婉拒了花姐。虽然被一个连咖位都没有的新人演员婉拒了，但是花姐并没有恼怒，反而把温言介绍给了选角的副导演，说觉得温言可以试试反派魔君白月光的角色。副导演一眼就看中了温言的颜值，答应让他试一下。结果这一试，温言当场就被选中了。不过他这个白月光的戏份并不多，统筹一下，今天一天就可以拍完。于是他火速就被扮上了白月光的妆造，在一世妆容的加持下，他不说话，只往井里一站。 整个人身上清冷出尘的气质都快要溢出来了，而且他的表情和动作拿捏的都很到位，几乎全都是一条过。等他忙完杀青一看时间，居然已经下午三点四十了，而且手机上还有四通来自沈景和的未接来电。俗话说事不过三，沈景和一连打了他四通电话，以他那小气傲娇的性格，估计当时在等待接听的时候已经气得翻白眼了。想到这里，温言立刻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把电话给他回了过去。哈喽啊，沈老师，你找我呀哈喽，Hello, 你个鬼，你干什么去了？ 和你那个小男友玩的乐不思蜀了吧？什么小男友？你该不会是在说王彻吧？拜托，我和他那是非常纯洁的革命友谊好吗？难道你在娱乐圈里就没有一个异性朋友？沈景和冷笑并理直气壮：“是的，没有，不行吗？你到底看手机了没有？还没来得及看，我刚忙完拿出手机就看到你的未接来电了。是大哥那边有消息了吗？那你先别挂电话，等我看看微信先。算了，你还是直接来找我吧，我发位置共享给你，车上说。”说完，沈景和就挂断了电话。 温言火速打开微信点，点开了一百二十三群里的消息。群里沈景修发了一张照片，那是亲子鉴定的纸质文件，鉴定结果是无亲缘关系。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温言脑瓜子嗡的响了一声。片刻后，他才点开沈景和发过来的位置共享，沿着地图上的路线找到了沈景和车。上车的时候，温言小心翼翼：“应该没人知道这是你车吧？这里人多眼杂，要是让有心人看见了，又要乱传了。”此时的沈景和已经用帽子、口罩和墨镜把自己全副武装了，不会。 司机已经开着我的房车走了，这是工作室的车，你赶紧看一下群里的消息。我已经看过了，我的猜测被证实了，她真的不是沈家的亲生女儿。大哥在群里问我们晚上回不回家，你怎么不回复？不然你以为我打电话找你干什么？这就有点傲娇过头了吧？沈景和皱眉，傲娇骄傲什么的先不说，十几年了他都没再主动和他说过话，现在怎么好意思开这个口？温言，行，那我在群里回一句。现在是四点多，我估计路上会堵车，等我们开到家估计六七点。 那个时候说不定大哥也到家了。嗯，沈景和说着，忍不住又看了温言一眼。你跑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画成这样？刚才出来的急，温言把衣服和假发都脱了还给剧组，但是脸上的妆还没来得及卸。哦，因为王彻临时给我介绍了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这就过了。不过我的戏份已经全部拍完杀青了，戏份这么少，也好意思介绍，呵呵，是有点少，毕竟是个小角色嘛。聊完这段，两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时间都没有说话。因为回市区的路上太堵。 他们到家的时候，沈景修人已经回来了，不过看起来他也是刚到。沈芷柔倒是没回来，苏漾说他还在医院陪他的养母。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苏漾还在心疼那个冒牌的沈芷柔。芷柔这孩子也是辛苦了，这些天起早贪黑的陪在他养母身边。听到这话，温言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妈，我先回房间去把脸上的妆卸了。沈景和，我上去换身衣服。沈景修，我上去放电脑包。两分钟后，温言妆也没卸，沈景和衣服也没换。 三个人再一次聚在了沈景修的书房里。沈景修面色严肃，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纸报告，放在了茶几上。结果你们都知道了，事实证明，沈芷柔确实不是爸妈亲生的孩子。至于她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沈景修说完，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事实上，这份报告一出来，他就已经花了大价钱让人去查，只是一个下午过去了，对方却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他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清楚，像这样已经过去多年的事情，想要一下查清楚并不容易。因此。 他向对面坐着的温言和沈景和提出了一个要求，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吧。好的，大哥，你说。正在看纸质报告的温言听到沈景修的话，连忙把东西放了回去。沈景和虽然没有开口说话，但却也将目光投向了沈景修。沈景修这才严肃说道：“在搞清楚这个冒牌货的真实身份，又或者是说是查明整件事情的始末之前，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爸妈保密，暂时先不告诉他们。在冒牌货面前也不要过早暴露，以免打草惊蛇。你们觉得呢？”知道沈景和不愿意搭理自己。 因此，沈景修说完后，直接看向了温言，征询他的意见。温言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好的，我举双手赞成。”事实上，他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苏漾曾经因为失去女儿，患上过重度抑郁症，甚至多次想要轻生自杀，这些家里人都是知道的。沈景和当然也没有异议，不过他还是没有做好向沈景修开口的准备，就只点了一下头而已。但这就够了，能达成一致就行。那你们该卸妆的卸妆，该换衣服的换衣服去吧。他话音才落，沈景和就迫不及待站了起来。 但是这一次，沈景修却没有绅士的起身替他们开门。温言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垂着头，修长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捏着眉心，整张脸上都氤氲着疲惫之色。作为家里的大哥，他好像真的很不容易。现在我把这件棘手的事情甩给了他，他第一个知道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我还在愉快的拍戏，这会儿还什么都不能和家长说，他压力的多大？心疼大哥三秒钟，沈景修确实是感到疲倦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父母找了那么多年的女儿居然是假冒的，简直就像是拍狗血电视剧一样。 同时，他心里也莫名生出了一种类似委屈的情绪。是啊，其实回国进入公司接手公司事务的这些年，他是真挺累的。他每天一睁眼要做的事情就是工作、工作、加班、应酬。但他在别人眼里的第一印象似乎永远都是那个高高在上、冷冰冰的总裁。别人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地位和特权，似乎从来没有人觉得他也是个普通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有极限的人类。其实他也会累，会疲倦，当然妈妈除外。而现在，似乎还多了一个温言。 沈景修本来都已经疲倦到不想再开口了，但温言心声里的这点小小的温暖，令他身体里疲累的血液又微微活跃了起来。他看向温言：“怎么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嗯，其实还没想到要说什么。”但是温言肢体语言的反应比脑速要快得多，在沈景修话音才刚落下的时候，他就立马点了点头。然后在沈景修长达数秒的盯视中，他终于想到了说辞：“我是想提醒大哥你一下，因为刚才咱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那就是冒牌沈芷柔的养父母，他们不是已经在申请出国的签证了吗？”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能力和手段的话，我们应该从中阻挠一下，千万不能让他们顺利跑路了，不然再想找到他们可就难了。沈景修嗯了一声，你说的这一点我已经考虑到了，放心吧。温言笑了笑，那就好，还是大哥想的周到。那我就先出去了，去吧。沈景修冲温言微微点了点头，不经意间就连语气也变得温柔了一些。晚饭期间，三人谁也没有表现出异样，温言依然还是苏漾的开心果。苏漾提起沈芷柔的时候，温言也是笑盈盈的回着话。 没有说沈芷柔的半点不好。为了让苏漾更加开心，温言提出来的饭后小甜点，让厨房现做是来不及了，所以温言就叫了跑腿去他平时总光顾的那家店买。苏漾特别钟爱那家的口味，那是家里厨房做不出来的味道。听到两位女士有小蛋糕吃，都已经上楼准备回房间的沈景和忽然就有些馋了，于是某人就掏出手机给温言发了一条消息：别忘了今晚是谁载你回来的，你难道就不表示一下？所以二哥，你这谁也想吃甜点，倒也不是很想吃。 只是有个机会在你面前，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去表现表现。温言瞬间就被干无语了。这个沈景和嘴硬第一名，以知大家长沈先生不爱甜食，给二哥点了，那要不要顺便给大哥也点一个呢？忽然被 Q 到的沈景修内心 B like 抹茶味，谢谢。上次是草莓味，这次想换一种口味。只是他还没想好一会儿要怎么开这个口提要求。如果温言询问他的话，然而很快他就没这个烦恼了。温言的确是问了他要不要也来一个，但是他还没开口。 苏漾就替他拒绝了，你大哥就不用了，他和你爸一样不爱吃甜点，你二哥倒是喜欢，你给他点一个。对了，你刚才说要给我推荐哪款来着？哦，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吧？沈景修默默起身上了楼，平时工作忙，吃饭时间紧张，就算是独自一个人去吃西餐，他也没时间吃最后那道甜点。他在心里默默叹息了一声，心里想着，或许自己也该抽出一段时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由于沈家所在的别墅区距离市中心较远，所以跑腿把甜点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把苏漾和自己点的拿出来之后，温言立刻就提着纸袋跑上了二楼。他先去了敲了沈景和的房门，得到沈景和的回应后，温言开门而入。不过他进去的时候，沈景和正在打电话，所以他把蛋糕放下就走了。而沈景和的房间距离沈景修的书房不远，因此温言来去和开关门的动静，沈景修听得清清楚楚。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沈景修心里其实是有些失望，甚至是羡慕的。不过他很快就说服了自己，不就是一块甜点吗？ 明天中午就去吃，可就在他全身心准备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咚咚咚，忽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打开门一看，出现在他面前的居然是一块抹茶味蛋糕，是一个小时之前他心里就念着的口味。你一时之间，沈景修心里百感交集，不过他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温言见他语气不咸不淡的，有些拿不准他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妈说你不爱吃甜点，但是上次的你好像也吃完了。这款是低糖低卡的，晚上吃也不怕长肉，尝尝不？ 好，沈景修伸手接过了小蛋糕，想了想，他忽然又说：“其实我挺喜欢甜点的，谢谢你。”“不客气。”温言脸上笑意盈盈，“大哥辛苦了，适当吃点甜食可以补充能量。那件事情就靠你了。”沈景修点了点头。品尝蛋糕的时候，他觉得味道非常好。关于冒牌沈芷柔这件事，一开始沈景修是打算从他养父母吴鹏和赵金夫妻两人身上查起的，可这两个人过去多年似乎一直在四处奔波做生意，并不好深挖。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两天了。 他斥巨资找来的人查到的信息都是浮于表面的，并没有太多的价值。于是，经过一番思考后，沈景修决定从另外一个切入点深入。吴鹏和赵晶那条线过于模糊，那就从四年前给冒牌货和他父母做亲子鉴定的机构，以及他妹妹当初就诊的那家医院查起。结果，事实证明，当年的鉴定结果确实不假。而这个结论也直接说明了冒牌货一家手上曾经是真的有他亲妹妹的生物组织。如果有，又有两种可能：第一，冒牌货一家多年前是真的遇见过他的妹妹。 第二，很有可能是当初妹妹就诊的医院泄露了妹妹的生物组织。沈景修比较希望是第二种可能，因为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他的亲妹妹就极有可能已经遇害，否则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假冒的沈芷柔。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沈景修顿时觉得特意点的小甜点也不香了。好在命运之神垂怜，他委托的人最终查出来的结果是第二种。他们查到了一个有问题的护工，原来当年他妹妹就诊的私人贵族医院里有一个心术不正的护工。 这个护工平时会借助工作的便利，专门收集有钱人家孩子的体貌特征等信息，以及指纹、毛发，甚至是新生儿脐带这种生物组织。然后，这个护工会把这些信息或者是生物组织卖给有需要的歹人。这些歹人会对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女实施绑架、勒索等犯罪行为。这个护工也在三年前因为一宗绑架案而落网。院方背景和实力深厚，为了不让这个护工影响到自己的医院，他们对这个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了遮掩。要不是沈景修这次叫人深挖这家医院，他还真不知道竟然还会有这种丑事存在。 他委托的人已经去监狱里探视过这个护工了，并且从那个护工口中得到了证实。四年前，经过熟人介绍，确实是有人找到他，并从他手中买走了大设计师苏漾女儿的生物组织。这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事情一下就明朗了，所有的细节也都能说通了。因为吴鹏夫妇偶然发现冒牌沈芷柔和大设计师苏漾长相相似，并且得知沈家一直在寻找走失的女儿，所以就动了用冒牌货假冒沈家真千金的念头，简直是卑劣至极，恶心，令人作呕。 又一次被聚集在沈景修的书房。这一次，温言和沈景和听到了事情的真相，而那些骂人的话出自沈景和之口。前前后后来了沈景修的书房三次，这还是他头一次开口。他很愤怒，甚至有些冲动。我去找他们算账。他们应该还待在那个破医院，等着签证下来吧。等一下，二哥。见沈景和起身要走，温言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你先别冲动。我觉得事情现在既然已经弄清楚了，那我们应该先通知爸妈才对。他们已经被蒙在鼓里很久了，而且……” 你又是个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盯着，你要是冲动跑去找他们算账，明天网上新闻还不知道会怎么写你呢。温言说的对，沈景修赞成温言的说法，先告诉爸妈吧。商议过后，几人决定由沈景修去向沈远和苏阳开口。沈景修打算等吃过晚饭再去找父母，不然他们可能会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很快，一家人就聚在了饭桌上。还没开饭的时候，苏阳就察觉到了沈景和情绪不对，半开着玩笑问：“景和这是怎么了？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是谁欠你钱了吗？沈景河却只摇头，没有，只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些不愉快。苏漾也没再打破砂锅问到底。吃饭的时候，苏漾再一次提起了沈芷柔，惦记她这几天是否有好好吃饭。前几天温言还能喜笑颜开地回应苏漾，但是今天他实在是没什么心情。他忍不低头扒饭，同时在心里叹息：哎，苏女士一直在念叨着那个冒牌沈芷柔呢。可怜的父母还不知道当年的亲子鉴定有问题，那个沈芷柔其实比我这个半路收养的假女儿还要假。 就是个恶劣的、不择手段的骗子，冒牌沈芷柔，假女儿，不择手段的骗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苏漾夹菜的动作忽然顿住，他耳朵里一阵轰鸣，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好想让他们好好吃完这顿饭，可是又想这顿饭快点结束，这样大哥就能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了。老大也知道。苏漾张了张嘴，忽然感到呼吸一滞，整个胸腔里的气息似乎都被抽干了。与此同时，听到温言心声，眉头越皱越紧的沈远也啪的一声放下了筷子。 他看向沈景修，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今天你们不对劲，是不是有话要对我和你妈说？忽然被质问，沈景修微微停顿了一下动作。爸，要不还是等饭吃完再说吧。吃都开始吃了，干脆把这顿饭吃完。反正他们早就已经决定坦白，也不在这几分钟。但沈远只是没有戳破温言的心声而已，这并不代表他还有继续吃饭的心情。这几天你们兄弟两个天天回家，很反常。你来我书房一趟。沈远说完，直接推开椅子离开了餐厅。 沈景修无法拒绝自己的父亲，只好跟上了沈远的脚步。餐厅里接二连三发出拖动椅子的声音，苏漾终于也回过了神，并匆匆跟上了父子两人的步伐。一时之间，偌大的一张餐桌旁就只剩下温言和沈景和两个人了。温言放下碗筷，看向沈景和：“二哥，你说妈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很伤心难过？你说呢？那我们是不是得提前想想对策，比如全家陪妈出去旅游散散心之类的？我想知道你接下来还有工作吗？”沈景和正要回答温言的问题。 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个不停，他也就没顾上回话，转而查看起了手机。看着看着，他就皱起了眉头。温言见他这样，不禁发问：“咋了？谁给你发的消息？该不会是大哥吧？出啥事儿了吗？怎么可能是他？你还记得柴招娣吗？”“当然记得了。”“怎么了？该不会是他出什么事了吧？”“我前段时间还联系了那个当初帮我们在网上曝光一手消息的记者了，他说他有在做跟踪报道，说柴招娣被亲人接回家之后过得挺好。” 当地还有不少网友都给予了他帮助。巧了，给我工作室发消息的就是这个记者。工作室的人拿不准主意，所以就给我发了消息。是和柴招娣有关的事情吗？你自己看吧，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温言熟练地从沈景和手中接过了手机，这一看才知道，原来那个记者在柴招娣归家之后一直没有放弃追踪这个案件。他认为柴招娣事件绝对不是偶然，也不可能是唯一一件，所以他就去到了柴招娣的家乡。这一追踪，还真叫他摸到了一些线索。 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过上次之后，他的账号似乎被限流，他在想通过舆论来给某些事件制造热度的计划失败了，所以他就厚着脸皮联系到了沈景和的工作室，以寻求帮助。温言快速看完之后，将手机还给了沈景和。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要不要帮他？帮沈景和皱眉，就算是积德吧。我希望真的只要还能回来这个家。而且当时我们找到这个记者的时候，本来是有偿请他代发消息的，但后来搞清楚柴招娣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他把钱还给了我们，也算是无偿帮了我们。于情于理。 我也该回报他一次。温言点点头，我也希望真的芷柔能够早点回来，和你们一家团聚。正说着，张嫂忽然急匆匆朝他们两个走了过来：“先生让你们立刻去书房一趟。”现在，两人对视了一眼，同时提起了步伐。很快，家里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了沈远的书房。他的眼眶泛着红，而苏漾一看就是痛哭过的。温言最看不得女孩子哭，尤其是长辈。他立刻走到苏漾身边，轻轻揽住了她。苏漾忍着泪，紧紧抱住了温言，她连声音都在颤抖。 好孩子，过去这四年你受苦了，妈妈不知道原来你在那个假那个人手里吃了那么的苦。爸爸妈妈错了，以前不该不相信你，如果相信了你，或许我们就会早一点发现，你也不必如此委屈。妈，你不要自责，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做错事情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卑劣小人，你和爸爸没有错。苏漾哽咽，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害怕一张口就会忍不住哭出来。处在这种氛围里，温言看得眼眶泛酸，赶紧抽了几张纸给苏漾递了过去。 见他们母女俩那边说完了话，沈远这才对温言说：“妍妍，爸爸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好吗？”“好。”“这个假的沈芷柔过去在挑衅你，或者是跟你明争暗斗的时候，有没有说漏过嘴？比如提到他的亲生父母，或者是原生家庭？”温言仔细想了想，摇了摇头：“不好意思，爸爸，几年前和他的对话细节什么的，我实在是记不清了。但他应该是很小心谨慎，没有提及到的，否则我也不会到今年才开始质疑。不过，我觉得他跟我斗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从这个家里赶走。” 以前我只以为他是怕我抢走了你们的关爱，代替了他的位置，所以才会这么做。但是现在看来，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精心打造出来的赝品，目的性必然是很强烈的，肯定是为了沈家的钱财。不错，沈远声音冰冷。当初他回来的时候，为了感谢他的养父母，我给过他们一大笔钱财。后来听说他们的厂子出了点问题，还是我帮忙解决的。但是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当年大山里的一批妇女的失踪和他的养母以及他养母的服装厂有关。当年他们的厂子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借我的手洗白的。 说到这里，沈远双手紧握成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他恨，恨自己没有查清楚，竟然被这样的人算计，甚至还帮了他们。沈远发完言，书房内的气压极低，一时间谁也没有再说话。片刻后，沈景修率先打破了沉默：“这批妇女的失踪无从查起，因为从来没有人报过案。如今六七年过去了，他们也没什么亲人在世，怕是早就没人记得他们了。”“爸，当务之急是先把他们几个人控制起来，不能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逃脱了。”“嗯。” 沈远眯了眯双眸，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沉着的狠劲儿。他们这种行为属于诈骗，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钱足够量刑坐牢了。我会找这个领域最好的律师，我要他们受最重的处罚。从今天开始起，这件事情就不用你们管了，全部由我接手。景修，你那边以后的所有进展，让你的助理直接向我汇报。至于景和和妍妍，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景修，你去把你手头上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全部整理出来交给我。景和，先扶你妈回房间去休息一下。妍妍，你留一下，我还有话和你说。 一会儿的功夫，沈远就做出了决定，并给所有人都分配了任务。等大家都离开了以后，沈远这才走到了温言身边。温言完全猜不透沈家的家主打算对他说什么，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沈远开口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道歉：“委屈你了，妍妍，被一个假冒的骗子打压了这么久，爸妈以后会补偿你的。”温言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爸，你别这么说，是你和妈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能活成现在这样衣食无忧、随心所欲的富裕状态，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如果你们这么自责的话。” 那我心里真的是过意不去了。沈远颔首，你真的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在孤儿院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会看错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爸想拜托你。爸，你言重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拜托不拜托的？爸，你就直说吧。好，杀伐果断如沈远，也在这一刻哽咽了嗓音。我希望你能暂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多陪陪你妈妈好吗？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作为你妈妈的丈夫，我虽然也能够安慰她、关怀她，但是她也需要来自女儿的陪伴。所以爸请求你。温言有被沈远感动到。 他真诚地向沈源保证：“爸，你放心，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好好陪伴妈妈的。我也希望妈妈每天都能开心快乐。辛苦你了，不辛苦的。那我现在去看看妈妈。”沈源点头。温言出去的时候，沈景修刚好进来。四目相对间，温言朝沈景修微微笑了笑。沈景修原本是皱着眉头的，但是看到温言这个温暖的笑容，他的眉头不自觉的便一点点舒展开来了。温言本以为苏漾会很难过，或许还会以泪洗面，可是去到苏漾房间的时候。 温言发现苏漾已经洗干净了脸，梳好了头发，正在衣柜前挑衣服。温言有些疑惑，不禁看了一旁的沈景和一眼。沈景和皱着眉，一言不发，显然他也看不懂苏漾这是要干什么。妈，温言快步走到了苏漾身边，怎么这么晚了你，你还在挑外出的衣服？明天穿的吗？苏漾的眼睛还泛着红肿，他勉强笑了一下，对温言说：“妍妍你来的真好，你帮我看看穿哪一件会显得强势一点。”温言并没有回答。妈，你这是要干嘛呀？苏漾仰头将泪水逼了回去。 我现在就要去见一见那几个骗子，我还是想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我的芷柔。我的芷柔听到这几个字，温言喉头都犯了酸。妈，可是爸的计划还没有施展开，你想去见他们也等爸把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再说吧。今晚或许不是最好的时机，也不急于这一天的。你说对吗，二哥？是啊，妈，不如和爸再商量商量。其实今天沈景和自己差点也冲动要冲去找冒牌货一家了，但是最后被其他两人理智的拦了下来。那时候他是真的怒火攻心，整个人都快要燃烧了起来。 可是现在他看着自己的妈妈，却一直是隐忍不发的。他想，他一定很难受。沈景和没忍住，走上前去，一把就抱住了自己的母亲。妈，你想哭就哭吧。作为你的儿子，芷柔的哥哥，我会找那几个人渣算账的。妈不哭，妈还想找到你妹妹。这几个骗子不值当妈掉眼泪。说话间，沈远突然推门进来了。从一进门开始，他的目光就一直落在苏漾身上。老婆，你想去的话，今晚我们就去。苏漾转头看向沈远，真的吗？ 你都处理好了？嗯，已经准备好了。好，那你等我化个淡妆，我不想让那家骗子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好，我等你。苏漾在梳妆台前坐下，可拿着粉扑的手却在微微颤抖。温言主动上前，轻声道：“妈，我来吧，我很会画的，不比网上那些美妆博主差。”画完后，温言忍不住问沈远：“爸，我们能一起去吗？”沈远却拒绝了温言：“不早了，歇着吧。这些天为了这件事情奔波，你们兄妹三个应该也累了。” 说完，沈远便亲自从衣柜里拿出一件风衣，替苏漾披上了。不被允许随行，温言和沈景和只能把沈远和苏漾送到门口，直到他们的车子开走了，温言这才叹了口气：“好想看看爸妈是怎么对付那家骗子的。”说完，温言就扭头看向了沈景和。沈景和垂眸瞥了他一眼：“看我干什么？你以为我不想？但人不让我们跟。”温言：“看不出来，原来你这么听爸的话。”沈景和皱眉：“也要分场合的好吧？你说的对，那走吧。”温言转身。 说起来，他好像再没看见沈景修了。沈远都走了，他应该早就从沈远的书房出来了才对啊。难道是直接回房间去了？他去哪儿了？他难道都不需要关心一下自己妈妈的吗？心声一落，一辆车忽然停在了门口，正是沈景修的座驾。他放下了车窗，对温言和沈景和说：“上来，去哪儿？”温言下意识发问：“医院？医院？”温言疑惑：“你知道爸妈是去医院找那家人了吗？”“嗯，上不上来？”温言忙走到副驾窗户旁。 可是刚才我问过爸了，他说不让我们去。他对谁说的？我们，我和二哥。沈景修点头，不是对我说的，我没听见。走不走？温言这下明白了，沈景修这是在钻空子呢。走走走，现在就走。温言下意识就拉开了副驾的门，不过他忽然想到门口还站着一个人。大哥，我们再稍等一下，二哥要回去乔装打扮一下。沈景和出言嘲讽：“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么了解我？”温言回头看他，那你去不去吗？沈景和干咳了一声。 给我三分钟。而就在刚才，沈景修其实一直站在苏漾房间外面没进去，里面的对话他全部都听见了。夜间车流小，沈景修只花了三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把车子开到了赵金所在的医院。他们去的时候，沈远的车早已经停好了，因为温言之前来过这里一次，所以一下车他就自告奋勇，准备走在前面带路。大哥二哥，这里我熟悉，你们跟着我就好。我知道有一条近路，等我们过去的时候，应该不至于错过太多。沈毒蛇，景和来过一次就叫熟悉了。 温言不高兴的看了沈景和一眼，那也比你一次也没来过要更熟悉一些吧。过来啊，你们俩走这边。沈景修可没忘记上次在超市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口香糖的那一幕，况且他也有他自己的安排。他站在和温言像相反的方向，对两人说：“跟我来吧。”温言皱眉，可是你那个方向是不对的，大哥。沈景修低头看了眼手表，时间不多了，你不相信我吗？话音才落，他就迈开了步伐。沈景和也丝毫没有犹豫的抬脚跟了上去。 一瞬间，就只剩下温言一个人站在和他们兄弟俩相反的方向，目瞪口呆。说好的水火不相容呢？沈景和竟然就这么跟着沈景修走了。原来他是这么的无条件相信沈景修的吗？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其实也是因为信任沈景修，所以温言也选择跟了上去。走在他前面的沈景和听到他的心声，微微停顿了一下身形。是啊，他怎么二话不说就跟了上去？是因为无条件相信沈景修？哼，怎么可能？他只是比较不相信温言而已。 一路上，沈景修也没让温言和沈景和动手，比如开门、按电梯这种小事，他这个当大哥的一个人全做了。但是进入眼前这栋建筑物之后，温言还是忍不住开口提醒：“大哥，这真不是肿瘤科的住院部。”不料沈景修却说：“我知道。”温言、沈景和、沈景修继续面不改色的说道：“进来就知道了。虽然赵晶住在肿瘤科的住院部，但我们总不能三个人都挤在他病房门口吧？这一点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说话间，沈景修打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 进门一看，温言立刻就意识到是自己狭隘了。好家伙，这明面上是一间办公室，里面其实架了一台摄像机，这相当于一个监控室啊！不用问也知道，对面正对着的肯定是赵金所在的单人病房。不过温言还是有疑问，那如果对面把窗帘拉起来了，那么又该如何应对呢？除了睡觉时间，护工是不会把窗帘拉上的。那护工话才说到一半，温言就闭嘴了。我就多余问，那护工肯定是败在了大哥的超能力之下。沈景修闻声轻扯了一下嘴角，护工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医生建议病人多晒太阳，多开窗户通风。温言，好吧，真的是想多了。不过大哥果然是大哥呀！Y Y D S 在这个位置观察比三个人同时挤在病房门口方便多了，就是听不到声音有点可惜。不过这个安排已经很周到了。还要什么自行车？温言走到窗户旁边，看见桌子上还有一个望远镜。他想着把摄像机的位置留给沈景修，自己用望远镜就好了。结果拿到望远镜却死活什么都看不见。他觉得奇怪，忍不住吐槽：怎么漆黑一片，啥都看不到？ 沈景修默默走到他身边，修长大手从他手里接过望远镜，“你忘记把盖子打开了。温”温言沉默是今夜的康桥。与此同时，沈景和嗤笑了一声。温言知道他在笑自己，就看了他一眼，发现此刻的他正举着手机。沈景和察觉到温言的目光，也转头看向了他。手机摄像头可以放大六十倍，你不会？好的吧？蠢证犯了。于是，一人暴毙站在摄像机前，两人举着自己的手机，三人就这样观察起对面病理的一举一动。看样子。 沈远和苏漾来已经有一会儿了，但是矛盾似乎还没有爆发，因为冒牌神芷柔不在。病房里现在就只有沈远、苏漾和吴鹏以及赵金四个人。不过三人观察了没一会儿后，冒牌神芷柔就来了。他似乎察觉到了病房里的氛围不对劲，但是又拿不准是什么事，因此回到病房后，第一件事就是笑着上前去和苏漾以及沈远打招呼。但是苏漾在他手触碰上来的前一刻就起身弹开了，矛盾也由此爆发。苏漾从包里拿出几张纸甩在了冒牌神芷柔的脸上。 不用猜也知道，那肯定是他们的亲子鉴定报告。因为冒牌沈芷柔以及她的养父母看到这份报告后，脸色立马就变了，场面一度混乱了起来。似乎冒牌货一家人都在试图向苏漾和沈远解释，可是铁证如山，苏漾和沈远怎么可能还会再信他们？冒牌沈芷柔甚至还在苏漾面前跪了下来。不该心软的时候，苏漾是绝对不会心软的。除了小时候调皮的那一两次，他活了这几十年还从来没有打过人。可在看到冒牌沈芷柔企图在他面前跪下求得他原谅的时候， 他一巴掌甩了过去，然而只打冒牌沈芷柔一巴掌，苏漾并不能消气。转身他又给了赵金一巴掌，最后是吴鹏。吴鹏人高马大，见苏漾的巴掌来了，下意识就要还手，只是他还来不及出手，沈远一拳就把他打得踉跄跌倒。二对三，温言看不下去了，我们去帮忙吧，不能让爸妈吃亏了。沈景和收起了手机，语气冷淡：“你太不了解老头子了。”沈景和话音才落，对面病房的情况立刻就大变样了。只见一对穿着警服的男人破门而入。 轻轻松松就将冒牌货一家人都给控制了起来，沈远则是扶着苏漾最后走出的病房。原来这就是沈远事先做好的准备。冒牌货一家三口要被请进局子喝茶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好多年他们都将会在劳改所里踩缝纫机吃牢饭。至此，对面病房里的混乱结束，温言一颗忐忑的心也归于平静。片刻之后，沈景修开口：“走吧。”“姑姑。”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温言的肚子唱起了空城计，他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嘻嘻，晚饭没吃饱。” 沈景和再一次毒蛇附体，呵，饭桶。然而话音才落，他自己的肚子就咕咕咕了起来，那动静甚至比温言饿肚子的动静还大。温言笑死了，饭桶，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是饭桶呢？我要是个饭桶，那你肯定是个饭缸、饭池、饭盒、饭海、饭银河，他咋不说饭宇宙呢？沈景和翻了个大白眼，幼稚。但有一说一，今晚的晚饭大家都只吃了两口就被打断了，然后又遇到了这么紧张的事情，肚子会觉得饿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温言提议，爸妈应该会去公安局配合调查，我们只要赶在他们之前回去就行了。回去的路上顺便吃个宵夜吧，大家觉得怎么样？沈景和哼了声，死傲娇。大哥你呢？好，嘿嘿，还是大哥好说话。因为要找吃饭的地方，所以回去的路上沈景修把车子开得很慢。这俩人问他们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所以温言只好自己选餐厅了。那边那边有一家馄饨店，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门口恰好还有停车位，这玩意儿煮起来快。 吃完，我们能早点回家。好，临下车时，温言忽然问沈景和：“二哥，要不我给你打包一份吧？一会儿你在车里吃。万一你要是被认出来了，就不好了吧？”管他！沈景和直接开门下车，还不让人吃饭了吗？他都要饿死了，谁敢阻扰他吃饭，他跟谁挤？三人很快进入了馄饨店。为了照顾沈景和大明星的身份，他们特意挑了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通过刚才在医院的表现，温言觉得沈景和心里其实并没有那么排斥和讨厌沈景修这个大哥。 只是他的性格约束了他的本心而已，所以温言决定给他俩制造机会。这家餐厅用的是长凳，温言上前去就独自霸占了一整条长凳，屁股坐一半，外套占一半。沈景和一下就看出了温言的意图，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沈景修倒是不介意和沈景和肩并肩坐的，不过刚坐下，他手机就有来电，我去接个电话。温言，你帮我点吧，我不挑食，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嗯嗯，大哥你先去忙吧。没想到冰山大哥竟然这么好养活呢。 小姐姐你好，我们这边点单。温言招手叫来了服务员，看到他的那一瞬间，服务员愣了愣：“美女你好漂亮啊，你是不是个明星啊？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不是不是。”温言连忙摆手，“我就是个来吃馄饨的。我要两碗全家福，大碗。二哥你呢？来碗鲜肉的吧，大碗。好的，几位稍等。”结果等三碗馄饨全都上来了，沈景修却还没回来，甚至沈景和还把他自己面前的鲜肉馄饨和沈景修位置上的全家福调换了位置。温言沉默了两秒钟。 有点不理解，冒昧的问一下，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喜欢全家福的，刚才就直接点全家福不就好了吗？全家福里有虾，对啊，有虾仁的。某人不吃馄饨里的虾仁，某人是指大哥吗？可是之前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看见过他家虾仁了呀。我说的是他不吃和肉馅裹在一起的虾仁，这你都知道。那刚才点单的时候你可以说的吗？我怕服务员认出我的声音，毕竟连温言这家伙都差点认出来了。哦，懂了懂了，不是我说你啊，二哥。 你看，你对大哥还是挺关心的嘛。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表达出来的。上次在大哥书房，我有注意到，大哥还记得你从小到大都不爱喝冰矿泉水，但是你都没接人家递来的水。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一会儿我告诉大哥，就说是你特意跟他换的鲜肉馄饨。你敢？我们之间的事不用你管。温言欺了一声，不管就不管，死鸭子嘴硬。而他们身后的不远处，听到他们对话的沈景修缓缓勾起了唇角，原地等了几秒钟后，他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温言果然没有多嘴。 沈景和也什么都不再说。沈景修本来就是个话少的，还好馄饨是真好吃，不然温言就要憋死了。也许是因为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缘故，回到沈家别墅，舒舒服服洗了个澡后，温言很快就睡着了。沈景修和沈景和兄弟两个倒是一直等到沈远和苏漾回来，询问了一下事情的进展，说是如果以诈骗罪起诉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沈远觉得这个惩罚太轻，尤其吴鹏和赵金身上可能还背着其他罪，所以他打算继续运作一下这件事。 第二天，温言起了个大早，亲自跑到厨房去给苏漾做了爱心早餐。结果没想到，苏漾却重感冒病倒了。他没胃口吃东西，吃了感冒药后就睡觉，整天都浑浑噩噩的。沈远这天干脆也没去上班，嘱咐家里的佣人花了半天的时间，把冒牌沈芷柔房间里的东西全部都处理掉了。大概是心情不好的缘故，苏漾吃了药后感冒也一直不见好，总是反复高烧，最后不得不去医院输液。一连好几天，温言都泡在医院里陪着苏漾。而这期间，电影《师生》也杀青了。 沈景和也结束了手头上的工作，这些天他已经习惯回沈家别墅了。尤其现在苏漾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不过他今天回来是专门来找温言的。你看看，再一次，沈景和把手机递给了温言。温言发现了这个家伙是真的很懒，如果事件有截图，他是绝对不会口述的。所以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记者，他通过柴招娣摸到了当地一家黑心工厂，可能涉嫌人口交易，也很有可能和吴鹏、赵金有关。但是由于跨越了地域和年限。 所以很难联合调查，不错，也就是说他还是打算借用社会舆论来施压，嗯，但是那样太慢了。你去把这个消息报给老头子，这种有点线索的事情，他出手还是很快的。你为什么不去？明知故问。那我就不去。什么条件？你尽管开，没有哥满足不了的。不去就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我还要去陪妈。告辞。哎，为了撮合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我容易吗？我如果我跟他要个十万八万的跑腿费，他应该也是会给我的吧？呜了。 再见了，十万八万，十万八万，这还不简单？沈景河叫住了正要跑路的温言：“我给你十八万，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爷子。”瞧不起谁呢？沈景河，十八万我没有吗？我给你十八万零一毛，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吧。滚！竟敢拿一毛钱羞辱他，疯了吧？看来他对金钱的力量是一无所知。一百八十万，呵，打量我没有呢？沈景河咬牙，他今天还就和温言杠上了一千八百万。温言瞪大了眼睛：“不是，沈景河有毛病吧？” 他是不是疯了？但是谁会和一千八百万过不去呢？成交！沈景和，钱果然是万能的。温言，嘿嘿才怪，我骗你的。这种得来太容易的钱，我拿着昧良心。这是在家里和我在社会上，你可千万别这么冤大头，别人会骂你人傻钱多的。拜拜了你。沈景和默默的深呼吸，不气不气，揍人是犯法的。而温言早在耍完沈景和之后就跑没了影，沈景和就是想揍也揍不到。最后沈景和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去了沈远的书房。他敲门的时候，沈远还不知道门外站的人是谁，直到看到推门进来的是他，沈远脸上的表情立刻就从面无表情变成了惊讶。景和，你……沈远一时间有些不习惯，因为这么多年来，这还是二儿子第一次主动敲响他的房门，出现在他面前。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嗯，别说沈远了，就是沈景和自己也很不自在，多少年没心平气和跟眼前这个人正经说过话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难道也要像和温言交流的时候一样，直接把手机丢给他吗？可是他年纪大了，万一玩不转怎么办？别搞到最后把他聊天记录给整没了。这样想着，沈景和还是觉得由自己开口比较好。我来是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坐下说吧。说话间，沈远甚至亲自走到沈景和身后，替他拉开了一张椅子。沈景和更加不自在了，不用，我说完就走。不经意间瞥了沈远一眼，沈景和忽然发现沈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两鬓竟然有了几缕白发。 明明小时候他的头发还是全黑的，原来一眨眼竟然过去了那么多年。这些年算了，沈景和提醒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眼下还是正事要紧。事情是这样的，所以需要你帮个忙，你考虑看看能不能行吧。沈远本来就不打算放过吴鹏和赵晶，现在有机会挖出他们身上背负的其他罪名，他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不用再考虑了，你把那个记者的联系方式给我，我亲自找他了解情况。行，沈景和就知道这是老头子一定能干成。 瞧他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家子诈骗犯铁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了。当天晚上，沈远和苏漾两口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沈远忍不住对苏漾说：“老婆，你一定想不到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苏漾摇头：“我还真想不到，不如你直接告诉我。”平日里做成了百亿项目，脸上也不见笑的沈远，此刻语气中透着很明显的兴奋：“老婆，儿子今天主动加我微信了，他主动去我书房找了我，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你说是不是好事？真的吗？” 苏漾一下就反应过来，沈远说的是沈景和了。原本精神颓丧的他，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双眼里立刻亮起了光。他找你做什么？是一些关于吴鹏和赵晶的线索。之前我不是说让他们兄妹三人不要再插手这件事，由我一人来处理吗？他今天来就是找我汇报情况来了。虽然不是特意来找我的，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父子破冰的一个好兆头。起码他还是愿意和我交流，也是打从心底信任我的。是啊，苏漾叹息，景和这孩子从小就把爸爸当做是无所不能的神，特别的信任你。 否则也不会在当年你选了景修以后。哎，算了，那件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苏漾说着，轻轻靠在了沈远肩头。虽然贾芷柔的事情令人心碎，可是家里三个孩子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关系却越来越亲近了。这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但是让我更加没想到的是，景和今天居然主动找你了，老公。你说话说到这里，苏漾忍不住又哽咽了起来。你说我们这算不算是塞翁失马？我想应该算吧。黑暗中，沈远也渐渐皱起了眉头。直至今日，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 可是，在芷柔这件事上，他还是毫无头绪。本以为女儿已经失而复得，谁知道却……可是妻子说的也没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找不到的孩子，他还会继续找。家里的孩子相处得越来越好，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对了，沈远主动岔开了话题，贾芷柔的事情，老三和老四也知道了。老三这孩子，我们算是上交给国家了。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也是身不由己。但是景川很快就会回来了。怎么样，这个消息有没有让你开心一点？苏漾轻笑。 那个小崽子回来有什么好叫我开心的？不给我惹麻烦就好了。话虽如此，但苏漾说话时的语气明显轻快了起来。这一夜，夫妻两人难得睡了个好觉。神元所能发动的力量远比沈景和和温言想象的还要大。在最短的时间内，跨省的联合调查组就拿到了吴鹏和赵晶的犯罪证据。通过多地相关部门的调查和举证，发现柴招娣是被当地 A 犯罪团伙卖至 H 省深山的。虽然吴鹏和赵晶并没有直接参与柴招娣的交易。 但是他们却从柴招娣和倪三水的手中买走了他们的女儿倪丫头，而这个倪丫头正是假沈芷柔，她是吴鹏和赵晶收养的众多孩子里的其中一个。因为外貌出众，一直在协助吴鹏和赵晶从事诈骗行为。直到有一天，他们在网上看见了苏漾的照片，发现倪丫头和苏漾的外貌有六七分相似，而刚好苏漾和沈远又丢失了一个女儿，因此他们便为沈家量身定制了一场骗局。一开始，他们通过送沈芷柔回家得到了一笔丰厚的感谢金。 后来又用亏损的工厂当借口，得到了沈远的资助。当然了，这些都是开胃菜。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把假沈芷柔包装成真正的沈家千金，进入沈氏集团，甚至是将来继承沈氏集团的股份。所以说，诈骗罪这一条，你丫头和吴鹏以及赵金是没跑了。同时，联合调查组又从 A 犯罪团伙口中套出并抓获了犯罪团伙 B，而犯罪团伙 B 又供出了吴鹏和赵金。这一深挖，便就坐实了吴鹏和赵金，甚至是你丫头的拐卖罪。 因情节特别严重，倪丫头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沈远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拘留所里的倪丫头声称知道真神芷柔的下落，但不管警察怎么询问，他都不肯再开口。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再见沈远和苏漾一眼，除了沈远和苏漾，他不会把真神芷柔的下落告诉其他任何人。他无论如何都不开口，警察也拿他没办法，只好打电话通知了沈远。这些天，沈远基本都是在家办公。 因为他想陪伴在苏漾身边，温言暂时也没有工作安排，所以去拘留所见你丫头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去了。你丫头比之前憔悴了许多，整张脸上都布满了戾气。以前她的五官还是漂亮的，可是此时此刻竟显得十分丑陋。温言只看了她一眼，就觉得从她嘴巴里肯定吐不出什么好话来。他的眼神看起来好可怕，像是要吃人一样，感觉不像是真的知道芷柔下落的样子。爸妈该不会被他骗到吧？他要是真知道的话，早就可以拿出来做文章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呢？ 沈远和苏漾同时听到了温言的心声。其实他们心里何尝没有过这个怀疑呢？可是只要是关于芷柔的线索，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不想错过。说吧，沈远冷漠地看着泥丫头，关于芷柔的一切全都说出来。因为被锁在了椅子中，所以你丫头行动不便。见沈远开口，他忽然向前倾出了上半身。哈哈哈,哈，沈远，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你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就算是到死我也不会对你开口的。沈远眯了眯双眸，声音比之前更加冰冷了。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哈哈，也就是现在没有死刑了，否则你一定会动用你的关系让我死，对不对？沈远没有说话，他又继续笑道：“求我呀，求我，我就告诉你你女儿的下落，否则这一辈子你都别想找到她。”沈远咬紧了后槽牙，太阳穴上青筋暴起。第二次，他产生了想把眼前这个人弄死的冲动。第一次是他两个儿子被绑架，绑匪恶趣味的要求他二选一的时候。苏漾虽然迫切的想要知道女儿的下落，可是看到身旁丈夫隐忍难耐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他看着对面那个疯癫的诈骗犯，眼神轻蔑到了极点。你这个样子让我不得不怀疑你话里的真实性。你似乎只是为了泄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面对面坐在这里了。老公，女儿，我们走。苏漾说完，直接一左一右拉着沈远和温言的手站起了身。沈远和温言也一致赞同他的决定。终于，在他们即将要走出审讯室那扇门的时候，你丫头终于忍不住了。沈远，苏漾<杨>，告诉你们吧。 你们的宝贝女儿肯定早就死了，你们不会以为真的会有好心人救了她吧？就算她跳河没死，那个什么病也会把她折磨死。我向你们保证，她肯定不仅仅是是死了那么简单，一定还死得很惨。你们不是不肯放过我吗？告诉你，她也不会有好下场。我让你们得意，有钱了不起吗？还不是照样死女儿。我送上门给你们当女儿，你们不要是，你们没眼光，注定你们要死女儿。温言不知道沈远和苏漾想不想动手，反正他现在是受不了，想去撕烂那一张嘴了。 他挣开了苏漾的手，弯腰抬脚脱鞋，然后走上前去，照着那个疯女人的脸就是几下狂抽。这一系列的动作，温言做的那叫一个一气呵成。等外头有人进来阻止的时候，他也抽过本了。疯子，这一鞋是替真正的芷柔抽你的，这一鞋是替我爸抽你的，这一鞋是替我妈抽你的，最后这一鞋是替过去的我抽你的。去踩缝纫机吧，你的往后余生都要和缝纫机一起度过。温言最终被拉开，并警告：“你丫头在吐出一口血水后，却再次疯癫了。” 温言，你看不起我是吗？觉得我低贱是吗？可是呸！你有没想过你自己又能好到哪里去？你以为你的出生就光彩吗？你不是很能吗？发动整个沈家把我拉下了台，打入了监狱。回去自己好好查查你自己的过去吧。你并不比我干净多少。今天沈家夫妇能把我搞成这副模样，将来的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把他们当宝，他们把你当什么？信不信真的沈芷柔一回来，他们就会一脚把你踹开？够了！你真是令人作呕。 你不就是想挑拨离间？那真是要叫你失望了。像你这种阴暗的蛆，我们根本就听不见你讲的肮脏语。爸妈，我们走吧。出了拘留所，大家一致觉得外面的空气清新很多。确实，那个疯女人的话不值得当一回事。可是当天晚上回去，温言就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泥丫头那个冒牌货，以及真的沈芷柔，他们两个站成一排嘲讽他，嘲讽他的原生家庭肮脏不堪，嘲讽她鸠占鹊巢，霸占着沈家的爱。到最后，他的梦里甚至还出现了原来的温言，原来那个真正的温言。 梦里他一直在伤心的哭泣，哭泣自己的身世不堪，哭泣自己怎样都不会有好结局。这个梦令温言感到很不好受，以至于他醒来之后心悸了一阵，出了一身的冷汗。等他摸出手机一看，发现现在居然才早上六点多，外面天都还没亮。不过他已经没有睡意了。穿来之后，他不是在收拾之前原身留下来的摊子，是在忙别的事情，倒是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原来的温言到底是怎么没的。 可是他差点把脑袋都想炸了，也没在原身的回忆当中寻找到一丝蛛丝马迹，好像他咻的一下就来了。说起来，其实他自己也挺冤的，不过就是看了一本小说而已，好端端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他的魂魄就过来了。但是他却不知道原身的灵魂现在去了哪里。想到这里，温言觉得自己和原身不仅仅是名字相同，并且还同病相怜。他从床上爬了起来，怀揣着一颗五味杂陈的心，把原身留在这个房间里的东西仔仔细细都擦拭了一遍。 有些装饰品之前他不喜欢，还给收了起来。现在他决定拿出来摆在显眼的位置，好好纪念纪念原主。等到晚上，沈远从公司回来，温言主动敲开了沈远书房的门。爸，我给你拿了身茶来，放我桌上吧。沈远不常笑，看起来总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但是对温言的语气却是温和的。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温言嘻嘻笑了一声，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老爸你。那坐吧，别站着了。温言点头，随后开口道：“爸，是这样的，我忽然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身世。” 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好像一直都在和外婆相依为命，但是她后来生了很重的病，所以我就被送到孤儿院去了。以前我好像也问过外婆，问她我的爸爸妈妈到底是谁，但是外婆好像都搪塞过去了。小的时候我不懂事，其实挺恨我亲生父母的，因为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但是他们却不在我身边。我现在想知道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不知道您当初去孤儿院接我的时候，资料上都是怎么写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对于温言提出的这个要求，沈远是有些惊讶的。 因为当初接他回来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提过自己的原生家庭，就连他的外婆，他也不敢多提，一提就会伤心的掉眼泪。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更加没有提起过往事了。想到这些，沈远抬手合上了笔记本电脑，语气有些担忧：“妍妍，是不是昨天去见那个骗子的时候，你被他的风言风语给刺激到了？他昨天说那些伤人的话，其实就是出于报复心理，因为他受到了惩罚，他自认为不公平，所以才想让我们陪着他一起痛苦。你必须要清楚一点，他的话是不可信的。”“嗯，我知道的吧，爸。” 他挑拨不了什么，也左右不了什么。我只是忽然有些好奇，他只是忽然想要多了解原来的温言一点。不管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在这个世界里生活，还是跟过去来个了断，他都想要了解那段过去。沈远见温言的样子，并不像是出于冲动，便就点了点头。好，我当时确实是先看了你资料才决定考虑你，然后见到你之后就决定把你带回家了。你稍微等我一下，我来找找。嗯，谢谢爸。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文件，所以沈远翻了好一会儿，才从书架最里面找出一个档案袋。 那个档案袋已经有些泛白发旧了，温言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封口的绳子，将里面的资料拿了出来。挺厚实的一个档案袋，但是里面却只有薄薄的一张纸和一张他婴儿时期的照片。父亲一栏写着“不祥，母亲一栏写着“温柔”，以及一段他不知道的往事。根据记载，原来温言的母亲是因为车祸死亡的。当年温言才两岁半，出事的时候，母亲死死把温言护在了身下，这才挽回了温言一命。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这却讲述了一个母亲的一生。温言看过之后很感动。 原来妈妈叫温柔，真是一个温柔的名字。对了，爸，这里就只有我小时候的照片，没有我妈妈和外婆的照片吗？沈远摇头，没有。如果不是不得已，你外婆是不会把你送到孤儿院的。她后来已经有些痴呆了，又得了很严重的肾病。听说你们曾经居住的出租屋里很乱，基本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你婴儿时期的这张照片，是你外婆用塑料袋包着收起来的，没有潮湿，也没有发霉，被保存的很好。虽然并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可是光是听着这些温言，心里就有点难受。那我爸呢？ 真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不清楚。你的亲生妈妈沈远停顿了一下，随后才继续说道：“是未婚先孕。听说当初他坚持要生下你的时候，你外婆是极力反对的，但是最终没有扭过你妈妈。这种一般是不负责任，我听到的说法也是如此。但是我毕竟没有亲眼所见，所以也不能断定。也许你的亲生父亲是有苦衷，也说不定。”温言沉默了几秒钟。如果是有苦衷的话，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他应该会来找我的吧？就像你们寻找芷柔那样，从未停止过。 孤儿院一直都在，沈家也一直都在。如果真的有心找我，我想应该也不难。可是这么些年来，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谁在找我。妍妍，你永远都是我们沈家的孩子。沈远不擅长安慰人，这是他对温言的保证。谢谢爸爸。温言一边收拾资料，一边在心里对原来的温言说：“你看，你看，别为自己的身世哭了。不管亲生渣爸怎么样，我们是妈妈生出来的，认个妈就行了，能有什么不堪的？妈妈那么伟大，我们有妈的时候是被爱着的呀。虽然原来的温言不一定能听见。” 但是温言希望他能知晓，他的原生家庭一点也不差，他也是被妈妈和外婆爱护着的小公主。沈远见温言没再说话，以为他是得知真相后心情低落，他不禁皱眉问道：“恨你的亲生父亲吗？”温言不知道怎么回答，说不好。如果他真的那么渣的话，似乎也不值得我在他身上浪费感情。对了，爸，这张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能拿走吗？当然可以了。妍妍，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搞清楚当年的事实也好，或者是质问也好，如果有一天你想找到你的亲生父亲，尽管告诉爸。 沈家一定倾尽所能去帮你查找。温言小心收好照片，笑了笑说：“这人不一定配咱们家劳心劳力呢。”爸，你放心吧，我心里没什么不舒服的。那就好，那我就先出去了。爸，你也别忙太晚了，早点休息。温言麻溜的离开了沈远的书房，结果一打开门，发现沈景修正抬着一只手准备敲门。大哥，你找爸呀？嗯。与此同时，沈远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是景修吧？进来。”沈景修在沈远的书房里待了大约十分钟。 他出去的时候，温言正在一楼客厅逗沈景和的猫玩，因为沈景和又出差去拍摄了，而且苏漾也喜欢猫，所以温言干脆就把沈霹雳给接了过来。温言其实已经单独给沈霹雳准备了一个房间，但是这个家伙就是喜欢在一楼客厅里跑酷，跑着跑着忽然撞到一条大长腿，然后他就临时刹车掉头逃走了。温言一看，好家伙，原来沈霹雳是撞到沈景修了。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沈景修先开了口：“现在有空吗？聊一聊。”温言点头：“有。” 但是他心里很好奇，大哥竟然主动找我聊天，他要和我聊什么？假沈芷柔的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沈景修点头，好，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把手里的文件拿回去放好。好的，这是要在哪里聊啊？他怎么不喊我去他的书房了？就在客厅吗？听到温言那活蹦乱跳的心声，沈景修微微勾起了嘴角，看来他心情还挺不错的，没他想的那么低落。他转身大步走回了二楼。过了大约七八分钟后，温言忽然收到了沈景修的消息。 来玻璃花房吧，玻璃花房。温言很是有些惊讶，但还是立刻回复了一个好字。很快，温言就走进了花房。这座玻璃花房里装饰了很多太阳能小灯串，只要白天有太阳，晚上这些灯串就会发光。沈景修会把谈话地点选在这里，温言着实是有些意外。大哥，大哥，你已经到了吗？花房里不仅仅有各种花卉，还有不少高大的植物。温言一时之间还真没看到沈景修在哪里，直到沈景修发出回应，温言这才在一条长凳前发现他。 这是一条装饰性的长凳，上面爬满了白蔷薇，而此刻的白蔷薇花丛里正安安静静的躺着一只复古绿的包。如果温言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今年秋冬的全球限量款。他之前在苏漾给他的奢侈品小册子上看到过，图册上这只昂贵复古精美的绿色包包是被白色玫瑰簇拥着的，只是现在簇拥着它的白色花卉变成了蔷薇。所以大哥特意把我叫来玻璃花房，就是为了复刻这一场景。那这包应该是送给我的吧？如果不是，好吧，那就尴尬了。怎么样？ 喜欢吗？温言点头，很难不喜欢。这难道是送给我的？嗯。温言睁大了眼睛，为什么？谢礼？谢什么？假芷柔的事情吗？可以这么说，那就是还有其他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这同款的包，我记得还有其他颜色，为什么是绿色？因为你送我的蛋糕。温言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我送了你一块抹茶色的蛋糕，所以你就送了我一个绿色的限量版包包。还有芷柔的事情，感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啊，他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但是挺开心的，有被真心认可到，好像只有你知道我喜欢甜食，我吃的时候很开心，哈哈，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啊！一开始还真不知道他爱吃。还有一件事，说起来有些冒昧，什么事？怎么了？刚才我在爸书房门外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哦，那个呀，没事的，本来也是事实嘛。沈景修点头，希望你开心。走吧，聊完了。温言，不愧是雷厉风行的大哥。其实我还想留在这里拍个照片呢，毕竟那么好看，不拍照记录实在是可惜了。 沈景修，我想起来还有个电话没打，那我就先回去了。好，拜拜。收了个超好看的包包，温言心情瞬间变好。他把东西在衣帽间摆好，自言自语说：“看见没有，温言，我们今天收到了一只包，好看吧？”也许是今天心里念叨原身次数多的缘故，晚上睡觉的时候，温言又梦到原来的温言了。梦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面对面站着，像是在对着镜子说话一样。温言问他：“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我的记忆中什么都没有？”对面的温言却说：“我哪儿也没去。” 我只是觉醒了，我知道了，我的世界是一本书，我在这本书里会因为给大哥下药犯下大错，最后被打回原形而绝望自杀。当我觉醒后，原来的那个温言就不见了，然后机缘巧合之下你就来了，得到了这具躯体，继承了他的生活。不过还是要感谢你揭穿了假千金，让他不再被误会。温言不理解，那你呢？就此消失了吗？另一个温言摇头，我不认为这是消失，脱离了剧情力的掌控之后，我就自由了。也许有时候我是一阵风，又或者是一朵云，但你还是你自己。希望接下来。 你能继续开心快乐的做你自己，不要被任何不相干的人影响了心绪。不过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既然我能觉醒，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角色也会觉醒，但我不知道那些人可能是谁。祝你接下来一路顺风顺水。温言，这一次温言醒来后没有心悸，胸腔里反而是生出一股闷闷的伤感来，但同时他也如释重负。如果说之前还想为原身查一下他的亲生父母，替他了却遗憾什么的，那么现在他是一点也不想了，因为现在的温言就是他自己了。早饭过后。 苏漾问温言：“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温言笑着摇了摇头：“最近我休息，什么工作安排也没有，刚好在家陪你。”妈，要不我们今天出去散散心吧？秋高气爽的天气，我们去游湖怎么样？”苏漾听后忍不住咳嗽了两声：“我在家已经歇了好多天，也该回工作室去看看了。”不行，我收回刚才的提议。你看你咳嗽还没好呢，不适合游湖，你得把病养好了才能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其实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然而话音一落，他又忍不住咳嗽了起来。温言刚想开口再说点什么。 他放在一旁的手机忽然就滴滴滴响了起来，打开一看，原来是王彻发来的消息。温言，可以啊，你又火了，我咋就没你这么强的实力和运气呢？温言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两行字，一脸懵逼，啥意思？你在说什么？我怎么火了？温言甚至还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这些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也没干什么事啊。你咋回事？失忆了吗？还是最近忙晕了头？我不是早就和你说了吗？画龙提前开播了，你那个白月光的角色刚一出场就杀疯了。 网上到处都可以刷到那一小段的视频和截图，你一搜就知道了。温言想了想，可我记得我戏份不多，而且好像是出现在中后期吧。这才开播多久，怎么就播到我的戏份了？王彻，那你可能是没注意，目前这一集有一段魔尊的回忆，你就是在他的回忆里面出现的。讲真，你的运气真好，刚好剧组换演员你去了，并且被选中。之前我不是和你说换演员是因为原来的演员有问题吗？要我说，这个组也是够倒霉的，拍完之后发现好像还有别的演员也有问题，所以。 制片方赶紧找关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部剧给播了出来，要不然以后可能就没机会播了。男女主自带流量，讨论度一直不低，但是没想到除了男女主外，竟然是这部剧里第一个火的。你就等着吧，这泼天的富贵马上就要交到你头上了。严姐，等你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小弟我啊。温言被王彻的最后两句话逗笑，一旁的苏漾见了不禁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可以说出来和我分享一下吗？嗯，温言把高兴都写在了脸上。 我上次临时去演的一个小角色，居然小火了一把，得到了好多观众的喜爱，是吗？是什么角色？哪部戏？我看看。温言没去搜电视剧，直接把网友剪辑的视频找出来放给了苏漾看。苏漾一边看一边夸：“网友说的没错，我们家妍妍的颜值确实是高，这一扮起来那是演什么像什么，嗨嗨，可可嗨妈！我发现你一直在咳嗽。”温言赶紧用手背试探了一下苏漾的额头：“你又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你这样一直咳嗽，小心是肺炎。”苏漾摇摇头：“不会的。” 不过就是感冒反反复复而已，那不行，这个你说了不算的妈，得医生说了才算。在坚持要去看医生这一点上，温言表得很强势，苏漾扭不过他，只好去了医院。结果一查还真是肺炎，医生建议输液并住院观察。温言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沈远，然后回家替苏漾收拾贴身衣物等日常用品。等他再回到病房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的男人从苏漾的病房里出来，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 高挺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黑色大墨镜，温言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人很眼生，同时他也感到奇怪，这个人怎么会从苏女士的病房中走出来？他也没顾上许多，立刻加快步伐，推门进入了苏漾的病房。妈，刚才从病房里出去的那个穿着一身黑的人是谁啊？听到这个问题，苏漾讶异的看向了温言，你没认出来吗？温言一脸疑惑的摇了摇头，我、哦、没有。他戴着一个大墨镜，帽子都快盖住眼镜了。原来是这样，苏漾轻笑。 那是你四哥啊？怎么他看到也没和你打招呼吗？温言再次摇头。好家伙，原来刚才那个人是沈家老四沈景川啊！他可算是回来了。按说他早在半个多月前就该回来的，但是他所乘坐的飞机在飞行途中忽然出现了机械故障，于是不得不被迫降落在海中的一个小岛上。更加倒霉的是，海岛上的天气十分恶劣，根本就不适合飞机起飞，因此他和那架飞机上的乘客就被滞留在了当地。现在看来，应该是他的滞留已经结束，顺利飞了回来。 即将要解锁一个新的家庭成员，温言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搜索起原身的回忆。他想了解一下原身记忆中的沈景川是什么样的人，原身又是如何和沈景川相处的。结果，事情的发展却令温言出乎意料，他竟然搜索不到任何有关于沈景川的记忆。不仅如此，在他穿来之前，原身的那些记忆也全都成为了空白，除了已经转化成他自己记忆的那一部分。可是明明以前搜索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怎么忽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状况？温言思来想去。 觉得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这个现象应该是和原生的觉醒有关。原生说他脱离了剧情里，自由了，所以原本束缚着他的那些记忆就跟着他一起消失不见了。妈，你手机里有四哥的照片吗？好久没有看到他，我都快要忘记他的长相了。啊！苏漾被问懵了，你这孩子，你是认真的吗？还是在开玩笑？温言笑着说：“妈，我真的是认真的。”苏漾并没有把温言的话当一回事，但还是把自己的手机解了锁，翻出了沈景川的照片。这是前不久我生日晚宴上。 和你四哥的合照，你仔细看看，你就在后面角落里呢。当时也入镜了。温言凑过去仔细看了看，默默记住了沈景川的样子。那四哥今天晚上回家吗？应该不回，他说晚上约了朋友谈事情。你也知道的，他一心都扑在了赛车上。这次回来，听说是想弄一个俱乐部。陪了我待了没几十分钟，就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温言点点头。沈景川喜欢赛车这一点倒是早就转化成他自己的记忆了，好像他在国际赛事上排名还挺高的。但是他似乎受过伤，差点连命都丢了的那种。 所以沈远极其反对他做赛车手。那看来四哥这次是打算长期在国内发展了，这是个好消息。是啊，苏漾眼角眉梢都是笑意。你们想做什么，我都不反对，只是希望你们都能离家近一些。他不去国外了，我确实挺高兴的。要是你三……苏漾话还没说完，温言就有电话进来了。温言见是不认识的号码，就把电话给掐断了。结果他刚掐断，对方就又打了过来。苏漾就示意他先接电话。接通电话后，温言才发现这个电话原来是王彻的经纪人花姐打过来的。 上次在片场试镜画龙白月光那个角色的时候，可以说是花姐牵的线。当时他就表达出了想要签下温言的意愿，不过温言拒绝了。现在他再一次抛出了橄榄枝，温言猜测应该是和他刚因为白月光那个角色小火了一把的原因。只是没想到花姐的动作会这么快。可是温言还是想等那个人的出现，所以他再一次婉拒了花姐。挂断电话后，温言打算继续陪苏漾聊天，谁知道他才刚放下手机，周俊业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竟然也是来牵线搭桥的。 说是有好几个人想找他合作，问自己要他的联系方式，问他要不要考虑。这些人当中有导演，有制片人，也有经纪人。温言想了想，除了经纪人之外，其他他都愿意聊一聊。苏漾见温言这么忙，在他结束了通话后，便对他说：“妍妍，其实我知道这段时间你没有安排工作，一直待在家里，是因为担心我情绪崩溃。但是芷柔的事，我心里其实已经接受了一大半。当然了，我和你爸不会停止寻找他。我很欣慰，也很高兴，这些天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每天给我做好吃的，给我换鲜花。” 陪我说话，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更加不能继续消沉下去。我得开始工作了，不然我的脑子和四肢就要生锈了。而你这么年轻，充满活力，更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不是要和导演聊工作吗？电话里不好聊，直接约在外面见面聊，不是更方便？妈，你说的的确是有道理，可是你现在正在肺炎中，你得休息，不能立刻工作。我这肺炎就是因为太闲才得的，放心吧，我会劳逸结合。正说着，苏漾的助理就进来了，苏总。 这是您让我带来的资料，嗯，放床头吧。说完，苏漾又温柔的对温言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我电脑上的设计稿现在可不能外泄的，不是我工作室的设计师是不能看的。”温言知道这是苏漾赶自己走的借口，便就拿起了包和外套。那我一会儿会打电话查岗的，你可不能超负荷工作。出了医院，温言就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回了自己公寓一趟。之前收拾东西从沈家别墅搬出来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比如银行卡什么的都拿到了这里来。 现在他打算过去查一查，所有卡里加起来还有多少钱，因为之前和沈景和以及周俊业他们一起撤热搜的时候花了不少钱。周俊业的那个电影和画龙里客串的白月光也没多片酬，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他一直在吃老本。看到存款余额越变越少的数字，温言意识到自己不能坐吃山空，必须得接点活干干。主要是天天待在家里也挺无聊的。想了想，温言主动找了沈景和。他找沈景和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都是发消息。二哥在吗？ 空闲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人？此刻的沈景和正在做专访，一直到结束才给温言回消息。打听谁？西西，二哥，你在圈里人脉广，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做秦微染的经纪人？他现在很可能还是个新人。秦微染？沈景和仔细想了想，如实的回复了温言：“我从来没听说过。”温言有些失望。不过沈景和的新消息马上就进来了。但是我今晚回来，如果有美味的小蛋糕吃的话，那我可以帮你四处打听打听。好啊，好啊，这还不简单？ 必须得有，你要什么口味的？我保证安排到位。来一点和之前不一样的就行。好的，那你忙，不打扰你了。嗯，结束了和沈景和的对话后，温言忽然想到了沈景修，反正也要去买甜点了，沈景修刚好也喜欢，都是一家人，肯定是顺带一起买了。大哥，你今晚回家不？沈景修正在开会，一般开会的时候他会把手机放在手边，但基本不会操作手机。可是看到温言来信息，他下意识就把消息点开了。怎么了？有事找我吗？温言，没有没有。 就是我今天要出门一趟，会买甜点回家。如果你在家的话，那我就多带一份回来。本来打算加班的沈景修是不准备回别墅的，可是温言会买那个很好吃的小蛋糕。他犹豫了片刻，回谢谢。那大哥你要什么口味的？如果可以的话，和前两次不要一样。温言这俩不愧是亲兄弟，连要求都一模一样。结束了和沈景修的聊天后，温言给手机充了个电，刚充满准备出门的时候，王彻忽然打电话来约他出去吃饭。反正下午也没什么安排，温言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现在的知名度都不太高，因此也不怕出门被认出来。他们约着吃了个火锅，一边吃，王彻一边给他的经纪人花姐做说客。我说真的，温言，你就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们公司吗？花姐看好你，你现在要是答应和他签约的话，他手上的资源肯定会优先倾斜给你。温言哼了一声，我就知道你这个时候找我出来吃饭的目的肯定不单纯。不过我现在真没有这个打算，所以你也不用浪费口舌了。为啥呀、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经纪公司联系你了？你有主意的了？温言摇头。 没呢，我暂时是不打算和任何一家公司签长约的，不自由。你签了多少年呢？三年还是五年？五年。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五年其实挺久的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意思，就不再多问了。今天主要是吃得开心，来碰一个。温言点头，端起果汁和王彻碰了一下，又补充说：“对了，花姐那边你说点漂亮话，她几次三番找我，其实真的挺有诚意的。虽然以后不一定合作，但是我也不想和她闹僵。这个你就放心吧，我有分寸的。” 你是我进入这个圈子以来的第一个朋友，我肯定不会坑你的。嗯，说起来，画龙那个角色还是你拉我去的，我能吃到这波红利少不了你的作用，所以今天这顿我请，你可别跟我抢买单。行，这次我们就女士优先，但是下次就得我来了，这你就放心好了。温言开玩笑，下次你想让我请我还不乐意呢。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什么事？我想让你帮我留意一个叫秦未染的人，他应该也是咱们这个圈子的。如果以后你碰到或者是听说了他，麻烦你跟我说一下。 王彻点头，同时感到好奇，这个秦微染是谁啊？对你很重要吗？温言笑了笑，随口应付道：“很久很久以前见过的一个人，但是失去了联系。”行，我知道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一听到这个名字，肯定马上告诉你。火锅结束后，两人各自分开。温言愉快的去选购了甜点，又给苏漾打了个电话问候，然后他才打车返回了沈家别墅。他刚下出租车，就见一辆火红的跑车从出租车旁呼啸而过，那高调的声响都快把天给震破了。 虽然车跑得飞快，温言只看到了驾驶座上一道残影，但他百分百可以确定那个人是沈景川无疑。家门口都把车开那么快，难不成是和家里人闹不愉快了？果不其然，一踏进大门，温言就发现家里的氛围不太好。沈远黑着个脸坐在沙发上，见到温言话也没说，就起身回了书房。张嫂见温言手里提着东西，赶紧过来替他拿拖鞋。温言拒绝了他的服务，我自己来吧，张嫂。又小声问道：“爸这是怎么了？难道是我四哥惹他生气了？”张嫂点点头。 压低了声音，四少爷回来，狠狠和先生吵了一架，先生气的把杯子都摔了。刚才收拾干净，你今晚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最好就不要去找先生了。嗯，知道了，谢谢张嫂提醒。温言换好鞋后，先把蛋糕送给了沈景修。这次他选的是芒果味，沈景修依然很喜欢。沈直男，景修甚至已经在想市面上有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芒果黄的包了。紧接着，温言就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换了一身舒适的家居服，然后又提着甜点去了沈景和的房间。 诺，no, 一共两块，给你先选。沈景河看了眼其中一块巧克力口味的蛋糕，目光略带嫌弃。你还可以回来再晚一点的。然后这些蛋糕吃下去之后，直接就可以在你的身体里堆积成脂肪了，都不用身体费力气吸收和转化，多便捷。温言，这家伙是毒舌症又犯了吧？那你吃芒果味的就好，巧克力的我自己吃。沈傲娇，锦和冷哼了一声，随即拿走了芒果味的。温言默默挖了一口巧克力蛋糕，问沈景和，你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该不会也是和四哥有关系吧？” 我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他了。你看不到他才怪，他那辆车的轰鸣声都快把整个别墅都掀翻了。这你要是还注意不到他的话，那你肯定是耳朵有问题。你不喜欢他？没有，我只是看不惯他。温言挑眉，这还不叫不喜欢吗？嘿嘿，八卦时间到。沈景和，请说出你和沈景川的故事吧。沈景和无语，好奇心还挺重，但也要能撬开他的嘴才行。他可是长了一张铁嘴。温言，他好像和爸吵架了，哎，吵得还挺凶的。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爸脸都黑了。 哼，与我无关。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关心。事实上，今天白天我去医院看妈的时候，也碰见四哥了。四哥这次回来，应该就是为了看爸妈吧？毕竟揭穿了冒牌货的事情。呵，沈铁嘴，锦河冷嗤了一声。不过就是回来要钱的，老头子不肯给，当然就翻脸了。要钱，在已经转化成温言自己的那部分记忆中，沈景川就是一个喜欢飙车赛车、游手好闲、挥金如土、狂炫酷霸拽的纨绔子弟。虽然这部分浮于表面的记忆很粗浅。 但沈景和的话似乎是给沈景川的这个人设盖了个章，不然呢？你以为随随便便一辆车的引擎声就能炸街吗？他刚才开走的那辆跑车，千万起步。温言点点头，这么说的话，好像也能对得上了。苏漾说了，沈景川以后似乎都打算在国内发展了，然而发展离不开资金，所以他就回家来找爸爸拉投资了，结果却不欢而散。所以你是因为他总是伸手找父母要钱，所以才看不惯他的吗？温言女士，请问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想法？ 你该不会是想说我嫉妒他能从老头子那里要到钱吧？温言摇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当然不是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从老爷子里拉到投资？温言眨了眨眼，不信。除非你现在就去找爸。沈景和眯了眯眼，我发现你在看戏，你就是激我下去找老头子说话是吧？温言抿唇憋笑摇头，并没有。哈哈，幼稚傲娇又有点可爱的沈景和，原来是因为嫉妒啊！沈景和白了温言一眼，我只是看不惯他的脾气，难道你喜欢他那样的？ 这叫温言怎么回答呢？他什么记忆都没有了啊！温言摇摇头，我不知道，好像我们也没什么机会相处。不过我觉得他对妈妈挺好的，这一点和你一样。你看你平时那么傲娇，对爸和大哥都是不理不睬，一开始对我也不咋地，但是跟妈的关系就很亲热。其实妈特别希望咱们一家人能够相处得其乐融融，像其他正常温馨的家庭一样。沈景和轻扯嘴角，可沈家不是其他普通家庭。你是多少岁到沈家来的？十多岁的时候吧。嗯，十一岁。 那就对了，你来的时候爷爷已经过世了。之前他还在的时候，沈家是很压抑的，哪像现在这样。沈景和话才说完，温言的手机就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有些讶异：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呢？谁？一个制片人找我谈工作的。那你接吧，这个时间他们在工作也正常。沈景和想了想，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在我这里接，我可以给你参谋一下。那我开免提。嗯。温言这边把手机声音外放了。 原来是一个制片人兼导演邀请他参加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不过在沈景和的示意下，温言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让对方给他一晚上的时间考虑。通话结束后，沈景和就主动帮温言分析了起来。首先，这是是一档野外生存挑战、荒野求生类的综艺，和其他室内综艺不同，你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都是问题，你能吃得了这个苦吗？能、嗯。温言两眼放光，老实说，他对这类综艺还挺感兴趣的，感觉比其他综艺都要刺激。 关键是，他现在需要曝光，需要收入，这可是主动送上门来的工作，不接白不接。沈景和却半信半疑的看了他一眼：“你这么肯定？”“是啊。”温言再次点头。上次拍《师生》的时候，不也是在大山里吗？我不怕吃苦。沈景和也点头：“那行，你接吧。”啊！温言懵了：“你的建议也这么干脆的吗？你就说了个首先，没有然后了？也不是没有，但我并不建议。”“哦，洗耳恭听。这种综艺想要有爆点，你得立人设，要抓人眼球的。” 但是人设立不好，容易翻车，那就不立。反正不做令人讨厌的事情就行了，对吧？你这话也没毛病。那还有没有其他建议？有，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仔细，别被坑了。这个你放心，我会一个字一个字仔仔细细看的。那我给制片人回电话喽，我怕太晚了，机会就一闪而逝了。定了这档真人秀节目后，温言就回到了自己房间，刚扎好了丸子头，准备去洗漱的时候，房门忽然被敲得砰砰响。温言有些纳闷，他在沈家别墅住了这么久。 目前还没有人像这样敲过他的房门，该不会是出什么大事了吧？他三步并作两步，赶紧上前去把房门给打开了。结果出现在他面前的居然是沈景川。嗨，温言抬起手向沈景川打招呼，晚上好啊，四哥。紧接着他的内心就活跃了起来，吓死我了，他不是走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没开那辆炸街的车吗？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面色冷酷的沈景川忽然睁大了眼睛，发生了什么？他听到了什么？ 难道是他回国前在那个小岛上拜的乱七八糟的神显灵了？当时因为飞机迫降在那座小岛上，他不得不在那里滞留了十来天。滞留在那里的每一天，他都极其无聊。前几天他一直睡觉，后来实在睡得头疼，就起来逛岛。逛岛的时候，他发现当地人信奉着很多神，并且还告诉他他们的神灵很灵。当时的他想到自己口袋空空，又急需要钱，所以就向当地的神灵许愿，回国后能够财运亨通，顺利拿到足够的钱。当地的神灵守护者就帮他算了算。 说他回国以后会有奇遇，那个人会帮他带来一大笔财富，令他心想事成。而且当地人说外语说的是 she，所以眼前的温言一定就是他回国后的奇遇了吧？沈景川看着温言，薄薄的唇角微微勾起了一个弧度，使得他冷酷帅气的外表产生了一丝不和谐的皲裂。温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其实今天才匆匆擦肩而过两次，但是他的微表情有点吓到温言了。虽然他真的很帅，但是他盯着自己看又奇怪的笑真的挺渗人的。温言勉强笑了笑。 四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嗯，我想找你借一千万。啊？温言以为自己听错，借借你一千万？可是我没有啊！他怎么一开口就找我借钱啊？还是一千万？我们有这么熟吗？沈景川的脸色变了变，你不愿意？关键是我也没有啊！你没有一千万？对啊，你不是也没有吗？你要是有的话，应该也不会来找我借吧？沈景川竟无言以对，随即失望的情绪爬满了他的眼底，他盯着温言看了好几秒。 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受伤的情绪。温言，因为是过去的承诺，所以就不用遵守了，是吗？啥？温言万脸懵逼，什么过去的承诺？啥玩意儿？他是一句也没听明白。行了，我懂了，我不会再来自取其辱。等一下，温言云里雾里的一团懵，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你刚才说的过去的承诺是什么？然而，沈景川完全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意思。温言觉得今日事还是今日毕比较好，于是立刻追了上去。 可因为走得太急，他脚上的鞋子掉了一只。等他迅速回头穿好拖鞋，再次追出去的时候，大长腿沈景川早已经乘坐电梯到达了一楼。如今时间也不早了，温言也不好意思站在三楼往下喊，说不定家里其他人已经上床睡觉了。他无助地叹了口气，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才发生的事实告诉他，原来的温言和沈景川之间肯定是有点什么交情的。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他脑子里已经没有了原身的记忆。之前有的时候，沈景川又一直在国外没回来。 他也从来没主动去规整过记忆中关于他的片段。想到这里，温言立刻翻开了常用手机和另外一个备用手机的通讯录，但是两个手机从头翻到尾，他都没有看到沈景川的名字。不过好在微信通讯录里面有他，然而点开一看，聊天界面却是一片空白。换另外一部手机重新登录账号查看，结果也是一样。不过这么多年来，原身不可能只换过一两次手机。如果在某次更换手机后两人没再联系过，那么新换的手机里是不会有原先的聊天记录的。 但是这个房间上次找到日记本那会儿温，温言就已经把他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当时他并没有找到淘汰不要的手机。既然一个人在这里瞎忙活找不到，那直接问对方好了。温言如是的想着，给沈景川发了一条消息过去。结果对方账号秒回他的，竟然是一个红色感叹号。沈景川竟然把他给删了，这下是联系不到他了。这不科学啊！除了和养父母之外，原来的温言好像和这个家里的其他人关系都不咋地啊，怎么会和沈老四有交情，并且还许下了承诺呢？这家伙。 急得温言都开始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了。再一次尝试回忆无果后，温言选择了请求外援。二哥，二哥，睡了吗？问你件事呗。没睡。说，你觉得我以前和四哥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跟和你的关系比起来，哪个更好？温言这条消息发出去后，对方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看着这个提示，温言有点小激动。他在想，沈景和肯定是打了一场串字，能够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结果几十秒过后，温言等来的却是沈景和一条只有区区八秒钟的语音。 你是不是晚上巧克力蛋糕吃多了，脑子被糊住？你和沈景川的关系，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对不起，打扰了，是我抽风了。晚安，二哥，祝你有个好梦。晚安。看到这两个字，温言不禁挑眉，有进步，这家伙还学会说晚安了呢。不过他也确实是该去洗漱了。至于沈景川的事，等明天睡醒以后再说吧。不过真到了第二天，温言又没闲着，他得去把野外生存挑战的那个合同给签了。这档综艺节目的名字叫做《丛林日记》，到时会以直播加剪辑录播的方式在网上播出。 目前温言拿到的只是第一季的合同，他只知道节目组一共邀请了七名嘉宾，但是除了他以外的其他六个人是谁，节目组并未透露，说是要给观众和嘉宾本身一些神秘感，甚至连第一季度的挑战地点，节目组也没有说，节目组只给他发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集合这些基础信息。搞定了合同以后，温言还要去医院看望苏漾，然后还得去和周俊业吃饭，在家里闲了个把月后，他一下子就忙碌了起来，期间他回了一趟原生的公寓。 在那里找到了两台平板，只是很可惜，平板上面依然没有和沈景川的聊天记录。而这几天他也没有再见到过沈景川。很快，国内首档野外生存挑战节目《丛林日记》就开拍了。当天早上七点，节目组就在机场开启了直播。这个节目虽然做了预热，但是因为题材在国内并不流行，再加上节目组也没有事先公开邀请的嘉宾，所以一开始进入直播间的人并不多。但这也是制片方的一次试探，看看国内观众吃不吃这个节目，并采取网络直播加电视台录播的方式播出。 这档综艺能不能爆，大家心里其实都没底。温言也明白这一点，不然制片人也不会找他了。一个最近有点黑红的新人小演员，要是有观众基础和热度的话，都不用制片方联系，很多艺人都会主动洽谈。温言因为搞错了时间，所以提前了整整四十分钟到达了机场。他本以为自己会是第一个，甚至会比节目组还早，但没想到他去的时候，节目组早就准备妥当，并且另外两个男嘉宾也已经到场了。他们分别是最近翻红、迎来事业第二春的偶像兼实力派演员金浩。 以及过气但曾经红极一时的男歌手许和，两人年纪都不小了，四十多岁，因此温言见到他们立刻上前去打了招呼：“浩哥好，何哥好，我是新人演员温言，很高兴见到你们，接下来还请多多指教。我先去打卡。”应节目组的要求，每个嘉宾在到达机场和节目组汇合以后，都需要发一张和《丛林日记》标牌的合照，并发一条打卡动态，邀请粉丝们来直播间。金浩和许和早就已经发过了，温言是第三个到的，所以现在轮到他了。因为时间比较早。 所以直播间的野生观众并不多，但是有不少金浩的粉丝已经从他的动态追过来了。节目组直播间的弹幕也随之被刷了起来。啊，我们金队什么时候接了一个综艺？这要不是我起的早，起不就要错过了？金浩今年翻红靠的就是一个刑警大队长的角色，所以他的新粉都称呼他为金队或者是金队长。意外之喜啊！谁能想到我一睁眼就能看到早上七点钟的金队啊？金队还是那么帅。这个节目有点意思啊！早上七点就开始直播了，是打算全天直播吗？ 我是被我室友喊起来的，我以为他逗我，刚准备捶他的，结果我看到了什么？金队，金队旁边那个是谁？唱歌的吗？怎么这么眼熟？呜、哦，前面的，那是我和我哥的男神，也是我妈年轻时候的男神许贺。给你们安利一下，许贺是著名歌手，代表作有《星夜》《一见钟情》。咦，我看到温言了，温言是谁？没想到他也参加了这档节目，不可能就三个嘉宾吧？不知道还有谁？这个节目组也是六，居然没有提前宣发，因为已经开始了拍摄，所以嘉宾们不被允许玩手机。 因此，直播间的弹幕嘉宾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却能看见。几个导演已经小声嘀咕了起来。目前看来，金浩的粉丝最活跃，温言的粉丝也进来了，许河那边差一点。而很快，其他几个嘉宾也陆陆续续到达了汇合点。他们分别是超模秦烟，最近刚爆了一部古偶剧的小花敏夏夏，以及不温不火的小鲜肉尹浩宇。秦烟刚进入镜头的时候，满屏就刷起了“大长腿”这个词，瞬间吸引了不少路人观众。等到小花敏夏夏出现后，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更是在短时间内飙升到好几万，来的几乎全部都是尹夏夏的粉丝。尹夏夏的这些粉丝是有组织的，进了直播间以后就开始刷礼物、造热度，分分钟就给直播间拉来了不少流量。而人一多，声音就砸了。救命啊！夏夏杀我！她真的好漂亮啊！本人看起来好甜，不亏是甜妹天花板。天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尹夏夫妇合体，真人 CP 滚出！什么都磕，只能害了你自己。尹浩玉这个胡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贴夏夏？ 哟了，闵夏夏现在火了就开始不认人了是吧？当初他们两个合作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你们女方先开始捆绑炒 CP 的好吧？我服了，这是野外生存节目，不是恋综，你们 CP 粉能不能别在这里撕逼啊？节目组绝对是故意的，故意邀请这两个人来制造噱头。是啊，还邀请了一个黑红没什么作品的温言，什么没作品？画龙里的出圈白月光就是温言演的好吧？别张口就来，不是你们吵啥呢？只有我现在在好奇最后一位嘉宾嘛？刚才导演说一共有七个嘉宾，现在来了六个，那么最后一个是谁呢？ 压轴出场的会不会是哪个大咖啊？卧槽！我忽然好期待啊！期待加幺零零八六直播就是刺激啊！哈哈哈,哈！你们看温言，他简直是在演我，伸着脖子，长着嘴巴，翘首以盼，肯定也在好奇最后一位嘉宾是谁。只不过人家做这个动作是动作优雅的天鹅，而我就是个伸长了脖子的王八。确实，此时此刻的温言很好奇，好奇这位姗姗来迟的最后一位嘉宾是谁。说姗姗来迟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现在还不到导演组规定的集合时间。 是他们其他六个人全部早到了，不过这最后一位也没有让在场的人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们等太长时间。大概五分钟后，节目组的镜头终于给到了一个身材高大修长、穿着黑衣黑裤、戴着一副黑墨镜、帅气登场的年轻男子身上。行走间，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金贵而又冷酷的气质，别说是现场的人了，就是隔着屏幕的观众们都感受到了。哈哈，帅，好帅啊！如果说刚才的尹浩玉是这个节目组男嘉宾的颜值担当，那么现在他可以卸任了。 好像漫画中的冷酷少年走了出来，家人们谁懂啊？我懂我懂，死满男。哎呀呀，撕破漫画的冷酷美男子，天啊，这个气场是真的吗？撕拉撕拉，我流口水了，走路就很拽的样子，这是谁啊？这是哪个小鲜肉？快，一分钟，本总裁要他的全部信息。呃，各位还是不要太乐观，他还没摘墨镜呢，要是墨镜摘了是个眯眯眼，哈哈哈，那就是两极反转了。而这个时候，年轻男人也走到几位嘉宾面前。 摘下墨镜，开始做自我介绍了。你们好，我是 Alex Shen，一名职业赛车手。你好，我是金浩、许和、秦烟<焉>、温言。作为一个必要环节，大家互相进行了自我介绍，而直播间弹幕也疯狂了起来。妈呀，墨镜摘下来，帅死我了！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一张脸？刚才是谁说眯眯眼的？快出来挨打！查到了，Alex Shen，艾利克斯·申，国内人，但是常年在外国发展，世界排名前五的赛车手，多次参加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去年世界拉力锦标赛的亚军，我的妈呀！这里不能发图片，帅死了！你们自己去搜他的名字。来了来了，我是 Alex 的粉丝，真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参加国内的综艺节目，真是的，是有生之年啊！呜呜呜，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多人知道他。我们这个圈子很小的，但是他飙车的样子真的帅爆了，求求你们了，一定要去看。节目组知道 Alex 胜帅，否则也不会找他。但是他们没想到，直播间会单单因为他帅，一下子涌入了几十万人的观众。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不断的往上狂飙，当然这些现场的嘉宾都不知道，大家都在准备登机。不过和别人不同的是，其他嘉宾用的都是国内的居民身份证，Alex Shen 用的却是护照。与此同时，弹幕上的一个观众发现了一件事：温言怎么回事？怎么感觉他看 Alex 的表情有点奇怪？我也发现了，他好像在偷看 Alex。我去，这女的不会又想倒贴吧？上次被传倒贴沈景和，现在这是又想倒贴我的新老公了吗？前面的你也说是被传，而且后面沈景和已经澄清了，你怎么还在造谣？呃。 话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 Alex 和沈景河长得有点像？是啊，一样都是超级大帅哥呀、啊。要是沈景河也能来参加这个节目就好了。想什么呢？沈景河什么咖位？之前《旅行第二季》那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邀请他他都没去，怎么可能来这个没有水花的新综艺？而现场，温言看 Alex Shen 的表情，的的确确是有些古怪。人家问他中文姓什么，他竟然说是申申请的申，神了、啊，他姓申，他明明就是姓沈，沈景川的沈。只是温言怎么也没想到。 他在家想见沈景川的时候见不到，最后居然在这档综艺节目上碰见了。难道他也打算进入娱乐圈？不应该啊，他有且唯一的爱好应该就只有车吧。而同一时刻，和温言一样心里生出这种疑问的还有沈家其他人。这个时候的苏漾已经没有住院了，只在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去医院输个液。他心里一直记着温言新接的综艺节目，因此往收拾好了往餐桌上一坐，他连早餐都顾不上吃，就打开了某短视频 APP，搜起了他们节目组的直播间。他本来是冲着温言去的。 结果没想到，居然还在直播间里看到了年轻时候喜欢的歌手。更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他竟然还在这个节目的直播间里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老公，你快看看这是谁？苏漾下意识就把手机递给了身边的沈远，但沈远对此似乎丝毫不感到惊讶和意外，他甚至还有一丝生气。我看他是想要钱想疯了，什么意思？啊？苏漾微微皱眉，你是说他上这个节目是为了钱？苏漾拿回了手机，把音量调到了最低。老公，我们得谈谈关于景川。 沈远放下了碗筷，苏漾问他：“是不是我住院的时候，景川回来找过你了？”“是的，他找我要钱，是找你要钱还是找你投资？那不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沈先生。”苏漾纠正，“单纯要钱和找你投资那能一样吗？你好歹还是个集团董事长呢，所以最后你拒绝了他。”“是，我说过我不喜欢他整天折腾那些车，又怎么可能给他投资？”苏漾叹息了一声，“可是老公，他已经决定回国发展了。”沈远看向苏漾：“你给他钱了？” 苏漾摇头，并没有。我问过他需不需要我的帮助，但是他拒绝了。我以为他在金钱上没有困难。那个时候我还在医院里，我想他应该是不想让我耗费心神，所以才没有跟我提他的难处。但是我没想到他会主动回家去找你，老公。你们父子两个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这个爱好向来不怎么样。我认为这次他主动找你是一个很好的修复你们之间关系的契机。你怎么能？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彻底放手？孩子们一个个都大了，虽然我们和他们之间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但是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应该也阻止不了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锦修将来会继承沈家的家业，锦和在他的圈子已经有所成就，锦城也有他自己的事业，就连妍妍，我们也是放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我那么看重我的工作室，家里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做设计的，但我也不打算随便抓一个来继承我的衣钵。如今锦川好不容易肯回来了，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支持他？因为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忘了吗，老婆？沈远握住了苏漾的一只手，语气十分严肃。两年前他在那场比赛中差一点就死掉了。 被送到医院后躺了整整三个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爱好可以供他发展，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呢？我看他是在国外待久了，喜欢寻求刺激。可我只想求个安稳。你仔细想想，老婆因为在国外没有钱，所以他就回来了。如果回来之后还筹不到钱呢？他总不可能再灰溜溜回到国外去吧？当他发现这条路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行不通的时候，自然就会换一条路走了。与此同时，沈景和也在直播间看到了沈景川，沈景修也不例外。不过他们两个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沈景川这是真的缺钱了，缺钱缺到不得不抛头露面上节目。飞机上，温言的座位被安排在秦烟旁边。秦烟虽然早就已经走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私下并不摆架子，为人十分温柔随和，和他说话，温言感到很舒服。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温言希望此刻的自己能够坐到沈景川身边去，因为他想搞清楚原身过去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现在是在飞机上，节目组不方便直播，等下了飞机重新开启直播后，就没有自由说话的机会了。 而沈景川则是被安排坐在了许河旁边，距离温言很远，找不到机会交流。温言干脆连上了飞机上的 WiFi，开始在网上搜索 Alex s h e n 的相关信息。这一搜，的温言才发现沈景川人是刚刚才火的，因为颜值出了圈。现在只怕是有大几十万人正守在手机前，等待他们的飞机落地后，节目组重新开启直播呢。因为以前并没有什么热度，所以能搜到的关于他的信息并不多。不过温言顺藤摸瓜进了他的贴吧，那是好几年前流行的在线交流平台，现在早没什么人玩。 已经过时了，但正是在那个古早的平台上，温言搜到了一些关于 Alex Shen 这个名字的一些由来。有人说他其实是姓沈，但是由于当初赛事举办方对中文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把 Shen 音译成了深。而 Alex Shen 本人一心专注于比赛，并没有对这些细节上心，因此那之后所有会出现他中文名字的场合都被音译成了艾利克斯深。不过在当年的这个帖子下面，也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推断 Alex Shen 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并不好，否则怎么可能连姓错了都不纠正？ 不过，到底是出于哪种原因，温言也不能断定。搞不好这是沈景川有意为之，故意隐瞒的也说不定。就好像他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其实是沈温言，可他对外一直管自己叫温言一样。这个圈子里起艺名、改姓改名的更是数不胜数。而此刻正在上网的，并不是只有温言一个人，还有闵夏夏。直播一暂停，他就在网上搜索起关于自己的消息来。他本来以为节目组邀请来的七个嘉宾里，除了金浩以外，就属他最火。但是没想到，那个 Alex Shen 现在在网上的热度已经超过了他。 这个现象让闵夏夏感到有些不爽，凭什么一个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圈外人，讨论度比他还要高？不过他转念一想，Alex Shen 毕竟是个男的，只要秦烟和那个温言不抢他的风头就行，甚至 Alex Shen 还会是一个很好的捆绑对象。想到这里，闵夏夏决定先下手为强，早点和 Alex Shen 搞好关系，这样等节目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可以率先和 Alex Shen 抱团出镜了。很快，他就走到了许和的座位旁，因为许和现在已经过气，并没有什么热度，所以。 闵夏夏对他说话的语气也很一般。你好，我有点晕机，不能坐靠后的位置，能和你换个位置吗？我的位置在那边。许和是个很随和的人，看着眼前比自己家侄女大不了几岁年轻姑娘，考虑到她身体不舒服，纵使她的态度并不是很好，他也还是答应了她提出来的请求。座位一换，闵夏夏就如愿以偿了。她主动向一旁的沈景川打招呼，态度和刚才对待许和的时候截然不同。嗨，你好，我是闵夏夏。刚才只是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都没有机会多聊。我是一个演员。 你呢？闵夏夏知道自己人美声甜，跟沈景川说话的时候，更是把嗓音加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沈景川可不惯着他，像他这样在不同人面前明显两副脸孔的人，他最是嗤之以鼻了。他连眼皮子也没抬一下，直接说了一句“滚”，然后他才缓缓戴上墨镜，抱着手臂开始闭目养神。闵夏夏以为自己幻听，一时间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在这个圈子里也混了不短的时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当面对人说“滚”的公众人物，尤其是他这种初出茅庐的新人。 闵夏夏感到不可思议，你刚才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楚。沈景川冷笑一声，一字一句的声音比刚才要大得多。我说叫你滚滚，听清楚了吗？那一瞬间，闵夏夏能够感觉到周围一下投来了好几道目光，他觉得丢人极了，面色忽然爆红如猪肝。道歉，不然我会让你混不下去。这后面一句话，闵夏夏是压低了声音对沈景川说的，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沈景川好笑，让我混不下去？你以为你是谁？ 沈景川也压低了声音，墨镜也挡不住他眼里散发出的狠劲。老子脾气不好，少他妈惹我，否则就算你是女人，老子也照做不误。滚！懂？黑衣、黑裤、黑墨镜，语气像炸药。闵夏夏一时之间觉得胸闷到不能呼吸，捏紧了掌心的手机，就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座位上。温言的座位距离沈景川的座位有些远，虽然他没听清楚两个人说了什么，但是他看见了匆匆起身离去、面色难看的闵夏夏。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一旁的秦烟也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 大约三个小时后，飞机终于落地，又乘坐了约莫两个小时的大巴，最后换成快艇，所有人才来到了《丛林日记》第一季的拍摄地点——某个无人居住的海岛。节目组早在第一时间就开启了直播，导演也把大家聚集在沙滩上，宣读了规则。欢迎大家来到《丛林日记》第一篇章——海岛丛林日记。在这里，你们将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完成生存七天的挑战。在这期间，节目组不会对你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你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睡袋，不能携带其他任何物品。 在挑战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自觉把口袋里的东西交出来。挑战开始后，一旦发现有违规物品，节目组会进行没收，并将挑战者放逐大海。导演话音一落，节目组就开始对嘉宾们进行了搜身。与此同时，直播间的弹幕也沸腾了起来：“卧槽，这么刺激的吗？不遵守规则竟然还会被放逐大海，哈哈哈！”嘉宾们参加这个节目是不是还要和节目组签订生死状啊？啊！说好是来看新老公的，我居然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节目的进展了。别发了，别发了，你们挡到我看直播了。导演好像要说新的规则了。 搜身很快结束，镜头迅速给到了导演身后的沙滩上。节目组那块地方铺了一块布，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导演继续介绍规则道：“在挑战正式开始前，你们每个人可以选择一样工具，但是记住，每人只能选一样，不能多选。虽然节目组准备了许多，但是我友情提示一下，你们最好是选择实用型的。现在就按照你们站位的顺序开始选吧。时间紧迫，你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搭好营地。夜晚的海岛可是会有很大的海风的，加油！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时间确实是紧迫。站在第一位、年纪最大的金浩见大家彼此之间不太熟，也没什么默契，便迅速提议道：“我们这次不是个人竞赛，所以主要靠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因此，我建议大家一会儿尽量选择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工具，并且之后交上来作为集体财产，大家一起用。你们觉得怎么样？”金浩说的很有道理，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可就在这个时候，闵夏夏忽然发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看情况吧，毕竟还不知道节目组都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呢。” 在一个多人综艺中，闵夏夏觉得自己必须要和其他人不一样，才会被观众记住，才会得到更多的曝光镜头。很显然，他的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一开口，弹幕就热闹起来了。什么鬼？这个闵夏夏怎么这么没有团队精神啊？就是别人都点头，干嘛就他不一样啊？哼，前面的说的自己好像很无私一样呢。我们夏夏这是真诚好吗？别一会儿某些表面点头的人最后选了只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那就要打脸了。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他说的是看情况。 又没说不同意，你们一个个这上纲上线干什么？嫉妒别人比你们真诚吗？本来就是剧本，如果没有噱头，平平无奇谁还看啊？弹幕仍然在继续，而拍摄现场的嘉宾们也开始了挑选工具这一环节。按照站位顺序，第一个走上前的人是金浩，他毫不犹豫直奔斧头而去。为了节省时间，金浩来去都是用跑的。拿回斧头后，他也是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把斧头放在了众人面前的沙滩上，表示这个东西归集体所有，是公用的。第二个上前挑选的人是许和。 他知道金浩选斧头是为了砍树搭建营地，但光有斧头肯定不行，所以他选了一把锯子。和金浩一样，许和拿回锯子后，把它放在了沙滩上，并没有将其占为己有。第三个是江烟，他选择的是一把刀。把刀放下的时候，他解释了一句：“这几天总是要吃东西的，不管找到什么食物，刀肯定是会派上用场的。”金浩点头表示赞成。站在秦烟身边的许和则是说道：“刀是必需品，肯定是要选的。”弹幕上也热闹了起来。哈哈，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果然是不一样的。 前面两个男人五大三粗，大斧头、大锯子，咔咔一顿选，到了妹子这里就心细了。燕姐说话是真的温柔，谁能想到她和 T 台上那个冷脸拽姐是同一个人啊？我操！你们快看下一位嘉宾，哈哈哈，笑死我了！她选了一个锅，抱着一个大铁锅朝大家飞奔来。我赌一包辣条之后，这个抱着锅在沙滩上奔跑的画面一定会被节目自剪下来。锅，认真的吗？这位居然选了一个锅，有什么用吗？无语死了，又是温言，这个女的戏可多了，她最擅长的。 就是给自己制造热度，这不讨论度一下就上去了吗？戏真多，真烦。看个综艺节目而已，没想到也能遇到戏精，无语死了。前面的，你们平时吃的饭菜难道不是锅煮出来的吗？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七天选锅有什么毛病吗？前面都是温言的黑子吧？为了黑而黑。冷知识，锅可以用来加热生水，在野外最好不用食用生水。热知识，人七天不吃东西不会饿死，但七天不喝水肯定会渴死。是的，没错。轮到温言的时候，他选择了一口大锅。别说，那口锅是真的大。 并且沉，他抱着锅跑回来的时候，金浩、许和和秦烟都主动上前去接。许和是个老好人，对待他人以鼓励为主。郭好能做饭，还能烧热水。是啊是啊，温言是个捧场王，这种场合下他绝对不会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的。要是水够多的话，还能烧水洗个热水脚，主打一个养生。温言好像是有点腥风血雨的体质在身上的。他不说话的时候，弹幕还是挺正常的，比如看吧，许和是有格局的，前面的看到了吧，锅是有用的。 金队真是个大家长一般的存在啊！看到女嘉宾拿着一口大锅过来了，赶紧上前去接。燕姐也好棒，她也上前去准备帮忙了。但是金浩的动作更快，最喜欢看这种 girl helps girl 的画面了，暖心。可等温言一开口，有人就又张口就来了，吐了。他是不是有毛病啊？这锅是用来做饭和烧水喝的，他为什么说要洗脚啊？也太不讲卫生了吧！没错，我家里烧水喝的壶和冬天烧水洗脸洗脚用的壶都是分开的。他这个锅可是要煮饭的，哎，当然也有观众是带了脑子的，求求了，前面的大聪明，这 T M 是在野外。 你要不要把你家整个厨房都搬过去啊？还有，你不会以为人家要直接把脚哥烧饭锅里吧？就不能找个容器什么的，舀出来浇在脚上吗？等等，开水浇脚上，那脚还能要吗？嗯、呃，前面的你是觉得用火烧水就一定要烧到沸腾冒泡吗？就不能烧到四五十度就停止吗？你可千万别问我没有温度计怎么测量水有没有到四五十度的。可是我真的挺好奇的，怎么知道水烧到四五十度呢？又不是热水器，还能显示温度？哈哈，问这个问题的一看就知道年纪小。 水刚下锅开始烧的时候就可以用手试了，也不一定非要到四十度或者是五十度，反正你觉得有点烫手的时候就可以把柴盒退掉了，懂了吗？懂了懂了，谢谢解答，哈哈。本来我觉得这个综艺节目没什么意义的，现在看来除了娱乐大众还是有点用的，好歹能科普一些生活上的小常识，比如做饭需要用锅，而不是靠手机外卖。前面的你是懂讽刺的，直播间弹幕如火如荼，现场挑选工具的环节也在继续着。温言之后就是沈景川了，之前的四个人都是一秒选中，但是轮到他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片刻，现场的其他嘉宾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挺好奇他会选什么的。最后，大家看见他拿着一包鱼钩和鱼线回来了，可以钓鱼。许哥说：“这岛上不见得有其他的食物，但是海里肯定是有鱼的。” Alex，你会钓鱼吗？以前经常海钓，那接下来能不能吃上鱼就靠你了。但是，一部分观众显然是不买账，时时就在弹幕上吐槽了起来：“不是吧，他选鱼钩，连根鱼竿都没有，怎么钓鱼啊？海边真的能钓到鱼吗？” 我感觉海钓都要坐船到海中央去钓才行吧，又浪费了一个机会。总共只能选七样东西，选了个最没用的垃圾，选个叉子都比鱼钩好吧。长得帅有什么用？绣花枕头一个，又来了又来了。鱼竿没有不能去林子里砍小树枝吗？浅滩是不是适合垂钓，可这是一座岛，怎么可能四周全是浅滩？是啊，有些人好像是打算不吃不喝来搞基建一样。拜托，这个节目的主题是生存，食物很重要的，好吗？呵呵，看吧，后面看看他能不能钓到鱼就知道了。 我等着，到时候适时来打你们这些脑残粉的脸。其实不光是网友，金浩也是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这座岛上肯定会有其他食物，不一定非要吃鱼。而现在只剩下尹浩玉和闵夏夏两个人没选工具了。金浩是觉得先把营地搭好，首先要保证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受风寒雨水的侵扰才行。所以他决定开口提醒一下尹浩玉和闵夏夏。我看到那边还有防雨布和绳子，海岛上天气变幻莫测，我们需要防雨布。但节目组并没有给太多时间给他们交流。 金浩话才刚说完，导演就催着尹浩玉上前去选工具了。尹浩玉觉得金浩说的对，就算不下雨，晚上直接睡在地上肯定也不行，防水布是一定要的，所以他很快就把防水布给带了回来。最后轮到敏夏下，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把绳子带回来的时候，没想到他居然选了巴掌大的一瓶防虫喷雾回来了。不过每个人都拥有自主选择权，他选择防虫喷雾也不是没有道理。许何继续暖场，这个也好，岛上肯定很多蚊虫，还是你新鲜。我当时也看到了，但是压根就没想到。 他可能发挥的作用，然而闵夏夏接下来的发言却令众人跌破眼镜。她竟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防虫喷雾交公公集体使用，而是揣进了自己兜里。她是这样解释的：“先放我这里好了，到时候你们谁需要就来找我拿。七个人就一小瓶，可千万别浪费了。”她的话再一次点炸了直播间的弹幕。六百六十六，这女的怎么总搞特殊啊？之前队长提议所有东西交公作为集体使用的时候，就她一个人说了看情况吧。结果她还真是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明白，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节目对吧？ 别人都把东西交工了，他为什么就非要一个人把某样东西占为己有呢？东西放在那里，他是怕被人偷用了不成？那别人怎么没有这种担忧？他好下头啊！以前是他的路人，现在有点路转黑了，小家子气，没有一点格局。前面的，首先金浩不是队长好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人推举他当队长。他交工的说法只是一个提议，又不是强制性的。夏夏不答应又怎么了？又不犯法，笑死了！你是这闵夏夏的粉丝吧？他这么做当然不犯法了，但这是集体活动好吧？ 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选出来的工具私藏了，那就在这岛上等死好了。其实我觉得他还蛮真性情的，他也没说不给其他人用，就是说用的时候去找他拿。本来那就一小瓶，省着点用没错的。谢谢前面的替夏夏说话，我真觉得有些网友反应过激了。网友们反应过激不过激，现场的嘉宾们不知道，但是闵夏夏这么做，他们心里都挺不得劲的。只是大家没时间和精力在这种事情上纠结。工具一挑选完毕后，节目组就什么都不管了，嘉宾们也正式开始了这次的生存挑战。大家聚在工具堆前商讨对策。 金浩说道：“首先，我们得确定营地的位置，然后才好开始准备材料。”许可点头：“对，还要寻找淡水资源，水是必不能少的东西。还有火，晚上这里肯定很冷。”尹浩宇说道：“刚才在节目组那里都没有看到可以点火的工具，看来节目组是想让我们用原始的钻木取火的方法来生火了。这个好像也不简单，搞不好几个小时都生不出火星子来。可我们得在天黑之间就把火生起来。”温言没什么要补充的，只跟着点了点头：“我出力。”其他没有发言的人基本上也是这个反应。 见此情形，金浩便总结了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分一下工，一路人负责选址搭建营地，一路负责寻找淡水，另外一路负责生火。搭建营地是个力气活儿，那就我们男同胞上；生火也是个体力活儿，也交给男同胞。寻找水资源和石柴这种稍微轻松一点的，我们就交给女同胞。你们看好不好？沈景川听完主动请缨，生火我来。许和和尹浩玉紧接着说：“那我们就搭建营地。”秦嫣觉得绳子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主动说道：“刚才没有拿到绳子，那我去找些藤子回来吧。” 顺便也可以四处看看有没有淡水资源。那你再找个伴。金浩不太放心单独让易晴烟一个女士在岛中密林里穿梭，虽然有节目组的摄影师，但毕竟摄影师会和嘉宾保持一定距离。那现在就只剩下温言和闵夏夏没有任务在身了。温言就问了一下闵夏夏：“夏夏姐，你是比较想去找水源，还是捡柴啊？”“那就捡柴吧。”闵夏夏觉得温言是个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十八线，正眼都没给温言一个。尹浩玉更是对闵夏夏说：“那你一会儿就跟我们一起，我们要去砍树，肯定会有很多柴的。” 弹幕尹夏夫妇又发糖了，尹浩宇好宠啊，他就是舍不得老婆受不了一点苦。真人 CP 粉滚，别来沾夏夏的边。这个闵夏夏怎么这么讨厌啊？刚才温言主动让他先选活，他看都没看温言一眼，他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吧？温言就好了吗？我看他就是个绿茶，他自己什么咖位，有他说话的份吗？还抢镜，主动问闵夏夏。闵夏夏好歹是个知名小花，就算是选任务，也该是闵夏夏先选吧？他倒故作大气起来了，好像好任务被别人选走了，最难的留给了他一样。坐坐。 毛病吧！人家嘉宾来参加个节目，还不能说话了，还非要等到你家主子说完了才能说。你们别看了，快滚吧！你才滚！凭什么我不能看？你们别吵了，分组了，每组都有自己的直播间了，你们想看谁就看谁吧。哈哈，我一台电脑两个手机，我全都看。因为分头行动，所以每组的摄像也分开了。目前是金浩、许和、尹浩玉和敏夏下一组，温言和秦烟一组，沈景川一组，一共三组，三组摄影师，三个直播间。一开始，金浩他们那组的直播间人数最多。 因为他们这一组人多，是节目组的主账号在播，其次是沈景川那边，最后才是温言和秦烟那边，他们直播间的观看人数最少。就这一点而言，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奇怪。几个人一边分析数据，一边讨论。要说这个 Alex 本来也没什么粉丝基础，秦烟本身有两百多万，就连温言也有大几十万的粉丝，怎么两家加起来观看人数还没有 Alex 那边多呢？这说明 Alex 的路人缘好啊，更重要的是他帅，在镜头前面混的人本来就要看脸。 看来剪片子的时候要把他的镜头多保留一些，这妥妥的收视保证啊！哎，对了，他签了几期来着？一期。听说本来也没想到要找他的，是他经纪人和制片人有交情，所以才签的他。不过这个我也是听说的。如果这次他和节目一起大火了，后面肯定也舍不得离开的。你看看，这直播间的人数还在增加呢。这张脸真是太太太吸亮了。其实沈景川也没在干什么吸睛的事情，不过就是在寻找生活所需要的材料而已。他把袖子挽了起来，小麦色肌肤之下，薄薄的肌肉线条格外流畅。 当他半蹲下来收集枯草时，休闲裤都快要包裹不住他那修长而又充满力量的大长腿了。都不需要露脸，他的一张侧颜、一个背影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节目组因为沈景川能够吸到大波流量而感到高兴，但同一时刻，温言和秦烟的粉丝却在为他们直播间惨淡的数据而发愁。这个时候的温言和秦烟正在扯树藤，两个人做事都很小心，危险地带的藤子两人看一眼就能权衡出来利弊，直接转战去下一个安全的地方，以至于他们两个全程的行动几乎没有任何爆点。 不像金浩他们那边，一会儿砍树的时候差点砸到人，一会儿闵夏夏说捡树枝的时候手受伤，在几个直播间来回横跳的粉丝看了都替温言和秦烟着急。服了那个闵夏夏，真是个娇气包，大呼大叫说自己受伤了，搞得正在砍树的金浩都跑过去查看他的伤势了。结果就只是扎了一根刺而已，再晚去一点，他的伤口就要愈合了。光就他一个人挨骂，他们那边的人气就蹭蹭蹭往上涨。Alex 那边人气也很旺，就这个直播间不行。是啊，看着就生气啊！这可是我们烟姐的综艺首秀啊！ 我不想成片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妍姐的镜头。平时她的秀我是看不到的，我想在其他节目上多看看姐姐啊。如果姐姐这次热度不够，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其他节目再找姐姐了呀、啊？姐妹们，我们把直播间刷起来吧，多刷一点弹幕，有条件的送送礼物。温言小姐姐的粉丝在吗？我们一起发力啊！在的，在的。我也希望妍妍的综艺首秀能够一炮而红。观众四月的小确幸送出爱心 x 九九，观众四月的小确幸送出花花 x 九九。这个四月的小确幸是最早关注温言的粉丝之一。 有了他的带头，直播间送礼物的人越来越多。秦燕的粉丝见温言的粉丝这么给力，也不甘示弱，疯狂地刷起了礼物。这么一来，直播间很快就上了同时段户外直播分类的礼物榜，还真吸引来不少野生观众。只可惜努力过后，还是打不过另外两个直播间的数据，粉丝纷纷惋惜，弹幕上哀嚎一片。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昵称叫做“范银河”的人忽然刷了十个大宝藏。大宝藏是这个直播平台价值最大的打赏道具。 一下子就把温言所在的直播间冲到了同时段全品类礼物榜前十。哈哈、啊，大哥啊，这是哪里来的土豪大哥呀、啊？我高低要给你磕一个，谢谢谢谢。范银河的出现使得直播间炸了，不少观众都摸到了范银河那边去。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范银河居然是一个几个小时前才注册的新号。于是大家纷纷猜测了起来，估计是为了这个节目新注册的小号。看他注册的时间和节目组开播的时间基本吻合，肯定是燕姐的粉丝。真大气！冒昧的问一句，为什么这么肯定是秦烟的粉丝呢？ 他账号里好像也没有发过有关于秦烟的东西。是这样的，这个我可以解释，范就是粉丝 fan 的意思。银河是我们燕姐最想要去的地方。是的，之前好几次采访中，燕姐被问到最想去的地方，她都回答说是银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想乘坐宇宙飞船去银河系旅行。她从小就开始幻想了，所以这个范银河肯定是燕姐的粉丝没跑了啊！范银河大哥威武霸气，秦烟的粉丝本来就比温言多，范银河打赏了礼物之后就没再出现，也没有发言。 温言的粉丝也不敢硬说这个人是他的粉丝，所以直播间默认这个人的十个大宝藏是为秦烟而送。可事实上，范银河其实是沈景和刚注册的新号。之所以选择范银河这三个字，是因为有一次两人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而互相攻击，当时他笑温言是个饭桶，结果话音才落，他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温言当场就反击说他是饭缸、饭池、饭盒、饭海、饭银河。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取名的时候，他忽然就想起了这三个字。 他看弹幕说温言那个直播间热度不够，所以就想给温言刷点热度。送完礼物，他本来是打算再说两句话的，结果经纪人忽然找他有急事，他只好匆匆退出了直播间。要是知道他这个小号被误以为是秦烟的粉丝，他肯定是要站出来说自己不是的。而此时此刻的沈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沈景修盯着直播间皱起了眉头。不仅热度不够，温言竟然连礼物都被比了下去，那怎么能行？他慢条斯理拿出另外一部手机，下载 APP，注册账号，搜索直播间，点击充值，然后。 温言和秦言所在的直播间就被一个名为温言的小蛋糕的观众给疯狂打赏了，大宝藏 X 一大宝藏 X 二大宝藏 X 三大宝藏 X 九九，直播间观众全都疯了。卧槽，温言的粉丝太好了吧，简直就是毫无人性啊！我要失去理智了，有这个钱支持温言成为他的榜一大哥，都够和他私下见面了吧？前面的温言又不是主播，不搞线下见面这一套，那这就是金主了。得了吧，不就是九十九个大宝藏就金主了？真的金主给新人砸钱都是千万起步，好吧，别自降身价。 不是，这个前平台还要抽走一半呢。呜呜，我承认我不,不仅酸了，我还心疼了。看见这条弹幕的沈景修，然而这个直播平台也是沈家的。很好，这就霸榜第一了。那么打赏就暂时结束。与此同时，对于直播间的种种毫不知情的温言和秦言两人仍在兢兢业业,业的割藤蔓找水源，但两人主打一个佛系。秦言是那种说话温温柔柔的漂亮大姐姐，她找到一处藤蔓扯了扯，结果发现扯不动，于是就对温言说：“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找看吧？你觉得呢？”两人一拍即合。 我觉得很好，这里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藤子。我们没必要在这一根藤上吊死。嗯，秦烟轻笑，是这个么个道理？但是我觉得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好有趣。那我们再往里走走吧，你当心脚下，你也当心，这里有点陡，我扶着你。两人相互搀扶着，画面分外和谐且养眼。有用好几台设备同时观看三个直播间的观众，甚至忍不住在节目组主直播间吐槽：烦死了这个闵夏夏，一会儿手割破了，一会儿脚疼，摆着个臭脸。那个尹浩宇还总是惯着他，总因为他停下进度。 舔狗去练宗舔好吗？烦死了！都去秦烟和温言的直播间看看吧，洗洗眼睛。两大美女不仅养眼，而且还互相帮助，看着就温馨。没有对比就没有悬殊。被一心致力于博眼球的闵夏夏这么一闹，温言和秦烟的佛系温馨瞬间就变成了一股清流。关键他俩之间的氛围还特别和谐，干起活儿来也特别默契。他们看中了几条粗细适宜的藤子，但是不好扯，于是两人就决定爬上树，用刀子把藤子割断。出来的时候，秦烟是带了一把刀子在身上的。秦烟不会爬树。 但是温言会，所以上述的任务就交给了温言。一开始秦烟还担心温言，结果温言上述的动作像猴一样敏捷，直接就把现场的秦烟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看呆了。哎呀你，你秦烟忍不住担心起来，你小心点，我们没那么着急，你不用这么快的。直播间也在发六百六十六，厉害了我的颜，这辈子是猴子转世的吧？温言，你礼貌吗？烟姐好温柔爱，爱哈哈哈，笑死我了。刚才从敏夏夏那个做精的直播间过来的，谁说这个直播间主打一个养眼温馨的？一进来就看见一只猴。 不过就算是猴也是一只美猴，温美猴。言要是能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说什么他都得为自己的形象解释两句。爬树这种事，反正对他来说是比较讲究一鼓作气的动作，要是慢了他，他反而不知道手和脚该怎么协调运用了。他很快就爬到了大树杈子上，并顺利割断了缠绕在树枝上的藤蔓。树下的秦嫣见任务完成，也顾不上收拾藤子了，连忙向温言招手：“言言，你快点下来，下来的时候小心些。你把刀子先扔下来好了，我怕一会儿误伤了你。”好，温言听从了秦嫣的建议。 先把刀子给丢了下去，不过他人却没有动，而是兴奋地冲树下喊了起来：“烟姐，我好像看到前面有水光，我们有淡水资源了！真的吗？那太好了的！”秦烟也很高兴，看来这树没白爬。你赶紧下来，我们去你说的那个地方看看去。上树容易，下树难，往下滑的时候，温言掌心多处被擦伤。这件事一直到他们找到淡水溪流，温言在溪边清理伤口的时候，秦烟才发现，你受伤了。妍妍，是刚才爬树的时候弄的吗？疼不疼？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跟我说，我就不会让你拿藤蔓了。没事的，烟姐，早就不疼了。温言丝毫不在意，就一点擦伤而已，冲洗干净，很快就能愈合了。你看这条小溪的水多清澈，前面还有个水潭，水质看起来是真好。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光有水源，没有容器也不行。要不一会儿我们去沙滩上找找看吧，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好，这么几大捆藤应该够用了、啊，不过我们再来取。先走吧。两人迅速离开了丛林。他们回去的时候，金浩和许和他们已经结束了砍伐。 远远看见两个女生拖着几大捆藤蔓回来，两人连忙跑过去搭手。尹浩玉见状也放下手中的活儿追了上去。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金浩朝温言和秦烟竖起了大拇指，真能干，弄了这么多藤子回来，如果有多的还可以编一张吊床。温言又惊又喜，浩哥你还会编吊床？没错，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在农村，印象中就没有我爷爷不会编的东西，所以我也学会了一些。浩哥真厉害，温言毫不吝啬的夸赞。对了，我跟烟姐还找到了淡水，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容器。 所以一会儿我们打算沿着沙滩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东西。好，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要实在找不到，就把锅台去装些水回来。对了，怎么没看见夏夏？金浩想说让闵夏夏也跟着一起去找，因为柴禾已经足够多了。一听到闵夏夏的名字，一旁的尹浩玉连忙接话道：“夏夏她方便去了，应该很快就回来。”金浩点点头，那我们继续吧。温言又四下扫视了一圈，问道：“怎么没有看见 Alex？他生火进行的怎么样了？”他呀，许和伸手朝前方指了指。 在那边沙滩上呢，丛林挡住了看不见。那边有干草，可以作为燃料。不过钻木取火是个技术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刚才去试了一下，差点给我手磨起泡。温言点头，那是不容易。不过他也没耽搁，打听完沈景川的状况，就跟秦烟去了海边。哇，烟姐，这有不少贝壳呢，看来我们晚饭也有着落了。我这边也有，海里好像还有海藻，不知道能不能吃。那我们就捡看起来能吃的吧。哇，我居然捡到一个漂流瓶，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纸条，是吗？ 怎么感觉有点小浪漫？我也来看看。秦烟朝温言走了过去，他们一起打开漂流瓶，拿出了里面的纸条，而那张纸条上赫然写着：“打开这张纸条的人一定会有好运。”刚把这句话读出来，秦烟就拍了拍温言的胳膊，示意他看前方。妍妍，你看，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那边好像有塑料桶正朝我们飘过来，还真是，连海风都在帮我们。这个方向完全是冲我们来的。两人下了水，往前走了一小段，很快就将漂浮在海面的塑料桶给打捞了起来。 那是好几个被拴在一起的透明塑料桶，桶身上还贴着某某豆油的 logo，桶内或多或少残留着一些金黄色的油渍，一看就知道是可食用的。温言甚至对此产生了怀疑，这该不会是节目组安排的吧？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随便捡到个啥，可能还要担心一下它的安全卫生问题。结果这直接就给他们送来几个空掉的食用油桶，每个桶容积十升，并且还带提手，特别适合用来打水。不过秦烟倒不这么想，其实现在海洋里也有很多垃圾，海面上漂浮几个塑料桶也不奇怪。 让我们捡到也好，回头拍摄结束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垃圾带走。一会儿我们把这些桶洗洗干净，就可以去提水了。好，不过温言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漂流瓶，说道：“我打算先把这个瓶子拿去给 Alex，趁着现在太阳光还算强的时候，用这个瓶底聚一下光，说不定就能点着火了。这个瓶底是凹透镜对吧？我的物理早就还给老师了。你快去吧，我先把这些桶清洗干净。那我马上就回来。”温言拿着漂流瓶，一路向着另外一片沙滩狂奔去。 心里想着，总算是有机会和沈景川单独说几句话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一出现在沈景川那组的摄像范围内，直播间的观众们就冷嘲热讽起来了。呵呵，又来了一个绿茶，一样一样的套路，手里也拿着一个瓶子呢。我真是够够的了，这年头为了红这些女的也是够不择手段的了。Alex 比他们谁都新，甚至都没出道，正儿八经粉丝都没几个，他们也要来蹭，真是丧心病狂。为前面的，谁说我们 Alex 没有正儿八经的粉丝了？我就是他的五年老粉。 从他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就关注他了。就是就是，我是我老公的颜粉，虽然是今天才粉上的，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只要这个节目不嘎，我就每天来看我老公。对，只要老公不塌房，我们就永远支持他。也有新切到这个直播间的观众不明所以，这是怎么了？温言是触犯了天条吗？怎么就拿了瓶子过来就被喷成这样了？这姐是一招黑体质吗？呵呵，你就等着看吧。他拿瓶子来肯定是为了接近 Alex。怎么讲？你来晚了，但凡你早来个五分钟就明白了。五分钟前。 闵夏夏拿着一个酒瓶找到了沈景川。他跟其他嘉宾不一样，其他嘉宾在节目正式开始前都把手机上交给了节目组，但是他却偷偷留了一个手机跟经纪人保持联系。虽然他一直在拍摄，看不到直播数据，可是他的经纪人和助理却是能够看到的。他的团队知道怎样才能制造话题、加大曝光。为了红，为了流量，他们可以不择手段。闵夏夏已经和经纪人商量好了，在这个节目里，干脆就立一个娇气包、做精、公主病的人设，专门走黑红路线。 所以当金浩他们那边砍伐结束后，他就谎称自己要去方便，可实际上他却是和自己的经纪人偷偷见了一面。他的经纪人给了他一个空酒瓶，让他带着这个酒瓶去找 Alex，去人气最旺的直播间可以增加他的曝光，并且还能和超人气嘉宾捆绑在一起。所以几分钟前，闵夏夏就带着那个空酒瓶主动找到了沈景川。Hi Alex，我刚才在林子里捡到一个空酒瓶，我觉得这个瓶底对你生活应该会有帮助，所以就拿过来了。诺，给你。 沈景川不是没有想过用凹透镜聚光的原理来生活，只是他刚才沿着这一片海域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玻璃瓶，没想到他在荒岛的林子里居然也能找到，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沈景川也没跟闵夏夏客气，说了声谢谢就从他的手中接过了酒瓶。东西拿到手之后，他就准备找块石头去把酒瓶给砸破，取出瓶底凹透的部分。结果闵夏夏却挡在他的面前不动。这么宽广的区域，他往哪边动，闵夏夏就往哪边动，瞎子都能看出来这女人是故意的了。 况且沈景川对闵夏夏的印象本来就不好，所以他就冷着脸说了声：“你可以让让了。”闵夏夏当然不会让开了，反而笑眯眯的问自己能不能帮上忙。沈景川实在是看不惯闵夏夏夹着声音说话的那样子，脾气上来了就嘲讽他：“你是不是失忆了？忘记飞机上的事情了是吗？”这话一出，直播间观众纷纷,纷嗅到了八卦的味道。卧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哎呀呀，我们错过了什么啊？一人血书求节目组放出飞机上没有直播的部分，一定很刺激，绝对的！你们看闵夏夏的表情就知道了。 的确，沈景川的质问使得闵夏夏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不过他很快就自我调节了过来，并凑近沈景川，小声说了两句话。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完全听不见他的声音，看着都要急死了。但没想到下一秒，沈景川直接就无情的戳穿了闵夏夏：“麻烦你搞搞清楚，我跟你不熟，没必要给你面子。还有，这是集体活动，你最好不要偷懒。”沈景川说这些话的时候，简直就是把不屑都写在了脸上。闵夏夏一下就哭了出来：“你你怎么这样？” 我只是好心来给你提供帮助而已，你不领情，不给我面子就算了，怎么还这样说我？我什么时候偷懒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了？就冤枉我啊！恶、呃、人先告状是吧？你按的什么心你自己心里清楚。沈景川无语，同时被闵夏夏那夹出来的哭声吵得头都要炸了，生不出来火，他本来就很烦躁了，现在更燥。你能闭嘴吗？要哭滚回家去哭。你的东西拿走，没有你我照样能生活。拿走就拿走。闵夏夏拿回了瓶子，就这样哭着跑开了。 当时的弹幕一下就炸了，不少人开口讨伐沈景川。妈呀，没人跟我说 Alex 的脾气这么暴躁啊！他对待闵夏夏完全就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为人也不够理智。瓶子怎么能还给闵夏夏呢？哈哈，就是啊，瓶子还给他干嘛？留着还能生火呀！前面的你说的我都赞成，但是我好喜欢他的暴躁哦。你们难道没人发现闵夏夏很表吗？有些容易激怒人的话，他故意小声说不给我们听见，结果唯一听见的那个人就发火了。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因为 Alex 是当代鉴表达人。 私表达人，哈哈！闵夏夏哭的时候，难道你们不想揍他吗？我真是服了，他还好意思说他没偷懒。你们刚才不在那边的直播间不知道，他就是爱偷懒，骚操作不断。一会儿说脚疼，一会儿说手疼，他的活儿全是尹浩宇给他干的。结果大家都回去搭建营地了，就他一个人要去方便。对对对，主要是 Alex 说起了飞机上的事情，说完他脸色都变了。要我说，他肯定是在来的路上就做了什么令 Alex 讨厌的事。死绿茶，嘤嘤怪。是啊。 现在像 Alex 这种脾气的人，在娱乐圈还是很少见的。感觉其他人都是在立人设，我觉得倒是可以多一点像 Alex 这样不惯着任何人、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希望 Alex 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真性情，不要被娱乐圈和资本裹挟。呃，前面的，如果他没有被资本裹挟，或者是被娱乐圈诱惑，你觉得他一个赛车手为什么会忽然上综艺节目？不过这条弹幕很快就被淹没，因为这个时候温言拿着一个玻璃瓶朝沈景川这边跑来了，他一来立刻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虽然弹幕好多人都在说又一个绿茶来蹭了，但是他们却意外的发现温言和闵夏夏不一样。温言见到沈景川，首先是对他礼貌的笑了笑，但是观众们都能看出来，他这个礼貌性的笑容里多少带着点疏离，和闵夏夏那种自来熟、满脸写着我要贴上去的笑容不一样。嗨，我和秦烟姐刚刚在海边捡到一个玻璃瓶，我们觉得这个瓶底可能会对生活有帮助，所以就拿过来给你了，你看看能不能用上。弹幕，爱温言可以爱，没有鞠躬，居然没忘记提秦烟，切，高段位绿茶罢了。 真不想鞠躬，干嘛不让秦岩拿过来？之前和沈景河拍戏的时候，就上赶着倒贴沈景河，想炒 CP。没想到一换节目，立刻就瞄准了下一个目标。别说，这姐审美还真挺统一的。我发现沈景河跟这个 Alex 长得有点像，沈景河跟沈景川长得当然像了，因为这两人是亲兄弟，都是温言名义上的哥哥，只是观众们都不知道而已。但温言却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好不容易找到单独和沈景川说话的机会，可不能就这么走了。所以在沈景川接过玻璃瓶之后。 他立马就跑进了不远处的小树林，他这一举动甚至还在短时间内为自己赢得了一波直播间观众的好感。这个温言确实可以，不像闵夏夏那样戏多，送完瓶子后人就走了。对对对，看来我刚才是误会他了。前面的弹幕可以撤回吗？尴尬，我替你试了，无法撤回。五百五十五，希望他不要看到。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言的。然而，温言主打一个反转。其实就连沈景川也以为他人已经走了，刚才看到他那个疏离的笑脸，他就觉得可笑。可就在这个时候。 温言忽然拿着两片又枯又硬的树叶回来了，沈景川皱眉瞥了他一眼，漆黑双眸中闪过一丝疑惑：“你干什么？”圣火。温言笑了笑：“你只拿了干草来，万一点着了，是打算直接用手捧回去吗？那岂不是会伤到手？这地下是沙。”沈景川又正儿八经看了温言一眼，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啊，看起来好像很关心他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已经到了嘴边的话都被他给咽了回去，这一下可急死直播间的观众了。怎么了，Alex？你倒是说啊！ 你是不是想说丹草下面是沙子，点着了你可以马上捧着沙子和火种一起走？你不是性格暴躁吗？快对温言啊！怎么不对了？他有什么特殊的吗？没有吧？再不对他我就要脱粉了。呃，前面的你是温言的黑粉吗？他这么做也是关心 Alex 会不会受伤，你干嘛非要看 Alex 对他？其实按照沈景川那没什么耐心的性格，他确实是会对温言的。刚才之所以话只说了一半，是因为他忽然听到了温言的心声，他听见温言的心声在叹息，他的心在说。 他看起来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并不想和我说话。可是谁能想到我失忆了啊？之前和他的记忆我都忘了呀！我也很无助，好吗？听到这段心声，沈景川立刻就皱眉愣在了原地。失忆？他为什么会失忆？他怎么会失忆？为什么妈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沈景川是个急性子，他抽走温言手中的一片树叶，就垫在了干草下面。你过来，坐在这里给我挡风。哦，你再往这边挪挪。好。对于沈景川出人意料的行为和举动，温言早见怪不怪了。 所以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直播间的观众们不乐意了。别啊，不能再挪了，再挪我们就只能看到两个背影了。不要啊，你们两个就不能换个方向吗？换方向是不可能换方向的。沈景川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开摄像头。现在刚把角度调整好，他怎么可能再让自己和温言暴露在镜头之下？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把收音的麦给掐了。温言看着他掐麦的动作，目瞪口呆，然后有样学样也把麦给掐了。沈景川看了他一眼，感觉他也不是那么笨。 便就语气拽拽的开了口：“找我什么事？”他知道我找他是有别的事。哦，也对，我这表现的其实也挺明显的。这他要是连这都察觉不到的话，那也太那什么了。可是他有那么好沟通吗？他都把我拉黑了。哎，沈景川皱眉：“拉黑什么的，他还不能有点脾气了？”他略有些不耐烦的的戳了戳地上的沙子，梗着嗓子道：“快点，到底要和我说什么？你再耽搁下去，节目组该发现我们闭麦了。”温言确实对此有所担忧，连忙说道：“其实我是想跟你谈谈那天晚上在家里。” 你找我借钱的事情，嗯，提到钱，沈景川的脸一下就黑了。倒不是因为温言没借钱给他，而是因为他现在是真他妈的捉襟见肘，穷的一批，想到就烦啊！他黑脸了，这还能继续聊下去吗？我要是说我失忆了，他不会一脚把我踹开吧？沈景川，他脾气是不好，但看他起来就那么像是会随时动手打人的人吗？你接着说。那好，但在此之前，我要跟你说一段我的奇遇。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离奇，但是我。 绝对没有说谎。沈景川能有什么比他回国后忽然发现自己能听见一个人的心声还离奇的？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冒牌沈芷柔的事情吧？废话，那你知道是我最先发现不对劲的吧？知道，妈已经告诉我了。其实算了。嗯。沈景川话只说了一半，忽然就不再说了。这一下就勾起了温言的好奇心。怎么了？你接着说。求求了，别逼我求你，快点说，别吊我胃口。沈景川，算了，浪费时间。你说你的，好吧。 虽然很想知道他没能说出口的话到底是什么，但是他说的没错，不能浪费时间。其实关于冒牌沈芷柔的那些不对劲的细节早就存在了，但是过去几年我却一直都没有发现。可是，在妈妈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忽然就觉醒了，就觉得事情很不对劲。温言暂时不打算把自己穿书的事情告诉给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所以就借用了原身提到的觉醒那个说法。嗯，你觉醒了，然后呢？沈景川眉头皱得更紧了。忽然觉醒，是很离奇，可是他能听到他的心声啊。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沈芷柔有问题嘛，就查。后来二哥和大哥、爸和妈都知道了，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这是一件好事，对吧？但是我悲剧了。哦，作为忽然觉醒的代价，你突然失忆了。温言一下愣住，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是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吧？但是不像啊，他好像没有忘记我和家人。沈景川还能怎么说？我猜的。其实后来我想了想，就算我们曾经因为那个冒牌沈芷柔闹得不愉快，但是你这个人应该不至于欠债不还。所以我在想。 你大概可能是失忆了吧？欠债不还？温言又被暴击到。你上次不说是承诺吗？难道你是在讽刺我？但不管是真的欠债不还，还是没有履行承诺，我保证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沈景川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耐心快要告罄的标志。所以你是真的失忆了？你好像变得一点也不了解我了。你是把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都删了吗？温言无助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前前后后换了不少手机，能找到的手机我都去查看过了，并没有聊天记录，全是一片空白。 我想，我们俩过去应该也已经很久都没聊过了吧？哦，有一阵了吧？沈景川忽然转移了话题。我看你混得也不怎么好嘛，来这个节目？那一千万我不借了。温言一下就反应了过来。所以你上这个节目是为了钱？那不然呢？很意外吗？要不是缺钱，我会开口找你借。行了，你走吧，火快点着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一千万是怎么回事呢。等拍完节目拿到手机再说吧，到时候我截图给你看。可是节目要拍期温言话还没说完。 导演组就有人一路小跑着过来了。他问两人怎么回事，是麦出问题了吗？嗯，沈景川撒谎的时候都面不改色的，是出了点问题，所以我重启了一下，现在好了。他一边说，一边当着节目组导演的面重新打开了麦。温言没沈景川这么理直气壮，一直到导演走了才默默打开麦。正在这个时候，两人面前的甘草团忽然冒烟了，有火星了，着火了，看见了。沈景川没再多说，捧起火种就小心翼翼往营地那边走了过去。 他们终于有火，并且恢复了声音，弹幕也在此刻一片哗然。事实上，从沈景川和温言闭麦起，弹幕就不满了起来。什么情况？刚才我们是看了一段默片啊！是啊，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什么？我不信他们就一直干坐着，在那里挡风点火，一句话都不说。我看见他们点头摇头了啊！急死我了！这两人到底有什么好说的？应该是卖出问题了吧？估计我们刷弹幕发现了问题，节目组看到后就派了一个导演过去，然后导演去跟他们说了一下，声音就恢复了。呜呜、哦，我知道你的解释是对的，可是我不需要这个解释啊！ 我想知道他们刚才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吧？就点火呗，谁信啊？干坐了好几分钟，一句话不说。呜呜呜，正片剪出来能不能恢复声音啊？前面的想什么呢？刚才这个角度，他们根本就没有摄影师跟拍，都隔得远远的，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正片出来这几分钟，多半是要被剪掉的啊！不要啊！越是不给我听的，我就越好奇啊！难不成他们两个之前认识吗？我看 Alex 的性格也不像是那种会主动和人交流的人。闵夏夏想贴他，甚至都被他骂走了，一点面子都不给。 他怎么会主动让温言待在他身边啊啊！我这是还没恋爱就要失恋了吗？是啊，你们看温言走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都变了样，很开心的样子。呜、哦，换我去在 Alex 身边坐几分钟，我也高兴。温言心情确实不错，因为沈景川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难搞，他居然那么轻易就接受了自己失忆的说法，之前的误会想必很快也可以解开了。温言很快回到了秦岩身边，秦岩看见了温言脸上的笑容，不禁也跟着一起笑了，并语气温柔的问道：“是遇见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吗？这么高兴？”嘻嘻。 温言笑的都露出了牙。是的，我们已经有火了，刚刚生火成功了。真的，那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你们两个真厉害，但是我洗的就比较慢了。这桶里面的油渍好难去掉，我洗了半天才洗干净一个。这边这个吗？对，那个是我已经洗好的，你看看行不行？温言把塑料桶拿起来仔细看了看，说道：“已经很干净了，燕姐，这里面原本装的就是食用油，真有那么一点点残留，应该也没什么关系。而且现在我们有火了，完全可以把水烧开后再饮用。来吧。” 我们两个一起洗。说完，温言就捞了一个还没有清洗的塑料桶过来。不过他的清洗手法和秦烟不同，秦烟是单纯用水冲刷，但温言直接粗暴的往塑料桶里面灌沙子，然后盖上瓶盖，左青龙右白虎，咔咔一顿猛晃，看得秦烟好一阵眼花缭乱。妍妍，你这是什么操作？看到秦烟惊讶的样子，温言也有些惊讶。去除污渍，烟姐你不知道吗？沙子在摩擦的过程中是能带走油污的。受教了。秦烟的态度很诚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法子。 没想到你年纪不大，懂得却还挺多的。看来我还是要多多学习。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活到老学到老。你洗的不仅比我洗的干净，而且效率还要高很多。嘿嘿，谢谢严姐夸奖，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那我也来试试。弹幕有一说一，两个大美女真的是好和谐啊，相处的又好。那肯定的啦，优秀的人身边也都是优秀的人。哈哈，温言优秀不优秀我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了，秦嫣这是在向下兼容，她未必真的觉得温言有多厉害，但就是说话好听而已。前面的。 你一句话黑了两个人，知道吗？我黑谁了？知道泥沙能去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在农村是常识，好吧？我小时候没有洗涤剂的时候，就是用河里的泥巴洗碗的，洗干净再用清水多清几遍就行了。温言肯定也是农村人，秦岩一看就知道是城里人。一个城里人夸农村人，不过就是为了照顾他的面子，说明秦岩情商高而已。我真无语死了，看个节目还要在这里扯什么农村人、城里人？农村人怎么了？城里人又怎么了？不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吗？再说温言怎么就农村人了？不像吗？ 你自己看看，人家秦烟笑得多温柔，温言笑的时候还露牙齿，人家秦烟动作幅度那么小，他呢？他还会爬树，不是农村人是什么？本露牙笑且会爬树的人，感受到了你的恶意，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不用力摇晃的沙子能带走油污吗？M D 关弹幕保智商，真是气死！别气别气，反正我既喜欢秦烟的温柔，也喜欢温言的豪放，自然不做作。在这个节目里，温言确实在做自己，这毕竟是一个求生类的节目。 他不可能像在拍电影的时候一样把自己禁锢在某一种特定的性格和行为举止当中。别说他没看到弹幕，就算是看到了这条，他也是不会改的。get 到了新的清洗方法后，两人很快就把所有塑料桶全部都洗干净了。远远看见大家都在忙着搭建营地，他们就没有喊帮手，径直往水源那边去了。他们捡到的桶一共有六个，由于塑料桶的瓶口很小，而且溪流很缓，所以等他们把六个桶全部装满后也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装完水后，问题又来了。 他们两个人加起来也只有四只手，十 L 水就是十公斤重，一只手提一桶，谁走那么远的路？对于两个体型偏瘦的女生来说还是比较吃力的。但令秦烟和直播间观众没想到的是，问题一出现，温言立刻又在第一时间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如果说仅仅靠他们两个人用手提的话，最少也要来回跑两趟。但是温言找到了一根又粗又结实的树枝，一下就这把六桶水全都串在了一起。这样两个人用肩膀抬着六桶水，虽然会有些辛苦，但是一趟就能回到营地。我发现你真的很懂很多爱。 秦言虽然年纪比温言大，但他现在看温言的眼神里都有点崇拜了。直播间也有不少观众夸温言机灵的，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说秦嫣夸温言像是装出来的，再比如刚才那个一直强调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观众又再一次跳了出来，说温言肯定是个农村人，因为他想出来的点子其实就是农村扁担的用法，没什么好稀奇的。其他观众都要烦死这个人了，恨不得把这人给拉黑，但是很可惜，弹幕并没有这个功能。 而温言和秦烟这一高一矮的一对组合，在经历了艰难的一路后，终于回到了营地。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火堆已经燃烧的很旺了，而之前负责生火的沈景川也加入到搭建营地的阵营里。不过，他们搭建的过程好像不太顺利，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因为某个细节而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金浩和闵夏夏。温言和秦烟虽然还没有靠近，但是已经听到了大致的内容。他们争论的议题是搭建好屋顶后剩下的防雨布的用途。金浩的意思是把剩下的防雨布铺在地面上。 这样可以防止反潮，因为地底的泥土里或多或少含有水分。如果夜里大家直接睡在地面上的话，可能会着凉感冒。但闵夏夏的意思却是把这些防雨布围在四周做遮风挡雨的墙壁。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搭建的营地类似于蒙古包，如果有足够的防雨布，那确实是可以将四周都围上。然而盖好屋顶后，所剩的防雨布不够围营地一圈，但是铺在地上应该还是够用的。所以金浩坚持去多砍一些树枝和大的棕榈叶来充当墙壁，但这无疑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闵夏夏就不干了。闵夏夏甚至都没有隐藏自己的小心思，直接就对金浩说：“我们这个营地是给七个人用的，你搭建的时候就是往大了做的。现在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屋顶给弄好，你又说要去砍树枝找树叶，那我们体力都不够了呀！你不想休息，别人还想休息呢。”金浩脾气原本是不错的，但是这个闵夏夏她也是真的服气了。她就是一个小公主，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来野外求生。但是金浩不像她那样不识大体，即便很生气，但仍然耐着性子解释。 就算按照你的那种说法去做，防雨布也是不够的。我们围了一部分之后，还是要去砍树枝和树叶。而且我们几个男士也没有说让你一个人去干粗活重活，大家都是集体合作，尽量把轻松的活交给女士。现在天色还早，营地是生存的基础，活我们有了，水也有了，食物也有了，总不能就坐在这里看海浪吹海风吧？争吵间，温言和秦烟已经抬着水来到了火堆旁。许和看见他们，连忙提议：“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遇到问题只是一味的争论。” 恐怕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既然现在秦烟和温言两位也回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小团体就算是人齐了。不如我卖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温言和秦烟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金浩第一个举起手，我提议防雨布铺在地面上。闵夏夏也不甘落后，我提议防雨布当做墙壁。谁赞成我的，请举手。闵夏夏想要抢占先机，但是很可惜，除了他自己，在场的并没有其他人附和他。他不服气，扭头看了一眼斜后方的尹浩宇。尹浩宇深吸了一口气。 在闵夏夏的注视下，只好缓缓举起了手。闵夏夏嘴角这才扬起一抹笑来，并继续问道：“还有支持我的吗？反正节目组给了睡袋，晚上我们也是睡在睡袋里的。”金浩皱起眉：“我不建议睡袋直接和地面接触，支持铺防雨布的请举手。”说完，他再次举起了手。闵夏夏见状，赶紧把自己的手给放了下去。但转眼一看，尹浩玉的手还举着，他就赶紧踹了尹浩玉一下。尹浩玉只好讪讪的也把手给放了下来。而毫无悬念的。 刚才没有支持闵夏夏的人全部为金浩举了手，二比五，少数服从多数，闵夏夏败北了。他不高兴，脸色很难看。尹浩玉看见了，立刻上前去小声安慰他：“你别担心夏夏，一会儿你跟在我后面就好，保证不让你干重活。”闵夏夏暗暗翻了个白眼，重活你让我干我也干不动。我刚才已经干过了，现在体力透支了。不像某些人，从上岛到现在一直都在干些轻松的活儿。都是女生，凭什么我就要干拖木头、拽树枝这种重活？某些人就不用了，你说是不是啊，温言？ 闵夏夏看菜下碟，秦烟比温言火，温言就是个走黑红路子的十八线，所以他就阴阳怪气 Q 了温言。温言一脸懵逼，他都有点搞不懂闵夏夏的脑回路了。这是一个需要集体合作的节目，不是那种分组竞技的淘汰制综艺，需要争夺出一个冠亚军出来的那种。他怎么就实名开火了？难道是为了博直播的热度？而事实上，温言猜的一点都没错，闵夏夏就是为了博热度。此刻的弹幕也快要骂疯了，这个闵夏夏是不是有毛病？ 是这里会有一座岛，是因为海水都被灌到他的脑子里去了吗？我真是服了，不只是他，还有那个尹浩玉，我该说他是痴情呢，还是傻呗呢？跟被下了降头一样，白瞎了尹浩玉的一张小白脸。喜欢他的人应该不少吧？干嘛就非要去做闵夏夏的舔狗呢？这个闵夏夏不仅是个蠢货懒货，而且还是个坏货。他阴阳怪气 q 温言干什么呀？欺负圈里混的比他差的呗？我看今后这个老大哥都没把他怎么样，也不知道温言会怎么回应。哈哈哈,哈，我是来看撕逼的，抛开对错不说，我想看看他们能撕成什么样。 温言却是不想阴阳怪气和闵夏夏撕逼的，他只打算心平气和讲道理。夏夏姐，本来像你这种问题我是不会回应的，但是你是我的前辈，既然你喊到我的名字问我了，那出于礼貌，我应该是要予以回复的。第一，你都没看到我和燕姐是怎么干活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干的活儿一定比你轻松呢？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还觉得你捡树枝比较轻松呢，毕竟我们又要上树割藤子，又要下海捞塑料桶，完了还要把几桶装得满满的水抬下来，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第二。 之前分配任务的时候，我就已经征询过你的意见了。我有问过你是打算去找水还是去捡柴，是你自己选择去捡柴的。你现在这么问我，不是想要怪我抢了找水的任务吧？闵夏夏也没想到温言一个没什么热度的十八线，居然会这么刚。他只是说了两句话而已，没想到这个温言竟然长篇大论说了这么多。明明金浩都要让他三分，这让他很下不来台。他梗着脖子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后，这才笑眯眯的找不到。你看你应激了不是？我也就是随口说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哦，不就是笑吗？谁还不会？温言笑的比米夏夏笑的还甜还灿烂，他可是很会扮演死绿茶的。原来是这样呀，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呢，姐姐不会当真了吧？不过姐姐如果要怪我的话也是可以的，早知道我就去检查了，这样姐姐现在就不会生气了。都是我的错，让姐姐为难了。哎，我怎么会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好呢？众人努力憋笑中，弹幕：卧槽，一个比一个六。看来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消灭一个死作精只需要一个死绿茶。这一回合我宣布。 绿茶圣，请把“死绿茶”打上引号。我们妍妍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为了伸张正义、打败黑魔法才不得不变身的。闵夏夏自己也是万万没想到，上一秒还在义正辞严般道理准备自证的人，下一秒就会画风突变，忽然卖惨装起绿茶来了。可这温言充其量也就是个刚刚能叫出名字来的娱乐圈新人而已，他是怎么敢在自己面前戏这么多的？疯了吧！录个节目连个助理都没有的人，闵夏夏气坏了，心里一万个不服气。他觉得自己今天如果败在了这个温言的手里。 那么以后不光是这个节目组里的嘉宾，就是圈子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会骑在他头上拉屎了。他想把温言给怼回去，可思来想去的这会儿功夫，他已经错过了还嘴的最佳时机，所以他脑子一抽就干了另外一件蠢事。只见他雄赳赳气昂昂走到温言身边，弯腰就提起了温言脚边一桶水，并冠冕堂皇地说：“反正都是互帮互助，谁也别嫌活累。我不嫌你也别嫌，你享受我劳动成果的同时，我也可以享受你的。刚好这里有七桶水，一人一桶，那我的这桶我就先拿走了。” 谢了呀，闵夏夏努力想要做出一副轻松将水提走的样子，奈何十公斤对她来说实在不是个小重量，她提起来还挺费力。别说他费劲了，就是一旁其他几个嘉宾看着也费力。他们有点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闵夏夏这样的人？这种人在集体里面是真实存在的吗？答案是 yes，这种离谱的人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因为现在他们就已经见识到了。今后都不好意思说闵夏夏，第一次他选择防虫喷雾并将东西占为己有。 不愿交工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对他产生疑惑了。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还来这一招，他真想把闵夏夏拉到镜头之外去，好好和他聊一聊。但是仔细想一想，自己好像并没有这个立场。像这样集体感不强的人，他肯定会排斥别人对他发号施令。现场的嘉宾们对于闵夏夏的这个行为是不满和尴尬的，直播间的观众更是开始了激情开喷模式。但是这次和以往不同，弹幕不仅喷闵夏夏，同时还在喷现场的其他嘉宾。啊！我要气死了，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一脚把这个闵夏夏给踹开吗？ 这么多人没一个骂他的，我真的是要砸手机了，烦死了！能不能让我魂穿过去，随便魂穿谁？我要把闵夏夏的手剁了！弹幕的发言显然是过激了。面对着直播镜头，现场的嘉宾们肯定是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对闵夏夏动手。在说任何话和做任何事情之前，他们还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过温言已经不打算忍了。只是他刚张开嘴巴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一旁暴毙斜靠在树干上的沈景川抬起一脚就踩在了塑料桶上。闵夏夏提着塑料桶的把手，把手下面是瓶盖。 现在，沈景川的脚正不偏不倚地踩在瓶盖和闵夏夏手指的空隙里。十公斤的水对闵夏夏来说本来就有点吃力了，现在再加上沈景川脚上的力道，坚持不过两秒，他就把水桶松开了。Alex，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瞎吗？沈景川才不惯着他，我的意思明摆着了，不懂。这里一共六桶水，你一个人提走一桶，算是怎么回事？幼儿园学历嘛，数数都不会。我看你回去还是花点钱请个家教吧。闵夏夏闻言，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水桶。 再加上他身边的这一桶，还真是只有六桶。他心里面其实已经在卧槽了，想着要不顺着这个台阶说自己刚才是没看清楚。可是这个 Alex 说话太气人，他又放不下这个脸面，咽不下这口气。然而就在他犹豫的十几秒里，事情已经开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沈景川居然说：“但是我忽然觉得，按你刚才的说法去分配这些淡水资源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们一共有七个人，但是水却只有六桶，所以我们就只能先到先得了。现在你和我脚边就有一桶，不过很遗憾，我比你快。” 所以这桶水是我的了。你，闵夏夏瞪了沈景川一眼，凭什么规则由你来定？沈景川赏了他一个白眼，学你的呀，很难理解吗？还剩下最后五桶，现在开始吧。开始就开始。反正闵夏夏心里是算准了的，这里除了这个 Alex 和温言，其他人压根就不会把自己怎么样。就算温言一会儿再拿一桶水走，那么还剩下四桶，他也是能够单独拥有一桶水的。可是就在他准备过去拿水的时候，沈景川却拿起了一旁的斧头，拦在了他面前。 闵夏夏被吓了一跳，你这又是什么意思？沈景川面无表情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漫不经心道：“健身。”说完，他又看向温言：“拿呀，怎么都站着不动？”温言不愧是沈景川啊，这小暴脾气好像有点招人喜欢呢。拿、啊，我现在就拿。虽然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会跟着沈景川一起胡闹，但是在教训闵夏夏这件事情上，温言是一定会配合沈景川的。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继温言提走了一桶水后，秦烟也动作了，紧接着是金浩。 然后是许和，每次有人动的时候，闵夏夏都试图走过去，但都被沈景川以健身为由给挡在了原地。最后，闵夏夏急得都快哭了，他大声控诉沈景川：“你能不能别这样？我害怕。”尹浩宇也站出来替闵夏夏说话：“Alex，你这样就过分了吧？竟然对着一个女生亮斧。”尹浩宇一句话还没说完，沈景川就开始喷他了：“现在有你事儿了？刚才他为难温言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对他说教？现在你冒出来了，晚了。”忽然被 Q 到的温言愣了一下。 所以他这是在为我出头吗？不是因为他单纯看不惯闵夏夏的所作所为。我以前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跟家里大哥二哥也算熟了，他们好像也没这样维护过我爱。